黎明时，天空一片灰白暗沉，远远近近有公鸡在打鸣。卫青动了动早已僵冷如木头似的身体，神志还未完全清醒，旁边就有骂骂咧咧、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小蹄子，都什么时辰了，还不起来扫猪圈喂猪？敢偷懒，我不打死你！”林婆子一把将卫青从猪圈里揪了出来，就地抽了一根万粗的棍子，就毫不客气地往他身上抡去，好像这样打他一顿，自己这一天就会有个好心情似的。吃我的，喝我的。 还不干活，真把自己当大小姐吗？看老娘不收拾你！看林婆子那就亲嫁熟的样子，给卫青吃棍子早已是家常便饭。闷头一棍，打的卫青脑门胀得快裂开，强烈的痛感总算使他清醒了两分，仿佛也打开了他记忆的阀门，无数不属于他的夹缝中的记忆，就像缓缓展开的扇面，一缕缕铺平开来，涌入他的脑海。他是卫青，可记忆中的这个被丢在乡下受尽折磨的人，也叫卫青。林婆子骂出的话不堪入耳。 他挥下的棍子更是毫不手软，卫青还来不及想别的，感觉到视线有些黏腻，棍棒之下，浑身都是一股子僵硬钝痛。他伸手摸了摸脑门，放到眼前来一看，看见满手都是鲜血。卫青皱眉道了一句：“居然破相了。”林婆子一听，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是要他去打扫猪圈去喂猪，结果这个小野种却还关心自己是不是破相了。林婆子闻言冷笑道：“破相，今个我还得让你掉层皮。” 说罢，手里的棍子便又重又狠的又要往卫青的身子骨上砸。这一棍下去，若是以往，毫不怀疑能把他打趴下。然而这一次棍子还没沾到卫青的身，林婆子的动作突然顿了一顿。就在离卫青咫尺之时，她往下沉了沉手腕，发现棍子像被卡住一般，居然挥不下去了。林婆子搭下眼皮一看，不由眼角跳了跳，只见那棍子的另一端竟被卫青稳稳的握在了手里。 他的手瘦削非常，用力之时，手背上的骨骼和筋脉隐隐凸起，分外修长。没想到这死丫头居然敢忤逆他，现在还敢伸手来接他的招了。林婆子十分恼怒，刚准备用力，哪想卫青动作却比他快了一步，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好似手腕巧妙的使力，回肘一抽，就把棍子反手夺了过来。卫青满是血痕下的脸没什么表情，他方才被林婆子打坐在地上，直了直背脊，屈着双膝，抬头直视着林婆子。 林婆子居高临下的瞪了瞪眼，有些反应不及，又有些不可思议。她正要破口大骂，卫青手里的棍子突然就精准的往她膝盖骨上弹去，实实的敲了一记，顿时出口的便是一声吃痛嚎叫。林婆子人也跟着屈膝跪了下去。那一敲看似没用多大的力气，可敲的地方厉害，林婆子感觉自己的膝盖骨都撕折了一般，跪在地上疼得要命。林婆子疼得直喘气，怒目死瞪着卫青，骂道：“小贱种，你要翻天了！” 我非整死你不可！话还没骂完，卫青又一棍子直接往林婆子的脑门上闷去。林婆子两眼一翻，再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干干脆脆晕死在地。天刚蒙蒙亮，草棚底下的猪圈里，三五只肥头大耳的猪拱来拱去。卫青先前正是从里面被揪出来的，他浑身都充斥着一股猪臭气味。卫青在地上坐了片刻，才缓缓地站起身，扫视了一眼这个再简单不过的乡下小院。 这时，房门吱呀、啊、一声被打开，一个蓬头散衣的女子出现在门边，睡眼惺忪，揉着眼睛打着呵欠道：“才这么早，娘你鬼哭狼嚎什么？”卫青脑海里下意识就记得，这是林婆子的女儿，叫林翠翠，平日里好吃懒做，把卫青当牲口使。林翠翠刚一问出话，就看见林婆子瘫在地上一声不响，而旁边站着的卫青一脸血色，手里还拎着根棍子。林翠翠面色顿时就扭了扭，尖声呵斥道：“朱女，你把我娘怎么了？” 卫青稀疏平常道：“可能是摔了一跤，磕到了脑袋，晕过去了。”林翠翠盯着他手里的棍子，一脸不信。但是她不得不承认，这个样子的卫青似乎有点可怕。他的眼神变了，态度也变了。卫青顺着林翠翠的视线，一看了一眼自己手里的棍子，不置可否的挑了挑眉，然后随手抛进了猪圈里，分明是睁眼说瞎话，他还面不改色。 虽然很让人怀疑，可在林翠翠的印象里，他娘已是村里头少有的凶悍。以前卫青挨打的时候，吭都不敢吭一声，怎么可能有那个胆子反来打他娘？今天卫青猪圈也不扫了，猪也不喂了，直接就朝院落里最偏的那间房走去。林翠翠见状，嫌恶道：“你这个猪女，一身猪屎，你的窝不就在那猪圈里吗？还想进房间？”卫青没理会她，直接开门进去，把房门关上。 这间偏陋的房间以前是卫青住的，但自从他被赶去猪圈以后，就被用来放置杂物了。他翻出洗得发白的粗布衣服换上，拿布条擦了擦脑门上的血，躺在杂物上缓了口气。脑子还胀得厉害，只要他一闭上眼，那些过去的画面就又源源不断的浮现出来。卫家的朱红大宅门，凄凄凉的后院，仆人的势利嘴脸，还有卫青的爹卫慈叔和他的妾室徐氏。想到这两个人时，卫青的心就像被刀子狠狠捅,捅过一般。 记忆里的最深处，有一抹世上最温柔、最圣洁的身影，却在那年冬日出晨的第一抹阳光照亮窗棂的时候，随着房梁上垂下的三尺白绫而香消玉殒。记忆里仿佛是他亲手推开了那扇房门，仿佛是他亲眼看见那副光景。他还太矮太小，拼命地跑过去，想要托起上方悬挂着的人，却怎么都托不住，只剩下痛，痛的彻骨。卫青闭着眼，良久叹口气，眼角微红，道：“卫青啊，卫青，你活的可真够窝囊的。” 院子里，林翠翠费力地把林婆子拖回屋里，猪也顾不上喂了。等她回过神来想找卫青时，发现卫青已不在了偏漏的房间里。他一早就出门去了，直到快傍晚才回来。卫青额头上有伤，这院里估计不会有什么药，他得出去找药疗伤，止血是其次，留下了疤可就不好了。他很快地收拾好了自己的情绪，既来之则安之，在哪里过活不是活。上午时，林婆子才悠悠醒转过来，对卫青恨的是咬牙切齿，一直破口骂个不停。 不知卫青是怎么敲的林婆子的脑袋，她脑门上起了一个大包不说，脑浆都像是要糊了一般，晕得她一阵恶心犯吐。林婆子要脸，只嚷着要收拾卫青，可没说卫青打了她，不然传出去还以为她好欺负。从来只有她收拾别人，哪有别人收拾她的份儿？因而林翠翠也不知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她问林婆子：“娘，那贱人是不是走火入魔了？”林婆子啐道：“我看他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听说卫青出去了。” 林婆子扒着床沿，恨恨道：“老娘定要扒了他的皮！”她抬头看了一眼林翠翠，恶狠狠道：“愣什么愣？还不快去给老娘做午饭！”林翠翠满腹怨气，以前做饭可从来轮不到她做，都是那贱人害的。她不回来干活，跑到哪里去了？傍晚的时候，卫青回来时，脸上的脏污洗得干干净净，露出清瘦的面颊，额头上的伤也用药草敷过了。没想到还拎了一只野鸡回来。他走时拿了一把砍柴刀，到了山林里做了一些简易的捕猎陷阱。 不光今日捕到一只野鸡，兴许明后日还会陆续有猎物掉进他的陷阱里。彼时林翠翠正端了一盆他做好的猪食出来，累得满头大汗，抬头看见卫青，满肚子火气没处发，喝道：“贱人，偷懒是吧？一天不见人影，去哪和野男人厮混了？还不快过来去喂猪，否则我娘打断你的狗腿！”林翠翠端的那盆猪食，还是他费了半下午功夫辛苦煮出来的。今天一天都没喂猪，林婆子还躺着，自然只能由他来。 可以前这些活可都是卫青干的，他现在当然火气大得很，那喷火的眼神都恨不得把卫青烧焦。卫青也不反驳，放下手里的砍柴刀和野鸡，道就来。林翠翠见他这顺从的姿态，心里这才舒坦了些。平日里他不就该被自己呼来喝去的吗？今天早上他那副有点可怕的样子，一定是自己没睡醒看错了。猪时还冒着热气，林翠翠鄙夷而恶毒地笑了笑道，出去浪荡了一天，没饭吃肯定饿了吧？ 你可以自己留点，剩下的再给猪吃。反正猪女配猪食，你又不是没吃过。以前卫青整天挨饿，林婆子不给他饭吃，便只给他吃这样的猪食。卫青走到林翠翠面前，伸手接过她那盆猪食。林翠翠又啐道：“你以为你不吭声就没事了吗？你在外面定是勾搭了野男人吧？啧啧啧，真是和你那下贱的娘一个德性。当初你娘不甘寂寞，背着卫大人偷了汉子，说不定你就是他和那奸夫生的杂种，还配姓卫？卫大人是宅心仁厚。” 当年是魏家的人把卫青送到这乡下来，交给林婆子看管的。林婆子听到些什么，不足为奇。燕儿这些陈年旧事，总会有人拿出来嚼，翻来覆去嚼不烂，却总恨不得用自己那张恶臭的嘴去重伤。以往卫青听到这些恶毒之语时，没有还击之力，只能忍气吞声。而今嘛，呵。林翠翠话还没说完，卫青便端着那一盆热腾腾的猪食，上前一步，举起到林翠翠的头顶，然后不紧不慢的兜头泼了下去。 那猪食烫得林翠翠跳脚，林翠翠又惊又叫，那声音活像要杀猪一般。她满头都挂着糙糠叶子，脸色烫得通红，瞪大着眼，死死瞪着卫青。贱人，你敢泼我，我要杀了你！卫青若无其事地顺手把铁盆丢在了地上，发出哐的一声鸣响。他一脸理所当然地道：“不是你要我喂猪吗？我不正在喂吗？”你，林翠翠气得舌头打结。转眼间就见卫青转身又把那把砍柴刀拎了起来，回到林翠翠面前。 他身上那股自然而然流露出的煞气，与早上林翠翠见到的如出一辙。林翠翠不由心生畏惧，往后退了退。你，你想干什么？卫青道，你不是要杀了我吗？来，试试。林翠翠盯着那把砍柴刀，以前不是没用过那刀上山砍柴，可而今被拎在卫青手里，他竟然没有勇气去接。他害怕，他刚一伸手，卫青就会举刀剁了他的爪子。且看卫青眉目间那种不动声色，林翠翠感觉那种是他一定做得出来。 魏青等了一会儿，也不见林翠翠来接，他不由勾唇嗤笑一声，回头去拿角落里的野鸡，转身往厨房去了，随口道：“长到十六七岁，村里上下也没一个人上门提亲，好意思说别人是杂种，怎不见你有个爹？”一句话踩到了林翠翠的痛处，她又惊又怒，气得眼眶发红，直跺脚。鉴于魏青手里有刀，却不敢再嚣张半句。林婆子还在卧床休息，被外面林翠翠的鬼哭狼嚎声所吵醒，她还没来得及起身出去一看究竟。 刚一坐起来，就见林翠翠冲到房里来，脸上身上挂着菜叶，趴在林婆子床前哭得惊天动地。林婆子本就是要找卫青算账的，眼下见卫青狗胆包天，居然欺负到她女儿头上来了，怒火就蹭蹭蹭往上冒。林翠翠伤心地哭道：“娘，那个贱人往我身上泼猪屎，他还骂我是杂种，呜呜呜，他说我没有爹。”一番话气得林婆子肝胆俱裂，她捞起袖子就下床，怒不可遏道：“那狗娘养的小东西在哪儿？” 我非要让他知道知道谁才是这家的主人。林翠翠擦了擦,擦眼泪，道：“他去了厨房。”说罢，林翠翠就看着林婆子气冲冲的往厨房去了。旋即，她收住了眼泪，嘴角露出一抹得意的笑，让她娘去收拾那个小贱人。她娘有的是手段跟力气，保准把小贱人打个半死。这头，林婆子气势汹汹的闯到厨房时，卫青正给野鸡烫毛、清理内脏，然后光溜溜的摆在案板上。 林婆子不知他哪里弄来的鸡，愣了一下，还没开口说话，就见卫青随手取过菜刀，动作不紧不慢，游刃有余，咚的宰了下去，血沫溅红了整个案板。不知怎的，见到这幅场景，林婆子的气势就不自觉弱了一截。夕阳绯红的余晖从树栏窗户外斜照了进来，落了卫青满身。他刀法娴熟的宰完了整只野鸡，方才回过头来盯着林婆子，仿佛那双波澜不惊的眼睛里也浸染着红红的，不知是夕阳还是鸡血映射的光。 林婆子一阵汗毛直立，猛然醒过了神来。这丫头再怎么突然心情大变，充其量也不过还是个黄毛丫头。她林婆子活了这么多岁，还怕对付不了一个死丫头？况且今天卫青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她大为恼怒，不狠狠收拾一番，出不了这口恶气。林婆子眼风四下一扫，拿了一柄墙边靠着的铁铲，就表情凶狠地走了过来。她不怕卫青手里有菜刀，只要他不靠近，那菜刀就伤不着她。而她却能用铁铲铲,铲掉卫青身上几块肉。 此刻灶堂里正烧着木块火堆呢，锅里的水快要沸腾开了。卫青见状也不慌不忙，就在林婆子几步开外时，他抬脚往灶堂里的柴火踢了踢，顿时一根燃烧着的木块被他单脚踢了出来，还没燃烧过的部分稳稳地落在卫青的脚背上。只见他抬起腿，平移着脚，将那烧着的木块移到了角落里。林婆子瞬间脸色大变：“小杂种，你疯了不成？”因那角落里正放着一堆干燥的木柴，若是一丁点火星落下去， 当即就能点燃了，来，更别说卫青把这样一块柴丢进那角落里，干柴烈火一上来，那林婆子这厨房就别想要了。不光如此，这小院屋顶都是用茅草搭的，夜里要是一起风，不仅厨房，怕是整个房子都会化作火堆。卫青单脚立着，一边从容的将宰来的鸡块放进了沸腾的水里闹，不一会儿，滚滚水面上便飘起一层浮沫，一边侧头看了林婆子一眼，笑笑道：“悠着点，我平衡力可不好。” 林婆子咽了口唾沫，手里紧握着铲子，却不敢再妄自往前走一步。她一脸的愤恨，脸上的横肉都有些扭曲了，凸着眼珠子盯着卫青脚背上的火柴，生怕一点点火星落下去了，恨恨道：“还不快把火放回灶堂里！”卫青扬了扬眉，还不放下东西滚。林婆子都快要气炸了，却偏偏拿他没有办法，最终只得啐了一口，丢了手里的铁铲，面目狰狞地走了出去。 林翠翠本来是等着看好戏，见林婆子这么快就出来了，忙贴上来幸灾乐祸地问：“娘，那小贱人是不是收拾服帖了？”林婆子一肚子气正没处发呢，瞪了林翠翠一眼，一巴掌把她拍得发懵。不一会儿，厨房里就飘出了一阵肉香。夜幕降临，村子里有犬吠迎着主人回家，别家里咯咯叫的鸡欢腾的回了圈。卫青的鸡汤也熬好了，林婆子和林翠翠坐在屋檐下，顿生感触，今天一天发生的事情比过去一年都要刺激。 往日那个任他们欺凌的卫青，像突然被妖魔附体了似的，古怪又凶蛮到令母女俩根本无法接受。就好比眼下，卫青自顾自喝着鸡汤，根本不把他们母女俩放在眼里。要是以往，哪有他吃肉喝汤的份儿？连骨头渣子给他吃都是浪费。林婆子家虽不是穷的解不开锅，但也不可能天天鱼肉伺候。燕而林翠翠看见卫青吃鸡喝汤时，馋得直咽口水，不停的用手肘去夺他娘，想让他娘去把鸡汤抢过来。 可卫青旁边就放着那把砍柴刀，林翠翠忌惮，林婆子同样忌惮，碎最后林婆子和林翠翠只能眼睁睁看着卫青把鸡汤都喝完，剩下一些鸡肉，卫青吃不完，林翠翠见他起身，就忙道：“你吃不下了吧？吃不下就放着吧。”卫青低头看了一眼锅底剩下的少许鸡肉骨头，眼里有些腥味道：“这是打算给猪吃的，你也要吃。”林翠翠气得脸色涨红，却一时想不出反驳的话语，看着卫青果真把他吃不下的都拿去倒进了猪槽里。 这个小贱人，他一定要给她点厉害瞧瞧。林翠翠今年十七了，还没能嫁得出去。一如卫青所说，村里上下，甚至隔壁村里，连个上门说亲的都没有。一是林翠翠好吃懒做，村里人都看在眼里；二是林婆子恶名远扬，非一日两日。林翠翠染了些林婆子那霸凌的作风，久而久之，与村里一些无所事事的恶霸小流氓们有所往来。 这日，林翠翠偷了他娘的几个钱出去，找到村里的那些个恶霸小流氓，请他们帮忙收拾卫青，最好是先狠狠打一顿，把他打个半死，然后要怎么折腾，随他们的便。几个小流氓爽快的答应了，有钱收，又有丫头可以欺负，这么好的事谁不干？按照计划好的，林翠翠需得先把卫青给引出来，引到没人的地方，再让小流氓们下手。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想看一看卫青的惨状了呢。 到时候那贱人一定叫得特别的凄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心里才痛快。至于怎么让卫青出来，这太容易不过了。他换下来的脏衣服总要到河边去洗。这一次卫青去时，林翠翠说要和他一起。卫青走在前头，日光下他眯了眯眼，道：“难得。”林翠翠对着他的背影牙痒痒，等一会儿看你还怎么嚣张。从小院到河边有一段距离，要走过几条田埂，再途径一段土墙。 土墙里端是一座废弃已久的茅草屋，眼看着那土墙越来越近，林翠翠也越来越兴奋。卫青和他堪堪从那土墙外经过时，适时一阵风起，伴随着林间几声欢快的鸟语。这时，随着风声一紧，土墙里面早已候着的几个流氓突然就从里面麻利的冲了出来，其中一人手里张开一个麻袋，当即就要往卫青的头上套；另外一个人手里擒着根木棒，就等着同伙把麻袋套上以后，就往卫青身上招呼。 怎料麻袋还没套到卫青头上去，他反应极快，几乎与此同时，扬臂一挡，那流氓没反应过来，发现麻袋反被卫青给一手拨开，扔到了地上去。风吹动树叶的声音稀稀疏疏的在头顶响起，他微眯着眼，同人在树荫下黑的没底。另一个流氓见状，回过神，当即举着木棒就朝卫青打来。卫青侧身抓过他的手腕，那木棒轻巧的自他身侧落下，然后击打在了原本套麻袋的同伙身上，同伙惨叫一声。 歪倒在地，几个流氓都愣住了。卫青扶了扶布衣，不喜不怒地道了一句：“没礼貌。”说罢，手上一翻转，巧是夺过了木棒。那拿木棒的流氓不知他怎么用的力，约莫是用力的扭了一下木棒，使得他的手腕也扭得生疼。卫青便拎着木棒，缓缓朝那流氓走过去。流氓下意识的后退，边上还站着两个同伙。同伙见状，当即朝卫青扑过去。 卫青头也没回，一棒子回肘扫在了他们的膝盖上，两人当即呼痛，整齐的跪了一地。剩下的这个便是几人当中的头，小流氓头目瞠目结舌。卫青抬起木棍指着他，他便一步步后退，退到了土墙边。他看着卫青，咬了咬腮帮子，不甘心，还想反抗一下，就被卫青手里的木棒适时抬起，抵住喉咙，用力往土墙上一摁。流氓头目眼珠子往外凸，张了张口，却发不出声音，感觉自己喉咙都快要被他碾碎似的。 梗子紧紧地贴着土墙，灰褐色的墙灰被蹭下来，簌簌往下掉。不一会儿，那流氓头目就满脸通红，青筋暴起，仿佛下一刻就会咽气。树荫间的阳光斑驳地落在卫青脸上，衬得他皮肤白皙。他微抿着唇，手上用力时依旧骨节突出，十分明显。其他同伙见状，忙不迭地爬起来，想要帮忙。卫青眼风淡清一扫，道：“莽莽撞撞，我弄死他也没关系吗？”几个同伙心里骇然：“你你还不快放了他？” 卫青嘴角勾起一抹似有似无的弧度，看我心情。说着，他便歪头活动了一下脖子，发出轻微的骨骼声响，问被他死死抵在土墙上的流氓头目道：“没礼貌的时候应该怎么赔礼？”流氓头目扒着木棍，极艰难地喘口气，纵是不甘，可他的命还捏在这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死丫头手里，不认栽不行。片刻，他从牙齿缝里挤出一声：“对不起。”大声点，“对不起。”今日算你倒霉，出门不看黄历。 说罢，卫青抵着他脖子的木棍松了松。就在那头目刚松口气时，他猝不及防，又是当头一棒，当即把人闷晕在地。几个同伙又惊又吓，哪还敢招惹？手忙脚乱地搀扶起头目，就慌里忙张地跑掉了。卫青随手把木棍丢在一边，顺眼看了看自己的手，说了句毫不沾边的话：“这手真有点糙。”再抬头看时，见林翠翠目瞪口呆地正站在不远处，脸色煞白。 他本来是打算看一出好戏的，可万万没想到，村里最无赖的一伙地痞流氓，居然对付不了这个小贱人。光看卫青收拾人的手法和从容不迫的态度，就让林翠翠一阵胆寒。这哪里还是以前那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卫青？林翠翠撞上卫青的视线，浑身一抖，手里端不稳装着脏衣服的木盆，哐当一下摔在地，却顾不上捡起，嚎叫一声，扭头就仓皇的往前跑。卫青眯着眼看着林翠翠跑远的背影，不置可否。 正当他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时，身影蓦地一顿，冷不防侧头往那边的竹林看去。那竹林下站着个人影，看形容像是村里的某个村妇，约莫是刚巧路过。卫青也不掩饰，只微微点头致意。村妇见他发现了，忙转头就匆匆离开。这头林翠翠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见着林婆子就好，不得了了，不得了了！那个贱人，他他被关公附体了！林婆子一阵暴躁，胡言乱语什么？林翠翠一脸害怕道。 是真的，你亲眼看见他把村头那几个混混打得落荒而逃，下手那般狠，若不是关公附体，怎么那么能打？林婆子脸色变了变，事到如今，她不得不正视起这件事来。卫青性情大变，确实与以前判若两人。现在就连林婆子也自认治不住他，真要放任下去，这日子可怎么过？林翠翠与她想到一处去了，咽了咽唾沫，道：“娘，要不要去与卫家那边说一声，让他们把那丧门星接回去？”林婆子瞪她一眼。 道：“魏家真要想把他接回去，早就来接了，岂会这么多年不闻不问？魏家把卫青丢在这穷乡僻壤里，分明就是想他自生自灭。只怕林婆子随口胡诌说卫青在这乡下病死了，他们也不会派人来看一眼的。”林婆子想到这里，一双老辣的眼里已有了主意。既然如此，就莫怪他自行处理了。反正那小蹄子是绝不能再留在这里了，不然指不定以后就会闯出什么祸事来。林翠翠见林婆子神情，便问道：“娘，你可是有了什么主意？” 林婆子看他一眼，找个牙婆子来把他卖了，末了还能卖点钱。他不服帖，有的是人收拾他。林翠翠一听，顿时喜上眉梢，合计道：“就把他卖进城里的青楼，还能多卖点钱。”卫青去河边洗了衣服，想起自己在山中弄的捕猎陷阱，下午时又往山林里走了一趟。山林除了飞禽走兽，派得上用场的草药也甚多。村里人不懂这些，又害怕野兽出没，因而基本上不往山里走动。林子里树叶茂密，有些遮挡目光。 卫青走了没多久，林中的光线便逐渐暗淡下来。村头鸡鸣狗叫，宁静的屋舍上浮起了袅袅炊烟。卫青找了许多草药，随手拿着根树枝，拨开脚下的层层落叶，在山林里晃悠着。卫青一路查看之前他所布的捕猎陷阱，结果都一无所获。眼看着天色欲暗，他本该返下山去，可想着往林子深处还有一两处陷阱没有查看，说不定里面有猎物呢。卫青是个有始有终的人，虽在花一些时间往林子深处行去。 事实证明，他料想的不错，那捕猎陷阱里确实捕到了猎物，远远看去还是个大家伙。林中缓缓浮动的空气中夹杂着一丝丝不易察觉的血腥。魏青动了动眉头，暗自警觉，一步步走上前去，见躺在地上的猎物，实则是个人。稀薄的微光下，此人一身黑衣，一只脚正被卡在他的陷阱里，陷阱里有削尖了的木棍，在他踩进去的那一刻便能扎穿他的皮肉，所以才不容易第一时间把脚抽出来。 卫青在黑衣人旁边站了站，确定黑衣人已死，他背后有一道致命伤，空气里的血腥味就是由此散出的。大抵是因为他比较倒霉，一脚踩到了卫青的陷阱，误了时机，才被对手杀掉。林子里明显有打斗的痕迹，且范围还很广，卫青不用亲自走去确认，料定这里死的绝不止脚边这一个。他领了领神，转身便朝山下走去，此地不宜久留。 可刚一挪动着脚走了几步，冷不防一道低哑的声音从那边一棵粗壮的树背后传来，虽是透着疲惫，却仿若沉木的钟鼓之声，悠远而动听。姑娘独自一人上山来，就不怕遇到坏人吗？卫青脚步一凝，道：“怕呀，所以我这不是赶着下山吗？”你背篓里可是药草？他问。卫青暗啐一声，怕是从他一靠近这片范围一时，就被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卫青抬脚继续往前走，道：“不是。” 又走了几步，身后那声音悠悠传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美德。”卫青扬了扬眉，道：“你运气不好，遇到的是个不怎么有美德的人。”他料想这人躲在树后，迟迟不现身，又要他背篓里的药草，必是伤得十分严重。卫青要走，他未必拦得住。结果他却说道：“我这里有钱，可以向你买。”卫青回头去一看，见他从树后伸出一只手来，那手心里躺着的果真是两锭白花花的银子。卫青心里一动。 他现在身无分文，能弄到点钱也好。遂他主意一改，转头朝那棵树走去，道：“你不是被人追杀吗？命都快没了，竟还把银子揣得这么紧？这银子应该很重吧？你一路逃命，揣着也碍事，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卫青走到大树旁，没见着树后面躺的是怎样的一个人，便从他手上取走了银子，却见他那只手洁白分明，分外好看。他想趁卫青取走银子的空当，反手抓住他的手腕，但卫青早有防备。 手腕灵活一挑，叫他抓了个空。卫青一时没现身，道：“先把你的武器给我。”“嗯。”“我若救了你，万一你恩将仇报，拿武器宰了我怎么办？”他道：“那我若把武器给了你，一会儿你拿武器宰了我怎么办？”卫青一耸肩：“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都没有，我还救你作甚？多谢你的银子，我走了。”还未及转身，适时，术后的人便把一把长剑递了过来，那长剑上还滴着粘稠的血。 他道：“我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你了，麻烦姑娘道德一些。”卫青勾唇笑了笑，伸手接过他的剑，手指碰到他的指尖，温温凉凉的，看样子甚是虚弱。卫青也不再耽搁，拎着剑便绕过大树，走到了他面前。眼下夜色来临，天幕中悄然挂上了细细碎碎的星子，还有一轮精神抖擞的月亮，一抬头便依稀能够看见，是个晴朗的夜晚。但树叶遮挡间，光线却十分昏暗。 卫青低头一看，隐隐见得树脚下靠着一个男子，气息幽弱。他也正抬头看着卫青，一双眼眸在树叶缝隙间漏进来的月色下，恍若浸着满天星辰。卫青在他面前蹲下，早有准备，从怀里取出火折子，这是之前他在小院厨房里生火时用的，顺手就揣了起来，有备无患。卫青问道：“这林子里可还有你的对头？”他摇了摇头，全无。那生火就不用顾忌什么了。 卫青打开火折子，吹了吹，顿时豆点的细微火光在两人之间缓缓亮开来。这林子里最不缺柴，他随手捡了些树枝来架上，以枯叶点燃，不一会儿便是一个明亮的火堆。火光轻轻闪烁，卫青这才抬头仔细打量着面前这个男子。他确实伤得很重，身着浅色衣袍，可周身浸着血色，必是伤痕累累。他的伤口轻重不一，严重些的久久止不了血，因而他脸色极具苍白。 即使他已经这般狼狈虚弱了，卫青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个男子长得真是好看，宛若清风拂泉，明月松照般令人赏心悦目。因而卫青抬了抬他的下巴，左右看了看他，道：“长这么好看，死在荒郊野外，确实可惜。”他笑了笑，双眸微弯，眼里有几许深浅不定的光，道：“被一个乡野丫头调戏的滋味，很不好。”卫青看他眼神，便知他的心思可不如表面上这般无害，真要以为他是在跟自己打情骂俏。 那就大错特错了。卫青在他面前坐下来，拿过背篓，在火光下开始翻找草药，道：“鉴于你长得不错，得加钱。”他无语了片刻，道：“长得不错，不是该给些优惠？怎的还要加钱？”卫青看他一眼，你的皮囊给你的性命，多添了两分价值，自然就贵些。你加是不加？男子道：“方才说了，我全部身家性命都在你手里了。”卫青缩了一眼他的腰间，不是还带着一枚玉佩吗？这个不行，这是娶妻用的。你想做我未婚妻？ 这种话一听就是儿戏，卫青十分鄙夷。关键他还说的相当认真，加价失败有点郁闷，但卫青也没把他弃之不顾。毕竟他已经收了人两锭银子嘛，也要适当的做点事的。说话间，卫青已经将疗伤止血的药草挑了出来，准备齐当。这种人愿意把保命的剑交给他，应该是再无别的依靠了。他若丢下不管，此人撑不过一两天。这里没有辅助的药用工具，卫青只好把草药塞进嘴里咀嚼。 待嚼出药汁了，再敷在男子的伤口处。男子一直观察他，他的动作神态皆是从容。一般的乡野丫头能有他这样的吗？他脸颊清瘦，身着破旧不衣，但那双微垂的眼睛里带着一种不符合他年龄的睿智和冷静。卫青没看他，却忽而出声道：“观察出什么来了吗？”男子笑笑，后背靠着树干，尽管伤势严重，也被他靠出一股雍容气度来。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卫青总算冷淡的看他一眼。 怎么想以身相许？总算被他呛了回去，顿时心头舒爽。男子上下打量他，玩味道：“你这身子骨，我怕你消受不起。”卫青勾起嘴角道：“真要和你亡命天涯，我确实消受不起，指不定哪天就见不着明天的太阳了。”他手脚麻利，将他身上能看见的流血的伤痕都简单地处理了一遍，最后道：“等止血过后，你自己速速下山离开吧。”说罢，他抓起背篓背上，转身便准备下山回去。男子道。 我这副样子可能走不了。魏青头也不回，那你就待着。喂，收了我的钱就这样说走便走，是不是太没良心了？魏青道，你是请我救你，但可没请我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更没请我给你提供食宿。我该治的已经给你治了，仁至义尽了，你还想怎样？身后男子摸了摸道，我怀中还有两片金叶子。魏青脚步一顿，回头就朝他折返过来，脸上已是明眸生笑，道，真是的，早说嘛。 闹僵了多不好看。男子，他还是头一次见一个女子这般的不要脸。卫青重新走到男子面前，伸手道：“拿来吧。”男子微微仰头朝他笑，苍白的脸上难掩风华，道：“想要啊，自己来。”卫青矮下身去，果真伸手朝他的衣襟里探去。见他神色变了变，卫青心情极好，笑笑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感受到一只小手在他胸怀里摸索，男子道：“真是个粗鲁女子，多谢夸奖。” 卫青在他怀中摸到了两片金叶子，拿在手里掂在手里。他还不罢休，再度探手往男子的另一边怀中又摸了一把。听卫青道：“我看看这边还有没有。”男子吸了口气，真的没有了。另一边没摸到，卫青只好作罢。但今晚收获颇丰，他也十分满意。他把金叶子和银锭子都收好，才亲身过来搀扶他，带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卫青不想惹麻烦上身，本来打算在山里找个山洞什么的，把这男子藏两天，待他伤势好转以后再自行离开。可眼下黑灯瞎火的，莫说山洞了，连个老鼠洞都没有。这男子身体沉得很，卫青扶着他走得艰难。卫青毕竟很瘦弱，力不从心，咬咬牙道：“你这厮故意的吧？就算自己不能走，难道你没骨头吗？非得把重量都压在我身上？”男子理所当然道：“没办法，我受伤了吗？我一个弱智女流。” 你也好意思，卫青很想呸他一脸，讥诮道：“无非就是觉得你那两锭银子和两片金叶子花的冤枉，所以想尽法子整我吧。”七，我救了你三次，就要了你这么点钱，你还嫌吃亏？那陷阱是你挖的？男子问。卫青懒得回答，他便了然道：“若不是那陷阱卡住了杀手的脚，可能我已经命丧黄泉。这却是第一次。你给我敷了草药，及时疗伤止血，这却是第二次。” 现在又带我离开这个危险之地，以免还有杀手追上来。这却是第三次。他依稀笑着，这么说来，我还捡了个大便宜。姑娘，你还真是个大善人。卫青翻了翻白眼，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不对味呢？但他还是不客气的回了一句：“你知道就好。”他又往卫青身上亲了亲，卫青险些一个踉跄。只听他道：“只不过我确实走不动，一切还有劳姑娘。”山林里找不到地方落脚，最后卫青只能把他带到山林外面去。 夜里的村庄十分静谧，这个时候村里的人都睡了，只零星还有两户人家的灯火未熄。卫青想起白天揍人的时候，在土墙那边，土墙背后是一座废弃依旧的茅草屋，没有别的去处，卫青只好先带着这人去那废弃茅草屋里。田野路边顺手拔了两个地瓜，一会儿给他充饥。茅草屋里太久没人居住，夹缝地面上都长满了青草。 卫青走到老旧的墙边，抱着他缓缓靠着墙面放下去，让他坐在枯草堆上，将两个地瓜丢给他，道：“好些了就自己离开，滞留太久，就算没有你的对头追上来，也会被村民发现。”男子牵了牵他的衣角，道：“这就要走了。”卫青回头看他一眼，月色从断墙边溢进来，照在他的身上，真是轻盈流辉。他唇边噙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委实像是个蛊惑人心的。卫青暗骂一声妖孽，道：“不走，难道留下来过夜？” 那若是我迟迟好不起来呢？他问。卫青道：“便是你生死有命，看开些就好。”男子悠悠叹了口气，道：“也是，你我萍水相逢，能为我做到这个份儿上，确实已经仁至义尽了。”卫青懒得听他装可怜，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男子半合着眼帘，眸里点点星火，安静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不见。他又缓缓闭上了眼。遇到了这个小丫头，哪是生死有命，分明是他命不该绝呀、啊。 魏青明知道自己走时那人幽怨的语气说给他听，无非是想勾起他的恻隐之心。他又不傻，根本无需理会。可偏偏就跟中了他的邪似的。过了一日，魏青也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脑子里回想起他悠悠的话语来，一阵烦闷，索性过去看一看。他可不是关心他，他只是不想惹麻烦。若是死在了里面没人管，那不是污染环境吗？魏青趁四下没人，偷偷溜进了那废茅屋里。 结果抬起眼皮一看，看见墙角边死赖着不走的人时，脸就黑了下来。你怎么还没走？他看着他道，身上没钱，又饿，还有伤，没地方去。卫青额角跳了跳，他带来了草药和田埂里拔的地瓜，蹲下身给他换伤药。他不走能有什么办法？浑身都是伤，就是走也走不了多远。后每一两日，卫青都会来给他送一回吃的，有时候是地瓜，有时候是采来的野果。 若有多余的药草，也会给他及时更换。黄昏时，卫青从废茅屋出来，走在田埂上。男子移了移身，循着废茅屋的门口看去，隐约可见方寸光景。金色的阳光洒满了田埂，和风吹来，细细的吹起卫青的衣角。他的背影纤瘦又挺直，风里还有一股淡淡的槐花香味道，很是香甜好闻。卫青没走多久，迎面就碰上了一名村妇。村妇端着个木盆，木盆里放着几件衣裳。 似乎正要去河边洗衣裳的样子，卫青驻足往狭窄的田埂边上让了让。那村妇从他身侧走过时，忽而停了停脚步，看着卫青道：“你是林婆子家的那丫头吧？”卫青以前就与村里人走动的很少，只知这位妇人也是住村里的，却不知是哪家。但他认得出来，此妇人正是上次他收拾几个流氓混混时，站在那边竹林下看着的那个。卫青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只等着他的下文。村妇道。 昨日我听村里常进城的人说，林婆子找了个牙婆，好像是要来看人。卫青问：“看人？看什么人？”村妇料他不知，道、哦：“林婆子对那牙婆说是要卖掉一个女儿，可她就只有一个女儿，如果不是想卖自己的亲生女儿的话，想来便是要卖掉你了。”村里有人在城里亲眼所见，林婆子收了牙婆的定金。村里人并不知卫青的身份，只当是寄养在林婆子这里的。林婆子若要卖了她，村里人也管不上这闲事。 村妇见话已说完，便要离开，再道：“我知会你一下，也是好让你有个准备，莫等真到了牙婆子手上，想逃都没处逃了。”卫青回头侧身看着他走了两步，忽问：“大婶为何要告诉我这些？”村妇顿了顿，道：“那日见你对付村头那几个恶霸，替我家受欺负的孩子出了口气。”说罢，他就头也不回的走远了。村里那几个流氓混混尽干些恃强凌弱、欺软怕硬的事，村里年幼些的孩子见了躲都躲不及。 没少有人受过他们的起伏。原来如此，难怪那天他要站在那边看。卫青若无其事的抬脚往林婆子家里走。他说这几日里怎么林婆子和林翠翠都消停了，没有主动到他面前来找不痛快，反而见他就躲得远远的。感情打的是这个主意呀、啊，以为这阵子息事宁人，等把他卖掉以后就万事大吉。莫说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不会任由自己被卖给任何人，现在他知情了，还会坐以待毙不成？ 夜里，卫青坐在门前的屋檐下敷手，他觉得自己的手粗糙，遂去山里弄了药草回来捣烂了敷上。一连几日，粗糙的双手焕然一新似的，渐渐变嫩了起来。林翠翠见状，也是很眼馋的。她不仅手上的皮肤粗，脸上的皮肤也粗，若是能让她脸上也变得白白嫩嫩的，那该有多好。卫青将手上的药泥擦去，露出一双洁白莹润的手。他看了一眼偷瞄的林翠翠，道：“还有剩余的，你要不要试试？”林翠翠当然想试。 迫不及待就蛮横的把捣药的石罐子捧过来，占为己有。卫青道：“这个不仅对手有用，对脸也是很有用。”林翠翠敷了一次脸，果真见效甚大。卫青十分大方，每一次捣来的药泥都给她用。她的皮肤白了一圈，也光滑了不少。林翠翠得意又嫌恶的看了一眼卫青，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疼，道：“哼，还算你有点用。你要是早这么讨好我，还会吃那些苦头吗？你要是不听话，当心我娘卖了你。” 卫青难得十分温和的笑笑，随意的拨弄着自己的手指，道：“你姑且认为这是讨好吧。”说着看了林翠翠一眼，头发上应该还别两只珠花，大抵就是村里最好看的了。林翠翠心里喜滋滋，虽然她极其厌恶卫青，但卫青说的话委实让她高兴。她心想，改名无论如何也要弄两只珠花来别在头发上。牙婆子专门从事倒腾人口贩卖这一行当的，将收来的奴隶卖给那些大户人家，亦或是青楼馆子。 天还不亮，就有一个牙婆子赶着车往村子这边行来，不想在进村的必经之路上遇到一个人挡了他的去路。牙婆子带了两个力气大的从人，看见挡他路的竟然是个瘦弱的野丫头，顿时向从人使了个眼神。眼下天色早，这条路上又没有其他人，若是把这丫头掳了去，不是白白捡了个便宜吗？卫青在路边坐了可有一阵子了，两个从人还不及动手，他便神色平静的看着牙婆子道：“你便是要去林婆子家收人的那个牙婆子。” 牙婆子心下讶然，她给了林婆子定金，今日去收人，这丫头既然知道，应该就是林婆子的熟人了。看样子还动不了手。牙婆子应道：“正是，你又是谁？”卫青道：“林婆子可有与你说她将要卖的是何人？”牙婆子道：“你这黄毛丫头，赶到这儿来拦我的路，就不怕我绑了你去卖？”卫青坐在路边，脸上连一丝慌乱的表情都没有，却道：“据我所知，林婆子只有一个女儿，只不过还寄养着一个孤女。” 他歪着头看着牙婆子，又道：“林婆子应该不大可能会卖掉自己的亲生女儿吧，便可能是要卖掉那个孤女。可那孤女并非没有没亲没故，她亲人尚在人世，若是哪天找上门来，只怕扯不清楚。”牙婆子在跟林婆子做交易时，还真不知道这些。林婆子只跟他说是自己有两个女儿，现在养不起了，决定要卖一个。牙婆子冷声问道：“你到底是谁？”卫青屈膝踩着路面，缓缓站起来，扶了扶衣角，道：“不巧，我就是那个孤女。” 此话一出，周遭静悄悄的，只剩下草丛里嘀咕的几声蛐蛐叫。天色有些发青，当空的月影有些淡，东边的天际隐隐有光亮即将破天而出，扫荡着将近尾声的夜。是时，卫青身后的村子里有一声鸡啼打破宁静，嘹亮而高亢。接着，远远近近攻击打鸣的声音交相应和。牙婆子眯着一双老辣的眼睛，提着灯笼下的车来，往卫青面前照了照，他这才仔仔细细地打量起卫青，交易吗？ 既然这个货物亲自送上门来，牙婆子自然要好好看看这货物的成色怎么样，值不值得起他出的那个价钱。卫青也不后退，任由牙婆子打量。结果牙婆子大为失望，因为卫青不光瘦弱，脸色还很黑，她的皮肤看起来粗糙的很，脸色还长了一个个的疙瘩，密密麻麻，凑近了看颇有些渗人。牙婆子顿时恼怒，啐了一声，恨恨道：“林婆子居然用你这种货色来滥竽充数，她也有脸把你这小东西夸得个天花乱坠，呸！” 现在别说还有一半的钱没付了，牙婆子光是付过的定金都觉得可惜。牙婆子嫌弃的瞥了卫青一眼，毒辣的点评道：“这张脸没法看，这身板也出不起力，买来还有什么用？哪户人家会买你这种一无是处的丫头？更别说送去青楼里了，只怕还没进门口就会被扫出来。”卫青点点头，了然道：“这便是林婆子想把我卖了的原因。”牙婆子毫不耽搁，转身就要上车，她非得去找林婆子算账不可。卫青往路边让了让，忽而又说道。 牙婆子来收人，再转手卖给下家，无非就是想挣个差价。现在有更好的路子，可以让牙婆子不光要得回定金，还能一下子赚好几倍。你要不要？牙婆子坐在车上，眯着眼审视着卫青，道：“什么法子？”卫青勾起嘴角笑了笑，道：“林婆子的女儿，若是打扮一下也不赖，就看林婆子舍不舍得卖了。”牙婆子不由多看了卫青两眼，心怀不定，后还是让从人驾着车从她面前经过。这小丫头丑归丑。 但心思深得很，可不能小瞧。卫青站在原地，侧身看着那牛车缓缓朝村口驶去，眼神凉薄如水。随后，卫青在寂静的田间小道上一边走着，一边活络筋骨。他一手按在井边，活动着脖子，又舒展着手臂，深吸两口气，嘘道：“这清晨的空气可真新鲜。”路边的草丛上沾着点点朝露，卫青从旁走过，润湿了衣鞋。他绕着路程跑了一圈，然后绕去了那个废茅屋那里。 这个时候，村里人都还没出门，外面半个人影都没有。男子在废茅屋里闭目养神，听到动静也没反应，只在卫青踏入门口之时才睁开眼，看他一眼，一副精怪的语气道：“你丑到我了。”卫青在过来这边时，卫青把路上藏好的背篓翻了出来，背篓里装着药草，还有他新鲜拔来的地瓜。可眼下他感觉这人还真不是一般的煞风景，一天的好心情都能被他给败坏殆尽。这人脸上的表情哪有半分惊吓的样子，分明是一脸玩味。 卫青不由按了按跳的发胀的额角，觉得自己就是太善良了，冷冷道：“那我是不是还得跟你道歉？”男子眼眸微弯，道：“不用，这不是你的错。”他知道卫青的本来模样并不丑，那清瘦的五官反而有种耐人寻味的韵致，一经包裹的紧实的脖梗亦是白白嫩嫩的。他只是扮得有点丑，那以假乱真的打扮绝对能糊弄一般人的眼。卫青闻言，只是勾唇笑了笑，却表现得不那么友好。 后，他蹲在男子面前给他换药，时时听了男子抽泣的声音，听得他身心都舒坦，嘴上却道：“不知怎的，今天手有点抽筋呢、啊，所以力道掌握的不好。”过了这几天，他的脸色还是有种不同寻常的苍白，身上的伤反反复复，烧热的情况一时有发生。卫青给他用的都是山里采来的草药，且都是外敷，没有条件给他内服，更没有五谷杂粮和肉类补汤给他养身体。他在这废茅屋里养了好几天，伤口愈合的实在缓慢。 看他这样子，就算没有遇到别的杀手，也不宜一直待在这里，不好不坏的养在这里，反而不是明智之举。但是条件有限，卫青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他换药时，男子看着他严肃的侧脸，适时问：“你为何要把自己扮丑？”卫青不欲答他，他便伸手往他侧脸边碰去，又道：“这脸上抹的什么？这么逼真？”那指腹洁白温润，在几许晨光下微微泛着淡淡的光泽。 只是还没碰到，卫青冷不防一抬头，手上往他伤处拂过，顺势就截住了他的手腕。卫青眯了眯眼，那动作很有些强势。只不想男子微微轻身低下头来，卫青在抬头时，两人的距离就凑得过于近了，近到能感受彼此的呼吸。两人均是怔了怔。外头的晨风正晃悠悠地吹拂着墙头上的杂草，破败的小窗外一片盎然绿意。片刻，卫青松开了他，道：“我跟你有这么熟？” 可以让你随便摸我的脸，他毫无尴尬之色，收回了手，放在膝上，道：“你在我怀里乱摸的时候，怎不说与我不熟？”卫青身子略略往后拉开了些，两人的距离，道：“那时不是你主动邀请我的吗？现在我可没邀请你。”男子遗憾道：“看来想讨回来还不是那么容易。”卫青给他的伤换好药以后，准备离开了，才又道：“这里条件恶劣，不适合养伤。明日起我不会再来了，你最好自己离开，去找个医馆疗伤。” 男子立刻一副很落寞的样子，道：“我还以为你会带我回家，起码有口热饭吃，也有口汤要喝，总归是会渐渐好起来的。结果你还是不打算带我回家，怕跟你爹娘不好交代。”卫青嘁了一声，道：“你想得美，我自己尚且没家，还要带你回家。”说着，他背起背篓，转身往外走。身后男子悠悠叹了口气，又道：“哎，也是，你能照顾我这几天，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我怎还能指望你为我做更多？妖孽！” 又在装可怜，卫青深吸一口气，微笑道：“这招你已经用过了。”男子道：“要是我怀里还有两片金叶子就好了。虽说是同样的招数，但这招一定很管用。”卫青还是回头看他一眼，精辟的问：“那你有吗？”男子微微挑唇一笑，道：“先欠的可否？”卫青干脆利落道：“不赊账。”说罢不再理会，径直离开了废茅屋。上午时，卫青背着背篓去山坡上割了一背篓的猪草，才不慌不忙的返回到林婆子家里去。 彼时日头升到斜半空，到处都是一片耀眼敞亮。卫青大老远的就听见林婆子的家门内传出争执的声音，还引来好些村民在门口驻足围观。见到卫青回来了，门口的村民都好心的对他使眼色，示意他别回来，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卫青笑笑，若无其事的走上门。院里正在起争执，林翠翠被牙婆子的两个从人给缠住，争执间头发乱了，珠花也松了。 但他那张白生生的脸蛋和卫青又黑又长满疙瘩的脸比起来，很明显是十分具有优势的。牙婆子看了卫青一眼，眼下光线明亮了，就觉得卫青比黎明时看见的还要丑一点。林婆子却顾不得卫青美丑，慌忙就说她要卖的分明是卫青，而不是林翠翠。见卫青回来的正好，牙婆子冷笑了两声，指着卫青道：“当初你说我定金时，把你闺女夸得天花乱坠，现在你才说要把这个瘦不拉几的丑丫头卖给我，你当我牙婆是好欺负的吗？” 林翠翠更是挣扎着想要朝卫青扑上来，伸出手在空中抓了几下，尖叫道：“贱人，你脸上糊了什么东西？看我不给你撕了！”卫青就站在那里，无动于衷道：“你看起来确实比我好看，不怪牙婆子看上你。”牙婆子又冷哼道：“就这种丫头，你还想我把她卖去青楼，多赚几个钱？我呸！就你这个白生生的闺女，还值不了几个钱呢！”她又指着卫青问：“这丑丫头是你家闺女吗？你就敢往外卖？”林婆子脸色变了变，牙婆子啐道。 别以为瞒得过我，这丑丫头根本不是你闺女。说着，她往门口瞅热闹的村民望了一眼，正好现在人多，大家给说说，丑丫头到底是不是她闺女？林婆子平素在村里就是一副凶悍样子，村民甚少有看得惯她的。眼下牙婆一问，村民纷纷摇头，说林婆子就只有林翠翠一个女儿。围观的村民心里无不唏嘘，这林婆子还真是个歹毒的人，把卫青那丫头呼来喝去，又打又骂，这些年不说，现在居然还想把她卖去青楼。 同是女人，她怎么就不知道给自己积点德呢？林婆子咬碎一口牙，可恨当初她为了顺利把卫青卖出去，硬把卫青说成是她的女儿，现在想改口也已经来不及了。牙婆子脸上笑意更甚，又老辣有余，这才拿出一张契约来，又道：“睁大你的狗眼看看，当初定画押时，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的之人是你的女儿。”林婆子瞪了瞪眼，脸色发白，不管不顾就想扑上来把那契约给撕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她还想赖账？ 牙婆子可不是这么容易让他得逞的，当即扬手一躲，另一只手顺势就狠狠给了他一耳光，打得林婆子脸上横肉直颤。你个泼妇，竟敢打老娘！牙婆子不仅打他，还叫自己的两个从人过来，把林婆子按在地上，一通拳打脚踢。林婆子哎呦哎呦的惨叫不绝。牙婆子常年干这行的，遇到的情况数不胜数，她带来的两个从人又怎会是泛泛之辈？不仅力气大，打起人来丝毫不带手软的。 纵使林婆子这么大块头，也被打趴在地上，毫无还手的余地。林翠子一张脸吓得煞白，躲在旁边瑟瑟发抖，连上前去劝都不敢。等牙婆子出了口恶气了，才叫从人停手，对地上的林婆子道：“事到如今，你认是不认？”林婆子呻吟不止，哪还有方才的嚣张气焰？痛道：“大不了我定金退还给你就是了。”牙婆子笑声连连，道：“退定金就没事了？那不是白叫我大老远的跑一趟，还白白浪费了一上午的时间？” 说着，暮色就是一狠，这契约已定，卖的是你女儿，今日你女儿我就带走了，你不从也得从。林婆子伸手就去抱住牙婆的腿，不让她走，但两个从人已经死死压住了林翠翠，这回任她怎么嚎叫，怎么扭打，都无济于事。林翠翠吓得腿软，见林婆子再也护不住她，眼泪一转就掉了下来，嚎哭道：“不关我的事，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她咬牙切齿地瞪着卫青，又道：“明明该被卖的是她，是这个贱人。” 卫青看着她歇斯底里的样子，微微一笑，道：“可惜我不是林婆婆的女儿啊。”牙婆一脚踢开了林婆子，就要动身离开。林婆子在地上打着滚，肉痛的叫道：“放开我女儿！你们不许动翠翠！定金我退，我双倍退还，不行吗？”牙婆适时的住了足，看着卫青，脸上浮现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来。今早晨这丑丫头还说可以赚更多的钱呢，这不就要成了？ 在牙婆手上惊的丫头不计其数，像林翠翠这样的姿色，实在是平凡的不能再平凡。她收了去，也不能卖个高价。但要不把林婆子逼得狠些，她不肯松口啊。牙婆子回身看了林婆子一眼，道：“双倍可不行，起码得十倍。”牙婆子也是个人精，她看向卫青背篓里的草，又问：“这草割来做甚用？”卫青道：“喂猪的。”林婆子眉心一阵乱跳，就听牙婆子笑了一声，又补充一句：“那就再加上猪圈里的猪一起。” 林婆子心里拔凉，我哪有那么多钱？那猪，那猪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啊！你行行好，少要一点成不成？既要钱又要猪，还不如卖他的肉啊！牙婆子道，难道你女儿还不比这猪值钱？你要不肯，那就算了。回头我还会请李正来做个见证，报备到官府里去，以后你女儿可就不是你女儿了。林翠翠哭得十分凶惨，娘，你可不能不管我呀！你有多少钱就给她，猪也给她。魏青却道，我家里人把我寄养在这乡下。 不是每个月都会给一定的银子吗？怎会没有钱？林婆婆莫不是舍不得银子就翠翠？也是，翠翠虽说是林婆婆的亲女儿，可到底也没有钱来的亲。林婆婆可还指望她被卖去青楼多挣几个钱？林翠翠瞪了瞪眼，她娘其实有多少钱她也不清楚，但听了卫青的话，就像胸膛点起了一把火，熊熊燃烧。林翠翠简直怕昏了头了。卫青又说到了她的心坎上，面目扭曲的就朝林婆子吼道：“你说是不是她说的那样？你是不是舍不得那几个钱？” 他们要把我卖去青楼，你也不管吗？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女儿？林婆子本来想把价往下压一压，可林翠翠实在沉不住气。林婆子若是再不阴她，只怕她要当场发疯。牙婆子见此形容，肯定是更加不会松口减价的了。林婆子气得想敲碎林翠翠的脑袋，骂道：“你个不成器的东西，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你？”林翠翠急得跳脚，又哭又好，那你倒是给钱啊！一边是她的女儿，一边是她的财产。 林婆子再舍不得，最终也只能消财免灾。这场闹剧持续到正午才结束，最终无疑是牙婆得了林婆子退的十倍定金，还套走了后院里养的三头猪。林婆子愤恨地想，若不是卫青恰好今天去割了猪草回来，提醒了牙婆子后院里还养的有猪，说不定那三头猪还能保得住。现在好，猪没了，钱也没了。村民们都意犹未尽的散了，只剩下院里冷冷清清。林婆子被打得鼻青脸肿。 半晌才从地上爬起来，一阵心灰意冷。林翠翠则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到现在还两腿发软。但是当她抬头看见卫青时，一股愤怒和怨恨袭上心头，恨不得把卫青大卸八块，顿时就又有了力气，从地上爬起来就朝卫青撕打去，嘴上还叫骂道：“都是你这个杂种惹的祸！一大早你出去割什么猪草？平日里怎么不见你这么勤快？你一定是故意的！”卫青不费什么力气，侧身躲开。 林翠翠扑了个空，刚一回头准备再接再厉，就见卫青捡起地上那把他割猪草用的镰刀，挥手就朝林翠翠腕来。那一刻，林翠翠吓得心脏都快要停止了，整个人干巴巴的站着，连怎么闪躲都不知道。随之，砰的一声，那把弯弯的镰刀恰好勾着林翠翠的脖子，贴着她的皮肤，尖端重重的钉在她身后的木桩上。顿时，木桩上木屑飞扬，粗糙的镰刀刃若有若无的摩擦过林翠翠的皮肤，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痛。 卫青几乎贴在他身前，面上淡的没什么表情，远比任何表情还要可怕。轻道：“莫乱动，动一下说不定脖子就没了。”林翠翠惊恐的看着他，浑身哆嗦着，快要站不稳，却又不得不强迫自己站稳，再不敢乱动一分。今日这一顿毒打，彻底把林婆子打得没有了脾气。就是卫青从他身旁走过，他也不敢去拦。卫青进屋时，淡淡道：“折了一笔财，就该消停些，不然伤了残了，回头连请大夫的钱都没有。” 卫青走后，林婆子连忙跑过来，取下了勾着林翠翠脖子的镰刀，母女俩抱头嚎啕大哭了一场。林婆子暗暗发誓，若是叫她逮住了机会，定要叫卫青连本带利的讨回来。林婆子脑子比林翠翠灵光，知道今天的事跟卫青绝对脱不了干系。牙婆子进村后便是直接来她家的，怎么会知道卫青不是她的女儿？而且今日恰好卫青一早就不见了人影，平日里卫青都是白白净净的，偏偏今日是一副又黑又丑的脸孔。 若不是蓄意为之，他死都不信。只是林婆子想不明白，想把卫青卖出去这件事，只有林婆子和林翠翠知道，卫青又是怎么知道的？林婆子坐在屋檐下，想着之前的镰刀擦着林翠翠的脖子钉在木桩上，就一阵后怕，抽着玉肿的嘴角对林翠翠道：“暂且还是不要去招惹那小蹄子了。”后来母女俩都对卫青有所忌惮和退避，三人勉强维持着表面上的平和。晚间，卫青用清水洗了把脸，把一盆水洗得清黑。 而他黑丑的脸孔又变回了之前白皙光滑的模样。林翠翠怕他，虽然躲得远远的，可也忍不住嘴上犯贱，催着唾沫骂道：“白天不是那么丑吗？有本事你一直丑下去啊！怎么这会儿又恢复原样了？果然是有预谋的，心肠这么狠毒。我娘好歹也白白养了你几年，没想到你恩将仇报，真是猪狗不如。将来你一定会遭报应的，不得好死。”卫青也不恼，一边用金子擦拭额前的水珠，一边道：“白天不是脸过敏吗？这会儿当然又好了。” 他擦干了水珠，才侧身看向林翠翠，眯着眼笑了一笑，又道：“你呢，脖子又痒了？”林翠翠发现他笑得越是平和，越让人感到毛骨悚然。林翠翠只觉得脖子一凉，转头就往屋里躲。这两天，卫青听说村子里闹鬼，而那闹鬼的地方不是别处，正是那座废茅屋。有几个孩童玩捉迷藏，躲进了茅屋里，哪想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影儿，个吓得面无人色的跑出来，哭爹喊娘的跑回家。等家里大人来一看。 茅屋里却又什么都没有，浑身是血，说来是有点夸张，可那人不就是浑身是伤，伤口还沁出了血吗？卫青早提醒过他，尽早离开，现在倒好，好好的人不做，倒做起鬼来了。村里的大人们凑在一起商议一番，废茅屋有些年头了，孩童去那里也不安全，不如把茅屋和土墙一起推了，时间就定在明天正午日头最盛的时候，要是真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也能驱一驱邪。夜里，卫青躺在自己十分简陋的木板床上。 居然有点失眠，外头月照如水，莹润又柔和。孩童说那茅屋里有个血衣鬼，说明那男子一直没离开。大抵在他没有恢复独自行动的实力之前，他是不会冒险离开这里的。可后来有村民又到那茅屋里去过，却没能发现他。那么他去哪儿了？卫青双手枕在脑后，望着窗外的月色，想了一会儿，然后郁闷的挺身坐起来，揉了揉额头，烦躁道：“七，真是中了邪。”他伸腿便到床边他鞋，然后打开房门，悄然离开了小院。 这个时候，林婆子和林翠翠都各自在房里睡得沉，还时不时传出几声呼噜响。卫青出了院落，径直就朝那废茅屋的方向去。他独自走过田埂，月色下抬头望向远处废茅屋的轮廓，黑黢黢的，有一丝丝阴森感。卫青加快脚步，到了地方，径直穿过土墙，走进了废茅屋里。他拿出火折子，打开，微微照亮了这个地方。四下一看，却发现他人已不在。后卫青又举着火折子，沿着茅屋的背后踱了一圈。 确定没有发现他的影子，或许他真是走了。想到这里，卫青着实松了一口气。走了好，最好别再让他看见他。结果卫青准备回去，刚一转身，抬头之际，冷不防就看见几步开外的墙边，不知何时站着的一个人，浑身血迹，衬得脸色惨白惨白的。他这副鬼样子突然出现，别说村里小孩吓坏了，就是大人也得吓尿几个。你怎么还没走？卫青脸色顿时一黑，又是那句话。他轻柔地道：“走了的话，你去哪里找我呢？” 看得出，此刻他情况很不好。卫青走到他面前，伸手拿起他的手腕，手指往脉上搭了搭，片刻拧了拧眉，他抬头看向男子，道：“把头低下来。”面前这个是成年男子，身材修长。卫青还只是个瘦弱的小丫头，自是比他矮了一截。男子闻言，就像一只温顺听话的大狗一样，乖乖地低下头。卫青手往他额头上摸了摸，道：“再发烧两天，你就真的可以做个鬼了。”最后，卫青咬咬牙，还是趁着夜色。 搀扶着这个重伤未愈的男子往林婆子那小院回去。男子随他一道走在田间小路上，身体情况虽不好，但心情却不错，轻声道：“终于肯带我回去见家人了吗？”大晚上的出来寻他，本来就是卫青挺郁闷的了，现在这厮还不忘说风凉话消遣他。卫青回嘴道：“那不然还是让你去见阎王更合适一些。”男子道：“不，我气数还没尽，还可以再救一下。我只是好奇，你不是不管我了吗？却又去而复返，是觉得良心过不去？” 卫青搀扶着他，有些气喘，道：“先前采了那么多草药，拔了那么多地瓜，不费精神和力气的吗？最后小命就不回来，还浪费了我的东西，不是白忙活一场吗？”男子安静的笑笑道：“原来如此，我就说姑娘怎会良心过不去？她绝不是一般的乡野丫头，更不会是个菩萨心肠的丫头。”卫青咬咬牙道：“你以为我白救你的？二十片金叶子，先欠着。”一路上拌着嘴，便不觉这路有多长。 卫青气喘吁吁地抬头看时，小院的轮廓隐隐约约就在前面。院里又没有多余的房间，更不能让林婆子和林翠翠发现男子的存在。最终，卫青只能把他弄进自己的房间里。房里的杂物他之前就已清了出去，房中只有一张简易木板床和一张破破烂烂的储物柜。房里存了不少卫青山上采来的药材，都晒干了备用。眼下，一进来，简陋的房间里充斥着一股淡淡的药香。只有一张床，没办法，卫青只好把他扶到自己床上去。 被窝里还残存着他之前躺过的余温，卫青把他身上的血衣扒了，拿过被子把他盖起来，自己转身踱到窗边去，就着窗外的白月光，捡了些药材出房去。他去厨房捣鼓了一阵，煎了一碗药回来，起来喝了再睡。卫青低语道：“男子睡得轻，睁开眼时有些惺忪，却十分信任卫青，张口将一碗汤药一滴不漏的全部饮下。卫青又搭了条湿毛巾在他额头上给他退烧用。” 等折腾完这些，已经是后半夜了。卫青也需要睡觉啊，可是这唯一的床都被这男子占了，那么他睡哪里？男子好心的往一边挪了挪，最终卫青在另一边躺了下来。卫青侧头悠悠的盯着他，从中间画了一条线，道：“你敢越过半寸，我做了你。”男子问：“你想怎么做了我？”卫青闭上眼，道：“先奸后杀。”男子，房里养了个男子，还真有诸多不便，但也总归是有条件来给他调理一下伤势。 卫青给他熬汤药，给他煲汤弄饭时，他的身体状况便一天天恢复起来。但这只能背着林婆子和林翠翠做，可时间一久，总能让人瞧出两分端倪来。比如卫青饭量突然大涨，而且每次都是端进房里去食用。有时候林婆子或者林翠翠夜里起夜时，看见卫青还在厨房里倒汤，为此林翠翠心里起了怀疑。直至有一天夜里，林翠翠硬是没睡，在卫青端着一碗汤药进自己房间以后，她便偷偷摸摸的去听墙角。 林翠翠晓得卫青警觉得很，不敢到他房门外去听，只蹲在墙根处竖起两只耳朵。房间里尽管压低了声音，可还是听得出有两个人。林翠翠再仔细一听，辨认出那一道声音分明的是个男子的声音。果然，就说那个小贱人不是个安分的东西吧，现在居然养野男人养到家里来了。林翠翠气愤非常，又热血沸腾。她其实很想捞起衣袖就冲进去，将他们的丑事撞破。但关键时候，她脑子又起了点作用，心里想着月黑风高的。 卫青要是杀人灭口怎么办？不行，不光得他一个人撞破，还得拉着大家一起撞破，让村里人都来看看那卫青是个怎样的下贱胚子。房里存的药不多了，基本都被男子给消耗掉了。好在效果很可观，男子身上的伤虽没有痊愈，但都在结痂往好的方向发展。他脸色也不那么苍白，气色尚可。毕竟有五谷杂粮果腹，还时不时有卫青山上打来的野鸡熬汤，身体得到了补充。夜里卫青闭着眼入睡，男子的精神却好。 他侧身握着，细细打量着他，半晌，男子声音极轻道：“别忘了，我还欠你二十片金叶子。”卫青却懒懒地咕哝应了一声：“你放心，别人欠我的钱，我从来不会忘。”他笑了笑。床边整齐放着他的衣袍，衣袍上的血迹已经被卫青洗干净了，破损的地方也已经被他粗粗缝了起来，只不过那针脚疏密不当，一看便很符合他的作风。你叫什么名字？他终还是又问了一遍。等了一会儿，卫青没答。 他便不再问，说来，他一次也不曾问过他的名字，大抵是不放在心上。对于他来说，救了这个人，最初是源于他身上有钱，后来又不想他自己的努力功亏一篑，才一直留他到现在。所以有些事不必放在心上。第二日，卫青上山去采药打野物，临近中午回来时，发现院里还挺热闹，林翠翠正带着一些村民守在院里，见卫青一进来。 约莫是人多，他底气也足，就指着卫青不堪入耳的骂道：“不知廉耻的小杂种！听说他娘以前就是因为偷汉子被发现了，有其母必有其女。没想到今天这贱人也敢明目张胆的在房里养野男人，现在那野男人就在他房里的床上呢。”卫青眯了眯眼，直勾勾的看着林翠翠，那眼眸里的寒意让林翠翠不禁往后退了退。卫青道：“翠翠，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不怕闪了舌头吗？”林翠翠鼓起勇气，双手叉腰道：“你恐吓我有什么用？” 我有没有乱说？打开你的门，让大家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林翠翠和林婆子从卫青出门伊始便守在院里，就是怕那野男人跑了。母女俩很确信，那个野男人此刻就在卫青房里。只要让村民们亲眼看见，往后看卫青还怎么在这村里混，只怕一出门见到人，人人都会戳着他的脊梁骨骂一声贱人。林翠翠只要一想想，就觉得好爽。来的这些村民大多是富人，虽是看不惯林婆子母女平日的作风，但来看看热闹也未尝不可。 眼下见林翠翠如此盛气凌人，便有村妇说道：“可能有什么误会，这丫头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人。”林翠翠横眼道：“有什么误会？昨晚我亲耳听见她房里传出男人的声音。”另又有村妇道：“那就打开门看看，要是没有，往后也不要瞎说了。”林翠翠捞起袖子，转头就朝卫青的房门走去，要推开房门，哪想眼前人影一晃，林翠翠抬头时就见卫青挡在了他的面前。 卫青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盯着林翠翠时，却像是有幽幽凉凉的毒蛇顺着她的脚踝一直往上爬，爬得林翠翠汗毛直立。卫青道：“我房里若是有男子，那也是我的私事，与你何干？与大家何干？若是没有，他看着林翠翠，语气很轻，你又该如何收场？”嗯。林翠翠微微一震，咽了口唾沫。卫青是很可怕，但转念他一想，这里是他家，卫青偷人就该遭千夫所指，他为什么要怕他？ 遂林翠翠怒目圆睁，义正言辞地道：“怎么不关我们的事？你不知廉耻，与人私通，现在大家伙看见了，你就该被拖去进猪笼，以免再败坏我们村的风气。”说罢，林翠翠绕开卫青，直接就上前去，哐地推开了两扇房门。顿时，房间里的陈设布置呈现开来。卫青没拦他，他闹出这样大的动静，恨不能人尽皆知。那房里养伤的男子，怎么可能会听不见？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可以给他离开，除非他想被人骂偷人。 从他赖上自己开始，卫青就知道那不是个会老实吃闷亏的活。当初他能在废茅屋里躲开那么多村民的视线，眼下还躲不开这对蠢笨的母女，所以卫青压根不用太担心。果真，当林翠翠气势汹汹地冲开房门，让大家找奸夫的时候，村妇们眼神往一览无余的房间里扫了一眼，便问：“你说的奸夫在哪里呢？”林翠翠回头一看，只见卫青房里空空如也，半个人影也没有，不由脸色一变，她瞪向卫青。 喝道：“定是被这贱人给藏起来了。”说：“你把他藏哪儿了？”话音一落，卫青还没回答，紧接着另一边林翠翠的房门便吱呀一声被人从里面打开了。众人的视线循着一看，顿时化作石雕。卫青一抬起视线看去，见得光天化日下那男子一身微散的衣袍，形容慵懒地从林翠翠房里出来，倚在门框上。他似刚睡醒的样子，神态还带着几分惺忪之意。卫青缓缓挑起一边嘴角。 起初，林婆子和林翠翠两人前后守着，可总得要个人去把村民请来做见证吧。剩下的一个守得住前面，便守不住后面。卫青房里有一扇朝向背后的小窗，以作通风所用。他之前想，男子若是从窗户逃走，不是难事。可没想到，他非但不逃，反而从后窗钻进了林翠翠的房间里，真是不嫌事儿大。他可是野男人啊！不过林翠翠有他这样一个男人，应该也值当了。当林翠翠转身去看时，顿时呆若木鸡。 他从没有见过如此好看的男人，翩翩而立，恍若谪仙。哎，这人为什么会从他的房里出来？男子微眯着眼适应光线，道：“什么事这么吵？翠翠，你不是要做饭给我吃吗？”林翠翠脸一红，竟然连骂都在骂不出口。尽管她意识到不对劲，村民们纷纷指指点点，鄙夷道：“哦，搞半天原来是贼喊捉贼呀！别人房里没有野男人，倒是他房里藏了个野男人。”林婆子当即一声冷喝，道：“你是谁？” 你怎么会在我女儿的房间里？男子眼梢一转，视线似笑非笑的落在林翠翠的脸上，道：“这个你得问她。”林翠翠脸色一阵白一阵红，没有，我没有，我根本不认识你。哦，可昨晚在房里你不是这么说的。林翠翠张口还想辩解，就像是被他给迷了心智一般，在别人看来她就是心虚。男子整了整衣袍，抬脚就准备离开，道：“既然睡醒了，我也该走了。” 林婆子见状，当即上前拦住他，脸上横肉都在抖动，道：“站住！你不许走！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男子微微一笑，道：“不好意思，大婶，那些事不可描述。”这林婆子这时候脑筋转得飞快，心里想着这些年都没人来提亲要娶她女儿，现在倒好，主动送上门来一个，而且还是看起来如此俊雅的一位公子，衣着气度均是不凡。此时不抓住机会，更待何时？林婆子也顾不得林翠翠有没有偷人。 更顾不得丢不丢脸了，当即斩钉截铁道：“你既与我女儿在一起了，那你就得负起责来。我不追究你们私下相会，但你必须得给我女儿一个交代，定个日子娶她进门。”男子站在林婆子面前，渐渐收起嘴角玩味的笑容，那气势完胜林婆子。林婆子在他面前竟有一阵惬意。男子轻描淡写道：“玩玩吗？还当真了？我可没有哄她，都是她自己倒贴上门的。”说罢，他拂袖便要离开。 站在屋檐下门口边的林翠翠瞪着眼睛，脸色煞白。看热闹的村民们都笑了起来，那笑容里的讽刺和鄙视直勾勾的，看得林婆子老脸一阵火辣，更别说林翠翠了。她此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林婆子豁出去了，伸手就去抓男子的袍脚，耍横道：“不行，你不许走！你要不娶我女儿，你就得还我女儿清白来。”男子道：“这女儿清白身没有便是没有了，又不是货物商品，还能再还回来？” 说罢，他一挥手，没想到力道甚大，林婆子哎呦一声就被他灌倒在地。林婆子还来不及爬起来，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扬长而去。今日这一场戏码，没想到反转如此之快。林翠翠本是想让卫青声名狼藉，从此再也抬不起头，可没想到最后抬不起头的居然是她自己。她根本不认识那个男人，更没有和他在一起过。可那男人那么说的时候，她被他美色所诱，连脑子都钝了去。 眼下男子走了，再看看村民们指指点点，嘴里说了些不知廉耻，还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当初他娘还不是如此之类的话。林翠翠觉得委屈，白着脸嚎啕大哭起来。卫青及时出声道：“不知廉耻，与人私通，现在大家伙看见了，为了不败坏村子里的风气，现在是不是该被拖去进猪笼了？”林翠翠一脸的惊恐，忙不迭朝林婆子跑去，嚎道：“娘，我根本不认识那个人，你得帮我！”林婆子恶狠狠地啐了一口。 进什么猪笼？翠翠说了不认识。村妇揶揄的笑道：“当时喊捉人喊的最凶的可就是他了。现在东窗事发，他又说不认识，难道我们大家都眼瞎了不成？明明那男人是从他的房间里出来的。”林翠翠只是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林婆子气急败坏的把这些来看热闹的村民全部赶出去。出了这种事，林婆子怎么能不气？她关上院门，操了一根棍子往林翠翠走来就打。 卫青转身若无其事地进了屋，关上房门，依稀还听得林婆子的叫骂声：“你个不成器的东西，老娘养你这么大，你把老娘的脸都丢尽了，我打死你！”林翠翠一边痛叫，一边哭喊道：“不管我的事，一定是卫青那个贱人，一定是他污蔑我！娘，别打了！”还不到半天，林翠翠私会男人，把野男人养在房里的事情就传遍了整个村子。卫青心神平静，看着空荡荡的房间，他确信那男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离开以后。 便应该是彻底离开，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些日两人同吃同睡，一直是卫青照料他，他也十分恪守规矩，没有逾矩半寸。现在他走得干脆，连一丝气息都没有留下。卫青想，天下之大，可能以后连面都不会再见。他不可能一直留在这个村子里，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所以最终他没问起他的名字，也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卫青唯一有点郁闷的是，那二十片金叶子估计也跟着泡汤了。 这样想着，卫青去收拾床上的被褥，不想刚揭开被子，便愣了愣。只见被子底下的枕头边躺着一枚玉佩，正是当初他惦记着的那男子配的腰佩。之前卫青帮他清洗衣袍上的血渍时，他当然要把腰佩给取下，一直是放在枕头底下的，所以极有可能这次是忘了要带走。可他不是口口声声说这是将来娶媳妇用的吗？竟这么大意就落下了。 卫青把玉佩拿起来，入手清凉温润，细细观之，通透无瑕，十分漂亮。上面压青色的碎子，在他指缝间流泻，柔软顺滑。他心安理得地把玉佩收在了怀里。这可是他自己落下的，他要是不捡着，不是暴殄天物吗？虽然那二十片金叶子泡汤了，但捡到这么一块玉佩，多少心里也能安慰一些呀、啊。卫青从男子那里得了银子和金叶子，不再是身无分文。接下来他打算离开这里。 不然和林婆子和林翠翠这对母子继续耗下去，平白蹉跎岁月。那位家，他还不曾去看看呢。卫青把采来的药分类制作成药丸、药粉，方便随身携带，只收拾出一个小包袱，再无其他。林婆子见他收拾东西，大概知道他要走，一时间心里既巴不得他快点消失，又愤恨不甘，他就这么走了。原先林婆子想把他卖掉，起码还能赚几个钱呢，现如今毛都没有，他和林翠翠两个还弄得个一身骚。 林翠翠当然也不甘心，私底下拽着林婆子的手臂，恶狠狠道：“娘，她不让我们好过，自己却拍拍屁股走人，这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绝对不能让她就这么走了。”林婆子也是这样想的，既然卫青要走了，那她就该再在卫青身上压榨一番，再拿点好处才行。于是林婆子计上心来，让林翠翠去买一包蒙汗药,药回来，而她则去村头找人，这村里有一个邋遢汗。 早说妻子跟人跑了，因为家里没有足够的钱再讨一个女人，就一直单到现在。林婆子去找到那个邋遢汉，把卫青的一夜卖给他，又要不了多少钱。邋遢汉多久没碰过女人了？钱要买的又是个嫩丫头，当然就同意了，并把自己仅有的积蓄都给了林婆子。林婆子掂着钱，心满意足的回去准备。林翠翠也十分难得的主动去厨房准备晚饭，母子俩说是知道卫青要走，便以一顿饭给他送行。卫青的那碗汤里已经下了蒙汗药。 等他一喝下去，林婆子就把那邋遢汉领进院里来。到时候卫青人事不省，任人糟蹋。等明早清醒过后，也根本不知昨晚发生过什么。只要母女俩咬死不认，他就没有办法。卫青看了看面前的一碗汤，又看了看林婆子和林翠翠，笑了笑，道：“这是打算与我冰释前嫌吗？”不知为何，一看见他的笑容，林翠翠就心里发毛。林婆子老成道：“你要走，我们也不留你。今晚这一顿饭后，我们各不相干。” 以后魏家要是派人来找你，我们便说是你自己要走的。卫青点点头，道：“如此也好。”林翠翠催促道：“你快把热汤喝了吧，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喝了。”卫青不慌不忙，既然林翠翠亲手给他盛汤，那他也亲手给林婆子和林翠翠一人盛一碗，也算礼尚往来。卫青把两碗汤送到母女俩面前，道：“你们也喝。”林婆子和林翠翠捧着汤，一时没下口，都等着看卫青先喝。 卫青神色平淡，那双灯火下的眼睛却是深得很，道：“怎么不喝？难不成这汤里下了药？”林婆子干干道：“怎么会？你要不信，我们先喝就是。”林翠翠只给卫青的那碗汤里下了药，汤锅里的汤是没下药的。因而母女俩率先把自己的汤先喝了，道：“这下你总该信了吧？”卫青这才端着汤碗，亦是喝了一口。只是这顿饭还没来得及多吃呢，林婆子和林翠翠忽而觉得眼前一阵恍惚，紧接着便一头栽在了桌上，先不省人事了去。 卫青偏了偏头，把口里包着的那口汤给吐了，又舀来水缸里的清水，不紧不慢地漱了口。虽然不知这母女俩搞的什么名堂，但卫青知道事出反常必有妖。林翠翠亲自下厨给她做饭，又亲自给她盛的汤，能喝。论摆弄起药物来，卫青还是比他们更得心应手些。方才盛汤的时候，手指微微一动，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撒些迷药粉末进汤里。这母女俩大概也没想到，他们倒的比卫青还快。很快。 事情的后续就来了，小院外面响起了动静，卫青轻着脚步站在院门内侧，从缝隙往外看了一眼，只见一个邋遢汉正等在门外，他约莫是等得不太耐烦了，夜里蚊虫又见多，时不时用脚在地上踢踏两下，这才弄出了些许动静。卫青一看见那邋遢汉看向小院的眼里流露出垂涎的神色，顿时心中了然，他又不动声色地退了回去，把林婆子和林翠翠分别拖进屋子里，那邋遢汉在院外等了许久。 到了约定好的时辰，还不见林婆子开门来引他进去，便有些着急了。后来他自己去推院门，哪想院门并没有上栓，便大着胆子走了进去。邋遢汉直奔林婆子家里睡觉用的房间，打开第一间房，发现里面是空的，邋遢汉退了出来，又去打开第二间房，这回不是空的，床上躺着有人咧，连忙喜滋滋的反手把房门拴上。卫青站在昏暗的木桩旁，亲眼看着他进了林婆子的房间。 林翠翠和林婆子的房间紧挨着，既然那邋遢汉进了林婆子的房，便算林翠翠运气好。林婆子半夜里醒来，浑身瘫软无力，哼哼两声，脑子里一片浆糊。等到天快亮时，那邋遢汉又骑到了她身上去。这回林婆子醒来了，发现那邋遢汉居然在自己身上乱来，气得就要活撕了他。可他还没发火，邋遢汉的火气却比他还大，当即扇了他一巴掌，骂道：“你收了我的钱，说要给我一个嫩丫头耍，没想到居然是你自个！呸！” 是寂寞难耐了吗？你这个无耻下贱的妇人！天大亮后，邋遢汉才离开，一路走一路还在骂，逢人就说林婆子骗了他的钱，他给了林婆子钱，林婆子要给他丫头玩，没想到他去了以后却是林婆子自己，真是不要脸的很。今早又有村民亲眼看见邋遢汉衣衫不整的从林婆子家里出来，他说的话多半是真的。林翠翠简直不敢置信，明明他们是要邋遢汉去糟蹋卫青，可为什么最后那邋遢汉却和他娘在一起了？ 林婆子恼羞成怒，司机昨晚喝了卫青递来的一碗汤，当即就要找他算账。卫青眯了眯眼，看了日照东升、晴朗明艳的天，侧头对林婆子微微一笑，道：“昨晚我很早就睡了，什么也不知道。那邋遢汉究竟为什么在你房里？大概只有你自己知。”林婆子咬牙切齿，到处去找棍子，可看见卫青也随手拿了一根棍子时，他又不敢靠近，道：“分明是你往汤里下的药，怎么会？你亲眼看见了？”卫青眯着眼看了一眼边上站着的林翠翠。 又道，是不是昨个你下药的时候，不小心把药下在了汤锅里了？林翠翠气得跳脚，当即反驳道：“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明明只往你的碗里下过。”说到这里，自觉说漏了嘴，急忙打住。卫青挑起唇角，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对林婆子道：“事已至此，说再多也无益。可能就是翠翠太笨手笨脚了，以至于把你也连累了。不过也不全然是坏事，起码今早你叫得挺爽的嘛。”林婆子面对肌肉一阵抖动。 气愤地瞪了林翠翠一眼，笨手笨脚，林翠翠确实比谁都当的，就连林翠翠自己也没底气，心想是不是自己下药的时候真不小心撒了点进那汤锅里？现在母女俩两个真真是声名狼藉，一出门必定要受村民们指指点点、讽刺笑话的。卫青转身回屋，挎着自己的包袱又出来，便径直离开了这小院。林婆子和林翠翠眼睁睁看着，却不敢再拦他。 只不过出门后，卫青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这座村子，而是在村里转悠了一圈，最后去到村妇们时常洗衣服的内河边。果真，之前那位好心提醒过他的村妇，眼下正在河边洗衣裳。村妇看见他背着包袱，便道：“你要走了？”卫青点了点头，过去捡了一个石墩坐了一会儿。村里那几个流氓小混混整天无所事事，也是到处乱转悠的。他们转到河边时，恰好看见卫青正在跟那个村妇说话。流氓混混对卫青还很是忌惮。 本想绕开而行，可无意间听到他们说话的内容时，勾起了几人极大的兴趣。只听卫青道：“这些年每个月卫家都会给林婆子五两银子，她怎会没有钱？上次牙婆上门讨人时，要她返还十倍定金，她不也照样拿出来了？她那里存着的，指不定还有多少呢？”几个流氓混混交换了一下眼神，眼里都在冒光。一个月五两银子，那一年便是六十两，这对于一个村里的人来说，相当富有了。村妇问道。 那你往后有什么打算？卫青看着波光粼粼、静静流淌的河面，道：“我打算先回魏家去。”说着，忽然转头，视线十分精准的射住不远处的那几个混混，似笑非笑的继续对村妇扬声道：“以后偶尔也会回来的。这期间若是有谁欺负你们家，就找村里识字的写信到魏家来告诉我，到时候我回来废了他们。”村妇循着卫青的视线，一时看见了那些个流氓混混，顿时心里明朗，点头应道：“好。”那几个流氓混混忙不迭转头就跑了。 卫青哪是真要村妇写信给他，只不过看在上次村妇提点过他一回的份上，吓吓这些流氓混混罢了，让他们知道村妇一家是他罩着的，往后便不敢再欺负到村妇一家头上去。见几个流氓混混跑远了，卫青才起身拍了拍衣服，头也不回的往前道：“我走了。”结果还没走出村口呢，就有村民远远的跑来叫住卫青，并朝他招手道：“卫青丫头，卫家来人了，说是要接你回去呢，眼下都到了林婆子的家门了。”卫青顿了顿。 这来的可真是时候，这么多年魏家把他丢在这个穷乡僻壤里不闻不问，这会儿倒突然想起他来了。只不过，就算魏家不来找他，他也是要找回去的。现在既然来人了，还免得他一路辛苦奔波，因为从这里到州城根本不知道路途几何。魏青勾着嘴角笑笑，笑得极其温和。魏慈叔，你终于想起来接我回去了，还真是令我受宠若惊。他转身又往村里的林婆子家走去。 林婆子家门前停着一辆马车，对于魏家来说，这只不过是一辆最普通、简便的马车，但在这里的村民们看来，已经是相当稀罕了。魏青还没进门，便听见里面传来林婆子谄媚的笑声。等魏青一进门，林婆子更是灿烂着一张笑脸迎上前，临了又挤出两滴眼泪，说道：“丫头啊，你在我们家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亲女儿养着，现在你要走了，我一时还真是不舍。”魏青不喜不怒的只看着林婆子，林婆子头皮发麻。 哼唧两声，自己都装不下去了。卫青才道：“再演下去，我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卫家派来接人的是个小厮，穿得整整齐齐，本不拿正眼瞧人，但卫青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平静的发深。那小厮面上还是得恭恭敬敬地称他一声二小姐。没有过多的废话，卫青把自己的包袱丢进了马车里，便钻了进去。他甫一坐下，便撩起车帘，看向窗外干巴巴站着的林婆子和林翠翠两个人。 母女俩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魏家竟真的有一天派人来把魏青接回去啊！魏青可是魏家的二小姐，以前却被他们俩呼来喝去，任打任骂。她要是追究起来，这母女俩铁定吃不了兜着走。魏青挑起唇角笑笑，林婆子和林翠翠脸色便有些发白。魏青放下车帘时，清淡道：“好自为之。”马车悠悠驶出村口，驶向大道，直直往前，不复回头。林婆子和林翠翠一直站在门前望着。 直到再也看不见马车的影子了，林翠翠才茫然地问娘：“她说‘好自为之’是什么意思？”林婆子也不知道，随口道：“管他什么意思，这丧门星是走了，往后家里可就清静了。”林婆子只盼着她以后再也不要回来找麻烦。这些年她从魏家得了不少好处，也不算白忙活。可林婆子和林翠翠才转身进家门不久，就有不速之客上门了，把院门拍得啪啪震响。林翠翠打开院门一看，居然是村里的那几个流氓混混。 他还没有所反应，流氓混混就窜进了他的家门里。流氓混混往他家里又打又砸，说是上次林翠翠让他们去收拾卫青，结果反被卫青打得浑身是伤，到现在都还没好，需要林翠翠赔医药费。林婆子十分凶悍，骂道：“翠，狗杂种，撒野撒到老娘这儿来了！什么医药费，这里没有，还不快滚！”流氓混混笑嘻嘻道：“怎会没有？那凶丫头可亲口说了，卫家每个月都会给你五两银子呢，你还诓我们不成？” 要是再不交出来，我们只好拿林翠翠去抵医药费了。林婆子眼前一阵发黑，她终于明白卫青那句轻描淡写的好自为之是个什么意思。那小蹄子走都走了，也要让他不得安生。这几个流氓混混手里操着棍子，林婆子一人根本斗不过。他们又把林翠翠按在了桌上，若是林婆子再不给钱，他们便要把林翠翠的衣服撕了。流氓混混笑得十分无耻，道：“全村的人都知道她养过野男人，又不是黄花大闺女了，害什么羞？” 林翠翠哭得十分凄惨，最终林婆子把家里仅剩的钱都拿出来给了他们。流氓混混掂着钱不满道：“才给这么点，打发叫花子。”林婆子嚎哭道：“真的只有这么多了，魏家哪有一个月给五两银子？都是那小蹄子骗人的，一个月给二两银子都已经不错了。再加上前不久才折了一大笔钱，现在把所有的钱都拿出去，几乎要了林婆子半条命。”林婆子原想着林翠翠大了，没人上门提亲，等她存够了钱，给她招个夫婿上门。 可没想到，一切都成了泡影。几个流氓混混把林婆子家里搜罗一遍，果真没再找到半个铜板，泄愤的打了林婆子几棍子，才离开了。林婆子搂着林翠翠，母女俩抱头痛哭，终于有一种凄凉悲惨的感觉。林翠翠一边哭一边骂：“卫青，我诅咒你不得好死！”星号星号星号。卫青记得多年前，卫慈叔从京城被贬迁至此地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五品之州，而今数年过去了。 听小厮洋洋得意地说起，魏慈叔已经是行省的参政大人，官至从三品，仅次于行省之长布政使司。他果然还是往上爬了。为了做到今天的这个位置上，不择手段。隔着一条清净的巷陌，把外面街上的喧闹都阻断，只隐隐约约传来人声，彰显着人间繁华。卫青站在高阔的朱门前，抬头向上望，见那高高的门楣上挂着一块牌匾，上书魏府。魏家，我又回来了。那朱红的大门紧闭，门前守着两个护卫。 卫青站在台阶下，一身洗得发白的布衣，毫不显眼。若是他仪容再凌乱一些，守门的护卫还可能会把他当做来乞讨的乞丐。小厮领着卫青欲从朱门前经过，穿过后巷往后门进去。大概以他现在的身份，连从这正门进去的资格都没有。没想到小厮几番催促下，卫青连步子都没挪一下。他从门匾上收回了视线，随意掸了掸衣角，抬脚便往门前的一段台阶走去。小厮急忙拦了拦他。 二小姐，这正门是不会开的。夫人请小姐从后门入呢。卫青不咸不淡地看了他一眼，道：“哪个夫人？徐夫人吗？”小厮点头应道：“正是。”卫青眯着眼看了看巷弄里青黑色的屋舍外的电蓝蓝的天，道：“如今已经做了魏家的主母夫人了吗？那年她被赶出家门的时候，那徐氏明明还只是个妾。小厮哪敢惹徐氏？徐氏是当家主母，她说的话对于府里的下人来说就是一纸。现在徐氏让魏家大门紧闭。” 只准卫青从后门进，分明就是不待见卫青。他们这些做下人的自然看得清形势。小厮语气有些不耐，再催促了一句：“二小姐还是往这边走吧。”哪想话音一,一落，卫青不急不慢，捋了捋衣角，就是便在府门前的台阶上坐下了。小厮愣了愣，就见卫青小臂闲适的搭在了膝上，悠悠道：“回去告诉夫人，她什么时候肯开这门了，我什么时候再进去。徐氏不好好的把他丢在乡下，这个时候派人去把他接回来。” 若不是有他非回来不可的理由，那是为什么？难不成是单纯的觉得日子瞎过的无聊，所以找他回来添堵受虐吗？所以卫青不着急。小厮惊疑不定的去禀报了，结果等了半晌，也不见大门有敞开的样子。中途倒是开了条门缝，从里面探出一双眼睛来，在与守门的护卫低语了两句，便又关上了。卫青起身，拍拍衣服，径直走了。侍卫见状，也知道了她是府里的二小姐，连忙出声询问。 二小姐要去哪儿？卫青头也不回，回乡下。方才管家才吩咐两个护卫看好他，谨防他在门前闹事。他还什么动作的都没有，这就要走了。结果卫青还没走出巷子，卫府紧闭的大门便缓缓打开，从里面跑出两个下人追上卫青，请卫青进家门。卫青这才停下脚步，回头。他一步一步登上台阶，抬头看时，那朱门背后的假山庭院可见一角，端地是整洁阔气。既然回来了。 他便要堂堂正正的从这里走进去，他要踩在脚下的可不光光是眼前这一段漆红光鲜的门槛而已。此时魏慈叔外出公干还没有回来，魏家的老夫人和徐氏以及魏慈叔的两个妾室、几个孩子，眼下都在正堂上，正等着卫青不急不徐的走来。清脆的天光被门框给圈限了起来，明亮的让人眼睛发胀。卫青从那海棠树下走过，出现在了门框圈限起来的视野里。他一身破旧的布衣，发丝绑在脑后，神色平淡。 背脊挺得笔直，这和当初被赶出家门那个瘦弱可怜、哭哭啼啼的小丫头大相径庭。没有吴家有女初长成的羞羞怯怯，竟有一种不容忽视的沉静与利落。坐在正手的魏家老太太一时间有些恍惚，不由忆起多年前妙兰出入魏家门庭时那番金贵自持的京中贵女的光景来，心中微微一沉。这是她的女儿，转眼间长这么大了。老太太旁边坐着的便是徐氏，一脸精致的妆容。 身材微微发福，少了些以前那股妖妖娆娆的韵味，可见日子过得滋润。徐氏眯着眼打量着卫青，心里憋着一股火气，面上却不动声色。他让下人开了后门接他进家门，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不想这丫头居然不识好歹，非要卫家敞开正门迎他回来。卫青在乡下的时候，徐氏便叮嘱过让林婆子多加照料，现在亲眼见了他，本以为他会是一副畏畏缩缩、烂泥扶不起墙的样子，却没想到在他脸上看不到丝毫的懦弱与自卑。 他那副平静的面孔下，究竟是怎样一副心思？徐氏盯着他看了半晌，也看不出分毫。卫青进的正堂门口，在老夫人跟前站定，然后撩起衣角跪下磕头，一举一动寻不出丝毫差错，道：“卫青给祖母磕头请安。”一看见卫青，就不能不使卫家这些知晓内情的人心里膈应，老夫人亦是如此，因为卫青长得像母亲妙兰。现在听卫青给他请安，老夫人回了回神，面上有些无法形容的晦涩，僵硬的点点头。 道：“你舟车劳顿，便不用行此大礼了，快起来吧。”卫青起身，又面向旁边的徐氏，也依然平静规矩行礼道：“见过夫人。”他越是这般，越是滴水不漏。徐氏心下默定，却也请客，换上一副和颜悦色的笑脸，道：“老夫人都说不必多礼了，回了自个家里，你还客气甚？往后你便随家里的孩子一起唤我母亲吧。”卫青道：“是母亲。” 徐氏现在是当家主母，家里不论她的孩子还是妾室生的孩子，名义上都得唤她一声母亲。可徐氏认为，卫青无论如何也不会愿意唤她母亲，只要他有一丁点不愿意，那就是坏了规矩，徐氏便能名正言顺地好好调教他。没想到卫青却一点犹豫都没有，唤他唤得十分自然，仿佛进了这家门，往后大家当真是一家人一般。大概是在乡下这些年吃尽了苦头，现在好日子来了，当然要上赶着些吧。徐氏想来想去。 只能想到这个原因，不由笑意中带着鄙夷和不屑。现在她是魏家的正牌夫人了，这小丫头片子若想跟她过不去，那还有的是苦头给她吃。徐氏身边站着一双儿女，眼神各异地打量着魏青。女儿大概十四五的样子，生得亭亭玉立，是魏家的长小姐，叫魏琼居。儿子则是魏家人人捧上了天的魏慈叔的独子，叫魏子规，排行第四，魏青排第二。下面还有一位妾室生的女儿，叫魏琼九，笑得甜甜的。 换魏青一声二姐，魏琼居则温婉大方，柔柔道：“二妹，你可总算回来了。”魏慈叔总共就这四个孩子，旁边的魏子归才六七岁大。魏青记得他离开这里的时候，他连话都还不会说，眼下却能用鼻孔冷哼一声，说道：“你就是那个被赶出了家门的孽女。”此话一出，堂上的气氛当场有些尴尬。老夫人微微沉了沉脸，徐氏毫无责怪之意，理所当然的对魏青道：“子规还是个孩子，童言无忌。” 你莫往心里去。卫青不置可否地低着眼帘，眼底里深得无底，看着这张稚嫩却趾高气扬的小脸，平日里一定很得卫家人的宠爱，才养得这般张扬跋扈。卫青勾着嘴角笑了，笑容极其温和，他像一个姐姐逗弄弟弟一样，伸手轻轻掐了一下卫子规的脸蛋，笑眯眯道：“是呢，你怎么知道的？”众人脸色不均，卫子规极其嫌弃，当即就要挥开卫青的手，结果卫青先一步放开了他的脸蛋。 魏子归小脸很嫩，连一丝红痕都没有，可见他真的没有用力。徐氏虽然非常不爽魏青碰他的儿子，可堂上俨然一副一家和睦的样子，他也只好隐忍不发。徐氏给魏青备好了院子，随后就让下人带他前往后院。熟悉的路径，熟悉的脚下的青石板，都有几分岁月更远的况味。当他走进那个后院，推开那扇尘封已久的门扉时，尽管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可苍白的手仍是有些微微发抖。 房门吱呀一声，里面的空气里散发出一股陈年矿酒的气味。窗台外照射进来的日光下，无数细小的尘埃在起舞跳跃。卫青下意识就把视线移转到了房梁上，那里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可是卫青却清楚的记得，五年前他的娘自缢在那梁上，曾经他娘在这里住过，房里有不少的贵重之物，有金丝檀木落花床，有玉翠屏风，还有琉璃梳妆台和八宝装匣子，以及装匣子里面装的宫廷内造首饰等。 眼下却什么都没有了，只换上一张普通的床，一副用旧的桌椅，以及一两个柜子。那些东西被人眼馋了许久，当然要遭洗劫一空。徐氏指派来的丫鬟姗姗来迟，叫依兰。这院子久未住人，蒙了一层厚厚的尘。依兰刻意晚来了些，认为卫青在乡下待得久，肯定是干惯了活的，不等他来，自己就会动手收拾得干干净净。果真，当依兰到来时，一进屋就看见卫青正在忙碌。 他娘住过的房间怎能日久天长的蒙尘呢？因而擦床、是窗、桌椅上的灰尘、墙角的蛛网，卫青都清理的一丝不苟。依兰身为丫鬟，也不好干站着不动，便象征性的进来帮两把。可不知她究竟是来帮忙的，还是来添乱的。卫青好不容易扫拢的灰堆，被他撞死不小心几脚又给踢了满屋都是，空气里灰尘飞扬。依兰拿着抹布胡乱擦两下，便被呛得连连咳嗽，捂嘴道。 不行啊，二小姐，这里面的尘太重了，奴婢受不了了，得出去喘口气。说罢，她转身便往外走。浑浊的空气下，隐约可见她嘴角浮上一抹恶趣味的笑。一个乡下弃女回来了又怎么样？徐氏没有因她回来而命人准备张罗，老夫人和魏慈叔也不闻不问，可见她在这家里的地位。说好听点，门面上是个二小姐；说难听点，待遇还比不上老夫人、徐氏那里的一等丫鬟。也难怪，现在连个丫鬟都瞧不起她。 丫鬟身上穿的起码还是整齐漂亮的绸衫长裙呢，这下好了，依兰来这一搅和，反弄散了这满屋子的尘，又得重新打扫了。就她这样打扫，怕是弄到天黑都弄不完。哪想依兰才将将转身走了两步，还不及走出房门，忽然脚下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猝不及防，结果就直接扑倒在了地上去。依兰这结实一摔，半边身子都钝痛，裙子又掠起一波浮尘，她整个人给摔懵了。紧接着眼前光影便是一暗。 趴在地上的手上，倏尔传来一道尖锐的疼痛，依兰叫了一声，一抬头看见的是浮沉下卫青的那张不变情绪的脸，而卫青的脚正正踩在依兰手指的骨节上，稍稍一捻，便是钻心的疼痛。依兰脸色发白，眼里尽是不可置信，疼得冷汗直冒。卫青低着眼帘看她，道：“现在呢，还需要出去喘口气吗？不，不用了，二小姐快放开，好疼。”卫青脚下不放，嘴上却分外耐心道。 我在乡下的时候，条件可比现在要恶劣多了。上山砍柴、洗衣做饭、烧火喂猪，样样都得亲自去做。伊兰哪想听他说这些，他只想让他快点放开呀。卫青偏偏不着急，又道：“没办法嘛，日子总要一天天去过不是？你看我现在不就熬出了头吗？可见吃苦耐劳确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谁谁要听你什么吃苦耐劳是美德？”伊兰快疼得背过气去，用另一只手去扒卫青的脚。 卫青鞋底粗糙，又沾了灰尘，磨在依兰的骨节上，着实是种折磨。卫青还道，所以当下你最好还是放勤快些，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等来了机会，你也能熬出头。到那时候再来给我找晦气也不迟。说罢，卫青终于才肯悠悠抬脚，松开了他。本以为卫青会就此作罢，不想霎时又抬脚往灰堆里一踹，那厚黑的灰尘当即覆了依兰满脸，依稀认不出他本来模样。这回依兰是真被呛住了，咳嗽个不停。 卫青转身出去，道：“现在我需要出去喘口气，我回来之前，请将房间打扫干净。”他站在门口，回了回头，眼神幽幽的看着依兰完好的那只手，又道：“如果你还想要你另一只手的话。”卫青走后，依兰抽泣出声，她擦掉了脸上的灰尘，看着自己方才被卫青踩过的手，只见手指关节被磨得通红，还破了皮，灰尘沙子都碾进了皮肉里。依兰看的心里直颤，手指也不受控制的颤抖不止，她痛得唏嘘，哪还敢使半分性子。 伊兰以为卫青是个软性子，好拿捏。看他那副瘦不拉几的穷酸样，应该很好欺负。原来那只是表象，他根本就不是那样。伊兰不敢耽搁，灰扑扑的从地上爬起来，开始打扫房间。早知如此，方才就不多踢那几脚了，还能省下一半功夫呢。下午的时候，卫慈叔回来了，听说下人已经顺利的把卫青接了回来，反应很冷淡。除了卫青，卫慈叔还有两个女儿，因而多他一个少他一个，实在没什么区别。 魏慈叔第一时间就被老夫人叫去了她院子里。老夫人的房间外间摆放着一个罗汉床，中间赫然竖着一盏玉翠屏风，将里间和外间隔断开来。此刻，老夫人正靠坐在罗汉床上休息。魏慈叔进来，在旁边坐下。老夫人问：“你可去见过魏青了？”魏慈叔道：“还没。”老夫人叹口气道：“这丫头越长越像妙兰，我心里着实不太踏实。五年前虽说她只是个八九岁的孩童，可难保她不记得那时候的事。” 你说他若是还记得，心里又该是作何打算？魏慈叔皱了皱眉，沉吟道：“一会儿我过去看一看。”老夫人点头道：“你去看看也好，咱们家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莫要再出什么事端才好。”魏慈叔在房里坐了片刻，便起身离去，径直往魏青所在的那院子里走去。这个院子在魏青回来之前一直荒芜着。魏慈叔一进去，便看见一个瘦弱的丫头背对着他，正蹲在院子里捡弄花草。原本荒芜的地方，蓦地添了几许人气。 傍晚的风浅浅拂来，带着些草木清新的味道，扬了扬卫青颈窝里的几缕发丝。卫辞叔盯着那抹身影，心里想的却是，若是他还记得五年前的事，那继续留他在这府里反而会是个祸害。就算现在再把他丢回乡下去，也不能完完全全使卫辞叔放心了。卫青感觉到背后有人，他弄完一盆花草以后，才不紧不慢的站起来回身，不想看见的是一位中年男子，愣了愣。尽管隔着五年的时间不见，他也一眼就把他认了出来。 魏慈叔，岁月在他脸上多少凿下了些许痕迹，他嘴角留了两撇胡须，和以前卫青记忆中的视角下那俊逸却扭曲的脸孔有所差别。但一个人的本性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吧？以前卫青还小，不太懂得，可如今他知道这副脸孔下的道貌岸然。卫青那一愣，表现得像一个多年不见至亲，依然天真无邪的孩子。魏慈叔一味审视着他，一时间两人都没有说话，两个人心里都没有半分父女重逢的喜悦。 而是充满了无形的试探。卫青一如在正堂时一般，规规矩矩的唤卫慈叔一声父亲。卫慈叔点了点头，问：“什么时候到家的？”午后。卫慈叔看着卫青，感慨道：“一转眼你就长这么大了，想当初你才这么高点，为父就不得不把你送走。”说着，他往自己的腰间比划了一下。卫慈叔又问：“在乡下可是吃了很多苦？为父特意打点过，叫乡下的婆子好生照顾你。”卫青道：“婆子确实很照顾我。” 你可还记得，为父为什么要把你送去乡下？卫青摇头道、啊：“以前在乡下的时候不适应，生了几场病，都不太记得了。”卫慈叔心中微定，现在的卫青正值豆蔻之龄，一个在乡下养大的丫头，接触的人和事都少得可怜，她能有什么城府？当初事情发生时，卫青才不过七八岁的年纪，许多小孩子的记忆维持不了那么久，大多都会不记得。况且他还说他生过病，不记得再正常不过了。 想在这丫头面前把有的说成没的，把黑的说成白的，也简单容易的很。魏慈叔唏嘘长叹，面有悲戚，道：“当年你娘家族落罪，你娘意味罪自杀，为父为了保护你，才不得不把你送去乡下。现在风头过去了，才又再接你回来。”魏慈叔红了红眼眶，又道：“是为父愧对你娘，最后也没能护住她，还让你受了这么多苦。好在你现在回来了，往后就在这里安心住下，有什么需要的就跟夫人说。” 真真是情真意切，卫青感觉自己差点就要被感动了呢。他说道：“我明白，爹都是一片苦心，以后我会好好孝敬爹的。”魏慈叔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看着卫青眼圈通红、眼角垂泪的模样，心里总算是彻底落下了。他果然是不记得的。魏慈叔十分满意，便再无耐性在此处和他大谈父女情，草草再说了两句便离开了。卫青抬起头来，看着魏慈叔离开的背影。 依兰打扫房间和这座荒芜的院落，累得快直不起腰。即便如此，也不敢再有丝毫怠慢，得赶在天黑之前把这院落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依兰从房间里灰扑扑的出来时，看见卫青站在薄薄的暮色中，正若无其事的抬手是掉了眼角的泪痕。依兰十分惊奇，这二小姐之前狠狠碾踩她的手时，可不是这么一副柔弱善妻的样子。卫青回转头来看着她，依兰心里一咯噔，即便是流泪，也该有点情绪才对。 可卫青云淡风轻的甩掉了指尖上的泪渍，挑挑眉，稀疏平常的问我：“看起来有那么单纯好骗吗？”依兰越发的意识到，二小姐这次回来绝对不是什么善茬。以前卫家搬来此地，卫青他娘在这院里没住多久就没了，这院落还没来得及起个名字，往后卫青便在他娘曾住过的这院落里住下了。他给小院起了个名字叫风晓。第二天一早，依兰把早饭拿了回来，请卫青用早饭。那是一碗稀粥，配着一碟咸菜。 依兰一放在桌上，卫青没动勺子，便闻到了稀粥里一股不容忽视的馊味。昨日卫青年踩了他的手指，他不敢反抗，但不代表他不会怀恨在心。这稀粥是依兰一路送过来的，他又怎会没闻出来？不仅如此，半路上他还往粥里狠狠吐了几口唾沫。只要一想着一会儿卫青要吃这么恶心的东西，依兰便一阵心情舒畅。现在根本不需要他做什么，夫人自会变招法来收拾卫青。依兰去厨房时，这粥便已经准备好了。 依兰稍稍按捺住自己幸灾乐祸的心情，说道：“二小姐还是快吃吧，一会儿还要去向老夫人请安呢。”结果卫青不慌不忙地问：“你吃过了吗？”依兰一顿，偷偷瞥了一眼那碗馊掉的稀粥，顺口就答道：“奴婢已经吃过了。”卫青浅浅笑了一下，道：“主子都还没吃，你这个奴婢倒先偷吃了。”依兰面色变了变，反应还算快，道：“奴婢奴婢是想着一会儿还有许多活要干，所以就先吃了些。”府里的其他下人也是如此的。 卫青点点头，表示理解，道：“也是，既然有那么多活干，不多吃点怎么行？”他把稀粥往他面前推了推，赏你的，依兰。为什么他都已经避开了，还是能被这二小姐给绕回来？见依兰不动，卫青道：“怎么的？瞧不起？”依兰屈腿就跪在了地上，委屈道：“不关奴婢的事，这都是夫人命人备好了的，奴婢去厨房也只是听从吩咐送过来而已。”卫青不紧不慢道：“我又没问你这些。” 以前在乡下的时候，别说这样一碗粥，就是再馊一点，也有人抢着吃的。因为穷嘛，想要活命，才丁点不可以浪费。依兰心想，她一点也不想听这些呀。果真又来了，只听卫青又道，可见勤俭节约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依兰恨不得当场晕死过去。卫青心平气和道，现在夫人一片好意，你却想浪费。依兰微微一抖，感觉卫青的视线落在自己的手上，顿时就又火辣辣的痛起来。 他可没忘记昨个卫青一边捻着他的手，一边不紧不慢说话时的光景，也是这样一副心平气和。最终，依兰捧着那粥碗，强忍着嫌恶，将馊粥喝掉。刚一入口就呕了出来，还没来得及吐出口，卫青便道：“别把地板弄脏了，很难打扫的。”依兰不得不又强行咽下。卫府又不穷，这种东西只能拿去喂猪，连下人都是十分嫌弃、难以下咽的。更何况里面还有依兰自己吐了唾沫，现在他又得咽回去。 究竟有多恶心，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魏慈叔来试探过卫青以后，显然他和老夫人都对卫青放下了心，便再也没多关心过他一字半句，就好似这府里不过是多养了一个不相干的闲人。卫青去给老夫人请安时，魏琼居和魏琼酒也在，看得出来老太太十分疼爱魏琼居，对魏琼酒就没有那么在意了。也是后来卫青才得知魏琼居是城里的第一美人，若不是早早就定了亲，想来做媒的媒婆只怕要将魏家的门槛都给踏破。 魏琼居伪石生的美丽颇有几分徐氏当年的风韵，一颦一笑都惹人怜爱。魏青来后，老夫人也没多看他两眼，只随意平淡地问了两句话，便不再理会。今日老夫人身体有恙，一直在敲额头，头脑不舒服。身边的嬷嬷拿了毛巾搭在她额头上，多阵也不得缓解。魏琼居见状，便叫人去请大夫。老夫人道：“请什么大夫？都是老毛病了，哪回大夫来是有了个结果的？”老夫人有眩晕病。 时常头晕脑胀的折磨了他多年，却偏偏大夫说不出个所以然的病因来。正难受时，一直沉默的卫青突然开口道：“以前在乡下的时候，我向人学过推拿之法，祖母可要试一试，说不定能缓解。”老夫人闻言，表情一动。卫琼居侧,侧目看向卫青，却道：“祖母身体金贵，乡下人的东西怎么能拿给祖母用？”卫青笑了笑，道：“那乡下人种的粮，乡下人浇的菜，大姐姐怎么要吃呢？”卫琼居面色顿了顿，柔声道。 二妹，我不是看不起你是乡下人的意思，只是祖母的身体若是有个差错，难道二妹负责吗？老夫人脑瓜子都快眩晕的糊掉了，只要能让她好受些，哪管是什么办法。所以他招了招手，让卫青进前来。卫青站到老夫人的身后去，指节灵活，摸到了老夫人肩颈的经络，手法轻重得当，又精准的刺激到周边的穴位。老夫人一时舒服的直叹声。卫青道，祖母不仅是气血不畅，这经络还淤塞呢，是不是时常觉得脑后僵僵的？ 老夫人十分惊讶，青丫头还懂这个。卫青平淡道：“在乡下跟老大夫学了一些。”一会儿，祖母觉得好受些了，我再帮祖母详细看看。老夫人求之不得，握握卫青的手，道：“好好。”随后，卫青让她在罗汉床上躺下，摘了头发上的发饰，试得卫青手指能够接触到老夫人的头皮，替她按摩穴位，促使脑部血液循环。那股头晕脑胀、快要裂开的劲头，在卫青的手法下，居然神奇的平静了下去。 老夫人眉头舒展，闭着眼享受道：“青丫头，你的手怎么这样巧？”魏青笑道：“祖母受用就好。”魏琼居看着魏青和老夫人祖孙和乐的画面，紧了紧手里拽着的锦帕，神色不定。魏琼九则看着魏琼居的反应，罢后又看了看魏青，脸上始终挂着甜甜的笑容，道：“祖母往后有二姐在身边，就再不用担心这眩晕病了。”魏青停手时，老夫人好受了许多，一直握着魏青的手，和颜悦色道：“早知你这么能干，祖母早该把你接回家的。” 老夫人这才注意到卫青身上穿的仍是昨天那身布衣，皱了皱眉，又道：“你是卫家的二小姐，怎么还穿这样的衣服？这家里的事务都是徐氏在打点。老夫人虽是在问卫青，可实际上问的却是徐氏。眼下徐氏不在，只好由魏琼居代为回答。魏琼居面色干干的应道：母亲这几日事多，许是忘了吧？穷居会提醒母亲的。老夫人点头，不再多言。卫青又请老夫人伸手给他把脉。 一读脉象，再综合病症，果不其然，是得了富贵病。大概是卫青昨个回来，给他心里添了堵。天气渐热，情绪不佳，这血压蹭蹭就往上升啊。卫青料到是如此，方才才会用按摩手法按摩老夫人的脑部，血液循环一顺畅些，症状自然就减轻些。老夫人问如何，卫青收手道：祖母是气血行之不前，使得颅内血液供氧不足，这才产生眩晕感。 往后我仔细帮祖母调理，眩晕的症状就会慢慢好转的。老夫人十分欣慰，道：“还是青丫头懂事。”事实，老夫人的早膳送过来了。卫青一看，全是滋补类的，又不爱运动，不三高才怪。老夫人的饮食本应该清淡为宜，卫青只看在眼里，不置言语。活到一把年纪的人，想吃什么，想补什么，还不是随自己高兴？不然真让他吃些青菜粗粮，吃不惯口，还以为是在穷酸他。高血压没法根治。 只能缓解，往后老夫人想要好受些，还得需要他。老夫人叫上三个孙女一起吃，卫青早上还没进食，正好饿了，便不客气地吃了。回去的时候，老夫人还赏了一串璎珞给卫青。卫青把玩着璎珞，神色悠远。老太太房里的那扇玉翠屏风，他娘的遗物，这位家人用的可真是心安理得呀。回到风小院，也不见依兰。今早的一晚，馊粥在她肚里充分地发挥了作用，一上午她都在往茅房里窜。 卫青一进自己的房间，冷不防皱了皱眉，有人进了他的房，动过他的东西。床上被人踩得乱糟糟，床铺被褥乱成一团，浸开大片的黑色墨迹，以及墙上、桌上都被人泼了墨。如此大张旗鼓，生怕别人不知道，看样子真的是有恃无恐。卫青在床角发现了一枚三角形的平安符，平安符很小巧，上面别着个小别针，一看便是孩童佩戴之物。他弯身捡了起来，若无其事的纳入袖中，轻声自语道。 既然开了头，你可别不今晚啊。等依兰回来时，看见满屋子惨不忍睹的样子，着实吓了一跳。她对上卫青的眼神，卫青还一个字都没说呢，依兰就惊慌的摇头。二小姐，不是奴婢干的。卫青扯了扯嘴角，道，我又没说是你。房里还来不及清理，魏琼居就带着两个婢女过来了。彼时他一登门，看了这满屋子狼藉，柔柔笑道，二妹这是在作画吗？卫青不紧不慢道。 不知是哪个狗娘养的，趁我不在的时候往我房里恶作剧，让大姐姐笑话了。此话一出，魏琼居的脸色就变了，笑意也维持不下去，道：“你说谁是狗娘养的？”魏青环视了黑花花的屋子一眼，道：“当然是恶作剧的人。难道大姐姐知道是谁吗？”魏琼居神情几经变幻，最终面色不善的僵硬道：“我怎么知道是谁？”魏青眯了眯眼，道：“大姐姐过来有事吗？”说到正事。 魏琼居表情这才缓了缓，强硬的挤出一抹笑，让身后的两个丫鬟上前。丫鬟手里捧着的是两叠衣裳。只听魏琼居说道：“今日见二妹没有衣裳更换，又逢祖母问起，惭愧的很。母亲是多顾不上来，二妹还请见谅。”魏青盯着那两叠衣裳，不置可否。魏琼居眉间笑意盈盈，又道：“所以我从祖母那一回去就搜罗了一番，找到了这些。正好我前两年的时候身量与二妹差不多，这些衣裙虽是前两年穿过的。” 但也是七成新，二妹不要嫌弃。这些旧衣是她穿过不要了的，可好歹也是绫罗绸缎所制，现在给这个乡下弃女穿，真是便宜她了。看看哪个乡下人还有绫罗绸缎穿的。因而魏琼居字里行间都显现着一股姐姐的大度和施舍的慈悲。卫青分明记得从前，只要是他的东西，魏琼居见了都会露出一种想要占为己有的眼神。而今虽是往外送了，可本质上的劣根性一点也没变。卫青原以为他多少长进了一些。 起码装也能装的久一些，没想到才一看到自己和老夫人亲近了一点，她这么快就按捺不住了。卫青视线落在卫琼居脸上，片刻，十分平和的笑了，道：“大姐姐真有心，依兰还不快收下。”依兰心里正痛快呢，看吧，也只有在她面前耀武扬威，夫人和大小姐还不是把这二小姐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二小姐哪有资格穿新衣服，能有大小姐七成新的衣服穿就不错了。只不过她若是真穿在身上，府里下人以后谁还能看得起她？ 一个死了娘的贱种，他娘还早已被魏慈叔休弃，他有什么脸面真把自己当主子？依兰也只敢暗自腹诽，面上哪敢显露半分？魏琼居十分满意，道：“明天向祖母请安的时候，希望能看到二妹穿得像样一点。”说罢，带着自己的丫鬟便又趾高气扬地离开了。魏青一向起得早，依兰照例要去拿早饭的时候，他对依兰道：“顺便拿点这汤回来，不然我怕那馊粥不好下口。”依兰一听就有点绝望。 莫不是今日还要他吃那馊粥吧？依兰干巴巴地道：“二小姐，那馊粥真的不是奴婢刻意准备的，是夫人。”卫青道：“这话你不是说过了？夫人怎么准备的？你便照吩咐怎么送来就好了。昨天不就做得很好吗？”依兰心里苦，她道：“可奴婢昨天拉了一天，今天实在吃不下了。”卫青这才抬眼看他一眼：“如果你非要吃，可以拿两碗。”依兰脑子灵光，一下子反应过来，连忙就去后厨，只一碗就够了。 二小姐找虐想吃那馊粥，可她这辈子都不想再碰了。依兰动作快，厨房果真今天准备的依然是馊粥，可能是昨天夫人、大小姐他们吃不完剩下的。这样下去，每天留给卫青的都是馊粥。依兰也没忘照卫青说的拿了这糖回来。卫青慢条斯理的把这糖放进馊粥里，搅拌均匀。依兰在旁边干瞪眼看着，就等着他吃一口呢。结果卫青抬起头来看他，道：“去挑一身昨个大小姐送来的裙子来。” 依兰也不知该挑好的还是坏的，生怕再中卫青的套，于是挑了件不好不坏的。卫青道：“赏你了，去换上吧。”依兰欲哭无泪，最后还是要被他给套进去。依兰道：“二小姐，奴婢是下人，不能穿主子的衣服的。”卫青悠悠道：“大姐姐把衣服送我了，便是由我自由支配。我说你穿的，你便穿的，谁叫你我主仆情深呢？”翠，去你妈的主仆情深！依兰晓得，他分明是要把自己推出去当众矢之的。 依兰凄凄楚楚地哭道：“二小姐一定要这样为难奴婢吗？奴婢会被打死的呀！”卫青讥诮地挑了挑嘴角，道：“为了一件衣服，夫人便要将她精心派来的人打死？那还不至于。”依兰脸色白了白。卫青顿下脚弄调羹的手，侧目看向依兰。窗外的晨光打照在她的侧脸上，一半在明，一半在暗，有种压抑的紧迫感。他道：“但我若要弄死你，绝对是极其简单的，你信不信？”依兰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 卫青继续手里调羹搅拌的动作，所以你要不要重新选一下，看看站哪边活着的几率更大一些？依兰后背上已经密密麻麻出了一层冷汗，半晌，她抱着裙子，僵硬的转身，喃喃道：“奴婢这就去换上。”直到要去请安的时候，也不见卫青动过那碗馊粥。依兰试探着问：“二小姐不吃吗？既然不吃，为什么又要让他去厨房里拿来？”卫青抬脚往外走，道：“请安的时间到了，我回来再吃。” 等景王安回来，估计更馊了吧？这清晨里满园清新，一路上依兰都十分不自在。她身上穿的是魏琼居穿过的衣服，她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深刻的感觉到自己正在往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是这位二小姐压根不按常理出牌，先前依兰确实被她的气势给镇住了，现在一个劲的懊悔也已经来不及了。依兰满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会儿到了老夫人那里，那么多人看见她这么一番衣着，她会是个什么死法？ 依兰在花园里停了停脚步，乞求道：“二小姐，奴婢还是回去换丫鬟服吧。”卫青回身打量了一下她，道：“这样挺好看的，人也长得清秀。奴婢保证以后会听二小姐的话，求二小姐放过奴婢。”依兰说着就要往卫青面前跪下来，卫青拖住她的手臂，看似随意，可那手上的力道大得很。依兰心惊，她原想在花园里跪地不起，就算耽误了请安，引来了其他下人的围观，也能证明她无辜，全是卫青逼迫她这样做的。 可是现在他根本跪不下去，卫青轻声道：“让人看见了、啊，还以为是大小姐在向我下跪。你这样让我很难做。你若安分守己的待在我身边，今日我可保你无虞。但你若擅作主张，那我可就不担保了。”依兰对上他温和的视线，心中端的一颤。说着，卫青眼稍微抬，看向依兰的侧身后，嘴角一挑就笑了，又道：“你看，说来就来。”话音儿将将一落，依兰背后就响起了脆生生的呼喊：“姐姐！”昨日也是这个时候。 卫青在花园里与卫子规碰上了。昨日他要去上早学，见了卫青，骂了句孽女，昂头挺胸的就走了。今日又在此时此地碰上，顺理成章。依兰身子一僵，那头卫子规就已经快步跑上前来。他看依兰穿的衣服好像是他姐姐卫琼居的，就自然而然的把依兰当成了他姐姐。又见卫青也在，还抓着他姐姐的手，便以为是卫青在欺负他姐姐，顿时冲过来就要把卫青推开。卫青及时侧身让了让，使得卫子规推了个趔趄。 魏子规瞪着魏青那张唇红齿白的小嘴里骂道：“孽女，谁让你用脏手碰我姐？”魏青道：“对二姐是不是还是应该礼貌些？”魏子规小脸上尽是嫌恶，道：“我听我爹叫你孽女，你算狗屁二姐！我娘说你只不过是个乡下来的烂货。”魏青十分平和道：“是吗？那你爹娘还说了什么？”魏子规正在气头上，根本见不得魏青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便恶狠狠道。 我娘还说，你的死娘就是个骚货，死了也不忘给家里弄得乌烟瘴气，还留下你这个孽种。骚货生下的烂货，以后长大了也是个又骚又贱的。什么样的嘴里吐出什么样的话来，即便是卫青亲耳听到徐氏骂这些，也不会觉得奇怪。更何况卫子规还是徐氏的儿子，从小便耳濡目染。卫子规目中无人惯了，就连他身边的丫鬟也未觉得有何不妥。那丫鬟无视了卫青，像哄祖宗一样对卫子规道：“小少爷。” 咱们快去上早课吧，再耽误就要迟了。丫鬟这一说话，卫青便像似想起了什么，道：“对了，昨日在我房里发现了一枚平安符。”卫子规丝毫不避讳，仰着鼻孔出气，得意道：“昨天算是给你个小小的教训，你最好老实点，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那平安符是徐氏去寺庙里替卫子规求来的，卫子规自己并不太在意，没有了他还可以换新的，可他的丫鬟便不那么想了。 现在那平安符在卫青手里，不就等于证明昨天卫子规到卫青的院子里胡作非为了吗？若是卫青把平安符交到老夫人的手上，卫子规当然没事，但他这个做丫鬟的，说不定还得挨罚。所以丫鬟理直气壮地对卫青道：“那平安符在何处？还请二小姐归还。”卫青笑了笑道：“在我屋里的柜头上，你可自行去取。”丫鬟要去取，又放心不下卫子规，一时有些迟蹰。卫子规不耐烦道：“你速去速回，我和我姐且在这里等你。” 伊兰脸色千变万化，丫鬟从头到尾都不敢正眼看她，真把她当成是大小姐魏琼居了。而魏子规更是一心顾着羞辱魏青，也没仔细看一眼。现在丫鬟要去取平安符，魏子规以为自己和姐姐待在一起，平安的很，于是还不等伊兰解释一两句，丫鬟垂着头就轻快地挪着脚步就往风小院的方向走去。魏青眯着眼看着那丫鬟的身影渐远，眼下花园里又没有别人，他才对魏子规道：“不愿认我做二姐，如今倒是对一个丫鬟叫姐叫的亲热。” 你胡说什么？魏子规怒目而视，卫青看了一眼脸色发白的依兰，似笑非笑道：“也不仔细看看，这是你姐吗？”卫子规终于肯仰头仔细的看上一眼，这一看，发现站着的哪里是他姐，分明是个穿着他姐衣服的丫鬟，顿时卫子规气不打一处来，过去便要往依兰的腿上踹，结果还没走近，忽觉后领一紧，卫青勾着她的衣领，又漫不经心的把她拉了回来。魏子规大怒：“你干什么？” 卫青直勾勾地盯着他，声音温和地道：“卫子规，骂人不带骂娘的，你娘没教过？”卫子规冷哼一声，底气十足地叉腰道：“骂的就是你这不要脸的东西，你和你娘一样的不要脸。”卫青伸手就摸摸卫子规的头，笑笑道：“真是调皮。”卫子规当即挥着自己的手臂就要打开他的手，哪想卫青手指忽儿一收，一把就拽住卫子规的头发，将他头皮紧紧一扯。 魏子规顿时整个头皮发麻，针扎一样泛起细密的疼，人也随着魏青的动作往后仰了仰。他张着一双眼，便对上魏青平静的面容，又痛又怒，小脸通红：“你这个孽女还不放开，你扯痛我了！”魏青手上再往后扯了扯，魏子规痛得眼泪哗哗直打转。魏青缓缓蹲下身来，曲着的膝盖顶着魏子规的腰，使他不能动弹半分。路边的草木茂盛，将两人的身影遮掩，只要没人往这边过来，便很难发现他们。 卫青往他耳边靠了靠，轻声细语道：“你才七岁，事还很小，按理说我不该与你一般见识。可我现在也不过才十三岁，还没成年呢，我也还只是个孩子啊。”卫子规哪里受过这种委屈，头皮痛得不敢胡乱挣扎，只能大哭大喊。可还不及出声，卫青便游刃有余地捏着了他的嗓子。卫青还不慌不忙地认真跟他讲道理，道：“你说我娘不该生下我，可若是只有她一个人，没有我爹的话，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生下我。做人不能不讲理吗？” 所以这罪魁祸首还是在我爹身上，你应该骂我爹呀、啊！我娘一个王者，不管你怎么骂他都听不见，但我爹还活着，他可以听见的吗？魏子规呜呜呜的哭，这一系列动作，卫青做的十分流畅利落，使得依兰在旁傻愣愣的干站着，丝毫没反应的过来。后他回了回神，才连忙扑过来，扒着卫青的手，慌张道：“二小姐，小少爷不懂事，你先放开他吧，要是让夫人知道了，会出大事的。”魏子规艰难道：“我一定会叫我娘打死你！” 卫青却抬头笑对伊兰道：“昨天早上那碗酸粥滋味如何？”伊兰不知为何，看见他的笑时，后背一阵凉晶晶的。不等他回答，卫青又道：“你们城里人定是不习惯吃酸粥，可那酸粥也有酸粥的好处。我们乡下以前就有人因为吃了那酸粥，变得力大无穷，非常厉害。以前他常受乡里的欺负，后来一拳就能把乡里最恐武有力的人打趴下。”伊兰一脸茫然，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个？卫青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今早要你去拿酸粥的缘故，只不过时间匆忙，还没赶得上吃。这样的话一听就十分荒诞，但凡是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相信。况且伊兰还亲有体会，那馊粥只能吃坏肚子，哪能吃出力大无穷？说话间，卫青慢慢放开了卫子规，卫子规捂着自己的头皮，回头愤恨地瞪着卫青。伊兰生怕他把卫青的话信以为真了，连忙道：“小少爷，二小姐与你开玩笑呢，你可千万别当真。”卫子规恨恨道。 孽女，你给我等着！说罢，他扭头就惊恐的跑了。卫青看了一眼他的背影，若无其事的扶了扶衣角，转身道：“走了。”希望没耽误多少时间，迟了老太太要不高兴的。依兰形容瑟瑟的跟在卫青身后，道：“二小姐这么欺负小少爷，要是被夫人知道了，定不会放过二小姐的。”卫青挑挑眉，道：“谁看到了？”依兰，奴婢看到了。”卫青不置可否的瞥他一眼，道：“哦，那你怎么没阻止呢？”依兰。 卫青提醒了他，他一时没来得及阻止。真要把事情摊开来，那他就是卫青的帮凶。依兰想死的心都有了。明明他只想隔岸观火，为什么却被卫青拖下水，越陷越深？依兰低头看着自己的衣着，沉了沉心，又道：“奴婢已经照二小姐说的去做了。若是今天逃脱不得，奴婢就会把方才的一切都说出来。纵使奴婢脱不了干系，也绝不让二小姐独善其身。”卫青自叹道：“我初来乍到，现在连个丫鬟都能威胁恐吓我。” 看来我真的是很需要稳住啊！依兰欲哭无泪，到底是谁威胁谁呀、啊？明明他才是走投无路的那一个，好吗？魏子规匆匆跑到风小院，正逢丫鬟从里面出来。丫鬟并没有赵卫青说的找到魏子规的平安符，只不过还没说上一句话，魏子规便推开他，径直气冲冲地闯进了魏青的房间。他桌上果真放着一碗粥，一股子浓浓的酸馊气味。依兰太小瞧一个孩子的好奇心和较劲心了，你越是叫他不要当真。 他往往越是当真，哪个孩子的童年不是幻想着自己能变成超人，或者能一夜之间拥有神力？更何况他现在就有一个恨不能一拳就能打趴下的敌人，敢扯他的头发，等他有了力气，他一定要把那个孽女揍到找不到北。那三周的气味十分不好闻，但魏子圭满脑子想的都是卫青说过的话，喝了他就能变得力大无穷，非常厉害。 以前从来没喝过这种东西，魏子规当然不知道这股酸味是源于西周放馊放坏了散发出的，而以为是特效粥本身就有的。于是磨了磨牙，端起来就往嘴巴里倒。那股刺激的酸馊味里还夹杂着一股甜味，果真不算难以下咽。当丫鬟倒回来走到门口，一看见魏子规正把那碗馊粥喝得咂咂作响时，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大呼道：“小少爷喝不得，喝不得呀！” 眼下卫青带着依兰进了老夫人的院子，依兰甫一踏进去，便感觉周遭投来的视线令他如芒在背。卫青若无其事地走了进去，看见老夫人靠坐在罗汉床上，便礼道：“给祖母请安。”老夫人含笑点点头，结果视线一触及到依兰身上时，脸色就变了。紧接着便听嬷嬷呵斥道：“哪里来的贱婢，好大的胆子！”依兰顿时哆嗦地跪在了地上。卫青问：“祖母怎么了？”老夫人面色沉下，冷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魏琼居也在房间里，他原以为今天等来的卫青会穿着一身他昨日才送去的旧衣出现，却没有想到卫青还是昨天的那身布衣，而他送去的衣裳却穿在了婢女依兰的身上。彼时魏琼居看见依兰时，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但仍然端着矜持，不发一言。听老夫人如是一问，魏琼居身边的丫鬟便出声道：“这不是大小姐往日的衣衫吗？怎么会穿在她身上？”魏琼居温婉的笑笑，赶紧圆场道。 许是二妹才从乡下回来，不懂府里的许多规矩，不知道丫鬟是不能随便穿主子的衣服的。祖母千万不要生气，仔细身子。老夫人打量了卫青两眼，这乡下丫头若不是能治她的眩晕病，她本也是瞧不上眼的。现在她又坏了规矩，老夫人的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老夫人训斥道：“青丫头不懂，可以问问府里的人，免得让人看了笑话。”说着眼锋往依兰身上一扫，十分严厉。二小姐不懂，你这丫鬟难道也不懂吗？ 徐氏是怎么挑的人？不仅不挑一个知礼数的娇娇二小姐规矩，反倒乱上添乱。魏琼居抿着唇不再说话。徐氏不是名门闺秀出身，又是妾室扶正，老夫人对她也不怎么看得起。而徐氏自从做了当家主母过后，只顾着把魏慈叔哄好便是，再懒得来应付她这个老太婆，因而婆媳间的关系一直冷淡如水，也不见徐氏早上过来给她请安。现在有话说了，老夫人当然不会落下。老夫人正要命人把依兰拖下去杖责。 事实卫青不慌不忙地走到依兰身边，跪下磕头道：“祖母，依兰的衣装是昨日大姐姐亲自送过来的。大姐姐说，这些衣裳虽是她穿过，好歹也有七成新，丢了可惜，便留了下来。我确实不懂府里的规矩，今日才得知主子的衣裳是不能随便给下人穿的。那大姐姐送的衣裳是什么意思？难道不是送给依兰的，而是送给我的？”魏琼居面色有些涨红。 昨日他还向老夫人保证要给卫青送衣裳呢，现在这是要他当着大家的面承认他刻意送了旧衣过去打发卫青吗？她在府里一向是个知书达理、温婉有度的大小姐，这样一来不就成了心胸狭隘、小肚鸡肠之人了？如果今天卫青老老实实的穿了她送去的衣裳还好，就算不是新的，冯老夫人问起，卫琼居也可以说是赶知新衣裳需要时间。可现在卫青主动把事情挑明了，他反倒不好回答。最终卫琼居只能道。 回祖母，以前依兰便是在孙女和母亲那里当差的，孙女与她情同姐妹，所以才。卫青回头喜怒不惊的看她道：“那大姐姐是明知故犯啊！”一直旁观的魏琼九却适时,时开口说道：“依兰与大姐姐情同姐妹，可二姐与大姐姐才是真姐妹。如今依兰有了大姐姐赐的衣裳穿，二姐姐却还是那身布衣呢。”魏琼居面色有些僵硬，道：“二妹回来的匆忙，赶制新衣也需要时间。”魏琼九便对卫青甜甜笑道。 二姐比我身量大不了多少，想来我的衣裳也是能穿的。之前祖母赏的两身新衣还没穿过，回头往二姐那里送去。老夫人活了一定的岁数，怎会看不懂其中的缘故？她知道魏琼居故意送了旧衣给魏青，也知道魏青是在借题发挥。既然魏琼居承认依兰与她情同姐妹，衣裳又是她亲自送的，那依兰便没什么错了。她还一脸发懵，被老夫人叫起来退下去，不然闹下去还不好收场。 魏琼居一向是让老夫人最放心的孙女，没想到今日所为也染上了徐氏的小家子做派，难免让她心中不快。而魏青的借题发挥，同样让老夫人心生反感。燕儿坏心情一来，容易上脑，老夫人便又开始揉额头。魏青问：“祖母又不舒服了吗？要不要我替祖母揉揉？”这请安请得十分糟心，老夫人片刻也不想多留他，便语气不善地挥手道：“回去，都回去。”魏琼居看了看魏青，眼神依旧轻柔。 眼角却微微闪过一抹得色。今日他让自己在祖母面前难堪，可他也惹了祖母的厌烦。这些年魏琼居一直养在老夫人身边，岂是魏青这个乡下弃女一朝一夕所能替代得了的？老夫人昨日待魏青亲切，是因为她有点用；而老夫人待魏琼居亲切，却是源于日久相伴的宠护疼爱。一旦魏青失去了她的作用，想来老夫人也不会对她这个乡下弃女高看一眼。正起身要走，魏青忽而道：“我原想今日为祖母针灸一次，看来只有下次了。” 既然他还有点用，那他当然要将这点作用发挥到极致啊！魏琼居一顿回头看来，看见老夫人又有些心动，就听魏琼九说道：“祖母，不如让二姐留下来针灸吧，她昨个给祖母揉得很有效呢。”老夫人巴不得自己的眩晕病能早日痊愈，结果还是把魏青留了下来。魏琼居怎能放心留魏青一个人在这里？便道：“那琼居也留下来陪祖母说说话吧。”魏琼九看了看魏琼居，又看看魏青，脸上始终挂着甜甜的笑，然后退下了。 随后，老夫人命人按照卫青的吩咐去准备一副银针。很快，银针就送来了。老夫人斜躺在软枕上，卫青开始给她的肩颈及脑部施针。以往家里不是没请过大夫来针灸，哪次大夫不是轻捻慢扎，生怕深了半分？而那银针到了卫青的手上，他往燃着的火光里扫过，而后精准而利落的扎入了穴位中，动作如行云流水。大夫要半炷香的功夫才能把银针全部扎入，而卫青只用了短短片刻。卫青道。 接下来，祖母静候两刻时辰便可。而旁边看着的嬷嬷和魏琼居则瞠目结舌，老夫人没想到这丫头居然这么厉害，一时态度又有所转变，慈声道：“辛苦亲丫头了。”王嬷嬷去给青丫头拿点茶点来。魏琼居看着魏青与老夫人说着话，一张美丽的脸上阴晴不定。她方才还以为老夫人对魏青厌恶了呢，没想到才一会儿功夫就又变得亲热了起来。她不能让魏青和老夫人亲近。 若是老夫人也对卫青生了怜爱之心，往后做了卫青的靠山怎么办？魏琼居万万不想看到这样的局面。这次接卫青回来，可不是给他安逸的当什么二小姐的，他充其量只能是自己的替身。魏琼居看着老夫人肩颈和脑部插着的银针，心想，若是这次卫青搞砸了，老夫人估计再也对他亲近怜爱不起来了吧？别说让他近身了，就是看也不想再看见他。这样的心思一上来，魏琼居便转身去桌边倒了一杯茶，朝老夫人送来，并道：“说了这么些。” 祖母也口渴了吧？祖母喝杯茶吧。老夫人正欣慰呢，大抵万万想不到，魏琼居嘴上说着关心的话，眼睛却紧盯着她后面的银针。就在将要靠近时，突然假意脚下被绊了一下，紧接着身体就扑了过来。魏青正处在老夫人身边，魏琼居这一摔倒，直接就会扑在魏青的身上去。魏琼居再借势往魏青背后推一把，魏青必然就会再扑倒在老夫人的身上去。老夫人身上插着银针，魏青若是不顾轻重，碰到了那些银针。 可不就搞砸了吗？当时只见魏琼居一脸的惊慌失措，听他轻呼一声，直直朝魏青倒来，眼看着就离魏青咫尺了，可还没来得及碰到魏青并从背后推他一把呢，魏青脑后像是长了一双眼睛似的，倏地伸手往后，精准地捏住了魏琼居的手腕。魏琼居顿时一慌，抬头看见的是魏青的后脑勺，紧接着他手腕传来剧痛，脚下真的被绊了一下，他还来不及反应，整个人就被魏青掀倒在地。 手里的那杯茶泼出来，泼了他满脸。这次魏琼居不受控制的惊呼出声，听起来才真切了一些。他这重重一摔，摔得他脑仁一荡，屁股都快没了。抬起头来，不可置信地看着魏青，又气又怒。老夫人回过头来，看见魏琼居仰倒在地上，一脸狼狈的模样，心疼道：“琼居，这是怎么了？怎地摔倒了？”魏琼居眼圈一红，瞪着魏青道。 我给祖母倒茶，不知怎地走到二妹旁边时，就被什么东西给绊倒了。老夫人闻言，先前还亲热的脸一下子就冷了下来，充满了责备地看着卫青，道：“琼居是你姐姐，她好心给我倒茶，你绊她作甚？”卫青低着眼看着地上楚楚可怜的魏琼居，生无波澜道：“祖母此言差矣，大姐姐说在我旁边不知怎地被绊倒，好像并没有说是我把她绊倒了。也真是巧，大姐姐在别处没被绊，偏偏在我这里就绊倒了。”说着神色一厉，又道。 大姐姐可知，方才若真是扑在了我的身上，一个不慎害我碰到了祖母脑后的银针，会是个什么后果？银针只往祖母脑内多入半寸，祖母就会有性命之危。老夫人脸色几经转变，她先还责备卫青对魏琼居时小动作，可是卫青的话一出来，就惊出了她一身冷汗。幸好魏琼居士摔到了地上了，若是碰到了卫青，再碰到了他，她可不敢想象。卫青又不紧不慢道：“是个正常人都应该知道，大夫施针时旁边不可有人触碰。” 大姐姐给祖母倒茶，非但不绕开了走，反而往这上边凑，是为何？魏琼居泪眼婆娑的脸煞白，根本没想到事情会有如此转变。他在这么做的时候，更没有想过此举会对老夫人造成性命之危。魏琼居咬了咬红唇，眼泪冷不丁跟断了线的珠子从眼眶里滚落。他含泪摇头辩解道：“祖母，我不是故意的。”老夫人脑门一阵阵发紧，感到心力交瘁。她是真对魏琼居有点失望了。 魏琼居哭着还想再说，老夫人挥了挥手道：“出去。”魏琼居颤了颤，这是自打她做了魏家的嫡女以来，老夫人第一次对她如此不耐烦的样子。她心知多说无益，只得提着裙角起身，狠狠瞪了魏青一眼，哭哭啼啼的走出了房门。魏青若无其事的对老夫人道：“祖母，两刻时辰到了，我给你取针。”取完了针，老夫人便靠在软枕上，由魏青给她再按摩舒缓一下。王嬷嬷已经拿了茶点回来了，惊异道。 老夫人，奴婢回来时看见大小姐哭着跑出去呢。老夫人闭着眼，心烦道：“不用理会她。”王嬷嬷悄悄看了卫青一眼，不再多言。卫青按摩时，老夫人又对王嬷嬷说道：“你学着点，看看青丫头是怎么揉的。以后我难受时，也不用随时随地麻烦青丫头了。”王嬷嬷应了一声“是”，然后一直站在卫青身边学习她的手法。卫青不置可否地笑笑。老太太想让嬷嬷学会她的手法，以后就一脚把她踹开呢。 这过河拆桥也没有这么快的，只不过人脑部的穴位轻重几下，刺激几下，光是看按摩的手法可不行，若是着力不当，反而会增加难受、眩晕的感觉。针灸加按摩过后，老夫人身体上一阵通泰舒畅，不晕也不胀了，问道：“青丫头，你看我这病什么时候能好？”卫青道：“急不来，需得慢慢调养。”老夫人对他的回答不怎么满意。过了一会儿，他又道：“以后像今天早上这样的事就不要再发生了。” 你若是嫌没有新衣裳穿，就跟祖母说便是，祖母会让人替你裁衣裳。反正这老太太觉得，横竖也是她的不对。卫青温和地笑了笑道：“那祖母觉得，今早我还是该穿着大姐姐送的旧衣来给祖母请安吗？”老夫人拉下的嘴角顿了顿，道：“祖母看见了自会说她的，几件衣裳而已，卫家也不缺。你这样不是小题大做吗？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到底是劝他以和为贵呢，还是劝他息事宁人呢？” 卫青一边帮老夫人按摩着，仿佛全然不受影响，还顺便帮她揉揉腰背，通一通经络，一边道：“大姐姐的旧衣裳，我真穿了。想来大家也都会觉得理所当然的吧？往后我还有资格再穿新衣裳吗？人就是这样，只要你低头了一次，别人便会觉得你天生就是该低着头做人的。”老夫人心头一震，卫青只不过是个半大点的乡野丫头，竟能说出这样一番话。卫青又心平气和地道：“以前的事有些模糊了，有些却还有印象。” 我记得小时候，承欢祖母膝下，祖母一是千百个疼爱我，那是觉得除了娘，祖母是世上对我最好的人。以前卫青还没被赶出家门时，她还是卫家的嫡女，老夫人对她当然千百个照福。可老夫人同样也不止一次的在幼年的卫青耳边念叨着，若她要是个男孩就好了。卫青的母亲妙兰就育有卫青这一个女儿，即便如此，那时卫家也无人敢说什么。 因为那时，妙兰是京中数一数二的贵女，她的母家妙家更是京中显赫的名门。妙兰的父亲，也就是卫青的外公，曾位及三公。老夫人根本不愿提及往事，或是因为心虚。江江道：物是人非，还提那些作甚？卫青笑道：“那对祖母兴许不值一提，但却是我年少时最美好的记忆。我依稀还记得年少时听母亲说，最初父亲上只是个穷酸秀才时，与我娘相识，不被人看好。后来得我外公赏识，中了科举，来提亲时。” 还是祖母亲自登门，向我外公保证，父亲此生只对母亲一人好，只娶她一人为妻，我外公才同意这门亲事的呢。卫青的语气里没有半分哀怨，那笑容亦是云淡风轻，他俨然像是在说别人家的故事一般，丝毫与他不沾任何关系，只当成是闲话家常。可那话里的内容却是听得老夫人阵阵心惊。老夫人怯懦的开口道：“青丫头，那么久远的事你还记得？那你娘上次为慈叔试探了过后，明明跟他说卫青已经不记得了。” 现下老夫人心里很不踏实。卫青道：“我只是记得以前我娘喜欢跟我讲她和爹的故事罢了。爹说我娘畏罪自杀了，她可能是不想连累爹和祖母吧。祖母放心，娘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卫家，以后我也会尽我所能保护我娘保护的成果。毕竟廖家已经倒了，除了卫家，我也无处可去了。你说是吗，祖母？”老夫人暗暗松了口气，拍拍卫青的手，道：“真是懂事的孩子。” 秦丫头，以后你在府上安安顺顺的，祖母可以向你保证，往后让你好好嫁个殷实的好人家。卫青道：“多谢祖母。”卫家把她从乡下接回来，只是为了让她嫁个好人家。等针灸加按摩结束后，半上午的时间过去了，卫青理所当然地收走了老夫人命人给他备的那副银针，又道是老夫人的情况需要用药调理，老夫人便准了他随意进出府里的药库，以便配备药材。这样一来，他起码有了可以傍手的东西。 从老夫人房里出来时，外面阳光正好。卫青眯着眼，看着眼光把院落里的碧树照得油油发亮，树下投下一个个清风浮动的绿荫。他一步步走下门前的台阶，台阶上映衬着头顶屋檐上的青瓦波浪弧度，整齐而规律。下一刻，他步入阳光下，整个人从阴凉变得明媚了起来。卫青勾着唇角嗤笑：“七还跟他保证以后让他嫁个好人家。当年魏慈叔求娶他娘时，老夫人口口声声保证。” 魏慈叔此生只娶一妻，只对他娘一人好。可是结果呢？魏慈叔不照样妻妾成群？所以说老太太这样的保证，未免也太廉价了一点啊！魏青记得他六岁时，老太太以他娘不生男为由，准许魏慈叔把徐氏接进了家门。后来又相继添了两个妾室。原来徐氏一直是魏慈叔养在外面的外宅。徐氏进门时，他的女儿都比魏青还要年长一两岁。岁末，徐氏给魏慈叔生了个儿子。魏青八岁时。 缪家落罪，母亲自缢，而他被赶出魏家，说他母亲是畏罪自杀。呵，可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晚上从他母亲房里传出来的惨叫声。卫青站在阳光下闭了闭眼，又睁开，眼里一派清明。虽说此卫青非彼卫青，可那丧母之痛、彻骨之恨，他感同身受，淋漓尽致。卫青出了老夫人的院落，眯着眼四下扫视了一眼，才终于在一处柳荫下发现了依兰的影子。卫青还没走。 依兰身为他的婢女，自然也不可能走太远。早上才在众人面前声称与他姐妹情深的魏琼居，此刻正带着他的贴身侍婢一同站在柳荫下。后看见魏青出来了，魏琼居不欲久留，才带着侍婢匆匆离开。等魏琼居走后，依兰便从那柳荫下走回到魏青身边来。魏青瞥了一眼他脸上清晰的五指印，转身走在前头，道：“被打了。”依兰跟在后面，道：“二小姐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今日老夫人没有怪罪于他，仅仅是吃了魏琼居几个耳光，对于依兰来说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而魏琼居在魏青那里吃了瘪，正一肚子火气没触发，逮着了依兰下手不可能轻的。依兰一边脸颊都红彤彤的肿了起来，明明这一切都是拜魏青所赐。依兰抬起头，看着魏青直挺挺的背影，如若没有他，自己本该继续在夫人和大小姐身边伺候着，现在却被夹在中间两头受罪。 但是很奇怪的是，他本应该是满心愤恨，可是那种愤恨却被另外一种神奇的心情给冲散了许多。在老夫人那里，卫青几句话真的能使得他化危为安。大抵是亲眼见识过他的手段，他居然开始相信起卫青来。这位家上下还没有人能使卫琼居下不来台，更没人敢收拾那个快上天的卫子规。卫青道：“看这样子，卫琼居怕是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谁叫你是他的人，是打是骂都随他高兴。”依兰嘴快的问了一句：“那要是二小姐的人呢？” 卫青回头看他一眼，挑了挑眉，我就比较讲人权，不轻易对自己人动手。伊兰默默的撇撇嘴，卫青忽又补充了一句，谁要是敢动我的人，那必须得还的，能动手的就尽量不要动口。伊兰一愣，一阵清风拂开来，莫得将他脸颊上火辣辣的痛感吹散了一些。她感到更奇怪的是，在经历了今天的种种以后，心里莫名的踏实了下来，居然不用在卫青面前随时提心吊胆。 大概是从在花园里时他敢出言威胁开始，卫青的反应不是生气，也没有责怪，而是平淡而随意的回应和调侃。依兰发现，只要不触及到卫青的底线和利益，他可以不讲主仆尊卑，更不会趾高气昂、目中无人。他与你说话时，就感觉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依兰想，可能是因为卫青是乡下来的缘故吧。可是他身上却没有半分乡下人有的卑下和畏缩。这个二小姐一来就能治老夫人的眩晕病，还不知以后在卫家是何光景呢。 依兰收了收神游的思绪，快步跟上，嘴上道：“二小姐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应付小少爷那边吧。今早在花园发生的事，就算奴婢不说，小少爷有嘴，他也会说。”回到风小院，见房门大拉拉敞开着，卫青不紧不慢地走了进去，踱到桌边，看了看桌上空空的馊粥碗，道：“吃的挺干净的。”依兰跟过来一看，一呆，这馊粥还真被人吃了。到底是被谁吃的？不用想也知道，依兰都已经提醒他了，千万不要当真。 他自己要来吃，这可怨不着他呀。继而，依兰灵光一现，顿时全都明白了过来。从往苏州李家这趟，到花园里遇上魏子圭的整个过程，恐怕都是卫青算好了的，只等着魏子圭上钩呢。依兰神色不定，道：“二小姐，小少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夫人会剐了你的。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依兰话音一,一落，就有几个婆子气势汹汹地闯到院里来，手里还拎着一捆麻绳。彼时，卫青站在屋门前，扫视了一眼几人。 咸咸淡淡道：“这是做什么？”其中一人冷声道：“做什么？二小姐做了什么？难道心里不清楚吗？你意图谋害四少爷，夫人有令，先把你绑回去，听从发落。”依兰不由看向卫青，这次事情闹大了，看他怎妖脱得了身？结果卫青十分配合道：“我跟你们走就是，反正我也跑不了，绑就不必了。”几个婆子见他毫无反抗之意，就没有动绳子，只一把将他揪过来，推搡着往前走。走了几步，卫青又回头上下打量了依兰一眼。 道：“你最好还是换身衣服再跟来。”说罢，他就云淡风轻的跟着婆子走了。依兰一阵气闷，谁要跟着他一起去？只不过他一个下人，去不去不是他说了算的。就算现在不去，一会儿肯定也要传话让他过去。依兰跺了跺脚，转身就进屋去更衣。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担心他穿的这身衣服？要知道现在事态可比依兰穿了主子不要的衣服严重多了。卫青这一去，回不回得来都是个未知数。 卫青去到徐氏的院子里时，正逢大夫从里面出来。上午时，卫子规还在学堂里，便开始上吐下泻。眼下大夫看过了，也服下了汤药，正昏昏沉沉的睡着。听卫子规身边的丫鬟说，卫子规是因为到了卫青房间吃了那碗粥，才变成这样的。徐氏怒不可遏，因而卫子规的情况一稳定下来，徐氏立马就叫人把卫青弄到他面前来。他没有想到，卫青才回来一两天，就把他的宝贝儿子害成这样。 还有听魏琼居回来说起今天早上在老夫人那里发生的事，徐氏肺都要气炸了。徐氏要让卫青知道，他能把卫青接回来过两天好日子，同样也能一根手指头碾死他。外面的婆子禀报说卫青已经来了，徐氏起身就怒气冲冲地从房间里出来。卫青刚上前两步，便与徐氏在门口撞个正着。徐氏满脸怒容，有些扭曲，而卫青神色平静，抬头看见了他，还能心平气和地唤他一声母亲。 就算剑拔弩张的时候，也不能失了礼数和格调吗？徐氏狠透了卫青这张像极了他娘的脸孔，此时此刻什么继母大度的形象全抛出脑后了，终于彻头彻尾的露出了对卫青的厌恶之色。徐氏一句话不说，当即扬起巴掌，重重的朝卫青脸上掌掴而来，那股狠劲儿，恨不能把卫青扇死在当场。手掌还没接触到卫青的脸，他便能感觉到一道掌风。 然而就在咫尺刹那间，卫青冷不防伸手，利落而有力地接住了徐氏的手腕，收紧手指握在手中，抬眼直视时，强势顿显。徐氏心里陡然一跳，根本没想到卫青有胆子接他的巴掌。徐氏眼疾手快，另一只手立马就又恶狠狠地朝卫青另一边脸上扇来，脆骂了一声“烂货”。结果卫青动作也丝毫不慢，徐氏照旧没能打得下去，就被卫青扬手半途一挥，径直打在了旁边的门框上。徐氏用了多大的力？ 反弹在门框上就有多大的力？他当时整只手臂都几乎麻木了，手背不受控制的抽搐，赫然浮现出一道醒目的红痕。徐氏怒目圆睁，不可置信，冲卫青就劈头盖脸的骂道：“你个大逆不道的贱胚子，谋害我儿、啊，现在还要动手打我吗？”卫青握着徐氏的手腕未松，依然心平气和地道：“母亲稍安勿躁，我听说弟弟不好，所以过来看一看，而不是来讨母亲殴打的。你还有脸说他不好？你个居心叵测的孽女，我看你是存心想害死他。” 徐氏不甘心，正要发作，院外就传来焦急而威严的声音：“存心要害死谁？”徐氏抬眼望去，就见老夫人带着嬷嬷急匆匆地赶了来。卫青不着痕迹地松了手，徐氏顿时步伐踉跄地冲上前，险些要跪下，嚎啕道：“老夫人，你可要替子规做主啊！子规正是被这孽女所害，现在正神志不清地躺在床上呢。”老夫人一心牵挂着宝贝孙子，看也不看卫青一眼。 急忙走进房门，坐在魏子规的床边，就一阵心肝一阵宝贝儿的唤。后来魏慈叔也闻讯赶了回来，他们一家人围在魏子规床前，一阵嘘寒问暖。一家人温情脉脉，卫青成了无关紧要的那一个。听说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人也无大碍了，只不过上吐下泻受了些罪，这才稍稍放下心来。徐氏一直哭，哭的肝肠寸断，直说是卫青蓄意谋害。 魏慈叔听丫鬟叙述了一下事情经过，大步从房里走出来，看向魏青时铁青的一张脸，怒道：“我本以为放你在乡下养几年会让你安分一些，却没想到小小年纪便一副蛇蝎心肠。你弟弟这般年幼，你也能对他狠的下手？来人，拿家法！”下人很快送来了一捆藤条，交到魏慈叔的手上。这家法多久没动过了？往日只在魏家犯了大错的下人身上打过。藤条又细又韧，不易折断，打在人身上力道重一些，能打的人皮开肉绽。 而今卫慈叔一句话也不听卫青说，便要直接对他用家法。卫青想，幸好不曾对他抱过什么期望，所以不觉得有什么好难过失望的。卫青挺直了背脊，站在院里，直直的看向卫慈叔，朗声一字一顿道：“仅凭一个丫鬟之词，就断定我有害帝之心，父亲一向就是这么公断的吗？那丫鬟可有亲眼所见我害了子规？你们谁有亲眼见过我害了他？”此话一出，满院子寂静。徐氏从里屋跑出来，指着卫青嘶叫道。 除了你，还会有谁？丫鬟亲眼看见子规喝了你屋里的东西，子规也亲口承认了的。魏慈叔道，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为父对你真是失望透顶。卫青眼神清冷凛然道，敢问子规喝了我屋里的东西，喝的是什么？丫鬟站了出来，对质道，小少爷喝了一碗二小姐房里的粥，那粥是馊的，明明一闻就能闻到，可丫鬟想不明白为何魏子规还要去喝。 卫青紧接着道：“你想说他喝的是那碗馊粥吧？那不好意思，那可不是我准备的东西。”徐氏脸色变了变，当即要去拿藤条过来抽卫青，道：“做了就是做了，就是你把我儿害成那样的，我打死你！”只是刚走了两步，里面就传出一声冷喝，道：“不是你，你倒说说是谁准备的东西？”老夫人说话时已站在门口，她不在乎徐氏怎么对待卫青，她只在乎到底是谁把她孙子害成这样的。卫青对老夫人道。 今晨一早，我便去向祖母请安。魏子规去我院里的时候，我根本不在。他吃的那碗馊粥从何而来？这恐怕要问母亲了。老夫人和魏慈叔都看向徐氏，徐氏尖声道：“血口喷人，你在胡说什么？”魏青问他：“那难道不是母亲为我准备的早饭吗？每日要我吃那馊粥，大抵在母亲看来，我不配吃一碗好粥。”徐氏气急道：“害了我而不说，你反倒把脏水泼我身上，你个烂货，我要撕了你！” 老夫人一向看不惯徐氏这股势头，怒声道：“徐氏，你是当家主母，注意你的言行。”魏慈叔见徐氏这般泼辣，亦是不赞同。魏家也算书香门第，不是随便撒泼的街头胡同。魏青道：“若是不信，后厨满厨房的人可以作证。”每日依兰去拿早饭时，馊粥都已是备好的。魏慈叔没说话，老夫人便叫人去把后厨的人叫来。后厨的人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在老夫人的质问下，不敢有瞒，如实承认。 魏子规的丫鬟道：“二小姐并不是毫不知情，在去向老夫人请安的途中，二小姐与小少爷碰上了，还起了争执。”徐氏立马死咬道：“你存心报复，所以才让我喝那馊粥的，是不是？”卫青看着徐氏，眼神发深，道：“我和小弟弟在花园里碰上了，除了对我极尽嘲讽和辱骂，听他骂我一口一个烂货，骂我娘一口一个骚货以外，实在没有其他了。原来母亲就是这样教弟弟的呀！”老夫人和魏慈叔脸色都变得十分难看。 一个当家主母口里骂人的脏话不堪入耳，还教坏了儿子，这不是什么光彩事。对于有头有脸的人来说，就是丢人。徐氏张口就要反驳，卫青又抢先悠悠道：“那个馊粥真的难以下咽，我便放着，等景安回去后饿了再吃。可哪想子规趁我不在闯进我院里，抢先替我喝了，我对此毫不知情，这也怪我吗？”卫子规的丫鬟又出声道：“二小姐又撒谎明明二小姐说小少爷的平安符落二小姐那儿了，叫奴婢回去取的。” 小少爷随后这才跟上来的。卫青对丫鬟勾了勾嘴角，又道：“我是叫你去取，可是我怎知子规也会跟上去？子规进我院子又不是第一次，很轻车熟路吧？”说起这个，为什么子规的平安符会落在我那里？我也想叫祖母和父亲亲眼去看看。老夫人和卫慈叔当然不会亲自前去，但也想弄清楚究竟，就派了身边的下人去看一看，还把依兰带了过来，并将卫青房里的情况描述了一遍。昨个卫青留着没有让依兰打扫。 因而他房里到处都是墨迹，十分狼藉凌乱。而卫青又找到了卫子规的平安符，便不难知道是谁干的。卫子规在府里一向胆大妄为惯了，老夫人又是一顿好气，再问了一遍依兰事情的经过。依兰战战兢兢，在徐氏和卫琼居咄咄逼人的眼神下，避重就轻地说了一遍：“不是依兰想帮卫青，只是他不得不这样做。他时时跟在卫青身旁，只旁观还没来得及阻止。若是卫青把他往浑水里一拖，他就是个帮凶啊。” 那下场绝对吃不了兜着走。最后事情明了了，是魏子规自己胡乱闯进卫青的院子里，把他娘给卫青准备的馊粥给喝了，才造成现在的结果。徐氏极其痛恨卫青，龇牙咧嘴道：“你当我儿傻吗？好端端的他会去喝馊粥？”卫子规的丫鬟一帮衬道：“奴婢隐约听小少爷说，喝了酸粥可以变得力大无穷，也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卫青却平和道：“我们乡下人穷得吃馊饭的时候，都是这样给自己找台阶下的，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 子规嘲讽我只能吃那种东西时，我不这么说怎么说？哦，我不找台阶下，我不要面子的吗？众人好刁钻，却又在情理之中的理由。卫青抬起头，看向老夫人和卫慈叔，又义正言辞：“祖母、父亲，若是接我回来，又舍不得给我饭吃，我可以回乡下去，自己也能养得活自己，起码不用在这里看人脸色，受人羞辱。”卫慈叔脸色一直阴沉沉的，先是对卫青如此，现在又转移到徐氏身上。老夫人头脑阵阵发紧。 够了，徐氏，是你主张把人接回来，现在却毫无一点容人的度量，你这当家主母怎么当的？再这样下去，我看也可以换人了。徐氏恨恨不敢言。老夫人又道，要不是你给金丫头被搜时，又怎么会让我孙子误食了去？平日里你都是怎么管教子规的？竟纵容他如此胡作非为？老夫人失望地看了徐氏一眼，道：再这样下去，子规非得要被你养废了不可。老夫人心疼魏子规，也实在厌恶徐氏的做派。 而今看来，徐氏在对魏子规的管教上也出了很大的问题，怎能不让老夫人痛心疾首？老夫人不客气道：“今日我孙子弄成这样，追根究底，罪魁祸首不是青丫头，而是你。”徐氏终于忍不住顶嘴道：“老东西，你老眼昏花了不成？这明明就是这烂货精心设计的。”老夫人一阵气血上涌，顿着拐杖道：“我看我就是老眼昏花，才让我儿扶了你作证。”说着就胸口起伏，气得头晕脑胀的，快要晕过去。 魏慈叔见状，连忙来搀扶，对徐氏厉色道：“你给我住口！来人，快扶老夫人回去。”魏青见状，担忧道：“可要我跟着去看看？”王嬷嬷道：“二小姐还是一道吧，只有二小姐能治老夫人的眩晕病。”魏慈叔看了魏青一眼，也知晓些他会点医术的事，只好郁闷的点头，让他跟着。徐氏眼睁睁的看着魏青走了，不甘心道：“老爷，他害了我们儿子，就让他这么走了？”魏慈叔回头冷冷看他一眼，道：“再怎么度量狭小。” 也该有个限度。你既想让卫青就范，却又不维持个继母该有的样子，他怎能乖乖听从于你？现在气倒了母亲，我看最应该受罚的人是你。说罢，他一把扔了藤条，冷哼一声，挥袖离开了。徐氏看着卫慈叔也走了，院里就只剩下他、卫琼居和几个仆人。卫青把他的儿子害成这样，他明明是要狠狠整治卫青的，可现在为什么却变成他的不对了？那他的儿子不是白白受了一遭罪吗？现在好。 徐氏把老夫人气走了，魏子叔也不肯帮他，他们居然就这么放过了那个烂货。徐氏一时没有了主意，茫然的看着魏琼居。早先徐氏给魏青准备馊粥的时候，魏琼居是知道的，那时他也没说什么。可是现在一碗馊粥惹了祸，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连累了弟弟。魏琼居便觉得徐氏浑身都是毛病，他脾气暴躁，失了分寸，竟还把老夫人给气倒了。要不是如此，这件事兴许不会这么轻松的收场。 魏琼居甚至觉得老夫人对徐氏的反感，这两日都匀了一些到自己的身上。事已至此，魏琼居也无甚好说。魏青都已经跟着去老夫人那里去了，还能怎么指望他受罚？魏琼居瞥了一眼徐氏，转身进屋，耐着性子道：“娘太着急了。”徐氏一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就连你也觉得是我的不是。魏青去到老夫人那里后，帮老夫人把血气降了下来，又去药房里配了药来煎服。老夫人一直醒着，对魏青的沉着冷静都看在眼里。 帮她降血气时很有章法，询问她身体状况时又很详细耐心，老夫人默然觉得这才是一个孙女该有的样子。老夫人闭了闭眼，想起从前妙兰还在的时候侍奉起她来尽心尽力，正如眼前的卫青一般。而那徐氏向来只会见风使舵，对她极尽敷衍。卫子规的事，若是卫青完全置身事外也说不过去，总归是在他院子里发生的。 可是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想，是魏子规闯进他院里使坏，他没在当场。徐氏给他准备的馊粥恰好就进了魏子规的肚皮里，好像实在挑不出卫青多大的错。正因为如此，老夫人心中才更加郁结。老夫人心疼孙子胜过一切，还是忍不住责备有卫青几句。不想卫青却先开口说道：“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把馊粥放在桌上的。弟弟吃坏了肚子，我也有责任。”老夫人把他想说的都说了，这下他还能说什么？ 结果老夫人责备的话，硬生生变成了关怀。徐氏如此苛待你，给你馊粥吃，你怎么不说？卫青道：“本来想说的，可早上祖母不是才教训过，一家人要以和为贵。”老夫人嘴角讪讪，无言以对。要是不出卫子规这事，估计徐氏给卫青吃馊粥一事，老夫人也会睁只眼闭只眼吧。卫青给老夫人又是配药又是按摩，等老夫人情况好转以后，已经是中午过后了。卫青忙碌起来，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 他从老夫人房里出来时，迎面就遇上魏慈叔。魏慈叔问老夫人身体如何，卫青若无其事道：“现在好多了，爹进去看一看吧。”仿佛之前魏慈叔对他的冷面无情，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就像没发生过一样。魏慈叔不好再对他发作，心里同老夫人一样，又压着一股郁气，从他身旁经过，径直就进房去。老夫人服过了汤药，靠在软枕上，看着他说道：“不管你有多不待见卫青。” 你也应该有个父亲的样子，连问也不问一句就要对他动家法，以后他还如何亲你？魏慈叔毫无愧疚之心，道：“看见子规那样，我太心痛了。况且他才回来两天，就发生了这种事。魏慈叔想当然就会认为是他干的。魏青亲,亲不亲他丝毫不重要，反正这次回来他也留不了多久的。”老夫人叹口气道：“我知道，你觉得以琼居的才貌，完全可以配一户对你将来有利的人家，所以才把魏青接回来补这个窟窿。如此。” 你就该对她好点，让她将来不至于有怨言。魏慈叔也是这样对徐氏说的，只不过在他觉得不需要对一个早已放弃了的孽女有多好，起码不亏待她便已经是大善了。燕儿魏慈叔道，不管她将来嫁到谁家，也总比待在乡下要强。她本就应该感恩戴德，还能有什么怨言？魏青叫上在外等候的依兰，一同回了风小院。依兰还有些呆呆的，没想到魏青惹了这么大的事，最后他居然还安然无恙的回来了。 最后受责骂的反倒成了徐氏，太匪夷所思了。回来不久，便有下人送了午饭进来，说是老夫人让人准备的。吃过了午饭，下午时卫青又同依兰一起着手把满是墨迹的房间收拾干净。半下午时，卫琼九过来了一趟，他身边的婢女捧着两身衣裳，都是新崭崭的。卫青不置可否地打量她，卫琼九甜甜笑道：“今早我才说过要给二姐送新衣裳来的，二姐不会忘记了吧？”卫青道：“三妹妹有心。” 魏琼九关心道：“本来我是想早点送过来的，可是听说早些时候二姐在母亲那里，母亲有为难二姐吗？有父亲和祖母做主，不会冤枉我就是了。”魏青对魏琼九没有很深的印象，但他委实玲珑乖巧的没有破绽，把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就连徐氏和魏琼居那般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也少有对他刁难。魏青看着魏琼九嘴角挂着的无害的微笑，能一贯保持这样乖巧的笑容一成不变，也是个人才。到翌日一早，依兰去拿早饭回来。 这次摆在卫青面前的就再也不是馊粥了，而是温温热热的白米粥，配着咸菜和几样精致早点。卫青用过了早饭，就去老夫人那里请安，随后主动提起要同老夫人一起过去看看卫子规。伊兰一阵腹诽，他这胆子也太大了，现在徐氏恨不得杀了他呢，他居然还主动往前凑。昨日卫子规是昏昏沉沉的睡着，好蒙混过去，可今日他清醒了，哪还那么容易蒙混过关？要是卫子规在告发卫青在花园里揪扯过他的头发，那便风波再起。 难逃罪责了。见老夫人走在前面，依兰最终没忍住，扯了扯卫青的衣角，落后两步，悄声道：“二小姐，小少爷势必已经醒来了。二小姐这是要赶着去送死吗？”卫青看他一眼，道：“说的这是什么话？弟弟不好，我去探望实属应该。家和万事兴嘛。”依兰看着卫青的背影，脆狗屁的家和万事兴！信了他的话，还不如信了这世上有鬼。”依兰一点也不想管。 心里只祈祷着顺利度过此劫，不要再被他连累，更不要再被他拖下水。到了徐氏的院子里，徐氏见了卫青，那怨毒的眼神恨不得剐了卫青一层皮。只不过碍于老夫人的脸面，徐氏才强忍着没有发作。卫青十分温和的行礼，唤他母亲，仿佛昨日的针锋相对已经烟消云散。可是依然把徐氏恶心的快要吐了。昨日惹得老夫人不高兴，徐氏事后也后悔，因为辞书是最敬重老夫人的。 如此也会对他心生厌烦，因而徐氏意识到昨天的事万不能再揪着不放。徐氏恨得牙痒痒，却不能立马办卫青，实在抓心挠肺，折磨得很。徐氏硬生生扶礼道：“给老夫人请安。”老夫人看他一眼，冷哼一声，直接朝卫子圭的房间走去。卫青跟在老夫人身后，顺利地跟着走了进去。身后徐氏手里的帕子都快揉碎了。这个时候卫子圭还没醒，老夫人不忍吵到他，便只在他床边坐了坐。 爱怜的摸摸他的头，卫青小声道：“祖母，让我给他看看吧。”老夫人知道卫青会医术，便起身让开了位。许氏见状就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靠近我儿子？”老夫人瞪他一眼，道：“青丫头能治我的眩晕病，怎么不能看看我孙子吗？都是你惹的祸，你是不是还想要气死我？”卫青已经摸上了卫子规的手腕，诊了诊脉，说道：“祖母不用担心，弟弟正在好起来，再休养两天就会没事了。” 约莫是徐氏说话声音尖了一些，这个时候卫子规悠悠转醒，迷迷糊糊的睁开双眼，他看见了卫青笑眯眯的脸，还有些不真实，继而发现自己不是在做梦，又惊又惧，连忙就奋力挥打卫青的手。卫子规叫道：“孽女，滚开，不要碰我！”老夫人一听，面色就微微一沉。卫青丝毫不恼，嘴角笑容越发温和，伸手便去揉揉卫子规的头，道：“真调皮。” 这句话就如同魔咒一样，彻底把魏子规炸毛了呀！他下意识就以为卫青又要揪扯他的头发，又扭躲又嚎叫：“乡下来的烂货，脏东西，快滚开！你敢揪我的头发，我不会放过你的！”徐氏一听就不得了了，当即尖声厉斥道：“卫青，你要是敢动我儿一根头发，我会让你浑身毛都不剩！”卫青笑了笑，对魏子规道：“别紧张，我只是摸摸你的头。”他的举动老夫人看得清清楚楚，确实只是摸魏子规的头。 是卫子规反应太剧烈了，卫青又看着卫子规，眼里有些兴味道。被我一个乡下人摸头，肯定让你觉得丢人，更别说我扯你头发，要传出去，肯定丢脸丢到乡下去了。卫子规刚想跟徐氏和老夫人告他扯自己的头发呢，可一听，顿时小小的自尊心膨胀，使得他闭上了嘴巴。被一个乡下孽女欺负，那确实相当丢人。他是卫府的小少爷，一向眼高于天的，怎么可能让人知道这么丢人的事？ 卫青从袖中取出一枚平安符，正是之前卫子规掉的那只。趁卫子规愣神时，清淡的别在了他的衣角上，又闲话家常般道：“来，你的平安符可要捡好了，以后别再弄丢了。”卫子规十分嫌恶，自己用力的扯了两下，扯不下来，只好愤愤然的对老夫人道：“祖母，快把这孽女赶出去！”老夫人知道卫子规无状，可这孙子又是她的命根子，最后只能先把卫青遣走。 依兰守在门口，见卫青出来就跟着。依稀听房里徐氏在紧张地问：“儿子，他是不是扯你头发了？你告诉娘，娘去扒光了他。”卫子规不耐烦地违心道：“他哪里敢？”依兰就觉得太神奇了，卫子规竟然不告状。卫青去药房里倒腾了一阵，药房里寻常的药材都有备，对于他来说，基本算是个小宝库了。他抹了些药材成粉，又做成药片药丸，方便携带。依兰忍不住问：“二小姐是怎么让小少爷闭口的？” 卫青头也不抬道：“死要面子嘛。”依兰，嗯，就这样。魏子规好了以后，又活蹦乱跳了。他一定要报仇。于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魏子规又往卫青院子里去作妖了，把他一个七岁小孩应有的破坏力发挥到了极致。有时候卫青回来揭开被子一看，见床上蒙着只死乌鸦、死老鼠什么的，他一脸淡然。依兰倒是被吓得够呛。 后来卫子规又拿了死动物跑到风小院来，准备往卫青床上塞，结果在被窝里摸到了滑滑凉凉的东西。卫子规掀开被子一看，居然是一条盘着的蛇，蛇身上花花绿绿的纹路十分瘆人。他吓得小脸煞白，往后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卫子规吓坏了，病了两天。徐氏登门来算账。卫青诧异道：“进来也不知是怎么了，经常会有死物出现在我床上，没想到这次竟然是一条蛇，更不知弟弟进我房间掀我床被是想作甚。” 不过幸好这次是弟弟先发现了，要是我看见了，肯定得吓死。徐氏气得快原地爆炸，他想找魏慈叔和老夫人替魏子规做主，可是自己也知道魏子规不占理。后来这件事被老夫人知道了，老夫人心疼孙子之余，十分恼怒徐氏不管束魏子规的行为，让魏子规往后与徐氏分院住，并派人教导魏子规礼数。魏子规搬到新院子去那天，听说哭得想到惨烈，嘴里骂着要把魏青千刀万剐。 实际上，在花园里偶然碰到了卫青，卫子规恨得磨牙，还不等他冲过来，卫青指着他脚下道：“看那花花绿绿的是什么？”卫子规来不及看，就吓得直跳脚。罢后抬头对上卫青笑悠悠的脸，他道：“啊，原来是树叶子。”这日，依兰被带去了徐氏和魏琼居跟前，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徐氏一道眼神，身边的婆子当即上前，左右开弓，往依兰脸上打耳瓜子，打得他直发懵。徐氏问：“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依兰颤颤地跪在了地上，额头贴着地面，瑟缩不已。徐氏伸了伸脚尖过去，勾起依兰的下巴，眼里厉色道：“我派你去卫青身边，是让你跟着他作威作福的。”依兰哭着摇头：“不是的，不是的，夫人明鉴，二小姐她行为十分诡异，奴婢实在难以捉摸。徐氏和魏琼居对此也已经感觉到了。时隔五年，卫青这次回来，性情与从前大不一样。原以为乡下的林婆子会好好打磨他，却没想到反倒把他磨得越发有棱角。 魏琼居道：“那你为什么不早早禀报？”依兰哭花了脸道：“因为二小姐威胁奴婢，她说要弄死奴婢。”徐氏拍桌气骂道：“也不看看她是个什么东西！”魏琼居比较冷静，问道：“那你跟了魏青这些日，可有发现了些什么？他平日里都有些什么习惯？他觉得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魏青了。”依兰仔细想了想，泪眼婆娑道：“二小姐每日行踪很简单，除了去老夫人那里，便是去药房倒腾。她的东西也很少，除了几件破衣服。” 便只剩下一些物什，什么物什？依兰道：“上次奴婢打扫的时候，看见他的包袱里有银子。”魏琼居和徐氏对视了一眼，银子，他哪来的银子？但既然发现点什么，总比什么都没发现要好。当日，依兰回封小院时，卫青看了他一眼，道：“又被打了。”依兰抿了抿唇，他好似在问一件无关痛痒的事一般。可是对依兰来说，那便是劫后逃生，一切都是因他而起。依兰甚至希望他不曾回来过。 一开始，伊兰还以为他好欺负，可是如今谁也不知他心思究竟有多深。为什么自己这么命苦，要被派来看着他？伊兰没回答，愤愤地从卫青身边走过。后来，伊兰趁着进卫青房间打扫之故，偷偷地靠近卫青放包袱的那个柜子里。他回头看了一眼卫青不在，便手忙脚乱地打开他的包袱，果真如他上次所见，里面还躺着两锭白花花的银子。伊兰咬了咬牙，心慌手颤地从袖子里取出一样东西，当即就要夹到卫青的包袱里去。 然还没来得及松手放进去，忽而身边光影一掠，依兰的手就被人给稳稳的捉在了半空中。依兰侧目一看，卫青不变情绪的站在他身侧，顿时就脸色发白。卫青低着眼帘瞥了一眼他手上的东西，挑了挑唇便笑了，发生的眼里却半分笑意都没有。他松开了手，道：“依兰，我给过你机会，真要玩起来，你可别哭。”依兰嘴唇哆嗦了一下，道：“你以为我想这样吗？我别无选择，我若不这样，他们就会打死我。” 卫青平静地看着他，道：“你还可以选择告诉我，然后再试试看，往后他们还能不能动你？但是现在，你确实已经别无选择了。”伊兰浑身都有些发凉，他知道自己惹到卫青了。不光如此，这几日来相处的那种随意自然，也随着他的举动而烟消云散了。伊兰丢下东西就落荒而逃，浑浑噩,噩噩道：“二小姐还是赶紧想想应对的法子吧。”伊兰跑出去以后，卫青才不紧不慢地拿起他放进去的东西。 那是一根簪子，金身镶嵌的宝石，工艺十分精细完美。对于卫青来说，却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他娘以前常佩戴的首饰，有相当一部分是宫廷所赐，因而才能有这般无双的工艺。他娘的遗物，他要一件一件的拿回来。思量几许，卫青最终又把簪子放下。即便眼下这一刻拿回来了，以后也得要藏着掖着，见不得光。夜里，他躺在床上，望着简朴的床帐，睡不着，一时还有些怀念起乡下的日子来了。 卫青伸手往领子里掏了掏，掏出怀里随身携带的那枚玉佩，穗子上还挂着两片金叶子。大定的银子他不能随身携带，但这两样东西单薄，带在怀里也没有不妥。因而依兰只发现了他包袱里有银子，却没发现他还有玉佩和金叶子。卫青想起了他在乡下救过的那个妖孽，这玉佩是他的，金叶子也是从他身上搜刮来的，但他人早已不知去向。这世界这么大，茫茫人海，再难遇见了吧？卫青明知如此。 却忽然间觉得有些遗憾，早知道会想起，当初还是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好了。第二日，卫青又神色如常，照例去老夫人那里请安。三姐妹在院门前碰上了，便一同进老夫人院里去。魏琼居走在前面，今日她一身素雅装扮，十分端庄别致，如出水芙蓉般美丽动人。她头发如黑缎，水色长裙飘飘然从门槛上拂过。然才一只脚跨进院门，魏琼居就不知被什么给绊了一下，裙角重重一顿。 身体便不受控制的往前倾斜，卫青适时的扶了他一把，但门槛狭窄，还是挤到了魏琼居的发髻。魏琼居只觉得发髻上扯了扯，他抬手便去摸，幸好并未凌乱。卫青意味深长的提醒道：“大姐姐还是看着点，不然一摔跤啊。”魏琼居把自己的手臂从他手上抽了出来，语气不善道：“那还多谢你的提醒。”卫青微微一笑，道：“应该的。”魏琼居扬了扬裙角，转身就先行进了院去。 三姐妹向老夫人请了安以后，魏琼居在旁边的座椅上落座，时不时朝门外看去，似在等什么人。魏青顺着她的视线一看了一眼，不置可否的笑了笑，忽而道：“我有东西想送给祖母。”老夫人问：“什么东西？”魏青不紧不慢的从怀里掏出一个洗旧了的盒袋，打开来看，是两锭圆润饱满的银子。大户人家又不是没见过这样的银子，丝毫不足为奇。 可魏琼居侧目一看时，脸色就变了变。还不等他说话，卫青就先声夺人道：“这是以前在乡下的时候，我就过一个受伤的有钱人，他给我的。我想着在府里也没地方花，便拿来孝敬祖母。这点钱对于老夫人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对于卫青来说恐怕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现在卫青竟舍得拿出来孝敬老夫人，老夫人心中不由柔和了两分。世上没人不爱财的，但老夫人再爱，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收下卫青辛苦得来的几两银子。” 况且魏家也不缺这几两银子，魏青也自是知道这个道理。遂老夫人道：“既然是你辛苦挣来的，祖母哪有贪占的道理？你自己留着吧。”魏琼居出声道：“二妹以前在乡下，乡下人再怎么有钱，也不至于出手这么阔绰吧？”结果话音一落，冷不防外面就响起一道声音：“什么有钱人给的？我看分明就是你偷的！”大家的视线循声朝门外看去，见徐氏正带着自己的丫鬟从外面走来。魏琼居神色一松。 总算是来了，若是再晚一步，只怕就要被卫青给先发制人了。徐氏进的屋来，先是给老夫人请安，紧接着眼风一扫，落在卫青手上的盒袋里，道：“卫青，我好心好意的把你从穷乡僻壤里接回来，结果你却是个手脚不干净的。乡下哪有什么有钱人？正好我前两日不见了两锭银子，没想到竟是叫你给偷去了。”他好歹还是收敛了些，没有当着老夫人的面一口一个烂货、见人的骂。卫青不慌不忙道：“母亲。” 说话可要讲证据呀、啊！徐氏道：“前些日我说你怎么往我院里来的勤呢？嘴上说是去看望子规，实际上是背地里做些偷鸡摸狗的，是吧？不光是我丢了两锭银子，还有琼居，前两天也在说他丢了一只簪子。”老夫人闻言，面色严肃了起来。偷鸡摸狗，偷到家里来了，这绝对不能饶恕。老夫人便问：“琼居是你母亲说的那样吗？”魏琼居服了府里，道：“回祖母，前些日我确实不见了一只簪子。” 但没想到是有人偷走了，可能是放在了什么地方忘记了，所以才没说。他瞥了一眼卫青，又道：“二妹虽是乡下回来的，但应该不是那种人吧？”房里候着的丫鬟婆子向卫青投来的目光，隐隐都带着鄙夷。老夫人神情冷冷的，一时看向卫青，威严道：“青丫头，你老实交代，这两锭银子究竟是从何得来的？是不是从你母亲房里拿走的？穷居的簪子是不是你偷的？你若是从实招来，我还可以从轻发落。” 卫青站得挺直，道：“用来孝敬祖母的这两锭银子，却是在乡下救人所得。至于大姐的发簪不见了，我一无所知。”徐氏眼里堆着得瑟的冷笑，道：“你是不进棺材不落泪是吗？到现在了还嘴硬，一会儿让人去你房里搜出来了，看你还怎么狡辩。”说着，徐氏正要叫丫鬟去风小院搜，卫青疏耳道：“母亲要搜我无话可说，但未免产生误会，还请大姐姐告知，你遗失的那只簪子是何模样。” 不然随便找只簪子，便说是我偷的，那我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老夫人觉得有理，这样谁也不冤枉谁，便道：“琼居，你说说，不见得是什么簪。”魏琼居道：“是一只金簪，有蝴蝶相克，蝶羽上镶嵌着红宝石，末梢还垂下两滴泪石坠子。”卫青似笑非笑道：“你确定？听大姐姐形容，我记得我母亲好像也有一根一模一样的呢。”妙兰死后，她的一切首饰自然就落到了徐氏手里。等魏琼居长大以后， 徐氏才将其中的一些送给他戴。徐氏恼羞成怒道：“天下一模一样的首饰多了去了，现在追究的是你偷东西一事，而不是缅怀你那死去的娘。”说罢，他就差丫鬟往封小院去搜。过了小半个时辰，丫鬟才匆匆返回。徐氏嘴角禁不住上扬几许，结果听丫鬟禀报说，并没有找到魏琼居的发簪。怎么可能？因为事先听魏琼居形容过那发簪的样式，所以就算找不到，临时找一根别的来冒充也不行了。 徐氏嘴角的弧度顿时就僵住了，怒得一巴掌扇在丫鬟脸上，道：“没用的东西，所有地方都仔细找过了吗？”丫鬟捂着脸应道：“所有角落都找过了，真的没有。”老夫人看着徐氏对丫鬟发飙，一脸不悦。搞了半天，原来是场闹剧，找不到卫青偷发簪的证据，说他偷钱就更是无稽之谈。老夫人正想叫大家散了，卫青却忽然道：“大姐姐真的不记得自己的发簪到何处去了吗？”卫琼居强忍着火气，尴尬道。 我真的不记得了，许是忘在了哪里吧。卫青笑了笑道：“那大姐姐的记性还真是不怎么好，明明早上才佩戴过的东西，怎么这会儿说忘就忘了？”卫琼居冷不防抬头看着卫青，冷色道：“你这话什么意思？”卫青歪头，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头发，道：“我才发现，大姐姐不见的那只簪子，不正插在自己的发髻上吗？”大家随着卫青的话，纷纷往卫琼居头上看去。卫琼居一慌，不由伸手左摸摸，右摸摸。 魏琼九像发现了新大陆，惊喜地道：“果真是大姐姐描述的那根簪子，梅师真是太好了。”实际上，魏琼九善于观察，在魏琼居形容的时候，他便注意到了那根簪子正别在魏琼居的头发上。偏偏魏青按捺得住，还真让徐氏的人去搜查他的院子。魏琼九有些能理解魏青是怎样一副不紧不慢看戏的心情了。魏琼居摸到了簪子，连忙抽下来一看，吸了一口气，明明他昨日交给依兰的簪子。 为什么又回到他的头发上了？这下子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魏琼居手上拿的果真正是他自称不见了的簪子。原来不是被偷走了，而是戴在他自己的头发上啊！竟也敢当着老夫人的面睁眼说瞎话！老夫人自诩魏家是书香门第，不容许有偷鸡摸狗的事情发生，同样也憎恶满口谎言的行径。魏琼居顿时醒悟过来，之前进院的时候自己被绊了一跤，而魏青及时扶了他一把。 他感觉自己的发髻被扯了一下，定是那时卫青插在他的头发上的。卫琼居转头死瞪了卫青一眼，面向老夫人时便换了一副楚楚可怜的神色，道：“祖母，我真的不知道。”徐氏见计划失败，当即道：“今早琼居起床的不舒服，肯定是丫鬟给她梳头的时候没知会过她。”说着就看向卫琼居身边的丫鬟，还不向老夫人认错。丫鬟瑟,瑟瑟的跪地认错。接着徐氏又道：“即便卫青没有偷琼居的发簪，那两锭银子也定是他偷的。” 这等龌龊行为，定要重罚才行。卫青好笑道：“母亲，我总共就去过母亲院里一次，还是同祖母一起去看弟弟的。祖母在场，我有什么机会偷母亲的钱？”老夫人揉额头，这个徐氏以前觉得她精明，如今却蠢笨得像头猪。她自己惹得一身骚就罢了，现在还让卫琼居也惹得一身骚。她若是有点强有力的证据还好，老夫人定然不会姑息。可是不仅破绽百出，还被卫青给搬了回去。 老夫人就是想做主，也无从做起。最后，老夫人半点不想再看见徐氏，让人把她轰出去，再罚了魏琼居抄几遍《女诫》。魏琼居含泪委委屈屈的应了。老夫人在看向魏青时，脸色依然发沉。魏青若无其事的捧着银子道：“请祖母收下吧。方才祖母也看见了，这银子我留着，有嘴也说不清。”老夫人哪能收他的？收了他的，就得站在他这边替他说话。 最终，老夫人也心烦意乱的让卫青自己带着那两锭银子回去。虽然卫青能够调理老夫人的眩晕病，可是老夫人怎么觉得自从卫青回来了以后，事情一桩接一桩，她眩晕的次数反而更频繁了呢？老夫人片刻也不想多待，让王嬷嬷扶着她进里屋去休息。卫青淡淡然把自己的荷袋收了起来，揣进袖中，然后请退，转身走出来。屋外的阳光使他眯着眼，那双瞳仁黑的无边。 魏琼九紧随着他出来，走在身后两步，忽然开口道：“二姐可真厉害，不花本钱，不费力气就能事半功倍。”卫青顿住脚，侧目看他。他说这话时，声音也仍旧是甜甜的。卫青看他一眼后，又继续往前走，道：“不懂三妹在说什么，我怀着一颗孝心来，被人诬陷，现在也郁闷得很。”魏琼九愣了愣，随着卫青远去，他脸上甜甜的笑容终于淡化了去。今天发生的事，依来是知道的。 再一次如他所见，卫青又成功地化解了一次危机。与卫青为敌，或许是他最不明智的选择。现在卫青不会保他，就算他再被徐氏和魏琼居打个半死，卫青兴许连问也懒得再多问。依兰消失了一上午，下午时才回到风小院，双颊肿的老高，还渗着红血丝，她眼睛也哭肿了，一衫头发皆一片凌乱，看起来着实狼狈凄惨。不过她还有命回来，还算好的。 今天他在徐氏那里撒了谎，说自己已经准确无误的把魏琼居的发簪放进了魏青的包袱里，所以徐氏来势汹汹，胸有成竹。他不敢让徐氏知道，其实他还没来得及完成，就被魏青给抓个现成。事后到了徐氏那里，依兰只能矢口咬定，他根本不知道魏青是什么时候发现的。魏青屋里的门窗都敞着通风，空气里泛着一股魏青身上淡淡的药香。依兰回来，他果真连抬头看也没有看一下。 后，依兰默默地端茶送水，给卫青张罗晚饭。卫青拿上碗筷时才道：“徐氏接我回来还有用，所以不管怎么折腾，我都没有性命之忧。可你不同，他若是觉得你没用了，再养着你也是浪费粮食。你也知道自己今日的下场算轻的。”依兰肿着脸，说话也不利索，道：“那奴婢是不是应该更卖力的监视和出卖二小姐，那样才有个好出路？”卫青道：“理论上说是如此。”他施施然放下碗筷，这才抬眼淡青的看他。 可你觉得你有这能耐吗？话音甫一落，卫青便伸腿往依兰脚下一扫，顿时依兰整个身体扑下来，被卫青张手便实实的擒住了脖子。依兰瞪了瞪眼，随着卫青手指收紧，她呼吸困难，连发声都不能。那时她清晰无误的看着卫青的眼里，有一种无动于衷、无波无澜的冰冷。恐惧顺着依兰的脚后跟爬上了她的后背，后背上汗毛直立。她伸手去扒卫青的手，脸上青筋凸起，极其艰难的从齿缝里挤出。 二小姐，卫青瘦削的手上，骨骼从手背延伸至指节，线条绷起而流畅，彰显了力道。依兰有理由相信，他就是现在把自己饿死，也不会眨一下眼睛的。卫青轻声与他道：“你看，徐氏收拾你的时候，起码还会叫你走一趟；而我呢，分分钟弄了你，再往花园池塘里一抛，说你走夜路失足落水，谁会觉得你可惜？”嗯。依兰浑身颤抖，眼泪不停地从眼角里滑落而出。就在依兰挣扎渐弱。 快窒息时，卫青终于松手，撇开了他。卫慈叔这阵子顾不上家里，每天都要去打点应酬。卫青隐约从老夫人那里听到过一两句，好像是京中有人下来巡查，能得行省一干官员如此重视，必定是来头不小。卫家清扫祠堂时，老夫人带着卫家后辈在祠堂里给先人敬香，而卫青被徐氏以卫家祠堂种地，闲杂人等不得随意入内为由，拦在了祠堂外。卫青站在祠堂门外，一直没有离开。 这一次，老夫人没有阻止徐氏，心底大概和徐氏一样，认为卫青是不配登上这位家祠堂的。兴许也只有他卫家人认为这是一个神圣庄严的地方。卫青除了姓卫，在这位家还剩下什么？卫家列祖列宗，谁稀罕来上香？他唯一想要祭的，不过是他王母一人罢了。从门框里看进去，依稀可见那祭台上整齐的排列着一尊尊的牌位，老夫人站在最前端，带头一丝不苟的敬香。卫青对着那背影扬声道。 难道我不该姓魏？为什么不能进祠堂？那背影没应他，卫青又铿锵有力道：“那我为什么要唤魏大人一声父亲？为什么又要唤你一声祖母？”徐氏尖声斥责道：“卫青，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轮得到你撒野？”老夫人上完香才转过身来道：“也罢，放他进来吧。再怎么，他现在也姓魏。”于是卫青抬脚，抬着头，平视着祠堂里的诸多牌位，一步一步走了进去。 可是当他环视四周，最终眼神落在面前的一片祭台上，将上面陈列的牌位一尊一尊看下来，直到看到最后一尊牌位，上面都无一个写着“妙兰字”字样。卫青再移了一眼神，从头到尾，仔仔细细，一个字一个字的寻找，皆没有。卫青自打回卫家，处处温然平和，却没有哪一次如眼下这般，站在卫家的列祖列宗面前，那黑的幽邃的平静的眼眸底下，渐渐一开一股让人发闷的破煞之气。他回头直勾勾的看着老夫人。 轻声的问：“我娘呢？”老夫人被他那眼神看得心头端的一沉，舒而没底。打从卫青回府以来，便不曾提过要祭他娘。老夫人以为一个乡下回来的小丫头懂什么，怕是早就忘了。今日开祠，她放卫青氏进来给祖宗上香的，却没想到他却是进来找他娘的牌位的。老夫人活了一把岁数，旧居深宅后院，从没在一个十几岁的丫头身上见到过这样的眼神，沉脸，温和，却富有杀伤力。 比起徐氏的张扬跋扈来，这样的才更加可怕。卫青又问，声音更轻柔了些：“祖母，我娘呢？”老夫人嘴角嗫嚅了一下，才勉为其难的挤出一句话：“她不在这儿。”卫青问：“那她在哪儿？”徐氏张口就道：“她当然是在城外的荒山野坟里。”此话一出，老夫人深吸一口气，气血有些不畅。卫青歪了歪头，望着老夫人道：“爹不是说我娘是畏罪自杀的吗？妙家落罪，她应该是不想连累卫家。结果怎么的？” 他死后却被丢在荒山野坟里。他眼神冰冷肃杀，声音像薄薄的刀子，又轻又利落。他死后却不能进魏家的祠堂，他死后却连一处遮风避雨的安息之地，你们都不舍得给。老夫人胸口一阵发质，答不上来。徐氏一声尖尖的讥讽的笑声，打破了祠堂里诡异沉闷的气氛，说道：“别说的那么大意，妙兰又不是魏家的人，她早已经被老爷修逐出魏家了。你说一个下堂妇又那么的不干净，死后还妄想着进魏家祠堂？” 做春秋白日梦呢？卫青想了起来。哦，在缪家一落罪的时候，魏慈叔便翻脸不认人，害怕受到连累，所以休了他娘。卫青定定地看着徐氏，道：“你说谁不干净？”对于徐氏来说，这仿佛是他可以引以为傲的事情一般，恨不得对全天下的人说。他脸上的笑意痛快的有些扭曲，道：“可不是不干净吗？你那时还小，当然不知道。你娘她跟别的男人睡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是一个贱人。”卫青眯了眯眼。 眼里的凝色渐渐浮了上来。老夫人压根没料到徐氏会口无遮拦到这种地步，还是在这位家的祠堂里，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在场的还有魏琼居、魏琼九两个孙女，以及两个妾室。那些事在魏家一直是讳莫如深的，老夫人恨不得所有人都忘了，偏偏徐氏恨不得隔三差五就提一回。老夫人胸膛起伏，气得不轻。徐氏终于能够刺痛魏青了，不仅要抓一把盐撒在魏青的伤口上，还巴不得狠狠往他皮肉里摁。 他还说道：“你说一个不干不净的贱人，有什么脸面进祠堂受人供奉？他死后，魏家能给他一副棺材就算不错了。只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你娘生性浪荡，到了地底下，说不定和男鬼搞成一堆，也能早点去投胎的。”老夫人怒极，喝了一声：“徐氏，你给我住口！”紧接着，她颤着手，猛地一巴掌扬起，就冲徐氏的脸上摔了过去。啪的一声，这一耳光打得又重又响，祠堂里一片寂静，徐氏的话语也戛然而止。 徐氏捂着脸，有些不可思议地抬头看着老夫人：“你打我？”老夫人杵着拐杖，面色铁青道：“我打的就是你。”徐氏咬牙切齿道：“难道我说错了吗？我说的都是事实。他娘就是个贱人，他也是。”老夫人气得拿起拐杖就要往徐氏身上打。原本庄严有序的祠堂里，顿时一片混乱。卫青蓦地笑了，明明是一副熟悉的和善的面孔，却让人感觉像是恶鬼附体般，浑身发毛。 徐氏躲开老夫人，气急败坏地冲他叫嚣道：“你鬼笑什么？”卫青朝他走近两步，那股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强势，迫得徐氏往后退了两步。卫青对他道：“来日方长，你也为人娘，你也有女儿，不是吗？”徐氏正要开口骂，卫青直勾勾地盯着他，又道：“可不要到后来落得个和我娘一样的下场啊！”在他的逼视下，徐氏心口一滞，发现自己竟然再骂不出口。说罢，卫青往后退了几步，转身又面向老夫人。 看来我娘也不尽如爹所说，是单纯的畏罪自杀吗？但是祖母啊，我娘当年是你亲自登门去求娶的，她是什么样的人，你不了解？当年的誓言犹在，而你却让她不得善终，最后还躺在了荒山野坟。卫青笑着点头，眼里水润微红，却又清冷万分，极好，真是极好。老夫人浑身一震，脸色苍老又衰白的看着卫青。卫青已转身而去，看不见他面上表情，只听他又道：“就是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 祖母良心可安，夜里可曾有哪怕一次做过噩梦？总有一天，真相会浮出水面。那时他要看看魏家这些肮脏的人、龌龊,龊的心，还能把脏水泼向哪里？身后老夫人两眼一翻，便踉踉跄跄的要倒，一众人赶紧上前去搀扶、呼喊。卫青脚下没停一下，亦没再回头。老夫人被送回院里，好一阵才缓过来，想起卫青的眼神和表情，还有他说的话时，手脚仍止不住阵阵发凉。 徐氏自知闯了祸，这会儿倒消停下来了。后来卫青问起他娘所葬之处，老夫人没法再瞒他，跟他说了城外荒山坟地的所在。好歹妙兰曾经也是京中的名门贵女，也是卫青的亲生母亲。现在卫青回来了，即便妙兰不再是卫家的媳妇儿，他要去祭拜自己的生母，也在情理之中。老夫人若是拦他了，倒显得心中有鬼。依兰去帮卫青准备了祭拜用的东西，香烛纸钱一应俱全。五年了，自从妙兰死后。 魏家没有任何人去祭拜过，而以前妙兰身边伺候的人，在妙兰出事之前就已经事先被魏慈叔给发卖了。老夫人找了个小路的家仆，驾着马车载着魏青去城外的荒山。一个人的心究竟有多凉薄，才能在逼死了自己的发妻之后，连灵地都不给，而是远葬在四十里开外的荒山？是害怕他娘会寻着路回来找他吗？马车悠悠驶出城外。 有一节官道很不好走，摇摇晃晃，颠簸的厉害，路面中间还有一个大坑，家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堪堪把马车绕着坑面顺利驶过。卫青坐在简陋的马车里，左摇右晃，手里摩挲着黄色的纸钱，若无其事。到了荒山脚下，卫青下了马车，带着祭祀用品徒步上山。当年他娘死后还在守灵期，他便被遣送到了乡下，他甚至来不及送他娘最后一程。 他原以为多年不见王母，虽不得善终，起码得以好好安葬，起码会有一个屋檐安放他的灵位。他等等到魏家开祠的这一天，进去给他娘上香，却没想到等来的是他娘葬于荒山乱坟的结果。卫青从来不喜怒形于色，而此时此刻，他面色阴沉，双眸彻寒，恍若三九雪天里雷云滚滚而过。这里的杂草有其腰高，淹没了上山的路。 家仆害怕这么深的杂草下有什么蛇虫鼠蚁，因而畏畏缩缩地跟在卫青后面，反倒是卫青在前开路。到了山上，抬眼望去，见满山的杂草下依稀可见一个个堆拢起来的小土包，土包前没有树碑牌，根本不知道谁是谁。这荒山野坟与乱葬岗有何异？他娘妙兰是妙家嫡女，是你千岛万求才娶回来的发妻，卫子书，你竟敢把她丢在这荒山野岭！他不知道那股由心里升腾起来的愤怒是源于自己。 还是源于从前的卫青，他只知道这是一种身心本能。卫青回头盯着家仆，家仆被他眼神射得往后退了退。卫青声音微沉道：“我娘葬于哪处坟？”家仆望着满目的荒山乱坟，一时也辨不清。他正想伸手随便指一处，好让卫青拜拜就完事儿，不想刚伸出手指头，卫青便歪头活动着梗子，发出骨骼声响，在顺来的风里听得十分清晰。卫青悠悠道：“你只有一次机会，想清楚了再回答。” 他的眼神冷凉的像毒蛇一般，家仆咽了咽口水，应是将那股随便敷衍咽了下去，开始认真回想，当初葬妙兰时是他带路到这山上来的。这些坟头随着年月都已经长满了杂草，其中有几个坟头上杂草有除过，也有祭拜的痕迹。想来这个地方葬的也有像妙兰一样有名有姓的人，世间还有人挂记。家仆找了一阵，站在一处坟头前，烦躁的挠挠头，道：“我记得是这里啊，而那坟上的杂草显然被除过。 新长出来的青草不过一两寸高，坟前还有烧过的香烛纸钱的痕迹。卫青在坟前缓缓蹲了下来，看着地上供奉的果品已经差不多腐烂，可隐约辨认得出是一些橘子。卫青还记得他娘生前最爱吃橘子，橘子不知道是何人供奉的。卫青抬起头看着满目青草翠翠的坟头时，鼻子酸红。卫青却是笑道：“娘，橘子过季了，这次没有。”卫青点燃了香烛，不紧不慢地将纸钱全部烧了。 从他睁开眼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他便已经是这个世界里的卫青。他无法阻止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他只能做到往后的卫青绝不受人摆布。如此，他娘应该可以安息了吧？转眼间就到了后半下午，卫青给坟头上把新长出来的杂草除去，家仆在旁边早已等得不耐烦，道：“二小姐该回了，回去四十里路呢，再晚就进不到城了。”天边的斜阳凉下了温度，通透绯红。 山风吹来，野草舒展摇晃。下山时，家仆走在前面，已经有之前上山开好了路，因而下山十分容易。家仆很是着急，要是错过了时候回不了城，今晚就得在荒郊野外露宿了。他可不认为魏慈叔有那么重视卫青，会命守城的士兵专门给卫青打开一次城门。本来被指派带着卫青出城祭拜，就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因而一驾上马车，还不待卫青坐稳，家仆就骂骂咧咧的往城里赶。路面颠簸，十分不好走。 恰好又走到有坑的那一段路，家仆本就对卫青的态度相当恼火，便存心想颠一颠他，于是并没有绕开路面的那个陷坑，而是直接驾着马车就冲了过去。那坑里有路面陷下来的碎石，凹凸不平，车身经过时剧烈摇晃。哪想突然重重一顿，车辙卡在陷坑里，还没来得及被马拖出，这简陋的马车居然就被摇散了架。随着马匹一声嘶鸣，车身朝一边倒去。 卫青见状，身形利落的从车身里窜出，刚落到地面上站稳，就见车身栽倒在坑里，掠起一道灰尘。而那家仆已经眼疾手快的解开了车辕上的套绳，骑到了马背上去。家仆讪讪笑道：“二小姐，这路实在太难走了，现在马车也坏了，只能先请二小姐在此等候，小人快马赶回去，再叫一辆马车来。”说完，不等卫青回答，那家仆掉了马头就打马前行。背过身去时，脸上都是幸灾乐祸的笑意。一个乡下来的弃女。 摆什么谱？在山上时敢用那种态度使唤他，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反正他又没有错，错的是这坑洼不平的路面和不结实的马车。等他赶着城门关闭之前回去以后，再将这件事如实禀报。到时候魏家要不要派人来接，那就是他们的事了。若是没人来接，他只能自个徒步走回城了。四十里路够他走到半夜吧？家仆一点都不用担心，就这样回去以后会受罚，因为谁都知道主母夫人厌恶这妻女的很。 夫人说不定一高兴还要赏他呢，光是这样想想都觉得爽快。马蹄声如释重负一般，悠扬的响起在道路上。那马背上没有放鞍，因而家仆即便是骑着马，也没有胆子加快速度。卫青眯了眯眼，不紧不慢地弯下身，随手捡了一块碎石起来，在手心里掂了掂，道：“那我送你一程。”什么？隔了些距离，家仆听不清卫青在说什么，就随口问了一句，还顺带回头看了一眼。这回头一眼看去，家仆大惊失色。 只见卫青手里捏着那块碎石，忽而扬手就朝家仆的方向掷来。那块碎石来势汹汹，且卫青是用了力的，不可小觑。碎石到了家仆这头，精准的击打在了马屁股上。那马吃痛，又是一声嘶鸣。在家仆还来不及加紧双股之时，马匹就撒开四蹄，不要命的往前跑。马背上光溜溜的，家仆自然坐不住，一边死死抓住马的鬃毛，一边惊惶的杀猪般嚎叫。 还没跑多远，家仆就顺利的被快马颠下了马背，结实的摔在了路边，不省人事。而那马不可能停，没多久就跑了不见了影儿。卫青这才收回视线，看了一眼快要落山的日头，若无其事的坐在车身外头的圆上，随手折来路边的野草，叼在嘴里慢慢嚼。古人云，死也要拉个垫背的嘛。卫青嚼了一根，吐了，又叼上另一根，这草茎还有点甜。这里离回城有四十里路，即便卫青现在上路，等走到城门那里。 城门也早已经关上了，因而卫青一点也不着急，他就坐在这里等，说不定有路过的车马，还能搭个顺风车。如若是没有，今晚将就在破车厢里睡一晚，等后半夜或者明早再动身回城也不迟。事实证明，卫青的运气不差。傍晚的霞光火烧一般艳烈，铺满了半边天，将近处的草、远方的山，无一不翠上一层暖红色的光。 暮色即将来临，就在这还未来得及散去的最后的薄薄霞光下，官道的那一头出现一行黑影，正朝这边走来。卫青眯着眼看去，发黑的眸子里，瞳孔边缘亦染上一丝淡淡的艳色。来的还不止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所至之处，鸟影飞绝，周遭一片寂静。卫青往车辕上靠了靠，但身子却一点点绷了起来。若是寻常赶路人还好说，可来的偏偏不是。随着那些人越来越近。 卫青可清晰的看见他们骑着马，目光下清一色身着压青色锦衣，黑色腰带，手握佩刀，头戴乌纱。那一张张脸上的表情是漠然和冷锐，甚至还带着隐隐的杀气。卫青对这个时代的官制并不了解，但看其衣着装扮也能知道，这锦衣戴乌纱绝非一般的侍卫。这批人中间，一辆马车平稳行驶，马车四面眼角呈现在青灰的天色下，仿佛披着夜色而来，又仿佛携带着黑暗前的最后一缕光。 卫青的破车厢正横躺在路坑里，挡了他们的去路。当时卫青还在想，这个顺风车他搭是不搭呢？搭了有一定风险，不搭又觉得可惜。看这架势，即便这行人走到了城门口，城门已经关闭了，他们也绝对有能耐让城门再开一次。如此，他便不用露宿野外了呀。卫青眼观鼻鼻关心，他这么纯良无害，一看就是好人，应该比较好沟通。直到那些人走到了路坑前，前前后后才停了下来。 最前面的人看见车辕上靠着的卫青，清清瘦瘦的模样，一双温和的眼里丝毫不见慌张。若是不把这破车厢和卫青挪开，他们的马车也过不去。有几人手悄然握在了刀柄上，其中一个对卫青道：“阁下，请让路。”卫青只是想好好沟通，可一点也不想硬碰硬。他清醒的很，真要硬碰起来，最先碎的也只会是他自己。碎卫青看着那辆马车，道：“如你们所见，这里有一个大坑，我的马车栽在这里，车坏了，马也跑了。” 你们的马车这般宽阔，就算我让开了路，无法避免也得栽在这里。车坏马跑是小，颠坏了车里的贵人可不得不偿失吗？卫青没有说假话，这坑占了大半个官道路面，即便车辙不卡在里面，也会非常颠簸。几个人神色莫测地打量他，卫青又道：“我可以把我车厢木板拆下来，铺平这路，让你们马车顺利经过，而你们顺道搭载我一程，送我进城门即可，如何？” 哪想这群人不具备良好的沟通性，且看他们强盗般的眼神，看样子是觉得放倒了卫青，照样能拆了他的车厢来铺路。即使卫青是个小姑娘，他们也不能完全放心，更何况带她一起上路了。卫青手上捻着银针，面上不动声色道：“互相帮助一下不好吗？非要互相伤害？”他微眯起眼，眼神落在这群人中间，飞速地计算着自己的胜算。他心想，实在打不过就往山野里跑呗。这些人担心是调虎离山，肯定不会追太远。 说他运气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因为这伙人不好对付啊。沟通失败，气氛陡然凝固了起来。然正待他们准备动手之际，安静的马车里忽然传出一道声音：“就按他说的来。”卫青愣了愣，那嗓音微冷，平和的没有情绪，混杂着夜里的清风，却极是好听。此话一出，他的侍卫便急了，道：“都督不可，万一此人心怀不轨。”马车里的人道：“偶尔也要做一做好事。魏”卫青。 他是遇到了一伙专干坏事的人了吗？他的随从只好应了下来。随后卫青起身往边上站，这些人利落的跨下马，三下五除二就把卫青的车厢拆成了一块块的木板子，铺在凹凸不平的坑洼上。可是，一行人要继续上路时，并没有多余的马匹给卫青骑。车上的人邀请他进马车里坐。卫青看着面前这辆安静的马车，车帘垂下，遮挡了里面的光景。他不知那后面坐着的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可是方才他却听见他的侍卫唤他一声都督。卫青离车帘并不远，隐隐闻到里面飘来一缕淡淡的檀香气息，令人心神安宁。后来他把心一沉，不管了。若是不上，他连将就睡一晚的车厢都没有了。索性利落的掀开帘子，就爬上了马车去。这马车比卫青的那一辆更宽大。卫青进来坐下后，空气中泛开的悠悠冷檀香更明显一些。 笼罩的夜色下，可见马车里坐着一名男子，衣袍自然而然地垂落在座上，双手随意地搭在垂直的双膝上，闭目养神。就连卫青上来，他也没睁开眼睛看一眼。卫青晃眼一看，只能看见他的轮廓。天色已晚，光线昏暗，却看不清他的模样。马车悠悠往前行驶起来，车窗外时不时有骑马的侍卫经过。卫青知道他们十分防备他。队伍往前走了一截路，路边还躺着那个晕死过去的家仆。 只不过大家目不斜视，压根没看见似的，径直往前行去。马车路过时，见那家仆实在站路了，侍卫才舍得动脚，把他往边上踢了踢。夜风拨开了夜空中的云雾，苍穹里的星月渐渐明朗开来，银白色的月光透过窗帘上的缝隙间，圆了一些到车厢里。诡异的沉默中，卫青不经意间抬眼看，终于看清了面前的这个男子被月色镀亮的半边脸，不由又是一愣。卫青想，大概这古代是盛产纯天然无污染的美男子的。 起初光看他轮廓时，隐约觉得英气逼人，是个成熟男子；而眼下那半张脸却是丰神俊朗，胜过千雕万琢的无瑕翡玉。那眉峰修长入鬓，合着的眼弧仿若水墨一撇，神韵斐然。月色蔓延至他颈边，衬出颈上很明显的喉结，喉结下的衣襟交叠整齐，即使天热也不见分毫松散凌乱。非礼勿视啊，卫青，越是好看的东西越危险啊，你懂不懂？四十里路怎么就这么漫长？ 卫青实在很想忽视这车厢里的檀香气息下那一丝丝蔓延开来的血腥味，直到马车突然颠簸了一下，卫青猝不及防斜了一些过去，手指冷不丁的碰到了他搭在膝上的那只手。卫青再也忽视不了了，他的手战凉，指尖滴血粘稠。马车走的不慢，侍卫们又十分警惕，身上有股疲态，可能在之前就路上遇到过不测。这人受伤了。卫青在碰到他的手时，他也终于睁开了双眼。 可能任何人再见到他那双眼睛都会难以忘怀，那是一副怎样的神态呢？不喜不悲不嗔不怒，仿佛包含众生却又空无一物，视为慈悲。卫青突然想起曾经去佛家圣地洗礼时，那里的佛陀菩萨轻垂着眼，俯视万物众生，便是如此。而卫青却是第一次在一个人的眼神里见到了慈悲之相，他愣神的忘记了言语，心底里却有个声音不断的提醒他，此人危险，极度危险。 因为这世上没有佛陀，更加没有活在官场权势里环卫及都督的佛陀。在往后的日子里，卫青才终于深刻的体会到，他拥有一副佛陀的慈悲，却是行走在人间的恶鬼。卫青暗暗吸了口气，收回视线，低眼间又落在了他的手上。那血痕衬得他的手分外苍白，他垂着的手指微曲，指节匀称修长。虽然这血流的不快，就算挨到进城也没有大碍，可谁会嫌自己血多？ 等卫青意识过来时，他已经拿住了他的手腕，微微往上抬了抬，血也就不一个劲的往下淌了。他手腕上骨节也分明，温度是温温热的。卫青手指上也沾了些黏腻，卫青手指瘦削中带着微微的力道，触感尚可。他靠近些来时，阴锦就已经闻到了他身上淡淡的药香，让人舒缓。他没有阻止，任由自己的手腕被卫青拿在手里。那温敏如水的眼神落在卫青身上，好像能够包容卫青一切无理的举动。 但卫青知道，可不是如他表面上这么慈善的。一旦他有异动，恐怕会死的比谁都快。卫青道：“你当是偶尔做做好事，我便当是偶尔发发善心吧。”伤在哪儿了？实际上，他却有些气闷。谁要你多管闲事了？可好歹他现在也在人家的车上，人家还同意带他一起进城。既然大家都是一个车厢里的，他顺手帮他止一下血，应该可以的吧？平白无故的他，他也不喜欢闻到丝丝缠绕的铁锈味。 可殊不知，正是阴景这偶尔做一做好事，卫青这偶尔发一发善心，注定往后一生纠缠不清。阴景很配合的，不疾不徐的解了护腕，松了袖脚，便露出手臂伤处。卫青适时从怀中衣袋里取出常备药丸，捏成粉末撒在了他的伤口处。他低着眉眼，借着外面的月光，手里的动作与神色皆是游刃有余。这人问也没问一句，就把自己的伤给他治。伤口止血时，卫青道：“你不怕我害你吗？”他问。 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这声音不轻不浅，恰入心脾，带着淡淡的磁性，好听的有点过分了。卫青感觉听多了耳朵真的会怀孕的。诚然，害他对他一丝好处都无，反而是祸害无穷。后来车厢里便是沉默，他袖脚依然松散着，好像是他浑身上下唯一一处比较散漫的地方了。他的手继续搭垂在膝上，手指微曲成弧，只不过再没有血滴顺着他的指尖滴下来。大概走了一半的路程。 前面不远就是城门了，途径一片松林，林间茂密，一丝月光也不透，马车里顿时陷入了一片漆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卫青在别人的马车里本来就不可能放松，现在一下黑了，所有感官都被他调动起来，空气里一丝微不可察的混进来的外界的气味都能被他的嗅觉给捕捉到。卫青浑身一凛，这松林里弥漫着一股类似瘴气的毒烟，可是气味却比瘴气要清淡许多。现在是夏天，这里气候又不潮湿。 怎么可能会有瘴气？而且白天的时候，卫青也从这松林经过，当时并没有这种毒气。很明显是有人故意为之，怕是觉得对手难缠，所以先下手为强。树大招风嘛，对方的目标除了刚好在这个时辰从这条路经过的一行人，卫青实在想不出第二个。而与他同行里的马车里的这个男子，应该就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卫青心下一沉，反应极快，当即捏着袖子捂住口鼻，下意识就轻身过去。 贴近在他面前，伸手也捂住了他的口鼻。他张口便对外面的侍卫低声道：“这空气有毒，大家用衣料遮住口鼻，再缓慢呼吸。”此话一出，已经有几个侍卫中招，顿时浑身脱力，险些从马背上栽下来。英锦和卫青在马车里不动声色的近在咫尺的相对着，他的气息落在卫青的手心上，像羽毛挠着手心，有些轻痒。卫青身子习惯性的机警的绷起来，气氛一下子凝滞，片刻都磨人神志。 他一抬头，如若是光线明亮一些，便能撞进阴景的眼眸里。他自己也感觉到，好像和他的距离太近了，能闻到他身上的檀香气息，能感觉到他从自己指缝间溢出的温热呼吸。卫青这才意识到，不对呀，为什么要帮他捂？他有这么善良无私吗？当时就发生在举止一瞬间，卫青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可能是见他手上受伤了吧。卧槽哦，可他另一只手不是好的吗？算了，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帮他等于帮自己。 卫青往后靠了靠，低低道：“你自己用袖角捂着。说”说罢，阴景伸了手来，叠在了卫青放在他口鼻间的手背上。卫青一抽手，他便自己捂上。侍卫们驱着马车和马匹，快速的穿过这片松林，眼看着前面月光如流水一般温柔的倾泻而下，大家还没能顺利跑出漆黑的松林，舒耳周遭动静一响，伴随着风声从四面八方传来，紧接着便是一道道黑影将大家包围，刀光剑影，利刃碰撞，不绝于耳。 卫青透过车窗，第一次见到冷兵器时代近身厮杀的凶残，那是令人窒息的惊心动魄的紧迫，血气顿时弥漫了整个松林。卫青不由庆幸，幸好他发现的及时，使得这些侍卫不至于中招。侍卫的功夫和刀法无一不是精湛厉害，且招招致人死地。这个危急关头，卫青可不想关心谁好谁坏，他只关心谁死谁活。突然，车窗前人影一闪，有杀手趁着侍卫被纠缠的空隙，直接举剑朝马车这边杀来。 卫青还不及做出反应，只觉一倒立扼住他的手臂，将他往身后一拽。随之的长剑刺入了车窗，却刺了个空。阴井抬手就握住了对方拿剑的手，举手投足间依旧温然慈和。可那有力的手指一收，隐隐气势宛若天光，炸破世间无处可遁形。随着骨骼咔嚓一声响，像劈断一根木柴一般，轻巧随意地劈断了杀手的手腕。听得杀手闷哼一声，他拿着杀手的手，云淡风轻地拨转了剑势，眼也没抬一下，便割掉了杀手的头颅。 那时卫青听得见自己胸膛里的心跳声，砰砰砰。英锦松了手指，杀手的尸体倒在了马车外，伴随着剑落在地上的声响，他又将手放回膝上搭着，蓦地开口道：“你今晚这善心发的有点大。”那语气寻常的，就好像是在与朋友寒暄。卫青扯了扯嘴角，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就当是给自己积德了。” 妈了个腿哦！难怪这人同意在他一路同行，且看他喜怒不惊的神态，感情这种半路刺杀是家常便饭。这叫做好事吗？这分明叫反正要倒霉，垫背的能多拉一个是一个。虽然卫青平时也是这样做的，可夜路走多了遇到鬼，他才觉得原来这种做法真过分。这些人与他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是死是活原本跟他没关系，可现在他要想保命，就得让大家都活着。 所以，事先发现有毒气时，卫青才会毫不犹豫地提醒大家。马车里的男子若是死了，这些侍卫不会放过他；侍卫若是死了，他与这男子在一起，那些杀手更不会放过他。他哪是想救他们，他只是想救自己呀！要是对自己都不慈悲为怀，不是得遭报应吗？后又有两个杀手强弩之末想杀进马车来，卫青才不想出头，心安理得地靠在阴景身后。阴景随手将元件送进他们身体里去。 马车走走停停，出松林之时，卫青看见，即使他杀人，眼里也是如水般温润敏人。侍卫当中有几人中毒，也有几人受伤，大家找了个视野开阔之地停下来休整。这本也不关卫青的事，这些侍卫先前想弄他，卫青还没有菩萨心肠到不计前嫌给他们解毒的地步，因而他一脸漠然，无动于衷。可阴景知道他懂医理，道：“你替我的人解毒疗伤，我送你至家门。之前约定的。” 他们只送卫青进城即可，可从城门到卫家家门还有一阵子的路。眼下这里离进城已经不远，后面应该不会再有杀手好潜伏。等进城以后就更安全了。既有马车坐，他当然不想走着回去。卫青想了想，遂接受了阴井的提议。侍卫的毒气入体不深，卫青施以针法，配以轻毒药丸，不多时可见好转。而受伤的侍卫更加好办，撒上止血的药粉即可。 这些侍卫对他仍是防备，可态度已然好转许多。耽误了一会儿，大家继续上路。卫青本以为等到了城门脚下过后，要花点时间去敲门，然后等守城的士兵去通报以后再来打开城门。可没想到，远远就见城门洞开，笼罩在一片明亮温黄的火光中。城内掌管行省的首脑官员们齐聚在城门处，等着马车缓缓驶进。卫慈叔也在其中，他身为布政使左右的参政，是掌管行政的二把手。 除了行政，还有掌管司察和军政的官员全部都在。侍卫抵达城门，其中一名官员笑呵呵的上前，拱手作揖道：“大都督夜抵小城，下官恭候大都督。小城不胜荣光。”朝廷将地方区域划分的很清晰，一共十三省，省内十三州，而此城便是行省内的首府州城。若这也是小城，那其他各州都不用排上号了。卫青就算不知道这些，也知道州府官员们对他算是恭敬之至了，不由微微侧目。 光火下，他的侧脸轮廓更深邃清晰了两分。他戴着乌纱官帽，额上整洁，双眉修长而清远，油黄的光泽像淬了一层脂，投映在他脸上闪闪烁烁,烁。他半低着眼帘，遮掩了眼里深浅细碎的光。身形不动时，便像是一幅没有瑕疵的油画。在半路上时，卫青便已经揣测到，大抵经理来视察的便是此人。看样子，他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更为高权重一些。大都督是掌管一朝军事生杀大权的人物。 阴景问卫青：“你家在何处？”话语一出，众官员才得知，原来马车里还有一人，就是不知是何方神圣。大都督竟要送他回家，这样的场面虽然过于招摇了些，可是对于卫青来说，并非全无好处。因为卫慈叔在外面，他要在魏家稳住老夫人靠不住，现在有外力助他一把，何乐而不为？卫青应道：“我住在东城卫府。”外面的卫慈叔端的一震，那声音有两分耳熟，而且说的东城卫府。 除了他家，还有第二个这样的地方吗？魏慈叔细想那声音，不难就想起来，像卫青的声音。他不由抬头朝马车看来，正逢殷景撩起帘子，对外吩咐去东城魏府。魏慈叔是看得真真切切，马车里和大都督坐在一起的女子，可不就是卫青？殷景带着护卫亲自把卫青送到了家门口。卫青从马车上下来，殷景坐在马车里未动。魏慈叔看向卫青的眼神万分复杂。卫青抬起头来看见了他，温和地唤一声爹。 魏慈叔点点头，语气与之前的漠不关心，甚至有一丝厌恶大不相同，像个慈父般询问：“怎么归家这么晚？去哪儿了？”魏青道：“今日开祠时不见我娘的牌位，所以出城去祭拜了我娘。”魏慈叔连忙上前朝马车一道：“小女无状，唐突了大都督，还劳烦大都督亲自送回，下官实在惭愧。”原来她是魏大人之女。随后马车掉了头，缓缓驶离了魏家门前。魏慈叔目送着马车离开。 回头来时，神色默定地看着卫青，又问：“你怎么会和大都督在一起？”卫青道：“家里马车路上颠坏了，偶遇上他，就一起回来了。今天一直到天黑都不见卫青回来，老夫人心烦，没有问起。若是卫青一夜未归，到明日徐氏反倒有话来教训，因而徐氏当然不可能派人出去找卫青。徐氏听说卫慈叔回来了，忙不迭的出门来迎，正准备把白天祠堂里发生的事添油加醋的说一番呢，没想到抬眼看见卫青，当即就尖着嗓子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不是到城外去了吗？城门早就关了，你怎么回来的？卫青看了一眼巷弄里的马车影子，悠悠道：“自是有人送回来的。”谁送你回来的？徐氏咄咄逼人，循着看去，一眼就看见还没走远的马车，顿时来信道：“是不是那车送你回来的？车里是个男人。夜黑风高，你们孤男寡女能做个什么勾当？才小小年纪就知道勾搭男人了。”那声音在安静的夜里醒耳得很。 魏慈叔生怕被还没走远的马车里的人听到，恼怒的一手肘把徐氏往门里推，推得他在门口绊了一跤，摔倒在地。徐氏抬头不可置信地望着魏慈叔。这时巷弄里的马车蓦然停了下来，那微沉悦耳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巷弄里响起，十分清朗。魏大人，魏慈叔面上一紧，连忙快步往漆黑的巷弄走去，道：“下官在。”英景半抬起车帘，道：“城外的官道烂得无法通行，朝廷是没拨钱下来修吗？” 魏慈叔连连应道：“下官谨记，一定尽快择日休憩。”英景放下了帘子，马车继续往前行驶。魏慈叔僵着动作，直到目送着马车彻底驶出了巷子，方才折身回来。回来时，魏慈叔看向徐氏，却一脸怒色，道：“口无遮拦的东西，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当心要了你的小命，你还不知道是为什么。”说罢，冷冷拂袖进了家门。夜深了，魏慈叔回来以后，还是往老夫人那里去了一趟。 徐氏没来得及向他告状的事，老夫人也要一五一十的说给他听。一来，徐氏敢在祖宗祠堂里口无遮拦的说出那些话，委实是唯恐天下不乱。原本就当年的事，魏慈叔早先就在魏青面前敷衍过去了，现在看来又让他起了疑心。二来是今日魏青的态度十分陌生而又疏冷，那股压抑感在老夫人的心里迟迟挥之不去。她只要一回想起来，就能看见魏青那清冷的过分的眼神，那根本不像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子该有的反应。 老夫人顺着胸口道：“自从卫青回来后，我这心里就不得安宁过，今日更是不踏实。我看改名还是找个由头把周家的人请过来，早早把事情商定下，让她快点嫁过去，省得一看见她就慎得慌。今日重提当年之事，还指望这老太太能有一份愧疚之心，现在看来大错特错。他们做错事的人，从不会想要去面对，他们只会想怎么去逃避，怎么把事情掩盖下来。”魏慈叔眉头半锁，道：“也好。” 老夫人看了看他，又道：“今天卫青知道他娘没进祠堂，也知道他娘葬在城外荒山了。下午的时候，他出城去祭拜，还不知作何感想。倒没听说起他现在回来了吗？”卫辞叔道：“回是回来了，只不过，只不过什么？”老夫人心一提，问：“卫辞叔看着他道，今晚他是同大都督一起回来的。前一刻，大都督还亲自将他送到家门口。”老夫人反应了一会儿，脸色变了变，大都督。 你是说京城来的大都督阴景？魏慈叔点了点头，正是。老夫人这下慌了神，道：“他怎么会和大都督在一起？那人我们绝对得罪不起。”他抓着魏慈叔的手臂，又道：“不行，先不着急，看看再说。”老夫人下定决心道：“若是卫青结识了大都督，魏家当然要重新认他这个女儿。若不是确定大都督不会为他撑腰，以后再把他嫁去周家也不迟。” 第二日，那个昏睡在路边的家仆赶了几十里路，终于狼狈地回到了魏家。一听说卫青昨晚就已经回来了，一时心里是又惧又愤。彼时卫青正坐在屋檐下，一刀一刀地雕刻他娘的牌位，他雕得十分认真，裙角边落下细碎的木屑。他雕了妙兰的牌位，虽然让徐氏很窝火，老夫人心里也相当不舒服，可给自己的亲娘安牌位，好像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无人能够阻止。 而徐氏此刻的注意力不在妙兰的牌位上，而是在新到此地的大都督身上。徐氏听说大都督送了卫青回家，便在魏琼居面前愤然说道：“他卫青算什么东西？定然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继而又眉飞色舞地道：“琼居，我与你爹说了，等有机会把大都督请到家里来，到时你好好打扮，去见一见。你爹说大都督人中龙凤，十分英俊。”魏琼居含羞带怯地点,点点头，道：“女儿知道了。” 那大都督是什么人？魏琼居虽然没见过，可是也听说过，那可是当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听说他至今也未娶妻。徐氏打的主意甚美，若是大都督看上魏琼居，那不就一步登天了吗？徐氏看着魏琼居的模样，越看越满意。魏琼居早年便和周家定下了婚约，只是他这辈子也不会嫁进周家。那大都督胜过周家独子千万倍。说来他应该感谢魏青啊，幸好魏青从乡下回来了，不然他怎么能够脱身呢？ 大都督送过卫青回府，卫琼居对自己的容貌相当有自信，他出面以后，绝对会让大都督再也想不起卫青来。卫琼九听说徐氏给卫琼居大肆置办衣裳首饰，每日都去卫子叔那里磨，大抵便知道了所谓何事。卫琼九那甜甜的笑意便变了味，在自己院中自言自语道：“周家的婚事还没搞清楚呢，这又想着另攀高枝了。全天下的好事，怎能都让他一个人占尽了？” 要不是卫青的娘出了事，以前徐氏和卫琼九的姨娘一样，也是这府里的妾室，而她和卫琼居也一样是平起平坐的。凭什么卫琼居就可以摇身一变变成了嫡女，而她从此以后要仰仗她的鼻息生活？什么东西都是她挑过以后不要的，才轮得到自己。要不是这次卫青回来，她还会代替卫琼居被嫁给周家那个吃喝嫖赌的纨绔浪荡子。没想到过了几天，大都督竟真的来了卫府。卫青对此全然置身事外。 徐氏却已命全府上下加紧张罗。今日的主角是魏琼居，关魏青什么事？就连魏琼九也没有份儿的。因而徐氏早早就下了命令，今日就是魏琼九也不得到前院正厅去。依兰虽然没有告诉魏青，但魏青多少也会听到点风声。听说今日魏琼居打扮得十分美丽，经过花园的时候，美人如玉，一路香风拂面，令人沉醉。魏青正在药房里捣鼓，又往自己兜里补了一些药物，与依兰道：“徐氏特意让魏琼居去陪大都督。” 依兰从旁道：“好像是的。自从上次的簪子事件后，依兰和卫青的关系就很疏远。依兰只尽职的做好自己的本分，卫青的吩咐她听从，徐氏的吩咐她也着量听从。她现在只想让自己得以保全。”卫青随口道：“可魏琼居不是已经与周家定亲了吗？”依兰想了想道：“亲是很早以前就定下的，现在魏大人升了官，夫人自然就在瞧不上周家。听说是想悔婚的。过河拆桥一向是魏慈叔的强项啊。” 当初魏慈叔刚来此地任职时，想必是急于立足，得了周家不少好处，才定下这门亲事。现在用不着周家了，就想一脚踢开。魏青笑笑道：“魏大人注重颜面，又要好名声，怎会明目张胆的悔婚？”依兰半晌没回答。魏青回头去看他时，见他神色有些挣扎，便道：“你不愿说就罢。”依兰以前是在徐氏和魏琼居身边伺候的，对此事当然知道些内情。后依兰还是开口道。 二小姐说的对，魏大人没有悔婚，但也不舍得大小姐这般才貌嫁去周家，可惜了，所以原打算让三小姐代嫁过去的。魏青扬了扬眉，道：“三小姐是庶，周家会同意。”依兰道：“不知道为什么，还没与周家商议这件事，也就暂搁下来了。”魏青手里的动作顿了下来，半晌，眯了眯眼。后来他挑唇笑了，眼里不见半分暖意，道：“兴许他们是有了更好的人选呢。三小姐虽是庶。” 可好歹也是个小姐，嫁给已经没有太大作用的周家，仍是觉得有点可惜了吧？卫青还记得前不久老夫人跟他保证，说要让他嫁个好人家呢。这一家人敲了好一把如意算盘。樱井到魏家时，老夫人和魏慈叔亲自到门口相迎，言行举止间不能不陪着小心。魏慈叔是靠读书考取功名的，自诩书香门第，便也只能在比自己等阶低的人面前摆摆书生傲气，在他只能仰望的人面前，这些义气骨气是不存在的。 殷景登下了车，侍卫相继步入魏家前庭。他容色淡然，抬脚跨过了魏家的漆红门槛。魏慈叔忙将他往正厅引。殷景步履有种悠然的闲态，道：“魏大人的女儿今日在家吗？”魏慈叔应道：“小女在府上，大都督请。”魏慈叔有三个女儿，殷景并没有说是哪一个。魏慈叔当然知道他指的可能是魏青，可论姿色，魏琼居长开了身子骨，最为美丽；论端庄和教养，也属她最优秀。 如若能让魏琼居代替魏青得到大都督的青睐，那才是合了一大家人的心意。所以一开始打定主意出来见客的便是魏琼居。正厅摆上午膳，落座片刻，就见厅外的花镜上娉婷婀娜的走来一名女子。那裙角柔丽，随着她走路的动作缓缓绽开，俨然一道亮眼的风景，美轮美奂。樱井靠在椅背上，看着她一步步走近。等进了厅，却是一个与魏青完全不同的女子。她很美丽大方。 香风袅袅，使得整个厅堂为之一亮。魏琼居今日身上抹了一种香，与平时不同，是徐氏传授给他的。好像男子都比较喜欢这种香。走进正厅以后，魏琼居才款款抬起美眸，看了殷景一眼。这一看，竟是双目失神，脸颊绯红。即便他脸上的神情很淡，可那双略细长的眼眸里，慈和如水。这便是传说中的大都督，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以亲近，反而是处处透着一股随和与包容。 魏琼居本以为大都督是武将，应该是刚毅冷峻的，可没想到他并没有过分刚毅，也没有过分阴柔，而是折其中。那双眼修长，轮廓果真十分英俊。这世上竟把刚柔融洽的如此天衣无缝的男子。魏慈书适时出声道：“大都督，此乃小女魏琼居。琼居，快过来见过大都督。”魏琼居回过神，小步上前，亭亭如玉，对殷景福礼。 今日徐氏生怕魏子圭出来捣乱，一早也勒令魏子圭只能在后花园里玩耍，不可到前庭来。魏子圭很郁闷，他的爹娘、奶奶和姐姐都在前庭，为什么他不可以过去？魏子圭在后花园里遇到了魏琼九，魏琼九便陪他玩耍了一阵。正听这头，在徐氏的眼神示意下，魏琼九主动执起酒壶，要给殷景斟酒。徐氏从旁热络的笑道：“大都督还请尽兴，一会儿午后犯困，可让穷居带路去厢房小憩片刻呢。” 这话说出来就有些变了味。魏慈叔和老夫人脸上有些僵硬，心里十分恼火，早不该让徐氏坐在这里，登不上台面的东西。他是打算让魏琼居一会儿陪大都督到厢房里吗？诚然，如若大都督愿意，那也不是不可。可徐氏张口就说了出来，不是自掉身价吗？魏琼居也听出徐氏话里的意思了，脸上一阵火辣辣的。可这一杯酒来没斟呢，哪想外面便响起了喧哗声。 魏慈叔和老太太、徐氏等人循声往外一看，看见魏子规正冒着日头，不管不顾地往这边跑来，顿时神色大变。厅外的家仆阻拦不及，就叫魏子规一口气跑进了膳厅里。身后魏琼九追得气喘吁吁，惊慌道：“弟弟，那里不能进，快出！”说话间，魏琼九抬眼看见了厅上坐着的那个男人，便一下呆了去，再也说不出一个字。他堪堪往那里一坐，一身黑色长服，衣襟袖角整齐到无一丝瑕疵。 头戴黑纱冠帽，那张脸清润温和，浑然天成，纵是妙笔也难以描其一二。魏琼九对上那双眼睛时，那不悲不喜的神态仿佛能润泽众生，他便也成了渺渺众生当中的一个，陷了进去。魏子规无法无天惯了，即使殷景身后站着佩刀侍卫，他也毫不放在眼里。在魏慈叔等人来不及阻止的情况下，魏子规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殷景，气冲冲道：“你休要把我姐姐带走！”魏慈叔大怒道：“混账，瞎说什么！” 来人，还不快把他带下去！平日里魏慈叔乃对魏子规发过这样大的火气，魏子规当场一下哇的就哭出来，道：“你们要把姐姐嫁给他，要带姐姐离开这里，以后我就再也见不到姐姐了。”此话一出，不仅在场的魏家人吸了口凉气，就连魏琼居也踉跄欲倒。今日大都督只是登门做客，魏慈叔和老夫人许氏纵使有那个心思，也不敢明目张胆的表现出来。能先让大都督看上魏琼居就不错了，才见一面就幻想着让大都督娶。 可是现在，魏子圭童言无忌的一句话，就彻底把他们的心思给暴露了出来。这不是舔着脸把女儿送到人前求人来娶吗？若此事传出去，魏子叔还有何颜面？魏子叔愤怒至极，刚要起身离座把魏子圭拎出去，殷景却丝毫没有不悦的样子，反倒是很大度的对魏子圭道：“我没有要娶，你可放心。”魏子圭眨巴着眼，魏子叔等人的面色则难看到了极点，而魏琼居被当场羞辱一番，脸色煞白。这羞辱他的还不是别人。 而是他的亲弟弟，他咬着唇，手里端着酒壶，轻轻颤抖，眼眶里蓄起了水雾。殷景只看了一眼他手上的酒壶，若无其事道：“不是要斟酒吗？”或许在他眼里，魏琼居只是一个陪侍。以往应酬之际，少不了这些过场。魏慈叔连忙道：“琼居，还愣着做什么？”魏琼居深吸一口气，硬是将快要夺眶而出的眼泪给逼退下去，开始给殷景斟酒。可是他没有想到，看起来这样一个平易近人的大都督。 无情起来的时候，会是所有女人的噩梦。魏琼居由于情绪不佳，手上一直在发颤，导致一杯酒没满，却先洒了出来，洒落在了英景的衣上。英景未置可否，下一刻，他身后的锦衣侍卫当即上前，拔刀出鞘，毫不客气地把魏琼居灌倒在地。魏琼居惊恐地瞪大了眼，还没意识过来，一仰身便看见两个冷面无情的侍卫手里拿着刀，那冰冷的刀刃贴在了他的脖子上，刀刃极其锋利。 割破了魏琼居的脖子，沁出丝丝嫣红的血色。老夫人和魏慈叔见状大惊，魏慈叔连忙大呼道：“小女有罪，请大都督请手下留情。”徐氏看见魏琼居颈项上的血，吓得当即尖叫了起来。而魏琼居浑身哆嗦，那股惊恐之色溢了他满脸，他梨花带雨的把阴景望着。原来大都督这么可怕。她是城里的第一美人，徐氏和老夫人曾说，以她的容貌，就是放到京里去，也是排得到前面的。 他以为他可以得大都督另眼相看，大都督待他处处随和，必然是不一样的。哪个男人不爱美人呢？可是魏琼居才发现他错了，殷景就是要他的命，也只在瞬息间。前一刻还大闹的魏子规也被吓得小脸惨白。魏琼九一直站在门口看殷景，看得失神。殷景抬了抬手指，两个侍卫便收刀松开了魏琼居，缓缓道：“我手底下的人粗鲁惯了，他们以为魏小姐洒酒是想借机近身行刺本都，看来是误会一场。” 魏慈叔满额冷汗，应道：“误会，误会。”殷锦起身扶了扶衣角，从侍卫手上接过一块金帕，把身上的酒渍擦了擦，方才抬头看向魏慈叔，眼神依然不变。魏大人有几个女儿？魏慈叔强自镇定，三个。听他这么问时，魏慈叔心下就明了，这件事终还是弄巧成拙了。整个过程，魏琼九看在眼里，像被下了定身咒一般，挪不动步子。他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他望着殷锦的眼神。 犹如望着九天灵世的神祗一般，魏琼九与魏琼居不同，他受到惊吓之余，内心里却更加燃起了一股渴望。将来谁若是成为他心爱的女人，便是和他一起站在高处睥睨众生，这样的男子才是世间的独一无二。他也是魏慈叔的女儿，他多希望他可以看他一眼，一眼就好。只听英景问，方才可能是我说的不够清楚，那晚本都亲自送回的那个呢，叫魏青，他在家吗？绕来绕去。 他要见的终于还是卫青，卫慈叔和老夫人心境比之前还要复杂。徐氏搂着地上的魏琼居，更是恨得想把卫青扒皮拆骨。卫慈叔应道：“在的，下官这就派人把他带来。”殷景抬脚往厅外走去，出门时阳光下他微眯着双眼。本都亲自去。从魏琼九身边走过时，空气里进了他身上若有若无的檀香，让魏琼九魂不守舍。他还是连看也不会多看他一眼。魏琼九侧身看着他背影，黑袍玉带。 英朗挺拔，在前所未有的腾起一股渴望以后，又被浓浓的失落所替代。魏慈叔反应过来，连忙派人去带路。这会儿，卫青还在府中的药库内，他捣弄起药材来，兴致浓厚时几乎是废寝忘食的。药材不同，成效不一。以前卫青多接触西药比较多，但他对中药也不陌生，只不过要把中药配成药片方便携带，成分需要仔细掂量。卫青常备的便是金疮药、解毒药和内服疗伤药，当然也少不了一些防身的药物。 上次给那些侍卫用了不少，所以需要补给。身后响起开门声和脚步声，依兰在这药房里待不住，这里各种存放的药材药气浓重，对于不懂医理的人来说，还不如普通的熏香好闻。因而依兰一会儿进一会儿出，卫青手里冲着药，清淡道：“你若嫌这里不好待，可以先回去，不用在这里等我。”依兰没应他，卫青便也没再多言。外面阳光正好，药房里窗明几净，药香浓郁。 他冲好了药，碰着石罐子便转身欲去添其他的药材，却不料将将一转身，便有一道修长的身影笼罩下来，就立在他身前。卫青是猝不及防，几乎贴进他怀里，手里的药石罐子抱不稳，险些从手里脱落，里面冲气的药粉些许地洒了出来。一只手伸来，好心地帮他扶了扶，才不至于让那石罐子落在地上砸到他的脚。卫青这才在浓郁的药香中闻到了他身上极淡的檀香气，心里怔了怔。 一抬头，冷不防又撞进了那双深不见底的眼里。阴景低着头看他，那神情当真如悲天悯人的佛陀。卫青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退，可他身后又是暗机，那暗机的边缘正抵在他的后腰上，只离身前的阴井咫尺。在阴景出现在这里之前，卫青从不觉得这药房拥挤，可此时此刻，连呼吸都有种紧迫的味道。他略微往暗机上仰了仰，拉开一些两人的距离，不动声色道：“大都督怎地到这里来了？” 此时不是应该在善厅用膳吗？魏慈叔一心想把魏琼居往这大都督怀里推。那天晚上，魏青虽然只与他待过短短几个时辰，可他多少知道，这个人他现在还惹不起，更不要说魏琼居了。他浑身上下哪点看起来像是个能被美色所惑的人？当然，魏青更不认为他现在是想要亲近自己，所以才觉得紧迫。魏青，应景唤他的名字，那嗓音干净如清泉，泛着泉水应有的清冽，真真像是魔咒。 卫青一顿，他没有告诉过他自己的名字。卫慈叔一心想要卫琼居上位，应该不可能会在他面前提起自己。那他已经调查过他了。卫青心里微凛，面上却依然平和，道：“怎的？殷景垂着眼看他，语气一如既往，像是寒暄：“你才从龙乡回来不久，是吗？”果然是调查过他了。龙乡就是之前他待的那个乡下。卫青无法隐瞒，缓缓点了点头，斟酌着说道：“大都督有何指教？”阴景道。 听说龙香进过一个外来男子，被人藏养在家中。他说这话时，眼神落在卫青的脸上，仿佛一丝神色变化，在他眼下都无所遁形。他问他，人是你救的？卫青不知道他救的那个男子究竟是何人，可是，在今时今日看来，终究还是麻烦找上门来了。穿越前的卫青在部队里面，好歹也经过了特殊训练，在对方与你进行心理战时，不管听到什么，心里怎么想，都不必要呈现在脸上，让对方读个清清楚楚。此时卫青就是如此。 尽管他心如擂鼓，面上却平平淡淡。卫青道：“龙乡时常有外来人口流动，不知大都督说的是哪一个？”案几上放着一杯卫青喝过一半的茶，殷景伸手绕过他的肩膀，仿若把他半拥在怀里一般。卫青极不适应，却见他手指往茶杯里蘸了蘸，然后往台面上描了一个轮廓。很奇怪，明明他描的十分简单，可那线条之间彰显出来的神韵，却让卫青一眼就认了出来。果真是他救过的那个妖孽。殷景在他耳边问。 见过吗？卫青盯着那水印轮廓，垂着的眼帘里神色变幻不定。片刻后，他道：“大都督见谅，我好像实在认不出这是何人。”殷井却道：“龙乡里会医术的就你一人，他往何处去了？原来他是来向自己追问那人的行踪的。只是卫青不确定他在追问行踪的同时，会不会追究他救人之过。这种事打死也不能认，否则认了就有可能被打死。”卫青对上殷井的眼神，面不改色道。 我真的不知道，我没见过他，更没有救过他。他眼神清透明净，丝毫不见半分心虚之色。对视片刻，英锦才移了移身，将两人的距离拉开。卫青不得不承认，这一丝一缕包容上来的气场，委实强大。英锦往后移了两步，他才感觉到有新鲜空气重新流淌进他的胸膛里。英锦道：“他可能真是长了翅膀飞走了。”卫青无言以答，可心里如明镜似的，他既然去查了，该知道的必然已经知道了。 只是卫青真的不清楚那个男子的去向，他应该相信他和那男子并无交集，就算出手救过他，那也是偶然。卫青不想惹更多的麻烦，只能矢口否认，最好不要和那男子再扯上一丁点的关系。可是就在阴景转身离去时，卫青心里一动，终究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句：“不知他叫什么名字，与大都督是何关系？下次我若有幸见到，定第一个告知大都督。” 英锦脚下停了停，回头看来，黑袍杀官整洁到一丝不苟，衬得那张脸极其清朗干净。他道：“他叫苏玉，与我的关系……”他思忖了一下，是好兄弟，我找他找的正辛苦。卫青莫名的抽了抽嘴角，道：“那我帮大都督留意着。”原来那人叫苏玉。最后，他还是从别人口中知道了他的名字。竟与大都督是好兄弟吗？卫青不由好笑。看这样子，大都督分明是到处找他，想要做了他的。 居然好意思脸不红心不跳的说他们是好兄弟，卫青脸下神色，目送阴景离开。他走出药房，背影在门框里，真真是身长玉立，英挺无双。随着他一走，两名锦衣侍卫也跟着离去。卫青一眼就看见伊兰正瑟瑟的站在药房门外边。后来卫青才知道，卫慈叔精心布置的一场饭局，结果不欢而散。卫子圭中途出现捣乱不说，卫琼居还险些被锦衣侍卫给割了喉咙。 魏慈叔一心想把魏琼居给送上门，这下子泡汤了。今日大都督亲自来找魏青，使得魏慈叔和老夫人对魏青的态度大为改观。不管他们心里愿不愿意，都不得不重新审视魏青的价值。也是从魏慈叔的口中，魏青才得以真正的了解这位大都督一两分。殷都督掌管朝廷几十万大军，确实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仅如此，他还手握金鸡场卫、东厂和锦衣卫，都在其手。 充当皇帝耳目的锦衣卫，包人皮、拆人骨、剐人肉，对于他们来说就像小孩过家家。朝野上下有多少人想要攀附权势，就有多少人对他闻风丧胆。因而，放眼朝野内外，想要取他性命的人不在少数。如此，卫青才能在和他一起进城的那一段不算远的路程中，就遭遇了一场刺杀。而他身边的那些佩刀侍卫，一个个百里挑一，正是他手底下的锦衣卫。殷都督，大名殷景，真是响当当的。 魏琼居从小到大还没受过这样的屈辱跟惊吓，他的脖梗已经敷药包扎起来了，人躺在床上浑浑噩噩的，也病了两日。魏琼九来看他，十分愧疚，抓着他的手说道：“大姐姐，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看好弟弟，才让他跑到了前厅去。”若说魏琼居一开始见到殷景，觉得他英俊，动了芳心，可事后他是一点点念头都不敢再有了。魏琼九看着他的神色，又道：“没想到大都督是这样残忍可怕的一个人，竟舍得对大姐姐下手。” 现在及时发现了也未尝不好，若是以后到了大都督身边才发现，就再难挽回了。魏琼居深以为然，之前他还怪罪魏子圭莽撞失言，现在却是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因而他不怪魏子圭，也不怪魏琼九。但是安于富贵现状的人不喜欢这种惊心动魄，而身处窘迫夹缝之地，急于想改变的人却如痴如醉。魏琼九道：“姐姐貌美如花，大都督还如此心狠手辣，可二姐她，她还不如大姐姐。” 不知大都督为何却对他那么好，还亲自去药库看他。这时徐氏走进来，恨恨啐道：“还能为什么？跟他娘一样，贱种，狐狸精，竟知道勾搭男人。魏穷”魏琼九见状，悻悻不敢再多言。徐氏虽然也很懊恼魏子圭突然闯进来，但他怎么可能承认是自己儿子坏了好事？事情的祸根归根结底还是在魏青身上。正是由于大都督对魏青好，才会对他女儿这么狠。 能得大都督青睐是多大的荣耀！这本应该是属于魏琼居这个嫡女的，没想到却被一个乡下来的小贱人给占了去。徐氏怎能咽得下这口气？魏琼居耿耿于怀。魏子规闯进厅堂时说的那番话，到底是谁教给他的？大都督才第一次登门，还没影儿的事，怎能满口胡说？魏琼居要嫁给大都督，让人以为他一心想飞上枝头变凤凰，这不是平白惹大都督厌烦吗？当日在花园里玩耍的。 除了魏子规和魏琼九，陪同的便只有魏子规身边的丫鬟了。那丫鬟当然会给魏子规往好的方面说，比如以后魏琼居真要嫁给了大都督，魏家都会跟着沾光云云。可不知怎么的，话题就被带到了魏子规以后再也见不到魏琼居这方面去了。当时魏子规往前跑，丫鬟正要去追，魏琼九便紧张道：“前厅你不能去，若是祖母和母亲看见了，非打死你不可。还是我去追吧。”哪想最后魏琼九也没能追上，还是让魏子规跑了进去。 那丫鬟无从辩驳，闹出了这么大的祸事，最终被徐氏给打死。这几日，老夫人对卫青关怀备至，不仅送了好些新衣裳、首饰，还命厨房改善他的膳食。卫青把他娘的灵位安放在风小院里，每日上香。老夫人知道了，和卫慈叔一商议，决定将缪兰的灵位移回到魏家祠堂里供奉。老夫人亲切的拉着卫青的手，唏嘘着说：“青丫头，不是祖母和你爹忘恩负义，这么多年，祖母心里又何尝好受？” 当初你娘选择用那种方式，不愿连累魏家，可你爹那时还是被贬迁至此地，还没立足，连片林地都没有，如何好好安葬你娘？若要是让朝廷知道了，魏家上下还要受更重的牵连啊！卫青勾着嘴角笑笑道：“祖母说的非常有理。”老夫人又道：“现在风头过去了，当年妙家之祸，朝廷也不再追究了。我和你爹本打算这个好时候将你娘迁回来的，现在你娘的牌位在此，不如开祠一到祠堂里去吧。”卫青道。 祖母，你忘了，我娘早已不是魏家的人了。当年她不是已经被爹给修逐了吗？如今外人身份哪还能进魏家祠堂啊？老夫人面色变了变，魏青平静地看着她，道：“所以她现在只是我娘，可不是魏家的媳妇，还是留在我院里比较妥当。”老夫人小声斥责：“青丫头，这说的是什么话？当年你爹那么做也只是权宜之计。祖母还是请回吧。这会儿真要是让把我娘接去祠堂，回头发现竟是白忙活一场，恐怕又得把我娘赶出来，我娘生前不得安宁。” 难道祖母还要让他死后也不得安宁吗？卫青说的平淡而不容辩驳。老夫人心思急转，对于卫青如此冥顽不灵，兜着一股气，却又拿他无可奈何，最终嗫嚅着嘴角忍下了。她回味着卫青话里的内容，什么叫白忙活一场？不过真要是白忙活一场，那现在把妙兰接回祠堂，会不会太早了一点？到时候这丫头没起什么作用，她娘在祠堂里受供奉，反倒让人膈应。于是老夫人没再劝，带着嬷嬷回了自己院里。 回头他一定要叫魏慈叔去大都督那里探探虚实才好。老夫人走后，依兰看了看魏青云淡风轻的样子，不由道：“眼下好不容易老夫人和魏大人开始重视起二小姐了，二小姐为何还那般提点老夫人？”魏青眯着眼，不置可否。他和大都督没关系，那是迟早要让魏慈叔知道的事。大都督这棵大树，魏青自认为高攀不起，更不可在树荫底下长久歇凉。魏琼居的例子还不够吗？看来还要早做准备才是。 卫青扶了扶裙角，看向依兰道：“今日上街去吗？”这还是卫青自打回来第一次要出门上街去。卫家对他的态度正摇摆不定，自然不可能这个时候拦他，还给他多派了一个小厮跟着。说白了就是监视他。街上人多，卫青一上街便给了小厮碎银子，让他去买酸梅汤解暑。卫青眯着眼站在人群里，看着小厮往卖酸梅汤的摊铺挤去，不由感慨：“那妖孽，哦不，苏玉给他的钱总算是派上用场了呀。” 随后，卫青带着依兰便转身往另一方向走。依兰问：“二小姐上街来是想买什么呢？”卫青什么也不想买，他只是想熟悉一下这城中的情况，顺便了解一下周家。当初能与魏琼居定亲的周家，绝不是小门小户，相反，而是城里数一数二的大户。只不过，周家是靠做生意积累到今日的家财的。最初，城里八成都是周家的生意。魏慈叔刚到此地时没有根基，需要周家的钱财资助。 因而才定下了周家独子与魏琼居的亲事，不光魏家从中捞到了不少好处，就连徐氏的娘家也是获利颇丰的。徐氏娘家大哥本来是做马队营生的，东奔西跑基本糊口。自从徐氏进魏家以后，便也跟着安家落户，稳定下来。徐家通过帮周家的货物运输自各个地方，后来渐渐发展壮大，开始和周家抢生意。周家对此颇有不满，徐家却说反正以后两家也是一家，实际上丝毫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如今周徐两家对着门做生意，魏琼居已经到了世嫁之龄，周家希望尽快完婚，而魏慈叔急重自己的声誉，不想担个忘恩负义的名头，婚事最终敲定在明年年初。可是眼下魏慈叔已经不再用的上周家，徐家也已经扎稳脚跟，发展壮大了，他万不会这个时候再把魏琼居嫁进周家去，所以这个时候魏青被接回来了。可若是周家知道嫡女换弃女，定然不会同意。 为了让周家同意，就不得不用点龌龊、见不得人的手段。卫青知道这一项是卫慈叔和徐氏的强项。卫青在周家布庄大门侧边站了片刻，身边的依兰问道：“二小姐是打算去告诉周家人，魏大人不打算把大小姐嫁过去吗？”卫青看了他一眼，道：“撕破了脸多不好看，大家都要面子的。只要面子还在，里子随便搞搞，烂了臭了也没所谓。”随后，卫青就带着依兰离开了。正要打道回府。 不想在经过街边榜台时，看见那边围了不少的百姓，那榜文才被贴上去不久。卫青堪堪路过，听到有人指着榜文上的内容说什么招医，卫青脚下一顿，便转头走过去看一眼。这是衙门放的榜，要招江湖名医治病，能治好的重重有赏。但榜文上也没说病的是何人，想来能让官府隆重放榜招医的，必是官家贵人。卫青没动，只在旁静静等候，全当是和别人一样看热闹了。过了两刻不到。 就有人来接榜了。随后，旁边的侍卫把接榜之人带上马车，驶离此地。幸好街上人多，马车行驶缓慢，以卫青的脚程能够远远地跟上。待转进巷子，卫青站在巷弄口，看着那马车在府门前停下，侍卫带着接榜人走了进去。依兰气喘吁吁地追上来时，卫青正不紧不慢地从巷弄口里走出来，随便逢着个人一问，原来这巷子里的这户人家是行省都指挥使蔡征的家。都指挥使与布政使是平级。 便是掌管军政的地方首脑，只是不知病的是都指挥使还是他家里的人。城里大夫这么多，都指挥使又不是请不起，若是能治好，也不用特地放榜招医了。恐怕这病一时半会儿还好不了。卫青回府，最后什么东西也没买，两手空空的回来。后来老夫人问起一同跟去的家仆，卫青上街都干什么去了，去了哪些地方，结果家仆一问三不知。 不想回到风小院，卫青前脚刚一踏进院门，就有一股浓浓的香火味从房间里飘了出来。卫青喜怒不变，可身上却时时的透着一股阴沉的气息，幽冷又慑人。门前守着一个丫鬟，是徐氏新指派在卫子规身边照顾的。那丫鬟抬眼看见卫青和依兰回来了，面色一慌，当即转身就要进房去通风报信。结果卫青直直盯着那扇门，却先一步道：“依兰，请你的同事去喝杯茶休息休息，站久了他累了。” 又到了该依兰选择的时候，吃一堑长一智，这一次她应该怎么选才能保自己安然无恙？依兰心下沉了沉，在自己还没得到答案的时候，她的双腿已经挪着向前，把门前守着的丫鬟拉开了。那丫鬟正想开口大叫，卫青从依兰身旁走过，随手丢给依兰一包药粉，然后登上门前的几节台阶，风轻云淡道：“我不想听见他的声音，若是硬要出声，把这药给他灌下去，弄哑了他，出事我负责。”依兰应道：“好。” 丫鬟脸色煞白，吓得噤声。卫青手放在了门扉上，若无其事的推门进去，声音轻柔至极，还不带下去。那浓重的香火气息就是从房里飘散出来的。当卫青推开门进去的时候，看见房里乌烟瘴气。之前他在靠墙边做了一个灵龛，专门用来安放他娘的牌位的。可是他所看见的却是灵龛塌了，上面他娘的牌位也摔到了地上，地上到处都是燃烧着的香火。 卫子规偏偏喜欢玩火，将所有的香烛都拿来点燃。此刻他正蹲在地上，脚下踩着的是卫青亲手刻的他娘的牌位。卫子规听到动静，抬起头来看见了卫青，即使被抓的当场，他也毫不心虚，反正都已经被发现了，不如破坏到底。卫子规不仅好了伤疤忘了疼，还肆无忌惮惯了，看不懂卫青阴沉的面色下是何种含义，反而理直气壮，将手里的一把燃着的香烛往脚下的牌位处去，留下一道道黑色的灼痕。 他好像在做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边道：“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卫青轻声的问他：“你在干什么？”卫子规这两天耳朵里听的都是徐氏在骂卫青的污言秽语，大抵知道他姐姐受伤都是因为卫青，因而卫子规十分生气，他要给他一点厉害尝尝。还有之前的仇，他要一起报。卫子规说道：“我娘说你娘肮脏，你还敢在屋子里藏着他的牌位，这种东西放在家里会很晦气的。我正给你烧了它。”卫子规把燃香撒得满地都是。 站起来，当着卫青的面，他又跳脚往牌位上连跺几脚，道：“烧不烂，我给你踩烂它。”孩子的劣根性在卫子规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就是要破坏，就是要把卫青在乎的东西全部毁掉。他其实知道卫青是很在意这块死人的牌位的，所以当着他的面踩烂他的东西时，心里很爽。只是下一刻，卫子规面前就立了一道比他高的人影，他仰着脑袋就看见了卫青的脸。卫青低着眼帘，一悠悠看着他。 卫子规，我不想与你一般见识，但是现在我想弄死你。你知道弄死你是什么意思吗？卫青一边轻柔地说着，一边弯身不费力气地挽起他的领子，就将他从地上拎起，在了半空中。卫子规挣扎着踢腿，下一刻便被卫青猛地一挥手，往一边的墙壁上掷去，就像这样。卫子规哪里受到过这样的冲击，身子摔在墙壁上时，感觉胸口都震得疼痛。他小脸煞白，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就想逃，卫青却一步挡在了他的面前。 还有这样，他弯下身来，没有情绪的眼眸里倒映着魏子规恐慌的表情。他有力的瘦削的手捏住了他的脖子，再将他扼着拎起，抵在了墙壁上。那手背上的经络十分明显，收紧手指时，可感受到魏子规的脉搏在他指尖上跳动。魏子规双腿乱蹬，极度的恐惧之色终于爬上他的小脸，那张小脸涨得通红，张着口却发不出丝毫的声音。只要魏青不松手，他便会在他的手上慢慢的窒息而亡。 卫青直勾勾地盯着他痛苦的样子，甚至想，只要他再一用力，就能拧断他的脖子，杀了他多好，杀了他一了百了。估计徐氏得疯吧，为此，叔的痛不欲生吧。他们让他尝到了丧母之痛，他也应该让他们尝尝丧子之痛。可终究，他还是皱着眉，极力遏制着那股冲动，控制着手上的力道。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头冲动的魔鬼，谁也不例外。只是有的人轻易地把魔鬼放出心牢，有的人却按捺着，把他锁在里面。 卫青选择了后者，在卫子规快窒息时，卫青与他道：“要考虑一下，向我娘磕头道歉吗？”卫子规无法回答他，泪水一下漫上来，止都止不住。卫青不急不忙道：“同意就眨一下眼，不同意就给我等死。”卫子规在他话一说完，就用力的眨眼，哪想卫青一松开他，他还是想跑。卫青抬脚往他膝上一踢，他便跪到了地上去，磕头。卫子规犟着脖子不肯磕。 卫青手扶上卫子规的后脑，面不改色，硬是压着他的脑袋往地上重重磕去，咚的一声，卫子规被强摁趴在地上，面对卫青娘的灵位，害怕的哇哇大哭。卫青知道就这点出息，道歉要我教你？最终卫子规抗不过卫青，硬是对着那块牌位尖声大叫道：“对不起。”卫青便一边按着他的头，一边跟他讲道理道：“卫子规，你也有娘，与我不同的是你娘还活着，不光如此，你有姐姐，有父亲。” 还有祖母，个个都疼你爱你，你简直拥有了全世界。和你比起来，我一无所有。你说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下次再和我斗时，动动脑子想一下，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毕竟你可以付出的实在太多了。魏子规在他手上就像一头小蛮牛，直往旁边奔。他手张牙舞爪的乱抓，抓住了卫青的手腕，就狠狠使劲往他手上抓呢，哭着说：“我一定要杀了、啊、你。”卫青无动于衷，风轻云淡的挑眉道：“小小年纪力气这么重。” 算了，以你现在的智商，太深奥的道理你也不懂。我们还是按照未成年的方式来解决吧。他温和地道：“今日之事是你我之间的秘密，你既已跪地磕头，我替你守口如瓶，不让你丢面子。上次那条大花蛇还记得吗？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了，晚上我保证会让他钻进你的被窝里，与你相亲相爱，缠缠绵绵，好吗？”魏子规瑟瑟缩缩的，卫青最终放开了他，他连滚带爬的就跑了出去。魏子规一走，依兰自然就放了他身边的那个丫鬟。依兰走到屋门前一看。 见满屋子狼藉，卫青正蹲在地上捧起他娘的牌位，脑后的发丝从肩上垂下，遮挡住了他的侧脸，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只看见他默默地拂掉了牌位上的香灰。随后，卫青把灵龛重新弄好，又将牌位放回了灵龛上。满屋子香灰还冒着烟，依兰进来推开窗户，正要帮忙打扫，这时徐氏派人过来请依兰过去一趟。依兰面有恐慌之色，求助的抬眼看向卫青。卫子规前脚才刚走。 不可能这么快传到徐氏耳朵里去，因而徐氏找他很有可能是为了今天卫青出府一事。卫青背对着依兰，压根看也不看，整理牌位，一句话也没说。他仿佛在等着依兰主动开口。可最终，依兰咬了咬唇，开口只道：“二小姐，奴婢去去就来。”到了徐氏跟前，还没说上几句话，就先来一顿毒打。果不其然，徐氏是要盘问他今日卫青出府都干了些什么。依兰咬紧牙关挨打。 口中漫开一股心甜，道：“二小姐在城里瞎逛了一阵，说是要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大半个时辰过去了，依兰被带回了风小院，还是魏琼居带着丫鬟亲自把依兰送回来的。彼时一进门，魏青已经把房间里清理了大半，正将香烛火灰扫拢堆在一处，而桌上案上到处都是黑色的点点灼痕。魏琼居的丫鬟把依兰往屋子里一撇，依兰就毫无还手之力的跌在了地上。魏青站在灵龛前上了一炷香。 才不紧不慢的转过身，看了一眼地上的依兰，又看向魏琼居，笑了笑道：“大姐姐怎的有空过来？”依兰伤得不轻，和上次一样，徐氏虽然留了他的手脚做事，但那张脸被打得没法看。卫青一边问着，一边一步过去，风轻云淡的弯身把依兰扶起。依兰抽着气，就在卫青还肯伸手拉他一把的时候，泪便泛湿了眼眶。他受够了，徐氏和魏琼居派他到卫青身边来伺候。 可是不管他做的好还是不好，他们都会把对卫青的怒气撒在他的身上。丫鬟是命贱，可他在卫青面前时，起码还是个人。他借着卫青的手臂起身之际，低声咬牙，只与卫青一人颤颤道：“这一次，奴婢想试试看，奴婢选择站在二小姐身边。”卫琼居高贵的瞥了依兰一眼，道：“依兰冒犯了夫人，这也只是给她一点小小的惩戒。”卫青道：“那不知依兰到底是夫人那边的人，还是我这边的人？如若是夫人那边的，大姐姐可把她遣回去。” 如若我是这边的，他嘴角的弧度微微挑起，十分温和，哪轮得着旁人动手？魏琼居看着魏青那张脸，还有些清瘦，模样也没有彻底长开。可是谁也不知，等他到了十五岁的时候，又是一番什么模样。魏青的娘妙兰，不仅仅曾是京中数一数二的贵女，她还曾是京里的第一美人。那日大都督的锦衣卫拿刀架在魏琼居的脖子上，而大都督却亲自去找魏青。魏琼居又恨又嫉妒，本应该是属于他的风光，却全被魏青给抢走了。 虽然现在给他，他也不敢再要，可他要不起的东西，也休想别人要得起。如若是可以，魏琼居真想放下自己的身份和一度，也把魏青的这张脸长乖成依兰那样高肿的猪头。魏琼居被卫青的态度气得发抖，却不得不深吸一口气，强自忍了下来，冷声道：“我来不是与你争论这个的。之前子规哭着跑回去，我问过下人，说是从你的院里跑出去的。你欺负子规了？”卫青随手抹挲了一下眉头，漫不经心道：“向来都是弟弟欺负别人。” 别人哪能欺负他呀？魏琼居道：“那他额头上怎么有一个大包呢？这夏天蚊子毒，说不定是被蚊子咬的呢。”魏琼居扫视了一眼这屋子里的光景，虽然整理过了，可以能想象之前是怎么一副凌乱的场面。魏琼居大度道：“子规还只是个孩子，在我那里时也成天到处捣乱，难不成还要为难一个孩子吗？若是子规来你院里做一些孩子心性的事，是可以理解的吧？他也只是想多与你亲近，可是你却让他额头起了一个大包。” 你说是蚊子咬的，那就去祖母面前，让祖母看看到底是怎么弄的。原来魏子圭闯他房间，踩他王母灵位，不敬仙人王者，在魏琼居看来只是孩子心性。真要让老太太看，即便是蚊子咬的，这蚊子也是出自魏青的院里，那就是魏青的不对。魏琼居一眼就看见了那灵龛里的牌位，有些厌恶之色，又道：“我说怎么一进来烟雾缭绕的，原来二妹是在自个房里设了牌位，且看这周遭的烧痕，这样怎么能行？” 若是一不小心着火了怎么办？卫青道：“这个就不劳大姐姐费心了。”魏琼居道：“我也是担忧府里的安全，真要着火了，大家都会受到牵连。这灵位是万不能设在这里了。”说，这就吩咐丫鬟去把东西搬走。魏琼居此话一落，他身边的两个丫鬟就要上前去把卫青安放起来的灵龛给拆了，把牌位拿走，就是一根香烛也不会留下。徐氏因为这样一块牌位骂骂咧咧了好几日。 他虽然看不见，可这牌位的存在就像一根心头刺，时不时的扎一下。魏琼居现在借着由头过来，把牌位拿走去销毁，也就如了徐氏的意。当然，魏琼居也是万分不想家里设有这样一块牌位的。当初他年纪小，却还记得妙兰做魏家的主母时，他和徐氏还不得进家门，一直被养在外宅。若不是妙兰，他从一出生开始就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所以一涉及妙兰，魏琼居就会想起自己在外宅时的那些日子。 现在妙兰死了这么多年了，还要留块牌位在她和徐氏面前碍眼吗？想都别想！于是两个丫鬟麻溜的上前，一脸得势的绕开卫青，就走去灵龛旁，拿起了牌位，拆了灵龛，连香炉都要一并带走。这些东西一旦带出风小院，肯定立马就要被拿去厨房当柴火烧了。卫青不置可否的眯了眯眼，然后不紧不慢的抬起双手，开始捏自己的手指骨，捏得啪啪作响。之间，卫青抬脚就朝落单的卫琼居走去。 道夏天火气重，大家都想发泄一下，你也是可以理解的吧？魏琼居脸色变了变，道：“卫青，我是为了你好。天干物燥，明火易燃，真要是烧起来了，你担待得起吗？”卫青置若罔闻，歪头活动了一下脖子，又发出骨骼声响，转眼间就站在了魏琼居面前，头也不回的问依兰：“他们先打的哪边脸？左边还是右边？”依兰愣了愣，一时回答不上来。算了，左边右边都一样。魏琼居脸上闪过一丝惊慌。 道你想干什么？话音刚一落，只见卫青扭了扭手腕，伸展五指，然后挥手就往魏琼居的脸上扇了去，云淡风轻的自语道：“一时手痒，我能有什么办法？”那一巴掌力道委实够大，魏琼居当即惊叫一声，身体就往一边踉跄跌倒，正如方才依兰跌进来一般，毫无美感可言。魏琼居发髻都给抽散了，发丝凌乱的捂着脸，抬起头来时又愤恨又震惊的盯着卫青：“你敢动手打我？”那两个丫鬟直接给惊呆了。 忘记了反应，卫青甩了甩手掌，手指点着自己的侧脸，一本正经道：“方才我看见有只蚊子在大姐姐的脸上，我若是不及时出手，说不定又得像弟弟那样脸上起一个大包呢。”两个丫鬟手一松，丢了东西，就连忙跑来搀扶卫琼居。卫青眼疾手快，及时侧身接住了他娘的牌位。卫琼居慢吞吞地从地上起来，美眸含泪，还从来没人敢这样打他，他手指也捂不住那脸上清晰可见的五指印。 魏琼居指着魏青，咬牙切齿道：“我好言相劝，你却以下犯上。魏青，你给我等着！”说罢，他凌乱的转身离开，边走边哭。一出院门，就直奔老夫人那处。魏青不慌不忙的把牌位放回原处。依兰目瞪口呆，后才回神，惊疑不定道：“二小姐，这次你闯大祸了。”魏青侧身看他，若无其事道：“方才真有蚊子。”依兰惊惧的脸上不受控制的抽了抽。不得不说，那一巴掌看得他好爽。 很快，老夫人那边的嬷嬷就冷颜厉色的出现，请卫青去一趟。卫青扶了扶衣角，淡然的随他们而去。彼时老夫人坐在屋正手，手里杵着拐杖，卫琼居伏在她膝上，哭得肝肠寸断，梨花带雨，更加衬得那雪白的脸蛋上的指痕印十分明显。徐氏脾气急，卫琼居特意不让去通知徐氏，因而他才没有来，否则他那急性子，说不定还要坏事。老夫人气得快吐血。 他原以为卫青是个懂规矩的，却没想到胆敢掌管卫家的狄大小姐，嚣张叛逆到如此地步。卫琼居还道祖母子规他也受了欺负，额头上起了好大一个包，我正是心疼子规，才过去问一问二妹的，哪想二妹竟如此。祖母不信，把子规叫来看一看就明白了。一听说子规不好，那还得了？老夫人心肝颤疼的，赶紧又叫人去请卫子规。卫青到来时，堂上藤条都已经备好了。这次就是卫子叔不打他，老夫人也要下手打他。 连日以来的郁气全都堆积在一处，正等着彻底发泄呢。正好魏慈叔也回来了，听说大家都聚集在老夫人那处，连忙过来一看究竟。结果看见魏琼居脸上的巴掌印，又看见魏子规额头上的青包，魏慈叔深吸口气，连骂两声孽女。魏青不紧不慢地撩着衣角，笔直的跪下，道：“我岂敢对大姐姐不敬，又岂敢欺负子规弟弟？是因为院里的蚊子真的很歹毒，我和依兰就常常被叮咬，导致身上起包。” 子规弟弟皮肤嫩，起包很正常。老夫人长吁短叹地揉着卫子规的额头，以他过来人的经验斥骂道：“满口胡言，这分明是在哪里磕的？卫青，你老实交代，到底怎么弄的？”卫子规少了平时的气焰，乖乖的窝在老夫人的怀里。卫青一脸认真道：“既然我说了，祖母不信，可问子规弟弟。”老夫人便捧着卫子规的小脸，心疼的问：“孙子，你说句话呀，是不是他欺负你？祖母给你出气好不好？” 魏子规正要开口，便看见魏清正半抬着眼，悠悠的盯着他。魏清也问：“是蚊子咬的吗？”魏子规颤了颤，良久才惊恐的嗫嚅出口：“是，是蚊子咬的。”此话一出，堂上的人都不可置信。按照以前魏子规的脾气，就算是蚊子咬的包，也恨不得说成是别人弄的呀。魏琼居道：“子规，你不要怕，有什么就说出来，祖母和爹会为你做主的。”魏子规不敢再看魏清，埋头道：“真的是蚊子咬的。” 堂上静默了片刻，老夫人缓了缓气，又怒声斥问：“即便如此，你动手打穷居，也不得不罚。”卫青伸起手掌给大家看，道：“我也不是故意打大姐姐的，她脸上有只蚊子，当时我若不打，肯定也会和子规弟弟一样起个包了。你们看，我手上还有死蚊子和蚊子血呢。”众人，卫慈叔虽是满脸怒色，可终归今时不同往日，念及大都督与卫青的关系，还不至于对卫青动家法。但老夫人却忍无可忍，道。 即便如此，你只出声提醒琼居便是了，哪里用得着对他动手？我看你分明是借机发挥，如此心狠手辣，目无尊卑，我看以后还无法无天了。今日我非得让你尝尝记性。说着，老夫人拿着藤条就起身离座，朝卫青走来，要打他。她站在卫青面前，扬起手中藤条。那时卫青缓缓抬起头来，目光温和中自透着一股凛冽。卫青勾起嘴角，对他笑了笑，道：“祖母不用再去确认一下。” 我与大都督的关系吗？这样会不会太着急了呢？他那从容的笑意和坦然的神情，硬是逼得老夫人手里动作一顿。上午老夫人才想把妙兰的灵位安进祠堂时，卫青一番似是而非的话，让他怀疑卫青和大都督并没有太深的交情，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去试探。眼下卫青这样一说，他心里就又不确定了。魏琼居凄凄楚楚地哭着唤道：“祖母，你不为孙女做主了吗？”魏慈叔心里一紧，见老夫人下不来台，便冷冷道。 卫青虽然打了穷居，但也是出于一片好意。若他真有不轨之心，还是等查清楚以后再做定夺吧。到时候定不轻饶。他哪里是要查清楚卫青的不轨之心，他是要查清楚卫青和大都督的关系，再思量着来。最后，卫青安然无恙地从堂上走了出来。依兰肿着脸，默默地跟在他身后。等走出了老夫人的院落，天已经黑了。依兰终于忍不住，嘴角带伤，含糊地问：“二小姐真的与大都督关系匪浅吗？毕竟上次她是亲眼所见。” 大都督到药房去找卫青，卫青揉了揉额头，嘘了一口气，道：“别提，提起这个我就有点偏头痛。”依兰，上午时他还想撇清和大都督的关系，可下午就不得不又把他拽了回来。虽然只是一时的，可不得不承认，大都督这张牌真的是很好用啊。但那种人是白白给你用的吗？但愿为家人去试探的时候，不要当着他的面恬不知耻的说什么卫青承认和你关系很好之类的话。当晚回去后。 卫青给依兰的脸上敷了药，敷上去凉晶晶的，依兰才觉得好受了些。依兰知道自己这次的选择对了，她若有所思道：“二小姐今日长乖，大小姐是在帮奴婢报仇吗？”卫青挑了挑眉道：“说了，是在打蚊子。”依兰抿着嘴低低笑了起来，罢后又认真道：“今日夫人叫奴婢过去盘问二小姐的行踪。”嗯。卫青反应平淡，依兰又补充道：“奴婢什么也没说，好在为慈叔要脸。” 后来也去试探了两三回，不过不会明言直说，只隐晦的提及，结果均未得到殷景的回应。最后一次以老夫人即将做寿为由，魏慈叔邀请殷景到家中来，殷景也以最近忙不得空而回绝。魏慈叔就终于肯定大都督是没把卫青放在眼里了，一时间既有些失望，又有些愤怒，好像又还有些庆幸，庆幸什么？庆幸大都督看上的不是卫青。但他可以肯定的是，原来一直以来是卫青拿此事在糊弄他和老夫人。 卫青时时留意着卫慈叔那边的动静，听说他今日回来时铁青着脸。结果他刚一进府门，卫青便吩咐依兰：“你现在出府去，直接去榜台那边接了招一榜，动作快些。”卫青也留意着榜台墙上的情况，事实与他所料不差，接榜的人无意能治都指挥使家中的病，以至于后来再去接榜的人便少之又少。当时卫青并不着急，但是现在看来，到了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依兰闻言点头，就急色匆匆地往前庭跑。 卫青先前就让伊兰打点好守门的府卫，这个时候跑出去不是难事。伊兰现在和卫青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一损俱损，她不能不尽心。燕儿跑到官榜台前时，是大汗淋漓，喘得上气没下气。她上前就把那张官榜给撕了下来。旁边侍卫见状，见她是个小姑娘，便呵斥道：“大胆，都指挥使大人家的榜，你也敢胡乱接？”伊兰喘气道：“我没有乱接，我家小姐命我来此地接榜，她可以给都指挥使大人家治病。” 你们现在就派人跟我去接他。魏慈叔回来以后，先是去了老夫人那里，把情况跟老夫人说了。老夫人和魏慈叔一样生气，头晕脑胀的怒声道：“这个魏青竟晓得使些狡猾手段，乱攀跟大都督的关系。”老夫人和魏慈叔感觉他们一家人都被魏青给玩耍的团团转。既然和大都督没关系，那上次魏青长官魏琼居的事情就还没完。老夫人当即起身，在魏慈叔的搀扶下，带着一干家仆就前往风小院。 魏琼居听说大都督根本不愿意搭理魏青，全都是魏青凭空捏造的。这连日来的极度愤恨，好像终于有地方出现魏琼居和徐氏也紧跟着到了风小院来。事到如今，看看还有谁能救得了他。彼时，魏青站在屋檐下，天边的晚霞像绚烂的织锦。他平淡的看着来势汹汹的一群人。徐氏掩着嘴，尖酸刻薄的冷笑道：“我倒是你真麻雀变凤凰了，原来不过是你自编自演的一场好戏啊！老夫人和老爷都被你给骗得团团转。” 魏慈叔心情十分糟糕，那种感觉就好像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他居然还在这个孽女身上花了心思和精力，简直是浪费感情。他一言不发的从家仆手上接过藤条，不带感情的看着魏青，用藤条指着魏琼居面前，冷冷道：“过来，给你姐姐跪下赔罪，否则今日我便打断你的腿。”魏琼居微抬着下巴，睥睨着魏青，暮色下嘴角隐隐上翘着，嘴上说出来的话却善解人意：“二妹，祖母年纪大了。” 爹平时又公务繁忙，你就不要惹他们生气了。你若是认错，我会向爹求情，轻罚于你的。老夫人道：“还是穷居体谅大度。”徐氏一道：“就是，快过来跪下认个错，说不定还能从轻发落。”这一副副嘴脸，好似让卫青在他们面前跪下，是给了他天大的恩惠。卫青挑起嘴角，嗤笑了一声，然后直直对上卫慈叔的视线，第一次叫卫慈叔看见，淡淡的霞光染上他的眉梢，尽显邪佞阴冷之色。他温声平缓道。 我若偏不呢？魏慈叔冷不防心口一滞，那种神色对他来说十分陌生。他突然意识到，他可以凉薄无情，则魏青可能会比他更凉薄无情。可魏慈叔是一家之主，又官至参政，他还不信收拾不了这个孽女。魏慈叔义正言辞道：“这里是魏家，而不是哪个乡下。这些年没教养，如今是应该好好教教你什么是长幼尊卑。”说着就命令家仆道：“来人，把她给我绑起来，让她跪下。” 家仆拿着早已准备好的绳子就上前，真要将卫青绑起来。可就在这时，卫青看向风小院外，心平气和的与卫慈叔笑了笑，道：“爹，咱家来客了。”那语泰闲适道，就好像一大家子人在他院里是来喝茶聊天的，而不是来兴师问罪的一般。卫慈叔回头去一看，果真看见管家带着人往这里来，后面跟着依兰。徐氏一看见依兰，眼睛就眯了起来，他就说这里好像少了些什么，原来是一时没看住，少了个小贱婢。 管家上前一道：“大人，都指挥使府上来人了。”魏慈叔一愣，都这个时候了，都指挥使派人来干什么？尽管心中疑惑，魏慈叔也不敢怠慢。来人是都指挥使府上的管事，亦是对魏慈叔一道：“魏大人，我等奉都指挥使大人之命，特来接贵府二小姐。”此时马车已候在魏家门前。之前接绑的都是寻常大夫，侍卫只派马车当场接了去便完事。 可卫青目前好歹也担着个卫府二小姐的名号，自然比别人礼三分。卫慈叔将藤条往身后藏了藏，与老夫人对视一眼，老夫人也心疑不定。卫慈叔道：“都指挥使大人接小女去，所为何事？”来人道：“二小姐接了城中招一官榜，大人命我等来接二小姐去为我家夫人治病。”卫慈叔脸色几经变幻，转头看向卫青，半晌才开口问道：“你何时接的官榜？为父怎么不知？”卫青道：“本是要告诉父亲的。” 只是还没来得及说，父亲便要发难。他看向来接他的管事，点头致意，又道：“请管事稍等片刻，我准备一下便随你去。”老夫人心里直叹气，怎么就是没法好好惩戒这个丫头呢？才搞清楚大都督和他的关系，现在又来一个都指挥使。魏慈叔在家里再怎么强硬，可也不能得罪都指挥使啊，人家怎么也比他官高一级呢？徐氏怎能见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非常恼怒。 刚要开口骂，就被魏琼居拽了拽手，强忍了下来。魏琼居当然也不甘心就这么放过魏青，难道他那一巴掌白挨的吗？虽魏琼居楚楚可怜的出声道：“二妹虽然能在祖母的眩晕病上帮帮忙，可若是去替都指挥使夫人治病，恐怕万一二妹弄不好，反倒使夫人病情加重。”魏琼居这一提醒，老夫人和魏慈叔顿时意识过来，谁也不知道魏青的医术深浅，万一他反倒搞出事来了怎么办？那样岂不是连累魏家吗？ 魏琼居本意是想魏慈叔不放魏青去，但魏慈叔急于撇清关系，却沉吟着与对方管事道：“这事是,是小女擅自做主，我对此一无所知。小女医术浅薄，若是无法治愈夫人，蔡大人可自行处置，魏某无话可说。”管事不由看向魏青，魏青若有若无的勾了勾唇，他点点头道：“这确实是我自作主张，与魏家全无半点关系。事情的后果全由我一力承担便是。”魏琼居红了红眼眶，委屈的就要哭，爹。 卫青回房去换身衣裳，站在台阶上蓦然回头，似笑非笑地看着魏琼居，道：“事有轻重缓急，大姐姐向来体谅大度，肯定能理解父亲的。”老夫人面色晦涩，她才用体谅大度夸过魏琼居，现在由卫青口里说出来，只觉得讽刺至极。这下魏琼居连委屈都不能了，不然便是不识大体。卫青换好衣裳，便随管事出门去，还不忘带上依兰。一众人干巴巴的站风小院里，眼睁睁看着卫青离去。徐氏恨恨道。 就让他这么走了。老太太感到心累，带着自己的下人摇摇晃晃的离开了。魏慈叔紧接着也走了出去。自从卫青回来后，这戏就一出又一出的，不紧不慢的排给他们看，看的一家人群情激愤，太乙仙桌自以为到了高潮，却发现转折还在后面。这魏家的家法藤条被魏慈叔丢在地上，看起来就像是个笑话，也不知下次还好不好意思再拿出来教训人。这一波三折，一惊一乍，搞得魏家众人都有点神经衰弱了。 出了魏府，卫青在夜色里回头看了一眼这座阔气的府邸，然后提起裙角上了都指挥使家的马车。依兰规规矩矩地走在马车边，不想动身时，卫青却道：“依兰，上来坐。”依兰愣了愣，她是奴婢呀、啊，怎么能和主子同乘一车？管事的还算通情达理，对依兰道：“姑娘，请上车吧。”依兰怀着奇妙的心情爬上了马车，她第一次坐这样的马车呀、啊。 他在卫青对面坐下，见卫青随意懒散地靠在软枕上，正微微侧头看着窗外铺陈下来的夜色，不知是星月的光还是灯火的光，映了一两分在他的脸上，也衬得那肤色如玉，那双眯着的眼犹如夜色无边。其实二小姐若是打扮起来，也是非常美丽的一个人。依兰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和卫青这样平等的相对而坐，明明最初自己那样瞧不起他，从中使坏给他下绊子。依兰问道：“二小姐，奴婢以前做的不好？” 二小姐为什么还愿意这样对奴婢？良久，卫青才从窗外收回了视线，看向依兰，道：“人都是要往前看、往前走的，不然你喜欢走回头路吗？”依兰摇头，肯定道：“奴婢不想。”卫青道：“眼下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这样不是正好？只有做个有用的人，别人才不敢动你。正是因为卫青有用，并且很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用处在哪里，走到今天才能安然无恙，并且往后还会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卫青还道。 而我愿意这样对待你，也是因为你有用。听起来虽然势利了一点，可是和说变就变的感情比起来，还是要靠谱的多。依兰道：“奴婢记住了。魏清魏清”卫青，卫青抬手支着头，合眼养神，悠悠道：“这才只是个开始啊。”到了都指挥使的府邸，一下马车，门边便早已候着两名婢女。他们看见卫青，便上前给卫青引路。这蔡府与魏家的布局不同，更威武大气一些。魏家的雕画无非是些竹篮梅菊。 而蔡府的雕画却是猛虎雄狮，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由此可见差别。廊下的灯火依稀，卫青和伊兰跟在侍卫后面，穿过几条回廊，经过庭中花园，便前往都指挥使夫人的住处。一进蔡夫人的院子，里面十分清幽别致，篱笆栏内栽种着花藤，屋檐下的木栏上放着一盏盏的兰草，平日里都打点得极为妥帖。在这院里，一丝一毫也见不到武将威猛的气息。 卫青从此地环境便可感知，蔡夫人寻常里是个修身养性的人，且都指挥使蔡征对其十分悉心呵护。婢女说，此刻蔡征夫妇都在房内，蔡征陪同着他夫人，正等着卫青进去诊治呢。卫青将依兰留在了屋门外，自行扶了扶裙角，神色平淡地走了进去。蔡征是个中年男子，比卫慈叔年纪大几岁的光景，长得浓眉大眼，一脸将门粗犷之气。而他的夫人依靠在床头，肤色有些苍白，鬓发如云。 眉眼如画，竟是非常貌美的一位美人。且岁月留情，她看起来相当年轻。蔡夫人手里捻着手帕，轻放在唇边，轻轻咳嗽了一下，蔡征便紧张的伸手去给她顺背。蔡征意想不到这次是魏家二小姐接了官榜，但她身边的那个丫鬟说她能调理魏家老太太多年的眩晕病，蔡征便第一时间派人去把她接了过来。待蔡征回过头，看见了卫青，在他看来，卫青就是个还没长大的孩子，她能治病救人。卫青面上无一丝波澜。 上前见礼，蔡夫人对她温柔地笑了笑道：“不必多礼。一个人的善美和修养，可体现于生活点滴，也可体现于一个微笑和神态。尽管卫青面上没有表示，可心里对蔡夫人很有好感。大抵在卫青的印象中，娘活着的时候便也是如她这般温柔美丽、清雅宁静。看蔡夫人脸上的病态，应是久病伴有咳疾。卫青也不拐弯抹角，径直对蔡征明言道：请蔡大人借让一下，我为夫人诊脉。” 蔡征就将床边最近的位置让给了他。随后魏青落座诊脉时，管事就来了院里，向蔡征回禀情况。蔡征看了魏青一眼，随后走出房门，管事便将魏家发生的事说了一遍。魏青若是治不好，加重了蔡夫人的病情，魏慈叔已经事先撇清了关系，而魏青也承认由自己一力承担。蔡征呲了一声，他怎么觉得这么靠不住呢？他和魏慈叔一向没什么交情，往来也是官场面子上的，对魏青当然也毫不了解。 蔡征唯一所知的，便是大都督来城的那个晚上，送过卫青回家。所以蔡征扭头就进屋，心里想着让卫青替他夫人诊治这事儿，还是算了。哪想进去一瞧，看见卫青手指搭在蔡夫人的手腕上，垂目凝神，十分专注。片刻又询问起蔡夫人的情况，乃至生活习惯、饮食情况等。虽是询问病情，但言谈间随意自然。蔡夫人没想到和他相谈甚欢，面上笑容一直未曾淡去。蔡征按捺住心头的念头。 哎，还是先看看情况再说吧。卫青基本问完了，赵蔡夫人的症状和脉象也得出了结论。蔡夫人这是哮喘之症，且已病了多年，反反复复，而近来迟迟不好，有恶化的征兆。蔡征着急了，这才贴榜寻医。卫青将床前的纱帐垂下，不紧不慢地抽了帐钩上的纱带，束了自己双袖，举手投足顿显利落。随后，卫青替蔡夫人宽衣施针，疏通她胸肺经络，并道：“夫人患有哮喘急症，是一种慢性病。” 发病时轻者咳嗽不止，重者喘息困难。夫人肺里预热有痰，我先替夫人疏通清肺，再论其他。古医有云，外不治险，内不治喘，说明这哮喘之症也不是那么容易根治的。和高血压一样，照目前的医疗条件，卫青能做的只有减轻症状，减少病发。蔡正见此状，都不知该怎么阻止。这么多大夫当中，只有他敢拉床帐。蔡夫人还配合他褪了衣裳。 当然，来的这些大夫当中，对蔡夫人的病情大多说得很笼统，清肺去热的汤药也服过，但是效果不佳。眼下卫青说的调理清晰，且有方法治疗，蔡征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这时，卫青隔着床帐回过头来，淡青的看了蔡征一眼，道：“请蔡大人把桌上的烛火移过来一些。”那面色沉静平和，无一丝起伏，哪像个不知分寸的孩子？蔡征不计较他的无理，就去把烛台端了过来。 近前，蔡征才看见卫青指尖捻着数枚银针，针端往那火上扫过，而后精准又沉稳地扎入了蔡夫人的穴位中。那烛光流进他的眼里，将那双瞳仁淬得金灿灿的，却是十分清醒而冷静。蔡征见他那手法极其熟稔而游刃有余，根本就是个精通医术之人。顿时，蔡征就又觉得他非常靠谱。施针的时辰已至，卫青收了银针，帮忙将衣衫拢上，按摩了一阵上身穴位，蔡夫人顿觉症状减轻不少。只听卫青道。 夫人，失礼了。蔡夫人还来不及反应，卫青又拿住了她的足，径直拔掉了足上罗袜。卫青手指往她足上穴位按去，蔡夫人顿抽一口冷气，疼得腿上肌肉一紧。蔡征在旁心疼道：“你轻点。”卫青笑了笑，道：“我可没用力，是夫人穴位淤塞的太厉害，按双足可泄内热，通经络。若是身体通太健康之人，就不会觉得疼痛。等夫人身体好转以后，还是应该多走走，锻炼一下身体才好。” 只是古代的女人都喜欢身居闺阁之内，都不怎么锻炼。富贵人家好气色，基本靠吃养出来的。要让他们动一动，没几下就气喘吁吁。弱柳扶风，柔弱无骨，在这个时代才是一种美呀、啊。卫青按过以后，便开始揉蔡夫人的脚心。蔡夫人痛过之后，只觉得卫青揉的轻缓得,得当，十分舒服。她浑身都暖洋洋的，一时也不再咳嗽。蔡征看着卫青专注的样子，不由重新审视起这个小姑娘来。 怎么说，她也是魏府的二小姐，她却能放得下身份给人揉脚。她这么想，没有丝毫贬低她的意思，只是觉得这姑娘不可思议，动作间的气度和那份坦然，不是同龄人所能比的。蔡夫人也意识到了，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开口道：“魏小姐，我感到舒服多了，让你为我做这些，实在惭愧。”说着就要把自己的脚抽回来。还没完，魏青看他一眼，道：“我既接了绑到这里来，便不是魏家小姐，夫人只是我的病人。” 所以夫人不必觉得不好意思，况且今晚因为那官榜，蔡家及时来人才替他解了围，看在这个份上，卫青也要尽力的。蔡夫人看向蔡征，蔡征对他点点头，让他安心应受，同时也对卫青刮目相看。等放下蔡夫人的脚，卫青撩起纱帐从里面出来，额上已布满了汗。此时夏夜，而他又一直在忙碌不得停歇过，当然又累又热。蔡征命婢女打水来给他洗手擦汗。 卫青不慌不忙地净了手，擦干了手上的水渍，问：“可有纸笔？”他坐在桌前写下药方，递给蔡征，让他命人按照这药方每日抓药煎服。蔡征一看那药方上的字，眉头就不受控制地抽了抽。卫青哪用得惯毛笔写字，在电脑通讯发达的时代，就算写字也甚少用笔，所以他这张药方上的字能看就不错了。卫青抬头瞥了那药方一眼，实际上自己也有点嫌弃，但嘴上却面不改色道：“怎么，蔡大人嫌丑？” 蔡峥言不由衷的笑道：“没有没有，魏小姐这字有性格。”魏青又埋下头去开了另一张药膳的方子，道：“饮食要清淡，忌生冷，不沾油腻辛辣。”蔡峥点头应下。写到末尾，魏青笔下顿了顿，抬起头来，顺着窗外吹进来的风，闻到一股花香。他一眼就看见窗台边摆放着一只长颈大肚瓷瓶，瓷瓶内插着应季的鲜花。魏青动了动眉头，道：“夫人喜欢花？”房中侍婢应道：“是的。” 夫人爱花，房中鲜花都是夫人亲自剪采的。话音一落，那阵风吹拂到了床帐上，床帐轻晃，蔡夫人便又跟着咳嗽起来。卫青见状，一步过去，吩咐道：“拿个痰盂来。”侍婢立刻捧了痰盂上前。蔡夫人还想竭力忍着不咳，卫青却拍着她的后背，道：“咳吧，咳出来好受些。”卫青的话有一种让人信服又安定的效果，蔡夫人果真不再忍着，趴在床前开始咳嗽，卫青还拍打着她的后背。 蔡峥见他着实难受至极，刚要阻止，却见蔡夫人挖的咳出许多鱼痰。这一出痰，蔡夫人躺回床上，只觉身心顺畅。卫青道：“把花拿走，以后房里也不要摆花了，尽量远离鲜花。”夫人的症状由过敏原引起，看样子夫人是对花粉过敏，多年来病情才反复无常。蔡峥一听，连忙让丫鬟把花取走。蔡夫人有些遗憾，淡淡笑道：“以后我的碰不得花了。”卫青道。 美丽的东西不一定适合留在身边，留不住的时候，远远观赏也未尝不是一种雅趣。这一晚相处下来，卫青尽心尽力，蔡夫人也能感觉到，此时对他已是十分亲切信赖。蔡夫人见卫青豆蔻年华，需得付出多大努力才能有这一身本事，还有那看穿世事的觉悟，不由心生怜爱，拉着他的手道：“你懂得比我还多，能教出这般女儿，你母亲定是非常优秀之人。改日我定亲自登门拜访。”卫青笑笑。 若无其事道：“那夫人可能要白走一趟，我母亲已经不在了。”蔡夫人一顿，有些歉疚，自己忽然提起这个话题。好在卫青面上并无异样。后来丫鬟送来清淡膳食和汤药给蔡夫人用，蔡征则带着卫青去膳厅用晚膳。眼下天色已晚，蔡征了解卫青来时的情况后，知道他肯定没有用晚饭，所以命人备下了。况且他担心蔡夫人的状况，自己也还没吃。蔡征边走边问：“我夫人什么时候可以痊愈？”卫青看他一眼，痊愈。 大人想太多了。蔡峥脸色一变，他又道：“只不过只要意志不并发，基本与常人无异。除了不接触过敏物质，饮食清淡，还应注意不要忽冷忽热。一旦有个头疼脑热，可能就会旧疾复发。”卫青的话听得蔡峥心里是抑扬顿挫，他只能默默的记下。哪想将将转过花园，正纠结的蔡峥忽而豁然开朗，对着那边回廊便出声喊道：“大都督回来了！”卫青脚步一顿，当即循着蔡峥的视线往那边看去。 一直波澜不惊的脸上，终于有了风吹草动的痕迹。只见那边，殷锦带着两名锦衣卫正从回廊下经过，他闻声停了停脚，侧目朝这边看来。廊下的灯火温黄又凝和，衬得那抹身姿、那双眼，总让人感觉少了几许人间的烟火气。只是在卫青看见他的那一刻，额角一抽，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他怎么会在这里？为什么要在这里遇见他？下一刻，蔡征已经一步往前迎了去，卫青不住地捏额角。 他蓦地反应了过来，卧槽、哦！蔡征是这里的都指挥使，掌管军政的一把手，那不就是殷井的直系下属吗？他后来才知，殷井到了这城里后，是直接在蔡征家下榻的。依兰见他反应，不由问：“二小姐你怎么了？”卫青一脸唏嘘道：“偏头痛又犯了。”内乡蔡征与殷井交谈了几句，回过头来对卫青朗声道：“二小姐与殷都督是认识的吧？上次我听说殷都督刚来的那晚送回家的人正是二小姐呢。” 卫青当即放下了揉额角的手，依兰见识到他变脸之快，抬头时已是一副风轻云淡，道：“蔡大人真是消息灵通。”蔡征又哈哈笑道：“正好殷都督才回，也还没来得及用晚饭，不如大家一起吧。”卫青莫名其妙的，最后卫青就跟殷景坐在一张桌前用饭了。关键蔡征还觉得只有三个人围着一张大扇桌不方便，就换了小点的扇桌。卫青一脸平淡的坐在殷景身边，避无可避的又闻到了他身上若有若无的檀香气息。 阴景不置可否，卫青则面无表情地看着蔡征热情张罗。其实他一点也不想和这位阴都督同桌，还坐在一起。他只是往身边随意落座，卫青便能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场。这还是其次，主要还是因为卫青在没有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借用了一下他的关系。若他要是追究起来，自己不是理亏吗？蔡征虽是都指挥使，他私底下也是个豪放爽朗的汉子，和阴景的关系看起来不错，大抵是一直有交情的。 蔡峥一心牵挂着自己的夫人，在没遇到殷井回来之前，他可能还要陪同卫青一起用完饭。但是现在殷井回来了，他居然如此不客气的草草吃几口就走，美其名曰还让卫青和殷井叙叙旧,旧。卫青抽了抽嘴角，喂，当他们关系很好吗？但是卫青面上滴水不漏，两人居然十分心平气和的坚持把这顿饭吃完。殷井随手帮卫青递了递茶，卫青顺带帮殷井斟了针酒，竟意外的融洽和谐。卫青针酒时想起魏琼居的先例。 还道我会被当成刺客抹脖子吗？英锦回他，今日没那个闲心。卫青抿了口茶，眯着眼又道，殷都督找到苏玉了吗？他与我捉迷藏，藏得正深。大家都是成年人，没事捉什么迷藏？卫青心里越发笃定，英锦到此处来，绝对是来做掉苏玉的。说不定上次树林里的杀手也是他这头的，偏偏嘴上还说的这样寻常。呵呵，还好兄弟。但愿英锦找不到苏玉才好。卫青心里下意识就冒出这样的念头。 那妖孽应该不会这么容易被找到吧？正思绪时，英景寒暄一般道：“你呢？在魏家快混不下去了。魏”魏青，他不难知道自己的处境，但就像自己不会帮他一样，他也不会帮自己。魏青淡淡然道：“今晚回去以后，就又混得下去了。”魏青和英景用饭时都不用旁人伺候，因而依兰也下去填饱了肚子。从膳厅出来已经很晚了，蔡征吩咐管事安排了马车，又挑了几个护卫护送魏青回去。 夜深了，魏家大门紧闭。就算魏青今夜不回来，也没人会关心，更不要说给魏青留门。第二日，老夫人早早就起了，魏慈叔这会儿还没去公干，老夫人就招了徐氏姨娘还有几个孩子一起用早膳。大家都以为魏青昨晚没回，老夫人对魏慈叔道：“幸好你昨日对蔡大人府上的管事说了，出了事让魏青自己承担，与我们魏家没关系，不然还得连累魏家。”魏慈叔冷冷道。 不知天高地厚的孽女，以为在乡下学了几个医术就能随便拿出来糊弄。这话听得徐氏一阵舒坦，老夫人动了动嘴角，没再说什么。实际上她心里清楚，卫青给她调理眩晕病的那一套真的挺有作用的。后来王嬷嬷学着卫青的手法给自己按摩，怎么都不得劲。只要心头一郁结，她还是头晕脑胀。魏琼居抬起头来道：“祖母，父亲，一会儿还是去蔡大人那里问一问吧，毕竟二妹也是一条人命呢。” 他当然不希望卫青好过，可怎么也得留他一条性命，不然当初把他从乡下接回来，心思不就白费了吗？魏琼居还希望卫青带她嫁去周家呢，让卫青去嫁给周家那个纨绔子弟，那才是对卫青真正的惩罚吧？徐氏赞同道：“对对对，是死是活还是要问一声的。一旦卫青完了，还能替魏琼居嫁去周家的，不就只剩下魏琼九了吗？魏琼九不希望卫青完，起码不能在这个时候完。” 正当这时，外面有下人匆匆进来禀报道：“老夫人、老爷、夫人、二小姐她，她好像昨晚就已经回来了。”众人真是好讨厌，这下一桌子人又不能愉快的吃饭了。昨晚魏家大门紧闭，魏青究竟是什么时候回来的，谁也不知。下人只说这会儿魏青身边的依兰正去厨房拿早饭呢。魏慈叔以为这次魏青铁定要闯祸的，他在乡下学的那点东西，怎么可能在都指挥使大人面前班门弄斧？却没想到昨晚蔡征居然放他回来了。 那他到底是治好了蔡夫人的病，还是没治好？一时间，老夫人和魏慈叔面面相觑，谁也不知具体情况如何。魏慈叔正要下人去把魏青叫过来问话，这时管家又匆匆进院里来了，道：“老夫人、老爷、夫人都指挥使大人府上又来人了，说是来找二小姐的。”徐氏幸灾乐祸道：“这还有什么可说的？肯定是来兴师问罪的。”于是大家早饭也顾不上吃了，纷纷起身往前庭去。 今次来的还是昨日的管事，见了魏慈叔等人，还没说上一句话，魏慈叔便先开口道：“孽女此番闯了祸事，我魏家绝不会纵容包庇。昨日已经说清楚，当听凭蔡大人发落。”管事，请稍等，我这就命人去把那孽女绑来。管事笑眯眯道：“魏大人请息怒，我家大人确实让我来找二小姐，只不过绑就不必了，请二小姐出来一趟便可。”魏慈叔对家仆挥挥手，让家仆去封小院叫魏青出来。不多时，魏青就带着依兰到了前庭。 对慈叔怒色呵斥道：“还不赶快去向蔡大人请罪！”蔡家管事却上前，对卫青正正经经的弯身抬手一一，说出来的话更是让魏家众人表情丰富多彩。管事道：“我家大人让我带话给二小姐，昨日二小姐过府诊治后，夫人情况已好转许多，二小姐果然妙手回春。”说着，她这才侧了侧身，让身后挡着的两个蔡家家仆上前。家仆手上各自托着一个托盘，上面盖着锦布。 管事将锦布一抽，只见里面一片金光璀璨，顿时亮了众人的眼。托盘内整齐的摆放着一锭一锭的金子。管事看了魏慈叔和老夫人等人一眼，脸上始终带着和气的笑容，又道：“这里是两百两黄金，是我家大人用作给二小姐的枕巾。大人说了，既然这件事与魏大人家中无干系，全是二小姐一人的功劳，所以请二小姐务必笑纳。”魏青想，这蔡大人不仅疼老婆，而且出手阔绰，还够义气，真不愧是英雄豪杰呀、啊。 卫青笑了笑，毫不扭捏，客气道：“既是蔡大人的心意，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过两日我还会去为夫人复诊，往后夫人有不舒服的，派人来传个话即可。说”说罢，他上前去接住一个托盘，依兰去接住另一只，一托在手上，这沉甸甸的分量可真踏实啊！老夫人看着那一锭锭金子，只觉得呼吸一阵不畅。徐氏也两眼冒光，恨不得劈手夺过来。可是都指挥使大人开门见山，直说了。 这金子只是给卫青一个人的。要是昨天魏慈叔不着急撇清关系的话，说明这金子就是魏家的。魏家虽然不缺钱，可魏家家大人多，两百两黄金也不是个小数目，起码能补贴中馈一年半载呢。魏慈叔知道蔡征那番话也是说给他听的，因而管事离开以后，他脸色还青一阵白一阵，最后冷哼一声，拂袖而走。好在都指挥使虽比魏慈叔官大一级，但执政领域不同。 井水不犯河水，又不像阴景那样权势滔天，魏慈叔没有必要刻意去讨好。老夫人十分恼火，当初这丫头只有两锭银子的时候，都恨不得往她面前送，可是现在有了两百两金子，怎不见她往自己面前送呢、啊？她早知道魏青会点医术，老夫人也有点后悔，昨日魏慈叔不该把话说的那么绝，早知如此，还是先看看情况再说。老夫人多看一眼魏青都觉得给自己心里添堵，也转头离去了。 剩下徐氏和魏琼居，魏琼居是真的很不甘心又愤恨，那一巴掌到现在还是没能向魏青讨回来，但是他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徐氏面容有些狰狞的对魏青道：“魏青，你欺我儿女，你给我记着，很快我就会让你十倍百倍的还回来。”魏青抬眼对上徐氏憎恨的眼神，温然道：“祖母说家和万事兴，母亲这样兴风作浪，魏家的运势从此是会走下坡路的。”魏清淡然转身回去时，徐氏在身后气得破口大骂：“魏青，你个贱人！” 和魏家比起来，蔡征家里人口就比较简单。他一生只爱蔡夫人，因而只娶了蔡夫人一个女人。蔡夫人只育有一子，叫蔡从，在蔡征的军中做事。蔡夫人倒是想要个女儿，只可惜一直病着，没有结果。蔡从知道是卫青救了他母亲，因而对他十分感激。后来卫青去蔡家给蔡夫人复诊调理之际，都是由蔡从亲自来接送的。一来二去，他便和卫青渐渐熟悉了起来。 卫青为人处事平淡随和，又轻重有序，极对他的口味。初看时，他觉得卫青清瘦细弱，可看得多了以后，发现这姑娘竟越来越耐看。她肤色如玉般温润，双眉弯弯，那双眼神略深，轮廓有种俊秀清丽的况味。他还小，可那双眼睛却在看他的时候，多一片刻就能把他看得面红耳赤。卫青开始觉得蔡从的反应不对味儿了。 可是他还没来得及想出个应对之策，一日蔡从就在送他回魏家时，对他表明了心迹，真真是猝不及防。魏青眼观鼻鼻关心，这是自他来古代起第一次有人对他表白呀、啊，可惜他还是个未成年，对感情上的事不做打算。于是魏青开始跟他讲道理，从两人各自的身份到蔡从以后的前程，给他做了非常冷静透彻的分析，从各方面说明他们不合适。蔡从不为所动，只看着魏青笑，颀长的身材依靠在马车边，说道。 魏姑娘，我就喜欢你这样冷静理智的对待问题。魏青，蔡从又道，可你说的这些都不足以成为拒绝我的理由。魏青深吸一口气，摸摸鼻子，然后淡定的说，我和殷都督有种不可告人的关系。蔡从的脸色终于成功的僵了去，他再怎么嚣张，也不能够和殷都督抢女人呐。他也听说殷都督和魏青有过交集，没想到两人的关系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吗？看着蔡从失落的背影。 魏青不得不再次承认，不管对何人何事，阴井这玩意儿真是一如既往的很好用啊。可他转身进门之际，却忍不住抽了抽自己的嘴巴，说多了鬼话也不怕真的会撞见鬼吗？事实证明还真是如此，只要魏青还去帮蔡夫人调理身体，就无法避免会见到阴井。彼时阴井坐在槐荫树下，树叶间阳光闪烁，头顶风声清明。他眼神很温敏慈和，开口道：“听说你和我有不可告人的关系。”魏青伸手揉了揉眉头。 道：“殷都督就当是一句玩笑话，不好吗？”樱井看了看他，闲话家常道：“蔡从要我好好珍惜你。”卫青，他又听不出情绪，道：“拿我去挡灾、挡恶、挡桃花，用的还顺手吗？”卫青想了想，一本正经道：“要不下次我也给你挡挡。”樱井低着眼，官帽整洁，修眉入鬓，一张脸丰神俊朗。他饮了一口茶，脖子上明显的喉结随着滑动了一下，领口的衣襟交叠的一丝不苟。樱井挑开话题道：“你和苏玉什么关系？” 卫青愣了愣，他道：“好好回答，这次的事我酌情不跟你计较。”卫青便坐下来，也饮了一杯茶，道：“就是萍水相逢，一个医者，一个伤者的关系。”终于肯承认，你就过他了。卫青眯了眯眼，道：“就像我也救过都督一样，纯属偶然。不过我真不知他往何处去了。”英锦道：“你救他时也刚好发了善心。”卫青道：“不只是因为他身上刚好有钱。”英锦无语了一会儿，他伤势如何？ 走的时候你没看他往什么方向走了？卫青低头喝茶道，伤的不重，养两,两天就好了。他走的时候我正忙着跟人掐架，所以没注意。星号星号星号，老夫人往年做寿时都尽可能多地宴请宾朋，可今年卫家却准备的相当低调，并没有往外派发请帖，只邀请了周家一家前来做客。两家即将结为亲家，自然有许多事需要坐下来仔细商议。依兰与卫青道。 以前府里做事时，夫人都恨不得通知全城有头有脸的人物来，好多收贺礼。今年却只邀请了周家，想来是为了那桩婚事。卫青对此一点也不意外。要是请了那么多人来，到时候闹出什么事，最后丢脸的还不是卫家吗？不过这颗定时炸弹总算是排好时间了，该来的总是要来。自从上次依兰决定站在卫青身边之后，徐氏和魏琼居又派人来叫了依兰几次。有卫青在，依兰可以选择不去，因而她一次都没去过。 徐氏对此恼怒非常，依兰反了天了，现在居然敢违背主母的命令。徐氏也曾亲自过来拿依兰，只可惜一次都没成功过。眼见着老夫人寿辰将至，府里上下都在忙碌准备。这日依兰照例去厨房给卫青拿膳食，怎想半途杀出几个婆子来，不由分说一把拖住依兰就往徐氏的院里带。彼时徐氏和魏琼居正在堂上喝茶，徐氏一看见依兰扭着身被强行塞进门框里来，火气就直往上窜，骂道：“吃里扒外的东西！” 怎么，跟着卫青身板硬了吗？我三催四请请不来，你是要翻天了？说罢，就支了一个眼神给旁边的婆子，婆子横着脸上前就要往依兰身上打。魏琼居见状，忙道：“母亲息怒，今日请依兰过来是好好说话的，真要打了她，一回去不就让卫青知道了吗？”徐氏心思一转，这才收住怒火。卫琼居和徐氏都深知卫青不好对付，现在依兰虽然不服管教，但在卫青身边已经取得了他的信任。 若要办起事来，肯定比之前还容易得手。魏琼鞠起身过去，亲自把依兰扶起来，一时依兰受宠若惊。这高高在上的大小姐，何曾对婢女施过援手？魏琼鞠轻柔道：“你莫怕，夫人原本也不是想打你，你原来是我们身边的，让你到二小姐身边去，正是因为关系重大，我信得过你，才交给你去做。”依兰点头道：“奴婢知道。这次你若做得好，往后母亲便再也不会责打于你。”依兰始终垂着头，不做表示。 要是在之前，他一定非常高兴。只要卫青一倒，他就不用再伺候一个乡下来的不受宠的弃女，还能重新回到大小姐身边。可是现在，在卫青身边待久了过后，依兰才明白两边之间的差别。在卫琼居这里，稍有不顺意，便要遭卫琼居和徐氏的非打即骂；可是，在卫青那里，他却被很公平的对待。徐氏见依兰没反应，怒道：“我看他就是欠打，骨头再硬，打一顿就老实了。”卫琼居又善解人意道：“看得出来。” 你和卫青是真的有了主仆之情，我若是叫你做对不起他的事，你可能是万万不干了。可这是于他于你来说，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卫青身份卑微低下，即使从乡下回来了，一个弃女还指望将来能许个什么好人家吗？而周家是城里数一数二的富贵人家，他若是带我嫁过去，只会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到时候你跟着陪嫁过去，便能一心一意侍奉他，夫人也不能管到周家去，还能怎么责罚你？ 伊兰没吭声，可却认真地思考起魏琼居的话来。他多想逃离徐氏和魏琼居啊！这要到了周家去以后，就再也不用被他们又打又骂，整日提心吊胆了。魏琼居与徐氏对视一眼，知道起了作用了，又道：“这既成全了魏青，也成全了你，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你好好想想。”伊兰咬了咬唇，道：“可是周家不会同意的吧？”魏琼居红唇含笑道：“若是事到临头，水到渠成了，周家怎么可能会不同意？” 依兰一颤，她知道卫青不可能想代嫁去周家，可卫琼居说的对，以卫青现在的身份嫁去周家是一个很好的归宿。现在卫青正是相信他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做？真的要背叛卫青吗？最终，依兰完好无损的从徐氏的地方走出来，浑浑噩噩的去厨房拿了膳食，回到风小院，她尽量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次怎么去了这么久？卫青随口问了一句。依兰答道：“老夫人要做寿了，后厨里忙碌的很。” 因而奴婢去等了一会儿，他们才把二小姐的膳食备好。卫青看他一眼，那眼神平淡温和，却好似能看懂人心，使得依兰心里阵阵发虚，极力做出一副镇定的神色。老夫人寿辰前一日，给每个孙女都派了新衣裳，卫青也不例外。卫青看着丫鬟捧来的那身衣裙，料子比以往都要好，样式也精致。老夫人还额外送了些搭配的首饰过来。第二日，卫青早早去老夫人那里请安，一进门就遇上了卫琼居和卫琼九，两人都打扮得十分素雅。 魏琼九一向如此就算了，但魏琼居是嫡女，以往这样的场合下哪次不抢尽风头？今日却相当低调。和魏琼居、魏琼九身上素雅的新衣裙相比起来，昨日老夫人送给魏青的那身新衣就显得出众了一些，仿佛她才是这府里的嫡女一般。魏琼居应该是巴不得今日她占尽风头吧？不光她，魏家人人都如此希望的。可是此时老夫人看见魏青进来，打量他一眼，脸色却不由沉了沉。 魏琼久不做表示，魏琼居手里紧紧捻着手帕，尽量不将心绪的起伏变化表现在脸上。昨日送去给魏青的那身衣裙，平日里他怎么可能有资格穿？这次给他一个机会穿出来显摆显摆，没想到他不识好歹，居然不穿。魏青若无其事地向老夫人请安，祝寿。老夫人一脸不悦道：“昨日我派人送了衣裳到你院里，你怎么不穿？今日有贵客到访，你这般寒酸，还让人以为我魏家的二小姐穿不起新衣裳似的。” 卫青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衣着，道：“这身衣服虽然不是崭新的，但我却记得很清楚，是我回来以后祖母送我的第一套衣裳，意义非凡。今日是祖母过寿，祖母才是寿星，是主角，我不敢逾矩。”说着，他侧头看了一眼魏琼居，笑意十分温和。大姐姐是府上明珠，却也着实素雅，我岂能与大姐姐争辉？这番话有理有据，老夫人纵然十分不高兴，也说不出半个反驳的字。一大早就开始揉额头，魏琼居听着也一阵气闷。 上午时，周家的人便陆陆续续的到魏府来了。周家家大，叔伯好几，目前与魏琼居定亲的便是周家长家人的独子，叫周浩。周浩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从不缺金银，因而养的一副浪荡子的脾性，吃喝嫖赌样样不缺，城里狐朋狗友一大堆，没少干恃强凌弱、霸凌良家女子的混账事。不管周浩在外面如何混账，可到了魏府，还是收敛的干干净净，拿出一副斯文人的模样，有理有序。 毕竟他的未婚妻还养在魏家呢，这未婚妻还是城里的第一美人，他惦念了许久。今日见到魏琼居，周浩眼睛都直了，眼神一有空闲便火辣辣的直盯着魏琼居看。魏琼居心里虽然懊恼，却也不得不摆出一副羞赧的神色。周家人见魏琼居知书达理、温婉大方，是连连夸赞。而魏青才回魏家不久，外面鲜少有人知道，也就没多少人注意到他。场面上和和气气，老夫人听那些恭维祝贺的话，听得眉开眼笑。 罢了，老夫人眼神瞟了一眼角落里的卫青，慈祥道：“青丫头，过来，到祖母这边来。”卫青笑了笑，起身走了过去。老夫人拉着卫青的手，向周家人介绍道：“这是我的二孙女，早年在外地休养，最近才回到家里来。”这时，周家人才纷纷打量起卫青。那纨绔子周浩义跟着看了两眼，虽然觉得这丫头容颜清丽，可身材却不凸不翘的，还是颗青桃呢。还是他的未婚妻，身材前凸后翘，婀娜动人，很能勾起男人的食性。 周浩甚至都忍不住幻想着把她压在身下是何种滋味，因而，在看向魏琼居时，嘴角总带着一点垂涎猥琐的笑。魏琼居心里一阵恶心反感，这样的人谁眼瞎了才想要嫁给他？老夫人从未如此亲热，让魏青紧挨着她坐下，又对她一阵赞不绝口，说道：“莫看这丫头以往不露面，可本事大着呢。她回来后不仅能治我的眩晕病，前不久还接了都指挥使大人府上的招医榜，去治好了困扰都指挥使夫人已久的旧病呢。” 老夫人忙着借都指挥使的光给卫青镀金呢。卫青不置可否的微挑着唇角，神色谦和。周家人看卫青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夸道：“没想到二小姐年纪轻轻还有这等本事。”于是周家的几个叔伯婶娘便开始打起主意。周家家主虽然只有一个儿子，可他们这些旁支还有儿子。这二小姐是个庶女，却与都指挥使搭上了关系。若是娶了她进门，只有益无害的。便有人问：“二小姐这年纪可说了亲没有？” 老夫人笑呵呵道：“还没说亲呢。”老夫人充分的表现出一个疼爱孙女的慈祥老奶奶的样子，就连魏慈叔今日对魏青也和颜悦色，让人以为他在这魏府里是极为受宠爱重视的。午宴开宴时，老夫人还让魏青坐在她身边去，而嫡女魏琼居则被晾在一边。周家时不时有眼光在魏琼居和魏青之间扫视，想来是有些疑惑，这嫡女还不如一个庶女受宠了吗？魏琼居和徐氏乐见其成，就盼着周家人把注意力全转去魏青那里。 从而忽视他呢？今日徐氏里里外外的张罗，午宴后又准备了戏曲，还在花园里腾出个阴凉的地儿供大家喝茶聊天。卫青用过午饭以后就回风小院休息了。不一会儿，依兰从后厨里端来了一碗消暑的甜汤，送到卫青手边，垂着眼道：“二小姐喝了甜汤后，就上床去休息一会儿吧。”他看着卫青从他手上接过了甜汤，依兰极力控制着手不要发抖，可脸色却控制不住有点发白。依兰眼神死死盯着那甜汤。 只要卫青喝下去了，便能如卫琼居和徐氏的愿。那时候，依兰或许还可以陪嫁去周家。如卫琼居所说，徐氏再想打他，也不可能把手伸到周家去。可是，同时她也彻底的背叛了卫青。往后，她还能和卫青安然相处吗？卫青低着眼帘，若无其事的把甜汤移到嘴边。依兰顿时暗吸了口气，浑身紧张。卫青若有若无的扯了扯唇角，随即张口就要喝的样子。终于，就在那时，依兰突然扑过来。 不管不顾地劈手夺走了那碗甜汤，脸色煞白道：“别喝，这个不能喝。”卫青抬起头，看着那碗甜汤在伊兰手上洒了几许，面无波澜。还好，还没有蠢到无可救药。伊兰嗫嚅着，声音里夹杂着不确定的颤抖：“原来，原来二小姐早就知道了。这甜汤里若是再加点薄荷叶，说不定能掩盖住那点微末的药味。还有今人多，都等着看好戏，你凭什么觉得我不能小心些？” 徐氏和魏琼居都以为，甚至连依兰自己都觉得，魏青正式相信他的时候，如果他要做手脚，成功的几率会比以前大许多。可直至此时此刻，依兰才明白过来，她真是错的离谱。不管魏青信不信任他，他都没有机会得手，因为魏青最相信的还是他自己。依兰额头上开始冒冷汗，动了动唇，想要辩解一两句，可是却发现无从说起。魏青把那碗甜汤拿回来，放在鼻子下闻了闻，又吃道：“这要是崔性的。” 我若没料错的话，这会儿那周家公子应该正在被引来这里的路上。一旦我和他闹出了丑事，被两家人撞个正着，魏家便可化被动为主动，为了遮掩丑事，让周家的人不得不娶我进门。所以不管这件事是谁在安排策划，大家最终都会睁只眼闭只眼。他越心平气和地往下说，依兰整个颤抖的越厉害。卫青抬眼看他，那么你也睁只眼闭只眼就好了，为什么又改变主意了？老夫人先前在厅上先是给卫青贴了金。 好让周家人觉得，就算新娘子换成了卫青，也没多大吃亏。恐怕即便是卫青真在这风小院里被那周家独子给夺去了清白，老太太、魏慈叔、徐氏还有魏琼居，也是一百个高兴的。这里没有一个人是真的关心他，全都在一心算计他，把他往火坑里推。等他真的掉进火坑里以后，这些人就会站在边上冷眼旁观，必定还会口口声声的说一切都是为了他好。恐怕魏家没有一个人不觉得，他能代替魏琼居嫁去周家。 是他的福气，可是问过他了吗？伊兰两腿发软，咚的就在卫青面前跪下。他有些后怕，若是方才他没有阻止，会如何？卫青根本不会喝这甜汤，就只是在试探。到时候伊兰目的没达成，两头不得好。就像上次簪子事件一样，最后落得个下场凄惨的，反倒是他自己。可这一次，一旦他做了，卫青绝对不会那么轻易的放过他。这二小姐早已把一切都看得透透彻彻。伊兰咬着唇，缓了缓心中的恐慌。 仰头望着卫青道：“奴婢想起以前二小姐说过的话，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可是今日奴婢要是做了，让夫人和大小姐得逞了，奴婢对于他们来说没用了，对于二小姐来说同样也没用了，对吗？”卫青挑了挑眉，道：“关键时候你还不算糊涂。”依兰哽着喉，六神无主的瑟瑟哭了起来。二小姐那现在该怎么办？卫青轻身挽着她的手臂，把她从地上拉了起来，道：“还没到要哭的时候，把眼泪擦一擦，不然一会儿周公子来了多不好看。” 既然好戏已经开始了，总得演下去嘛，总不能平白辜负了这么多看戏的人。依兰一颤一颤的看着卫青温和的面色，心里却阵阵发寒。果真，她刚一擦把眼泪，外面就有了动静。依兰出门一看，周浩竟真的到这院里来了。如若方才卫青把那碗甜汤喝下去了，此时应该已经药效发作，躺在床上。周浩素来纨绔浪荡，只要是有点姿色的都来者不拒，见到卫青这样，定然不会放过。 到时候众人再到这风小院来捉个当场，事情就成了。可卫青这会儿正不痛不痒，好端端的坐在屋子里呢。他不紧不慢地出了房门，看见院里的周浩，惊讶道：“周公子怎么到我这里来了？”周浩往卫青房里看了看，笑问：“你大姐没在这里？”其实也是有人给他传话说，卫琼居想要见他，他心神荡漾，跟着带路的丫鬟就来了，却没想到进来先看到的是卫青。等周浩回头想要问一问带路的丫鬟时，那丫鬟已经不见人影了。 卫青道：“大姐姐不在这里，许是丫鬟带错了路。”依兰把去大姐姐院里的路线告诉给周公子。依兰心里惶然，可是到如今，她既然已经和卫青坦白了，就没有她的退路，遂她按照卫青的吩咐，把去卫琼居院里的路告知了。周浩对卫青印象不差，道：“有劳二小姐。”卫青笑了笑，十分友好和善，说道：“周公子客气。不久，周公子就要与我大姐姐完婚，那便是我的姐夫，所以都是一家人。” 他一边说着，一边让依兰把屋里的那碗甜汤端出来，自然而然又道：“时下天气热，周公子都出汗了，未免中暑，还是喝了解暑汤再去吧。”这话听得周浩委实受用，又见他如此善解人意，于是美人妹妹送来的甜汤当然欣然接受。那甜汤十分清甜爽口，卫青又提醒他道：“不过大姐姐院里有几个丫鬟难缠，周公子若是想与大姐姐说些贴心话，可能还不太容易。” 周浩又不是没偷过良家子，对此颇有经验，丫鬟什么的引开就是了。况且魏琼居主动找他呢，岂可错过这种好时机？周浩还没有胆子，光天化日下在魏家做什么龌龊事？可要是美人主动相邀，他万没有拒绝的道理。因而，周浩谢过卫青的提醒后，便胸有成竹的离去。卫青看着他的背影走出了风小院，眯着的眼里波澜不惊，淡淡然拂衣转身进屋。依兰心神不宁。 他在给周浩指路的时候，是万没有想到卫青会把那碗甜汤给他喝。那碗甜汤本来是给卫青准备的，现在却被周浩给喝了去。天知道周浩去到魏琼居那里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这下事情恐怕闹大了，无法挽回了。偏偏卫青还能进屋，靠在躺椅上，淡定的合眼休息。窗外悠悠的风，偶尔轻拂着他的裙角。他眉目弯弯，斜倚在靠枕上，神情淡漠清浅的似一幅画。依兰终于忍不住出声道：“这次夫人一定会杀了奴婢的。” 卫青眉头也没动一下，轻声道：“他凭什么？”依兰欲哭无泪道：“那周公子本来应该在二小姐房里的，可是现在却去了大小姐那里。”卫青嘴角勾了勾，讥诮道：“什么叫本来应该？哦，把他引来我院里就是应该，引到魏琼居院里就是不该。奴婢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慌什么？三条腿都长在周公子自己身上，他怎么支配？他爹妈都管不住，你一个小丫鬟能管得住？”依兰竟无以言对。卫青又遇到，大家都是有妈生的。 在害别人女儿的时候，也应该想想自己也有女儿啊。毕竟报应这种事，说来就来，都不带商量的。俗话说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嘛。依兰站在门口，不知该进还是该出。卫青总算掀了掀眼皮，看他一眼，又合上，淡淡道：“周公子步子快，又避开花园里的人，走得快捷小径，估计这会儿都已经快到了。你真要想阻止，能不能追上他另说，就是追上了，他正当药效发作，生冷不忌的，你是打算去给他送菜吗？”依兰浑身一寒。 真要是那样，那她就会被当成狐媚惑主的丫鬟，活活打死都不过分。本来她还冒了一点那样的心思，但是卫青一提醒，她就坚决不能去了。眼下，魏琼居叫自己的丫鬟去花园里通知徐氏带人去捉人。天气热，外面日头正大，她自己便留在闺房里摇着团扇扇风。院里还守着几个丫鬟，可不知什么时候却被支走了。听得房门轻响，有人从外面进来，魏琼居以为是自己的丫鬟回来了，回头便看去，道：“事情怎么样？” 可话还没说完，魏琼居看清来人，猛然止住，脸色大变。来的不是他的丫鬟，而正是周浩。周浩看他的眼神垂涎欲滴。魏琼居面色雪白，说话都不利索。你你怎么会在这里？还请你立刻出去。周浩恍若未闻，反倒一步步朝他走来。魏琼居只有一步步后退，一边大声叫外面的丫鬟，只可是外面无一人答应。后来魏府里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卫青正在午睡时，徐氏听说周浩到卫青院里去了，便带着周家的人过来质问，结果并没有发现周浩的身影。随后魏琼居的院里便传出哭泣和喊叫声，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只差最后一步，若不是丫鬟听到叫声回来的及时，只怕周浩就要得逞了。当时房里一片混乱，周浩叠压在魏琼居身上，两人衣衫凌乱不堪入目。魏琼居哭得声嘶力竭，尖叫连连。 徐氏跑在最前面，第一个冲进去，看见房中光景，只觉得眼前阵阵发花，气血一阵翻涌。他走过去就一把将周浩拽起来，不管不顾，先一番撕扯扭打。周浩正恼怒有人搅了他的好事，欲求不满，整个人还浑浑然，当即就抬手回击。徐氏不敌，被周浩反手一个耳光打趴在地上。 周夫人也是宠儿子宠上了天的，进来看见周浩脸上有徐氏留下的抓痕，本就对魏家推迟婚事心生不满，这下子忍无可忍，气得连忙上前就挡在周浩面前，和徐氏推搡了起来。经过好一番拉扯和规劝，双方才暂且平息。老夫人和魏慈叔还在等消息，他们不管徐氏用什么办法，只要保证今天把魏青和周家的事定下来。可万万没想到，最后传到老夫人和魏慈叔耳中的，却不是魏青受难，受难的而是魏琼居。 魏琼居险些就被那周浩给玷污了，老夫人一口气没顺上来，当场就晕了过去。院里的嬷嬷又掐又捏，好一阵才悠悠转醒。魏琼居哭哭啼啼，久久不止。周浩捂着脸上的抓痕，恼羞成怒。随后老夫人和魏慈叔铁青着脸过来替魏琼居做主时，周浩指着他道：“分明是他主动找我的，是他叫我来后院幽会的。明明自己主动勾搭，却还跟个贞洁烈女似的，做给谁看？你不迟早得跟我完婚吗？” 迟早得是我的女人，早点要晚点要，不是一样？老夫人一时恼怒非常，重重一杵拐杖，骂道：“混账东西！我魏家书香门第，岂容你这等下流无耻之人放肆！”他让徐氏立刻把魏琼居带离这个地方，好好安顿。周家的人知道魏家现在多少不想承认这门婚事了，发生了这样的事，倒是正好。而周家老爷不擅长骂架，又不能被魏家给牵着鼻子走，因而只能由周夫人出面理论。周夫人理了理仪容，上前道：“老夫人此言差矣。” 魏小姐与我儿早就定了婚约，若是你们魏家不推迟婚期，她早该是我周家的媳妇了。魏小姐迟早要过门与我儿结为夫妻，何来的下流无耻之说？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若是魏小姐无意，你们魏家的人怎会纵容我儿随便进女眷后院？一番话说得老夫人气结。魏慈叔在人前一向和气，此时也禁不住脸上青筋直跳，道：“早闻周公子声名狼藉在外，做出这种事，反倒把责任推给别人。我看这门亲事不结也罢。” 周夫人道：“魏大人不想结这门亲事，往后魏家大小姐的名声也不想要了吗？这要一传出去，谁还敢上门提亲呢？不怪周家这么有底气，全城的人都知道魏家和周家是准亲家。现在出了这样的事，魏家肯定不想把事情闹大。魏慈叔若是用自己的官威来强行压住周家，那他最终还是会落得个过河拆桥、悔婚的不好的名声。况且周家在此地根基百年，家大业大，岂是那么好摆平的？” 正所谓官商一家，周家立足行省首富百年不倒，可不光光是靠和魏家一家的关系，自然还与其他官员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而现在他不仅要保住自己的名声，还要保住魏琼居的名声，他还指望和周家解除婚约以后，再给魏琼居找一门更高更得力的亲事呢。万幸的是，魏琼居名声虽受损，但清白还在，所以最后只能与周家好言和谈，再另寻办法。这个当口了，若还要想让周家退婚，是万万不可能的。 周夫人反而趁热打铁，事情反正已经这样了，不如把婚期提前，让魏琼居和周浩早早做了夫妻，就没人再说什么了。徐氏当然不肯，安顿好魏琼居一出来，就和周夫人破口大骂，将魏家根本不想把魏琼居下嫁的心思暴露无余。周夫人道：早前就让算命先生给我儿算过了，说他成亲的最好日子就是在今年秋后，如此与两家都有益。看来还真是老天成全啊，要不就把婚期提前到今年秋后吧，回头就去算个最近的好日子。魏大人放心。 周家的聘礼一分都不会少。老夫人和魏慈叔的面色跟吃了苍蝇似的犯恶。周家人离开时，徐氏还站在门口叉腰大骂：“想娶我魏家的嫡女，也不看看你儿子什么东西，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周夫人气急，回头不忘笑道：“该亲的该摸的，我儿不是已经吃到了？”徐夫人在这般嘴不饶人，那我们只好把今天的事公布出去，让全城的百姓都来评评理，看看你女儿那块天鹅肉会不会发臭。 还有魏大人自诩廉官清流，若是连基本的信守承诺都做不到，往后百姓们谁还敢信服？这句话踩到了魏慈叔的痛处，他不能让自己的官途蒙受一丁点的污点。徐氏还想再骂回去，魏慈叔暴怒的指着徐氏道：“来人，把这口无遮拦的女人嘴巴给我封起来！”最后周魏两家闹得十分难看，老夫人的寿诞也匆匆收场。但婚事还是要继续，很快周家就算好了日子，并连着丰厚的聘礼一起送到了魏家。这婚期还是定在了今年秋后。 原本魏慈叔还想再拖一两年，可是现在反倒弄巧成拙。徐氏气疯了，叫道：“老爷，你不是参政大人吗？难道还怕他一个商贾不成？”魏慈叔脑袋给了他一巴掌，低吼道：“妇人之见，你懂什么？他要是把事情闹大了，闹到了布政使大人那里去，让布政使瞧见了琼居的容貌，你还想把琼居赔进去吗？”徐氏捂着脸，这才清醒了一点。布政使好色，以魏琼居的容貌，一定会被他看上的。可如今已不同当年，布政使只比他高一阶。 对他的官途已没有太大的助力，他还犯不着陪了个女儿再去讨好不正事，这也是魏慈叔想低调处理的原因之一。魏琼居受到了极度的惊吓，一连几日都脸色雪白，不得安眠。好不容易缓和一点了，听到自己的婚期已经提前到秋后，想起周浩的种种行径，在老夫人和徐氏面前哭得痛不欲生，道：“要我嫁给他，我还不如一死了之。”老夫人十分心疼，搂着魏琼居好一阵安抚：“不会的，乖孙女别怕，祖母和你爹娘都会想办法的。” 绝不让你嫁给那个猪狗不如的东西。魏琼居泪眼朦胧地抬起头，可是我不嫁，他们就会说爹言而无信，总要有人嫁过去的。徐氏从旁道：“你当然不嫁，让魏青嫁，不然咱们魏家千辛万苦把她一个乡下弃女接回来做什么？不就是代替你嫁过去的吗？”琼居，你放心，老夫人和老爷一定会让他同意的。魏琼居楚楚可怜地望着老夫人，祖母是真的吗？徐氏把话说得太满，老夫人又不忍魏琼居难过，便只好点头。 可谁都知道，从乡下接回来的弃女不是一个肯乖乖顺从的弃女。徐氏又恨恨道：“今日的事肯定是那位亲搞的鬼，不然周家那纨绔子好端端的在前院，是谁把他给引到后院里来的？他又怎么会知道琼居在哪个院子？”言语间，徐氏对他和魏琼居之前的布局安排一概不提，又心知肚明的很，定然是计划失败了，才使得魏青祸水东引。老夫人沉着脸没开口，徐氏又抹了抹眼角，道。 老夫人，卫青他坏了我们琼居的清白，你可一定要为琼居做主啊！老夫人冷不丁的看了徐氏一眼，道：“卫青的账我自会跟他算，可你做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自己心里清楚。若说坏了琼居的清白，我看你也有份。”老夫人之前睁只眼闭只眼，是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可是这个徐氏不仅设计不成，还跟泼妇似的与周家吵闹，把卫家的门面都丢尽了。最后，老夫人气冲冲的离去。 正要去找卫青，却听说卫慈叔已经先一步过去了。傍晚时，日头落下了，白天里的热气渐消。依兰提了水来，正和卫青一起在院里给绿植浇水。卫慈叔进来，恍如卫青当初刚回来时，他走进这院落一般。卫青背对着他蹲在篱笆栏边，不紧不慢的把绿植都浇透了水以后才起身，回头看着卫慈叔，眼波未动，道：“爹怎么过来了？”卫慈叔盯着卫青看了许久，感觉自己以前从未认识过他，到今时今日才慢慢开始认识，神色凛然道。 琼居的事是你做的吗？卫青眯了眯眼，哪件事？卫辞叔寒声道，还能哪件事？自是他和周浩的事。卫青就笑了，微微扬了扬眉，道：爹，周公子与大姐姐两情相悦，又年轻气盛，关我什么事？卫辞叔被他气得沸腾，那是谁把他引到后院的？又是谁告诉他琼居住在哪个院子的？卫青嘴角的笑意，风一吹就淡了，清淡的像这渐入夜色的天儿，空旷的没有多余的东西。道：我与周公子素未谋面。 祖母过寿时才头一回相见，爹便觉得我能把周公子往后院里引吗？在爹看来，难道我是这么好相处的一个人？魏慈叔气结，他心里其实也跟明镜似的。大家都知道周浩进后院是谁做的，可是大家都没想到周浩进后院以后没在这封小院停留，反倒去了魏琼居的院里，这才是让魏慈叔十分恼火的地方。魏青歪头看着他，声音温和：“若今天周公子进的是我的院子，坏的是我的名声，爹还会这样生气吗？”答案肯定是不会。 不仅不会生气，他老夫人还有徐氏母女只会高兴。卫青身后绿植青葱，绕转屋檐的风丝丝缕缕地扬起他的裙角。他双眸如墨，一片浓浓不见底的漆黑。又问他爹：“卫琼居是姑娘，我卫青同样也是姑娘，难道我的清白就一文不值？”卫慈书不客气的挥袖道：“琼居从小知书达理，又精通琴棋书画，是正经的大家闺秀。卫家培养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儿，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她是你能比的吗？”卫青挑起唇角。 笑意温浅道：“哦，既然这么的不容易，当初爹刚到此地赴任时，怎么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轻易的把这个宝贝女儿许了人呢？”魏慈叔脸色千变万化，最终命令道：“穷居的婚事就由你来代替，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否则我会再次将你赶出家门，做条彻底的丧家之犬。说吧”说罢，魏慈叔转头就走了。魏青若无其事的笑了笑，回身便看见依兰神色复杂的站在屋檐下。 卫青道：“你觉得是做条丧家之犬好，还是留在这个家好？”依兰答不上来，卫青也不指望他回答。徐氏和魏琼居不可能就此作罢，他们把那天负责带周浩去风小院的丫鬟叫来一审问，得知周浩确实进了风小院，然后再转头去魏琼居院里的，定是依兰背叛了他们，并没有给卫青吃下那药，却被卫青顺水推舟。魏琼居道：“无论如何，依兰也是留不得了，他已经不听我们使唤，留在卫青身边反倒是个祸害。” 徐氏眼里尽显狠辣之色，道：“整不死卫青，难道我还整不死一个贱婢吗？”没想到那个小贱婢如此胆大包天，徐氏恨不得立马就捏死他。想要收拾依兰，对于徐氏这个当家主母来说，太容易不过了，随便寻个由头就能把她弄死。遂这日，徐氏带着几个丫鬟婆子，趁依兰出了风小院做事时，半路拦截。依兰早就留了个心眼，知道徐氏和魏琼居不会放过她的。 于是，在花园里一看见徐氏身边婆子的身影，什么都顾不上了，转头就拼命的往风小院跑。徐氏看见他跑了，连忙呵斥身边的仆人道：“快，给我抓住那贱婢！”如今，依兰无处可逃，她所能倚仗依靠的只剩下卫青一人。依兰惊慌的跑回来，也顾不上规矩了，冲进卫青的房里，脸色惨白，上气不接下气，到他跟前颤了颤嘴唇，还一句话没说，眼圈便通红，扑通跪在了卫青面前。卫青不作声，低头看着他。 伊兰额头贴在卫青脚边，身体伏在地面上，慌乱道：“奴婢求二小姐救命，如今只有二小姐能救奴婢。”卫青清楚的很，徐氏发难，必会第一个打杀了伊兰。他冒着生命危险，最终还是出声阻止了自己喝下那碗甜汤。但是在伊兰看来，卫青眼下的处境，自身都难保，要他庇护自己，何其困难。正因为困难，他才要求。他相信卫青，因为卫青总能够做到，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依兰仰起头时，已是泪痕遍布，道：“奴婢只想一直留在二小姐身边，不想再受夫人、大小姐的毒打。他们说，只要二小姐顺利嫁去周家了，奴婢也可以陪嫁过去，所以才险些犯下大错。奴婢以前是欺负过二小姐，也背叛过二小姐，但奴婢选择和二小姐站在一起的那一刻，就是全心全意的。”依兰用力地擦了一把眼泪，然后俯下身，就猛地在卫青脚下磕了个响头，又道：“以后奴婢再不用次次做选择了，只要二小姐肯救奴婢，奴婢这条命都是二小姐的。” 往后只听命于二小姐一人，如有背叛，就让奴婢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卫青弯身拿着她的手臂，将她拉了起来，道：“说话就跟做人一样，不要那么绝。往后把自己的后路堵死了，可怎么好？”依兰看着卫青的眼神很坚决，哽声道：“奴婢是认真的。二小姐若不嫌弃，奴婢此生跟定了二小姐，不离不弃。”这时，徐氏已经带着人进了风小院。卫青不紧不慢地从座椅上起身，走了出去，道：“把眼泪擦干净，哭哭啼啼的没法见人。” 伊兰连忙开干了泪水，敛着裙角起身，跟在卫青身后。徐氏看见卫青和伊兰出来，恨得牙痒痒，当即指着伊兰道：“这贱婢借着去厨房的空当，竟敢伺机下药谋害琼居。卫青，你最好把她交出来。”卫青讶异道：“大姐姐现在情况可好？”徐氏道：“现在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呢。我已禀明老夫人，老夫人说了，这丫鬟包藏祸心，谋害主子，打死也不为过。”卫青道：“如若真是那样，伊兰确实罪无可恕。” 正好我现在有空，不如先去给大姐姐瞧瞧，看是怎么个情况。徐氏不过随便编了个借口，可卫青会医术，他过去一瞧，不就露馅了吗？徐氏当然不会让他去，只命令自己身边的人去把依兰捉拿过来。卫青站在屋檐下，微眯着眼笑了起来，道：“母亲不让我去看大姐姐，却一口咬定是依兰下毒谋害，这种事原来都不需要证据的吗？”徐氏理直气壮道：“要什么证据？我就是证据。依兰是卫家的下人。” 我要处置他，难道还要经过你的同意不成？你最好给我让开，不然我连你一块儿处置。还不快动手！说罢，徐氏身边的婆子就朝对面走了过来。徐氏是有备而来，婆子手上操着棍子，若是卫青或者依兰不听话，先几棍子敲趴在地上再说。依兰看着那棍子以及婆子凶神恶煞的样子，一阵胆寒。他指望卫青庇护他，可是现在徐氏明目张胆的让人动手了，卫青看起来如此清瘦，怎么可能抗得过婆子？ 况且，真要是和徐氏对着干了，以后处境还要更加艰难。二小姐眼看着婆子越走越近，依兰不由惊恐地喃了一声。卫青站在她身侧，眯着的眼里无动于衷。婆子走到依兰面前，当即便举起棍子，先朝依兰身上打去。依兰吓得连忙闭紧了眼睛，尖叫一声。当事时，卫青拿住她的手腕，往自己身后一撇。依兰慢慢睁开眼时，空气仿佛凝固住了一般。 看见卫青挡在自己前面，迎面扬手接住了婆子的棍子，非常稳实地握在手心里。明明他比婆子瘦弱，却让人感觉到一股强悍而安心的力量。依兰眼圈不自觉地发红。婆子反应过来，手上用力，发现那棍子既打不下去，又抽不回来。而卫青拧在唇角的弧度看起来邪佞而森然。他云淡风轻道：“有话好好说，不成吗？非得要动手动脚？”徐氏气急败坏道：“卫青，你好大的胆子！你想干什么？” 难不成你还想还手吗？卫青不慌不忙地道：“母亲，依兰是个下人，但也是一条人命。不问清是非对错，就要把她打死，是不是太轻率了？”话音一落，徐氏还没有回答，院外就响起一道声音代为回答：“依兰卖身在卫家，就是卫家的东西。卫家怎么处置，还轮不着你这野丫头来插手。是我让人打死她的。”卫青眯着冷凝的眼看去，看见老夫人在嬷嬷的搀扶下缓缓走来。老夫人看见卫青为了一个丫鬟，竟敢跟当家主母抗衡。 虽然他极其看不惯徐氏，但是更无法容忍这种以下犯上的行为。老夫人进来时本是怒气冲冲，可是，一对上卫青的眼神时，他的眼神凉薄犹如利刃一般，顷刻就断掉了他的一截底气。依兰站在卫青身后瑟瑟发抖。现如今，夫人想处死他，老夫人也想处死他，还有他存活的余地吗？卫青挑唇笑了笑，道：“祖母和母亲认定依兰对大姐姐下毒，却又不弄清楚。” 何时下的毒，下的何种毒，还有大姐姐的身体是否有恙？确定非要这么着急的把依兰处死吗？她握着木棍往婆子那边推了推，松手时婆子往后踉跄两步，不敢再轻举妄动。卫青又道：“非要如此的话，我不拦着，依兰可以交由母亲和祖母随意处死。”依兰撑了撑眼，嘴唇都在颤抖。徐氏和老夫人面色却是松了松。然，卫青紧接着悠悠又道：“可她在魏家是东西，在我这儿却是人命。祖母和母亲不弄清楚。” 我却是要弄清楚的，毕竟人命关天，不是吗？他扬了扬眉，从依兰身边让开，打吧，打死了他。我今日正好要去替都指挥使夫人复诊，顺便请夫人做主报官立案。只有查清楚了，才知道到底是依兰谋害主子，还是魏府草菅人命。依兰怔怔的抬头看着卫青的侧脸，那侧脸轮廓如凝脂一般，十分清润银白，却浑身散发着一股不容忽视的魄力。依兰手脚还阵阵发软，可是他知道，卫青以退为进，不是要抛弃她。 老夫人才松动的面色又变得极其难看，徐氏喝道：“你少拿都只会使夫人来压我。”卫青笑笑道：“到时候事情前因后果不得不公之于众，究竟因何而起，可能大姐姐的名声就真的保不住了。所以到底是要一个丫鬟的命，还是要狄小姐的名声？这不是一个很难抉择的事情。最终老夫人勒令徐氏带着你的人回去，徐氏万分不甘，可又不得不顾及卫穷居的名声，最终只能恨然离去。” 老夫人在院里站了片刻，硬是压下火气，良久才对卫青道：“青丫头，周家是城里首屈一指的富贵人家，你是我卫家的女儿，嫁过去不会受欺负。”立威不成，只好再施软的。老夫人记得卫青刚回府那会儿，十分温顺听话，大抵他是吃软不吃硬的。卫青诧异道：“与周家定有婚约的不是大姐姐吗？秋后就要成婚了，怎的却是我嫁过去？”老夫人道：“这件事原是我与你父亲没和你说。” 琼居和周公子不合适，我与你爹都觉得你嫁过去兴许更合适些。这些年你在外受了些苦，到了周家便是享福了。言语之间，一心一意都是为卫青打算。卫青道：“既然是享福，不是大姐姐应该先享吗？”老夫人面色顿了顿，正要找说辞，听卫青又笑道：“祖母，因为我是树吗？”他那笑意温和，全无半分怨怼和不满，说出的话却一针见血。卫青若无其事地问道：“所以才觉得我怎么都无所谓？” 大姐姐是祖母的孙女，我便不是了。老夫人心口一窒，一句都答不上来，后不再多说，紧抓着王嬷嬷的手就转身走了出去。院里一时间就剩下卫青和依兰，显得有些空荡荡的。依兰终于彻底松懈，身子一瘫就跪了下去。卫青垂下眼帘看她，勾了勾嘴角道：“还好，坚持到现在没有半途下瘫，不至于给我丢人。”依兰心中百感交集，听卫青这么说，便是承认了，从今往后自己就是他的人了。 依兰泪眼汪汪的诚挚道：“奴婢是对二小姐佩服的五体投地。”魏琼居本以为，就算一时对付不了卫青，但要处决一个依兰，应该不是难事。况且还征得了老夫人的同意。可最后徐氏还是无功而返，回来大发怒火了一通。魏琼居才得知，原来卫青是以报官立案相要挟。这样一来，那日周浩欲辱他之事就瞒不住了。当然万万行不得。没想到卫青竟狡猾至私。 现在不仅处决不了依兰，还彻底的把依兰推到了卫青那边，给卫青做事。魏琼居想想，手指死死拧着锦背，蓄起来的指甲都拧断了。他和周浩的婚期被周家改成了秋后，不行，他绝对不能坐以待毙。魏琼居深刻的觉得，就算有老夫人和魏慈叔给他做主，他也必须要尽快做点什么。魏琼居又养了几日后，总算彻底缓和了过来，气色有所好转。他要上街去转转。 老夫人连她连日来神色郁郁，自然允许她出门去透透气。这丫鬟小厮仔细跟着。眼下周浩正跟几个狐朋狗友在楼里喝酒，说起魏琼居，言谈之间都是不怀好意的笑意。有人问他，这城里的第一美人滋味怎么样？周浩咂咂嘴，遗憾又猥琐的笑道：“都是丫鬟坏事，要是再迟来一步，我肯定就得了。不过婚事改成了秋后，也等不了多久了。”这时魏琼居身边的小厮就打听着找到了楼里来，请周浩去一趟。 那些纨绔子弟纷纷哄笑，拍拍周浩的肩膀，道：“美人肯定是寂寞了，想起了你的好来。”魏琼居肯主动找他，他当然高兴，便让小厮在前带路。魏琼居的马车停靠在一处僻静的巷弄里，周浩撩起车帘钻进去，果真见魏琼居端庄美丽的坐在马车内。他看见周浩，硬是强迫自己挤出一抹勉强的笑，道：“周公子。”周浩一坐上去便要搂他，手脚不安分，道：“怎么的，魏大小姐想我了？” 魏琼居一边怔了怔，一边为雨泪先流。周浩道：“美人别哭啊，哭得我心肝都碎了。”魏琼居抽噎道：“我与周公子秋后便要完婚，等完婚以后便与周公子日夜相伴。眼下周公子何必如此着急，让我落得个不好的名声？看他那梨花带雨的模样，十分我见犹怜。”魏琼居道：“我今日来找周公子是另有要事的。什么事？”魏琼居便含泪道：“你还记得我二妹吗？上次祖母寿辰时见过的。” 周浩自是记得那丫头还未长成，模样清俊，身上透着一股和魏琼居不同的韵致。若魏琼居比作出水芙蓉般娇娇嫩嫩,嫩，那魏青便应该是高山松竹不易折。阳光初出一照时，照出她的温暖明媚，实则骨子里却是冷的。周浩点头，魏琼居摄氏眼角又道：“二妹她极好，祖母常常夸她懂得医术又为人谦逊。以前她虽在外地修养，但我与她的感情极好。周公子觉得她如何？”周浩道：“她挺好的。” 魏琼居抬起迷离的泪眼，望着周浩道：“秋后我就要嫁人了，不忍与他分离，所以才来求周公子一件事。什么事？”周浩疼爱的伸手去扶魏琼居眼角的泪水，魏琼居恶心至极，却越发表现出楚楚之态。魏琼居轻声道：“我想让二妹同我一起嫁进周家，给周公子做妻妾。”周浩一愣，天底下还有这等好事？让他娶了一个城里第一美人还不止，还要娶一送一，再给他一个妾？周浩自认艳福不浅。 是求之不得呀！周浩嘴角笑歪了起来，道：“能让我娶到你就不错了，魏大人怎么还肯再嫁个女儿给我？”魏琼居忧愁道：“可我与二妹都已经商量好了呀，她也想与我一起嫁去作伴，只是祖母和父亲不肯同意，所以才来找周公子促成。二妹会医术，说不定以后用处大着呢。”这话说的，周浩心中一动。那小姑娘已经答应了，难怪老夫人寿辰那天对她关怀备至，原来是早就想投入她的怀抱啊！ 要是能在娶姐姐的同时，顺带也把妹妹娶回家，可不是好事成双吗？所以周浩心神荡漾道：“那你想我怎么促成？”魏琼居垂着眼，面上露出羞怯纯洁之态，道：“若是周公子与我二妹先成了好事，想来祖母和父亲再怎么阻挠，也无济于事了吧？”周浩瞬时明白了过来。魏琼居细细柔柔道：“就是不知周公子可能成全我们姐妹两个。”周浩妈撒着下巴，看着魏琼居这模样，实在心痒难耐，心思一转，却道。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诓我呢？上回你那般抵抗我，我以为你是不愿意嫁给我的。魏琼居咬着牙关，手里拧着香帕，抿唇道：“我愿意的，只是尚未成婚，不应如此荒唐。”周浩扑了过来，就把魏琼居香香的身子搂在怀里。魏琼居刚要挣扎，对上他垂涎的笑脸，他道：“你给我亲一下，我就相信你。”魏琼居暗自恨得咬牙切齿，面上却又不得不欲拒还迎的样子，生生让周浩连亲几口。魏琼居恶心的都快要吐了。 等周浩恋恋不舍地下了马车后，魏琼居在马车里用力地擦拭自己被他碰过的地方。就他那副无耻的样子，还想娶她？她这辈子都不可能嫁给他。魏青，等你失身于周浩以后，你总得要嫁了吧？你让我险些失身，我也会千百倍的偿还给你。星号星号星号，老夫人觉得这家里诸多不顺，决定明日带着家里的人去寺庙里进香。魏青也在其列。是夜，依兰拿了晚饭回风小院，刚一放下，便迫不及待地对魏青道。 二小姐，奴婢方才看见大小姐了，嗯，就她一个人，身边竟没带个把丫鬟，十分奇怪。依兰道，奴婢看她鬼鬼祟祟，怕被人发现一般，匆匆忙忙的往西院那边去了。卫青看他一眼，不置可否。依兰道，可西院那边没住人啊，那边就是马厩了。大晚上的，大小姐去那边做什么？她自己琢磨了一会儿，又不确定道，明日要随老夫人去寺庙，免不了要坐马车的，她是不是去马厩里对马动手脚啊？ 这样一来，明日要是二小姐坐马车出了神妖意外，可不就害了二小姐吗？依兰越想越觉得是这么一回事。卫青好笑道：“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依兰正色道：“不行，奴婢得悄悄跟过去看一看。若是她真动了手脚，二小姐也好心里有个数。”说着，她转身就又往外面走。卫青在身后悠悠道：“你就不怕这一去落了单，结果有去无回吗？”依兰顿了顿，道：“奴婢会小心一些的。”还没跨出门口，就听身后座椅推动的声音。 依兰回头去看卫青，懒洋洋的推开椅子，起身道、哦：“就当是夜里散的不好了。”卫青跟他一起去，依兰心里顿时底气很足。西院这边下人很少，马厩里管马的小厮打扫了马厩，被绑了马以后就回去休息了。此时马厩里安静的很，只偶尔听到几声马发出的躁动不安的粗哼。马厩里一片昏暗，连盏灯都没有，只有夜空中铺下一层淡淡的流萤月色，描摹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卫青和依兰进了马厩，刚来得及往前走了几步，哪想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个黑影，却不是窜向卫青的，而是窜到依兰身后，一张进了迷药的湿帕子顿时捂住依兰的口鼻。卫青转身之时，看见依兰挣扎了两下，就昏迷了过去。他眯了眯眼，看着眼前这个五晕依兰的人，眼底里落下些许月色，却是微微闪烁着银冷的寒芒。周浩对卫青笑嘻,嘻嘻道：“二小姐，别来无恙啊。”卫青一笑了笑。 道，原来是周公子。方才我的丫鬟说看见大姐姐往这边来了，原来是周公子与大姐姐在此处约会吗？他四下扫视了一眼，大姐姐人呢？魏琼居刻意让伊兰起疑，又刻意把卫青引到这马厩里来，岂会甘心这么轻易离去？他可要亲眼看看卫青被凌辱呢。而周浩手里的迷药湿帕子也是魏琼居让他准备的，倒是若卫青醒着，怕弄出动静来，引来了魏家其他人中途阻止，便功亏一篑了。所以最好先把卫青弄晕。 然后再由他为所欲为，等到好事成后，明日再禀报给老夫人和魏慈叔，这件事便无可推脱了。周浩深以为然，上次不就是有人中途阻止来坏他好事吗？周浩上下打量着魏青，闲笑道：“你我难得有机会再次相见，要什么大姐姐呀？我竟看不出来，原来你对我也是有意的。”魏青嘴角勾着一抹温然而又邪佞的笑意，转身不急不忙的朝马厩的大门走去，边道：“是大姐姐与你这样说的吗？”周浩见状，以为他要走。 毕竟是个大户人家的小姐，都知道深夜与男子幽会乃大忌。可到嘴的肥肉，她哪肯就这么放过？连忙就快步跟上去，抬起手里的迷药湿帕子就往卫青口鼻捂去。然而还没沾到卫青的脸，周浩的手腕便猛地被卫青擒住。周浩才发现，这丫头力气居然大的出奇。卫青侧目看他时，眼里平无波澜，却端的让周浩感觉到一股寒气顺着他的脚底往上爬。 紧接着，卫青曲肘便利落的抵在了周浩的手肘窝里，周浩吃痛来不及反应，手腕便被卫青死死碾在旁边的墙上。卫青弄痛他了，那墙壁青砖粗糙的很，磨破了周浩手上的皮肉。周浩哪里吃过这种亏，非常惊愕，又很恼怒，道：“没想到你这黄毛丫头劲儿这么大，还不快放手！”卫青笑了笑，道：“周公子这点能耐可不行啊。” 他轻巧地拿走了周浩手上的湿帕子，随即反手把他手臂往背后一拧，听得手臂骨骼咔嚓作响，周浩痛叫一声，就被卫青推得往前踉跄几步。周浩愤怒地回过头来，顿时心沉了沉，看见卫青不急不忙地给马厩的大门合上，然后上了栓。原来他不是想要走，他竟然是要把马厩锁上的。周浩本以为卫青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很好得逞，却没想到他居然制服不了他。卫青扶了扶裙角，随即清淡地抬脚朝周浩走来。 周浩出口便道：“你你想干什么？”卫青停了停脚步，脸上依然是不变的温煦和善的笑容，道：“这话不是该我问周公子吗？没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你弄晕了我的丫鬟，我得与你好好谈谈。”周浩咽了咽口水，捂着自己一条被卫青给拧脱了臼的手臂，又往后退了两步。卫青低头看着手里的这块湿帕子，漫不经心又道：“大姐姐今夜穿的白裙子不太好藏身，月光一照下来，容易反光啊，裙角都露在外面了。” 随着卫青话音一落，那角落里动了动，随着白色的裙角敛了敛。卫琼居见藏不住了，半晌还是从角落里缓缓走了出来。卫琼居也没有想到，周浩不仅没能弄晕卫青，反倒被卫青给制住了。卫青看了卫琼居一眼，便与周浩笑说：“我大姐姐还与你说些什么了？”未等周浩回答，卫琼居便先脱口说道：“周公子，他只是在拖延时间。” 今日若是让他完好无损的回去，叫祖母和父亲发现你深夜偷偷潜进魏府欲行不轨，我父亲便会认为你品行不端，说不定都不会同意把我嫁给你了。周浩粗粗一想，是这么一个道理，那不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吗？魏琼居沉了沉柔美的嗓音，死死盯着魏青，道：“周公子今晚必须让他无话可说才好。”或许周浩觉得这魏青只是力气大一点罢了，先前是他疏于防备，所以才被他占了上风。他好歹也是混迹市井已久的。 岂会连个女人都打不过？因而周浩咬了咬腮帮子，就主动朝卫青冲了过去。他要专往卫青头上打，要把他敲晕，可别指望他会对他留情，非得给他点厉害尝尝才行。结果卫青微微一侧身，就叫周浩扑了个空。卫青抬脚就往他背后踹了一脚。卫琼居瞪大了眼，眼睁睁的看着周浩在卫青的手上才是毫无缚鸡之力的那一个。没想到周浩半点胜算都没有，反而被卫青逗得团团转，却不急于一时结束这场游戏。 魏琼居身体开始颤抖起来，贴着墙壁，感觉到一股侵入皮肤的寒意。他从没见过魏青动手，更不知道原来他竟然会功夫。魏青气息分毫不乱，连带喘息一下都没有，一边遛着周浩，一边不忘抬起眼悠悠的看向魏琼居，道：“大姐姐是不是还与你说，我也想嫁到周家去？嗯，她跟你说怕家里人不肯，所以才想出了这个办法来。”周浩浑身都痛，不住抽泣唏嘘。魏青揪着他的领子，把他从地上提了起来，声音又轻又缓。 却能精准地钻进周浩和魏琼居两人的耳朵里，道：“可是周公子有所不知，现在魏家上下正绞尽脑汁想摆脱你这门婚事呢。我不过只是个替补的，真要让你和我扯上了关系，这城中第一美人你可就娶不到喽。”周浩艰难地抬起头，看着墙边的魏琼居，头上青筋直跳，不知是痛的还是气的，问：“是这样吗？”魏琼居倒抽一口凉气，慌乱地摇头：“不是这样的，他是骗你的。” 卫青把湿帕子丢在了周浩面前，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脑袋，道：“做事多动动脑子，少听听谗言。美人通常对你投怀送抱、娇声软语的时候，十有八九是忽悠你的。你不知道自己什么德性吗？大姐姐会看上你？”周浩趴在地上喘了几口气，然后伸手去握住那块湿帕子，慢慢的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深知自己哪是卫青的对手，方才浑身完好时也不能把这帕子捂去卫青的口鼻，更不要说现在。 他抬起头看着墙边的魏琼居，一身白裙像躲出水白莲般，在风中瑟瑟颤抖。他抬起脚步，就朝魏琼居一步一步走了过去。没办法，一次娶俩，可不能把这城里的第一美人给弄丢了呀。就算魏家不承认这门婚事，他也要先尝过了再说。这个女人居然敢骗他，还说什么姐妹情深，要同嫁作伴。魏青但凡是对他有一丁点的好感，至于把他揍成这样吗？ 难怪要他准备这沾了迷药的湿帕子，原来不是怕弄出动静有人来阻止，而是怕卫青会反抗。周浩这会儿意识到无比清醒，才觉察出种种端倪来，深刻的觉得卫青所说不无道理。卫琼居看见周浩朝他走来，浑身颤抖的更凶了一些，美丽的脸上发白，浮上惊恐的表情。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卫琼居从旁边就想要逃，只是周浩突然有了力气，先一步堵了上去，拦住了他的去路。 方才他不应该为了贪图一时痛快，想看卫青被凌辱而留在了这里。他一早就应该离开的，可是现在已经晚了，他逃不掉，只能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为了避免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情，这匕首是他早就准备好防身的。魏琼居拔掉了刀鞘，就颤抖着握在手里，对着周浩恐惧道：“你不要再过来了，否则我……”周浩抽着嘴角，摸了摸脸上火辣辣的淤青，豁出去了，道：“否则你就怎样？连刀都拿不稳，你还想杀我吗？” 卫青若无其事地把地上晕倒的依兰捞起来，走到大门边，拨开了门栓。走出去之前，回头看了一眼，见周浩抓住魏琼居拿着匕首的手，紧接着就压了上去。卫青面上表情清淡如水，还是很好心地帮他们合上了大门。魏琼居拼命挣扎，在周浩拿着湿帕子就捂住他的口鼻时，他手上匕首控制不住乱挥乱舞，哪想碰巧就斩断了木桩上拴马的绳子。只是魏琼居没挣扎两下就晕了过去，而周浩对此毫无察觉。 周浩见终于把魏琼居弄晕了，就将他拖去喂马用的槽垛子上，开始手忙脚乱的解自己衣服。这马厩里拴着的马本就躁动不安，在马绳断裂后就从里面跑了出来，直直就朝背对着的周浩冲了过去。卫青带着依兰离开马厩后，凭他的体力也无法直接把人扛回风小院，遂找了平坦的地方将人放下，取出银针给依兰扎了几针，他才迷迷糊糊的醒转过来。依兰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发现自己已经躺在马厩外面，不由茫然道。 二小姐，我们方才不是进了马厩吗？卫青拉了他一把，走在前面走了，回去睡觉了。依兰还有些头昏脑重的，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感觉自己在晕过去的那一刻，好像有人从后面捂住了他的嘴巴鼻子。但卫青什么也不说，依兰跟在后面想了想，便也没再多问。回到风小院后，卫青全然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般，照常睡觉。卫青也不是个惹是生非的人，只不过是别人敬他一尺，他还别人一丈。卫家把他从乡下接回来。 不曾与他说一声，更不曾问过他一句，便要将他替嫁到周家去。为了达到目的，不惜设计想毁他清白，让他声名狼藉。这种事来一次就够了，还来两次？呵，指望卫青去同情卫琼居吗？自己酿造的苦果，自己吃不了也要兜着走。到半夜的时候，魏家一反往日的安宁，全府上下灯火通明，所有人都被吵醒了来。封小院也不例外，家仆闯进封小院，把卫青和依兰带到了前院。 前院里一片混乱，没想到周家的人也连夜到这里来了。听说是马厩里出了事，马匹从马厩里跑出来了，结果伤到了周浩。具体伤到了何处，周浩被周家的人抬回去时，只见鲜血淋漓，奄奄一息。他衣服还是松散的，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没想到那马厩里有匹发狂的公马，魏穷居的匕首不小心斩断了套着公马的绳子，公马跑出来，看见周浩就骑上去一阵踩踏，几乎倒得他肠穿肚烂。 当时魏琼居被他压在身下，反而捡回了一条命，但也受不住惊吓，加上迷药的劲儿，晕死了过去。周浩在魏家搞成了这样，周家人岂会善罢甘休？大半夜的，周夫人又哭又好，十分凄厉。这时魏琼居醒了，疯了一般，颤手指着魏青，又惊恐又恨极，嘶声道：“是他，都是他，是他把周公子害成了这样。”魏慈叔气得吐血，又想尽快平息这场事端，给周家一个交代，当即快步过来，挥起衣袖。 扬起巴掌，用足了力气，狠狠朝卫青扇来，骂道：“孽种，竟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为父今日就废了你！”当时卫青就定定地站在那里，平静的眼神里连一丝闪躲都没有。火光下，那一巴掌倒映在卫青眼里，越来越近，咫尺间却猛然顿住。魏慈叔撑了撑眼，见卫青抬头直勾勾的盯着他，手里截住的正是他的手。 他手指用力扣着魏慈叔的手腕静脉，使得魏慈叔手臂禁不住的痉挛抽搐，泛开一股痛麻之意。所有人都抽了一口气，瞧着眼前这一幕，回不过神。徐氏率先反应过来，怒极道：“魏青，你好大的胆子，现在居然敢跟你父亲动手了！”魏青开口，一字一顿道：“父亲不问事实，不分青红皂白，便要拿我问罪吗？但是不好意思，我魏青不做这个冤大头。”魏慈叔神色变幻复杂，既有震惊，愤怒。 就有对卫青这个女儿的极度陌生，他扣住她手的时候，她竟然动弹不得。他的眼神、他的语气和神态，就连曾在金贵倔强的妙兰身上，魏慈叔也不曾见过分毫。这个敢拦他、敢冷静出言的人，还是他的女儿吗？这样一来，反倒显得魏慈叔心虚，想要掩盖事实。魏琼居不管不顾的尖叫道：“就是他，就是他！”卫青道：“周家这么多看着。” 父亲还请公正严明一点，不要再随随便便,便把别人推出去堵悠悠众口。说罢，他松开了手，后退一步。魏慈叔心头震惊，跳得厉害。直到今天，他和老夫人都意识过来，或许打从一开始接卫青回来就是一个错误。这不是五年前那个哭得凄惨求卫家收留的女孩，卫家根本掌控不住她。卫青侧头看着魏琼居，讥诮道：“大姐姐哪只眼睛看见是我？” 入夜过后，我足不出院，在房中睡觉，直到出事后才被人叫醒了来。你到底凭什么咬定是我？说着，卫青回头看了一眼周家夫妇以及诸位周家叔伯，又道：深更半夜，周公子若是没人放进府里，恐怕没法出现在马厩中吧？我若没记错的话，被周公子压在下面的人好像是大姐姐，那斩断马绳的匕首也在大姐姐手上。大姐姐与周公子深夜幽会于此，关我何事了？大家在马厩里就只发现了魏琼居和周浩，根本没发现第三个人。 而且魏琼居和周浩的纠葛，到底是半夜幽会，还是因为上次的事情怀恨在心，谁也说不清楚。周家的人指认在现场的魏琼居，况且魏琼居是嫡女，抓住她难道还不比抓住一个庶女强？当晚周浩被带回去救治，而周家人在魏家闹到天亮还不肯离开，事态闹得如此严重，魏琼居一人承担不下，两眼一翻就又晕了过去。最后魏慈叔忍无可忍，叫来衙门官差，才暂且把事情平息下去。 大半晚上没歇，人人都闹得心力交瘁。依兰随卫青回到了风小院，虽然半晚上没睡，可此时半点睡意也没有。他不知道昨晚周浩还在马厩里，更不知昨晚具体发生过什么。但他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平白无故晕倒的。突然从后面窜出来捂晕他的人，定然是周浩。依兰不敢往下想，若是卫青没有与他一起，而是他一个人去的那马厩，会是个什么后果？依兰当然不会傻到往坑里跳。 最后来老夫人和魏慈叔盘问他时，他绝口不提昨晚发生的事。朝阳在天边绚烂的云霞的衬托下姗姗来迟，金色的光线度量了房梁和屋檐，也度量了卫青缓缓走向屋门前的身影。他站在门前，抬手推门时顿了顿，与依兰道：“以后放机景点，明天起我教你格斗术。”格斗术，依兰十分陌生。卫青已然进门去，淡淡道：“往后谁敢来阴的，反应快点，给我弄他。” 周浩被抬回周家以后，城里能请的大夫都第一时间去请了过来。一时房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药味和沉沉死气。大夫见了周浩的症状，都叹息摇头。周夫人想死的心都有了，坐在周浩床边哭成泪人。中途周浩清醒过两次，像个迷糊孩子一般，带着惊惶看着周氏道：“娘，我下半身是不是没有了？”他感受过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过后，这会儿痛劲儿过去，他几乎已经麻木了。但是周氏怎能让他看见自己这样的惨状？ 周氏拭泪安慰道：“大夫刚刚说过，我儿好好休息，会好起来的。”魏家听说周浩醒了，深知不能继续被动下去。魏琼居一口指认是魏青干的，只要得到周浩的证实，对于魏家来说便是转机，大可处置魏青以解决此事。但此时周家是痛恨魏家的人，哪肯让他们进周家大门？因而是老夫人亲自前来的，可彰显分量和对此事的重视。周氏也急于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当着老夫人的面便问。 我儿，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跟娘说，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他要弄清楚事实，才能知道谁是凶手，应该收拾谁。周浩脸色灰白，良久才喘上来一口气，恨声悠悠道：“都是魏琼居那个贱人，她不想嫁给我，所以设计害我。”老夫人面色微白，闭了闭眼，深吸了一口气。周氏含泪道：“娘知道了，娘知道了，你放心，娘一定不让那个贱人好过。”老夫人还试图想挽回些什么。 问周浩，可听琼居说是卫青干的。周公子昨夜可见过卫青？周浩昏昏沉沉，片刻却道没见过，都是魏穷居干的。那个女人蛇蝎心肠，万分歹毒。他们魏家没一个好东西。周夫人回头看着老夫人，咬牙切齿道：“魏老夫人，现在可听清楚了？明明是魏家嫡女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如今还想推出一个庶女来搪塞？不要脸的人我见多了，但却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一家子。”老夫人气急，可自知理亏。 最终也辩驳不上来。魏家自诩书香门楣，然现在竟然被一个商贾之父给瞧不起。可周浩毕竟是在魏家马厩里出的事，魏慈叔还没有到只手遮天的地步。真要闹大了，对魏家绝对没有好处。以前魏慈叔为博名声，就对外宣称官若犯法，与庶民同罪。眼下真的事到临头了，又该如何自处？老夫人回到魏家以后，刚一进门，便抵不住暑气和心里的郁气，也晕了过去。魏家可谓是乱成了一锅粥。老夫人醒后，对魏慈叔道。 这件事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了，也管不了了。事到如今，若是周家死咬着不放，他们还能护住魏琼居吗？而魏琼居昨晚晕过去过后，到现在都还没醒呢。依兰从前庭匆匆跑回风小院，道：“二小姐，老夫人去过周家了，回来就晕倒了。”随后，魏大人就着人送了不少的名贵药材过去。魏青挑了挑眉，老夫人从周家回来后，竟没来找他算账。魏慈叔不是恨不得立马把他推出去挡罪吗？看来。 周浩还是没把他出现在马厩里的事给供出来呀！卫青揍了他，还把他的一只手臂给卸脱臼了。可是这点伤和周浩最后所遭受的一切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想必周浩心里清楚，卫家是袒护卫琼居那个嫡女的，卫青只不过是个庶女。若是知道当时卫青也在，那卫家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舍弃卫青来保卫琼居。嫡女庶女只能选一个，周浩和周夫人一样，一定会选嫡女。毕竟卫琼居才是他未过门的未婚妻。 也是魏琼居想摆脱这门婚姻，才安排了这一切。伊兰好奇道：“不知道老夫人去周家都听到了些什么？”魏青道：“周浩人虽坏了，但关键时候脑子还没坏。周浩在周家只坚持了两天，就快要不行了。周夫人心中漫起滔天恨意，魏家把他儿子害惨成这样，他也不会让那魏琼居好过。不想嫁人，周夫人偏要她嫁，哪怕她嫁给一个鬼，进门就守活寡。” 于是周夫人愿意与魏家好生解决这件事。现在周浩危在旦夕，要魏家立刻把魏琼居嫁过周家去冲喜，时间就定在三天以后。准备起来非常匆忙，但无可奈何。周浩等不了太久，这对于徐氏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期间，魏慈叔和老夫人都到魏琼居的院里来看过。魏琼居一直昏迷着，脸色雪白，整个人消瘦了一大圈，像是极度受到了惊吓的样子。眼下人没醒，魏慈叔和老夫人就是有心责怪，也无从怪起。 她这副样子，还怎么嫁去魏家冲喜？遂魏慈叔想了想，当即下令，派家奴把封小院看守起来，半步也不许魏青踏出院门。魏慈叔亲自走进院里来时，魏青笑笑，一派云淡风轻。他道：“大姐姐犯了事，看来爹还是决定要牺牲我呀。”魏慈叔一脸无情的神色，看着魏青道：“你大姐姐受惊过度，生病卧床，周家急需有人嫁过去冲喜，她现在昏迷不醒，起不来，只能由你代替着嫁过去。”魏青道。 爹就不怕周家的人彻底翻脸吗？周家的门你一进了，以后便是周家的媳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万没有反悔的道理。穷居病魔缠身，他现在的状况无法冲洗，反而可能会加重周浩的伤情，而你又会医术，还能帮衬周浩几分，想来周家能够理解。卫青点点头，道：“爹连说辞都想好了，也是大姐姐是卫家优秀的女儿，是万不能让她嫁过去守活寡的，所以就得我去。”魏慈叔铁青着脸到道：“事到如今。” 已经由不得你，你若安分待嫁，到时必让你嫁得风风光光；你若不安分，今日起院里断粮断水，直到你想通为止。就是卫青想不通，等到出嫁那天，他两三日滴水未沾，那也毫无挣扎之力，只得任由自己被丢进花轿里送到周家去。卫慈叔说罢，不再给卫青反驳的机会，转身就离去。卫青看着他的背影，神情不变。到了中午，依兰尝试着想去外面拿午饭，守在院外的仆人半步也不让他出去。 果真如魏慈叔所说，断粮断水，断到他什么时候想通为止。依兰回来，忧心忡忡地道：“这次魏大人是铁了心的，二小姐现在应该怎么办？”魏青若无其事地坐在座椅上，有些懒散地靠着椅背，翘着一条腿放在膝上，手指悠闲地敲着桌面，丝毫不慌。还能怎么办？先把肚子填饱再说。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是想不通的？依兰，二小姐同意嫁了。魏青笑了笑，道：“同意呀、啊。”魏慈叔压根没想到，才饿魏青一顿。 他居然这么快就同意安心代价了，他以为他还会稍稍有点骨气，多挨几顿呢。不过为了避免他逃跑，风小院内外的把手却分毫未松，卫青一举一动都在仆人的监视之内。时间仓促，徐氏负责张罗婚事，得知卫青终于肯乖乖的嫁了，他和老夫人都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别说周浩活着的时候不可能把魏琼居嫁过去，现在只剩吊着一口气，就更加不能了。 反正红布盖头一盖下来，等进到周家拜完了堂，才发现嫁的是卫青，那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到时候再说，卫琼居病魔缠身，尚未苏醒，再请周家的人过来一看，真是如此，这件事也就尘埃落定了。给周浩冲喜刻不容缓，周家又不能容许一个病中昏睡的女人来冲喜，否则可能害上加害，所以只能认栽。打着这样的主意，徐氏是通体舒泰，老夫人也不头晕脑胀了。关键是这次卫青还十分配合。 在这期间，魏琼九基本都待在自己的院里，不怎么露面。就连魏琼居出了那么大的事，他也没出来多走动。魏家人人手忙脚乱，当然想不起他。正值紧要时候，他当然要尽可能的抹杀自己的存在感，否则魏青出嫁不成，大家的注意力可能就会转移到他的身上来了。魏青最后还是要嫁去周家，魏琼九还指望他能在魏家多待些时候，把这家里搅的再乱些呢。 不过现在嫁去也好，魏琼九只要一想起那日殷都督到魏家来主动去找魏青的事，心里就非常的不舒服。魏青要是嫁了，就和那个人再也没有关系了吧？魏琼九满心想的都是殷景，他那整洁的官帽下干净温敏的眉眼和那丰神俊朗的轮廓，平易随和到能包容世间万物，却又无一物能镌刻进他的眼底。将来若是有一个人能被他收进眼底，那会是一番怎样的光景？他希望终有一天，他眼里的影子是自己。 徐氏虽然张罗卫青的婚事，但要他给卫青备丰厚的嫁妆，那是不可能的。嫁妆的台数看起来虽多，可多是占地方却不怎么值钱的东西。这时，卫青提出了一个条件，要他安然出嫁可以，但是他的嫁妆里要包含所有他娘当初的遗物。要知道，当初妙兰出嫁时抬来的嫁妆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为此，老夫人和徐氏特地来封小院与卫青商量。徐氏上来就劈头盖脸道。 你娘嫁来魏家那么多年，那些嫁妆早就花光了，现在还能有什么钱留给你？我给你准备的那么多嫁妆，还不是看在往日的情分上？魏青抿了口茶，温然道：“啊，那母亲还是不要顾什么往日情分了，让大姐姐去嫁，母亲便一分嫁妆也不用为我准备了。”徐氏脸色涨红，正要发飙，老夫人瞪她一眼。这个节骨眼上，好不容易魏青同意嫁人了，还想吵吵闹闹,闹多生事端？老夫人一开始就打定主意，也叮嘱过徐氏。 尽量还是顺着卫青来。老夫人和蔼道：“青丫头，你娘过去已经多年，却是真的没留下多少东西。不如你看看你母亲备的这些嫁妆，还差些什么？回头祖母给你添。”卫青笑眯眯道：“怎会没有多少东西呢？我娘房里的一套贵重家具，玉翠屏风、檀木床、八宝妆盒、琉璃妆台，还有内造首饰等等，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吗？”老夫人面色一顿，心有不快，却不能说什么。卫青又道：“还有啊。” 当初我娘出嫁时，我外公陪嫁的良田铺子、山庄美宅，这些也都人间蒸发了吗？此话一出，老夫人已是脸色大变。她如何知道的这些？不等老夫人说话，徐氏已经抢先横声道：“那些都是京城里的东西。老爷因为你娘的娘家或是牵连被贬，那些东西早就变卖了胡家了，哪还剩什么良田铺子、山庄美宅？”卫青道：“哦，那变卖的话，总得有银子吧？既然我娘早就被卫家给修逐了，那那些东西便不是卫家的。” 现在我出嫁，继承我娘的嫁妆，不是很应该吗？当年他是少不更事，可妙兰见妙家不保，害怕他将来受欺凌，将自己名下财产悉数报与他。听过，还指望依靠那些东西能保证卫青一辈子衣食无忧。可是他一去，那些那些田产地契就被卫家人给占为己有。老夫人沉吟片刻，直截了当地问：“你要多少钱？”卫青早将这个时代的物价估算了一下，道：“十万两银子，不过分吧？”徐氏当场就怒了，张口就要十万两。 你怎么不去抢？既然谈不拢，索性翻脸，又冷笑。我原还想与你好好谈的，如今看来，怕是谈不成了。别说十万两，一个子儿我都不会给你。如今嫁不嫁不由你，你现在要是不同意，就饿你两天，你也没办法，不是？老夫人没开口，当是默认。卫青笑笑道，饿我两天，事后我不将周家搞得乌烟瘴气，周家不来找你们算账呢？ 我是魏家塞过去的人，一言一行都与魏家脱不了关系。反正我爹是大名鼎鼎的参政，名声显赫的很，我怕什么呢？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是我出嫁前的这两天里，能不能安安顺顺的过去，还是个未知数啊。房里空气一度很是压抑，老夫人和徐氏脸色相当难看。要么十万两银子，要要把以前魏家吞进去的东西全部吐出来，否则就算魏青嫁了，也会让他们不得安宁。徐氏当然恨不得魏青嫁，可是嫁他一个，这得有多大的损失？ 这时，徐氏只好退而求其次，终于想起了魏琼九来，恨恨对魏青道：“你以为魏家就你一个女儿吗？金贵的不得了，你不嫁，自然还有人愿意嫁，到时候你打哪儿来就回哪儿去，一辈子待在乡下等死吧。”说罢，徐氏就气冲冲的扬长而去。可回头到魏琼九那里一问，还真是不巧，魏琼九也病下了，而且还浑身出疹子，大夫来诊断过后，认为可能是天花，魏家人谈之色变。 魏琼九得了天花，那可怎么得了？他不仅不能代嫁去周家，而且这病还会传染的。于是老夫人立刻下令封锁魏琼九的院子，他的衣食用具等全部与外面的人隔绝开来。最后目标却又不得不调转回魏青这里来。眼下除了他，魏家还真没有第二个可以出嫁的女儿了。十万两银子当然不可能给魏青，老夫人无法，只好郁郁的把房里妙兰曾用过的玉翠屏风和檀木床搬出来。这两样东西她是真喜欢。 玉翠屏风上的玉坠和沙画都是十分精致的上等货色，而那檀木床静心凝神还能防蚊虫，这么多年来就是老太太的心头爱。老夫人还勒令徐氏把她和魏琼居房里的梳妆台、妆盒以及首饰等全部拿出来交还给魏青。徐氏纵然万分不愿，可也不得不照做。不光如此，还有妙兰在京城里陪嫁的铺子、庄子,子等，若是拿不出地契，就得折算成银子。徐氏是咬碎了银牙，把一张张地契交到魏青手上。 老夫人适时说道：“青丫头，你还小，这些产业就是交到你手上，没有人脉，也不知怎么打理。那些铺子暂且就还照常经营着，每年按照盈亏给你分红，绝对不会少了你的。”徐氏脸色有所缓和，姜还是老的辣，具体分多少红，还不是看盈利多少？到时候只要跟卫青说盈利少，随便打发他几个钱，还得看卫家这边的心情。妙兰的那些产业，自从徐氏拿到手里以后，就一直交给徐家在打理。 毕竟徐家一直是做生意的，熟门熟路一些。卫青要想仅凭地契就把铺子收回去不太容易，徐家人怎么可能把吃到嘴里的肉又吐出来？卫青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拿到了地契便是拿到了一份凭证，总有派得上用场的时候。所以老夫人说铺子暂且还由卫家经营，卫青也没有反对。谁叫他现在手还伸不到京城去呢？ 在确认地契的真伪后，卫青把东西都清点妥当。这时，老夫人又进一步道：“你嫁去周家以后，必是锦衣玉食，吃穿不愁。这些东西又笨重难抬，抬到周家去也不一定用得上，不如就摆放在你这院里，以后有空回来住便是了。”哈，摆放在他院里，他真要嫁出去了，以后他还有机会回来吗？就算有机会回来，这些东西又还在吗？徐氏跟着点头道：“就是，嫁过去就跟搬什么似的，恨不得把这家里搬空，这像什么话？”卫青回头看向老夫人。 道：“祖母说的十分有道理。”老夫人神色亲切，就留在家里，以后回来还能再用，这样两头都不缺，甚好。卫青一本正经道：“可这些是我娘的遗物，我自然是要还给她的。”徐氏尖利道：“你那娘都死了好几年了，怎么还？”卫青笑了笑，道：“当然是烧给她呀。”老夫人和徐氏闻言，一脸的震惊和不可置信。随即，卫青竟真的把妙兰的牌位搬了出来，然后当着老夫人和徐氏的面，将他娘的遗物一把大火。 在院子里化成了灰烬。当时老夫人和徐氏的脸色千变万化，非常精彩。徐氏忍不住开口叫骂道：“卫青，你疯了！你要回这些东西，居然是要烧给一个死人？”火光之下，卫青双眼平静无波，只于绯红的光芒在闪烁，若无其事道：“祖母说这些东西笨重难抬，我去周家确实可能用不上，所以烧去阴间给我娘用，应该是物归原主吧。”老夫人深刻的觉得，他又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喜爱的玉翠屏风和檀木床燃起了大火，发出一阵阵烧焦的木香。他杵着拐杖，身心疲惫地转身回去了。再要和卫青待下去，他可能会折寿好几年。等徐氏也怒气冲冲地离开以后，依兰才忍不住问：“这些都是妙夫人生前用过的贵重东西，老夫人都同意还给二小姐了，二小姐为何还要烧掉呢？”卫青扯了扯唇角，道：“因为带不走，也不可能留下来给别人继续使用，那样他会很不爽。” 所以，就算暴殄天,天物，这些东西要留他，也只会留给卫家人一捧灰。依兰疑惑，这些都已经是卫青的嫁妆了，就算再笨重难抬了一些，只要他愿意，他也依然可以抬去周家的。依兰刚想开口问，继而意识到什么，又闭上了口。除非卫青根本就没打算嫁到卫家去。两三天的时间一晃而过，出嫁这日，卫青被披上嫁衣，对坐镜前，画上妆容，头戴步摇金冠，嫁衣和发饰都整理得十分妥帖。 伊兰站在他身后，看的是一愣一愣的。卫青只有十三岁，比卫琼居小，可是这身嫁衣穿在他身上，竟被他撑出不一样的气场。那纯正的大红色嫁衣与口脂相得益彰，金色珠帘红玉垂于额间，有种冷艳而不可侵犯的美丽。卫青若无其事道：“愣什么？我娘曾是京中第一美人，我稍稍拾掇一下，难道不应该好看一点？”伊兰笑道：“肯定是应该的。” 随后，红盖头一盖下来，将外界隔绝，视野便缩小到只有脚下这一小块地方。城里这两天讨论的最热烈的，莫过于周家独子奄奄一息，魏家千金出嫁冲喜这一事了。大家都以为这次出嫁的是魏家的嫡女魏琼居，不由调侃魏大人真是舍得。而魏琼居对她那纨绔未婚夫真是情深意重。云云。同时，令城中百姓们唏嘘的还有另一件事：大都督来了这里视察过后，城里经常有锦衣卫和士兵调动。 短短一个月不到，这行省十三州内已经有数名官员落马。锦衣卫做事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不仅严刑逼供，还花样繁多。若是顺从者，还有可能押解回京，在听候处置；而反抗者，则是血洗满门，全家老小无一放过。有人说大都督此番前来是查处这些贪官污吏的，也有人说大都督是借着机会来铲除一党的。英锦这几日确实不在城里，而他回来的这一天，正好碰上魏家嫁女儿、啊。 樱井坐在马车里，手上徐徐翻着新得来的一份供词，上面落了一道道的画押血印，泛出丝丝微末的血腥味。他低着眼帘，细长的眼梢俯视往下微弯成弧，神色清淡若无。一名锦衣卫从偏道打马出来，走在马车旁边，禀道：“大都督，今日为大人嫁女，原本出嫁的应该是魏家嫡女，但是魏家送上花轿的却变成了二小姐。周家独子不行了，她是被嫁过去冲喜的。”锦衣卫在这城里无处不在。 且耳目发达，魏家的那点事根本瞒不过他们。这些锦衣卫对卫青还是比较熟悉的，殷景亲自送过他回家，也在都指挥使府上相聚过数次，故而觉得这件事应该向他禀报一下。结果锦衣卫禀完，马车里半晌不见殷景有回应，锦衣卫不由唤了一声：“大都督。”殷景头也没抬一下：“你说这些是想我去抢亲，还是送礼？”锦衣卫默然，抽筋扒皮杀人满门的事做多了，偶尔做做强抢民女之类的也是可以的嘛。 况且好不容易遇到个对大都督胃口的，在这之前，锦衣卫从没见殷锦和哪个女子走的这般近，还这么有耐性的。但见殷锦无甚表示，锦衣卫只好作罢。魏家门前敲锣打鼓，喜气连连。魏家一大家子人送到门口，眼睁睁地看着魏青上花轿，又眼睁睁地看着迎亲队伍走出了巷子，终于暗自松了一口气。很奇怪，那种心情不是魏家送女，反而像是送走了一尊大佛一般。 卫青这一出嫁，卫琼居与周家的婚事总算是彻底没影了，而卫家也总算可以清静消停下来了。眼下迎亲队伍走在街上，引来不少百姓围观。喜轿一边是喜婆挥着手帕高声吆喝，一边是依兰作为陪嫁丫鬟叠着手安静跟随，而卫青则坐在喜轿内，手里若无其事地掂着几块碎石。这行省州城的街上相当繁华，不光只有迎亲的队伍，还有来往的行人与车马等。遇到对面有车马经过时，须得缓慢通行。 依兰一双眼睛眨也不眨，紧紧盯着前方的路，时不时提醒卫青到了哪条街，对面有多少车马行来。但卫青始终不置一词，依兰不由着急了，贴着喜轿的帘子，咬着唇语里面的卫青道：“二小姐，再耽搁下去，就快到周家了，到时想跑也跑不了了呀。”卫青不慌不忙道：“我没记错的话，前面不是还有个十字路口？”不多时，卫青所说的那个十字路口就缓缓呈现在了迎亲队伍的视野里。 十字路口交通繁忙，从各方都有车马和百姓往来，因而最是好混淆耳目，也最方便卫青脱身。这时，另一队人马也正经过十字路口，从另一个方向来，正好给了卫青一个很好的掩护。远远看去，那队人马中间拥着一辆马车，他们所走的方向是从城门那边来的，应该是大户人家外出后回城的吧。可是随着距离越来越近，伊兰就感觉到不对了，他隐隐看清那些人的轮廓。 只见各个,个身着锦衣，腰佩长刀，中间悠悠行驶的那辆马车，隐隐贵不可言。顿时就对卫青道：“二小姐，等一等。”对方来的人好像是，好像是，好像是官家的人。但是他们的装扮明显不是一般的衙门差役。依兰只在当初大都督到卫府时见到过一两眼，好似他身边的侍卫便是如此衣着形容的。依兰脸色变了变，迟蹰着又道：“二小姐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奴婢觉得他们可能不太好相遇。”可是已经晚了。依兰话还没说完。 只见卫青捻着一块碎石，手指忽十分有力，往喜轿前侧方一抛，那碎石穿过喜轿的帘子，直直的击打在抬轿的轿夫的腿上。那轿夫冷不防受了这么一击，腿一瘸，人就歪倒了去。他这一倒，喜轿失去了平衡，便跟着往一边倒。卫青在轿中稳住身姿，随着帘子剧烈晃动时，终于叫他看清了轿外前方的路。 迎亲队伍正好走到十字路口上，而前方周家派来代替周浩结亲的堂兄正骑着高头大马。与此同时，真有一支队伍从对面来，往旁边堪堪经过。卫青又扬手抛了第二枚碎石，直直击打在那高头大马的屁股上，顿时马匹嘶叫一声，当街扬起了蹄。马背上代为接亲的男子连忙勒着马缰，极力控制，也仍旧控制不住马匹四下乱窜。 抬脚的轿夫摔倒了，轿子也歪倒在地上。外面的众人为了躲避马匹乱窜而东倒西歪，原本还整齐有序的迎亲队伍霎时乱如散沙。喜婆还在外面高声叫道：“都别慌，大家都别……”话还没说完，那喜婆两眼一翻就瘫倒在地。卫青站在他身后，一手披在他颈后，又及时接住他的身子，反手一把给塞进了喜轿里。卫青抬头看见那辆缓缓驶来的马车，分毫不受外界的干扰，正从他喜轿前经过。 他哪顾得上许多，当即快脚两步上前，伸手就扒住了对方的车窗。他身子清瘦玲珑，动作也相当利落。只见他手臂一用力撑起身体，一抬腿登上车窗，三两下就成功的翻了进去。卫青料想到里面可能坐了一个人，但是却没有料想到坐的还是个熟人。他晃眼一见阴井就坐在窗下时，不由愣了愣，想收住动作也已经来不及了，最后竟不受控制的跌进他的怀里，还好巧不巧的跨坐在了他的腰上。 殷锦抬眼时，看见的是他一身火红嫁衣铺在她的膝上，窗外的光线丝丝缕缕的云进来，落在她白瓷般的脸上，额前的金玉珠帘像落花一样乱颤，珠帘后是眉眼如画，朱唇绝艳。卫青自己也很意外，一时顿住，马车里的空气仿佛都跟着凝固了去。他没想到会和殷锦在此时此刻打照面，更没有想到会与她离得这么近。彼时殷锦靠在车身壁上，他则双手扶在她的肩上，因是坐在她的腰上，卫青正好与他齐平。 两人鼻尖几乎相抵，呼吸错落交缠。他第一次碰到他整齐的衣袍，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季，也丝丝泛着凉意和悠悠的檀香。两人皆是不动声色。马车的车辙声咕噜噜的滚滚往前，将时间拉长又放慢，慢到湛蓝的天空上几朵白云不曾挪动过足迹；日光倾斜洒满在窗前，慢到树上的蝉声不曾断过，稀里哗啦汇成一片。前前后后的锦衣卫护送着，跟什么都没发生，什么也没看见似的。 殷景看着他，良久道：“不是嫁人吗？却嫁到我这来了。”他的声音温淳，好听至极。面对卫青突然翻进他的马车里来，寻常的就像半路萍水相逢，顺带捎了路人一般。卫青回了回神，则更是轻车熟路的，毫不窘迫，掀了掀嫁衣裙角，淡定从容的从殷景身上下来，若无其事地理了理衣襟，捋了捋耳鬓的碎发，风轻云淡道：“啊，半路突然想起今天还要去给蔡夫人复诊，所以可能这婚结不成了。” 他顺手摘下头上沉重的步摇金冠，又挽了挽脑后青丝，歪头看向阴景道：“阴都督顺路吗？”女子皆把成亲看作终身大事，而是婚嫁如同儿戏的，大概就只有卫青了。这件事在他眼里就如同过家家一般随便。从十字路口到蔡府，路上平平顺顺，除非谁脑子有坑才会来拦阴景的马车。而那混乱的迎亲队伍费了好大力气才修整整齐，失控的马匹消停下来了，代为迎亲的周家公子也无大恙。 轿夫重新抬起喜轿，一切都是虚惊一场，只不过好像少了喜婆和陪嫁丫鬟啊。可是耽误了及时，已经没有时间去找这两人了。于是迎亲队伍抬着喜轿就匆匆忙忙往周家赶。周家一群人正站在门后伸长了脖子等候，看见迎亲队伍总算回来了，立刻点燃了门前的两串鞭炮，顿时喜庆热闹一堂。周家那边正张罗着准备请新娘子下轿拜堂时，蔡府这边听闻大都督回城了，蔡征便带着蔡从在门前迎候。 英景的马车缓缓驶停在蔡府门前。然而，卫青撩开帘子，从英景的马车里下来时，身上红裙飞然，红妆艳丽，直让蔡征父子看直了眼睛。蔡征是十分惊讶，而蔡从则是十分惊艳。是个人都看得出来，卫青穿的分明是嫁衣呀、啊，而且还在英景的车上，这是要做哪样？可随后下马车来的英景和卫青两人都是一副若无其事的神色。蔡从回过神，不由得先问出口：“卫小姐，这是？”卫青：“哦，今日我出嫁。” 蔡征父子，全城的人都知今日魏家嫁女的事情。蔡征顿觉不对劲，道：“可是与周家那只剩一口气的独子完婚？”魏家与周家的婚约不是什么秘密，而且据外界所知，定下婚约的是魏家的狄大小姐，何时又变成魏青了？魏青笑了笑，道：“如蔡大人所说，周家独子只剩一口气，没办法，狄姐姐前两日受了惊吓，无法出嫁，我是庶女嘛，肯定要替狄姐姐挡灾销祸的。”他面上神色无一丝委屈与自怨自艾。 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一般，蔡从不知到底是什么样的打磨，才能磨练出他这样一副波澜不惊的心性来。明明卫青笑意温和，却让蔡从看了有些心疼。蔡征有些不确定的看着阴景道：“所以殷都督这是去抢亲了？”卫青抽了抽嘴角，道：“其实大都督只是碰巧路过。”蔡征完全忽略了他的话，自顾自合拳击在掌上，又气愤道：“没想到卫慈叔堂堂参政，居然干得出这种卑鄙的事情来。” 他不忍嫡女嫁过去守活寡，竟舍得让你嫁去赔掉自己一生，委实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蔡从道出了这样的事，魏小姐为何不早说？你若是早说，蔡家定会为你做主。蔡征赞同道，就是，要是我夫人知道你这般委屈自己，她肯定接受不了。难道你还见外，怕我们袖手旁观不成？我蔡家可不是忘恩负义之人。魏青眼里浮上丝丝暖意，道，之前与蔡夫人约定好，近日会来复诊。 只不过因为家中不便，一直没有机会出来。今日如蔡大人、蔡公子所见，我半路逃婚至此，你们若是介意，我可以下次再来。魏青话中意思非常明白，他现在出现在了这里，便是来暂避风头的。如若蔡家肯接纳他走进这扇大门，可能就会牵扯到这些事情中来。蔡征当即道：“不介意，不介意，我还怕魏子叔不找来呢。他要是敢找来，我非得跟他好好理论。你莫怕，况且你是殷都督抢回来的，哪个敢再抢了去？” 蔡家大门敞开，蔡从已然请卫青和殷景一同进门。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蔡家一家人豪爽耿直。卫青自是有把握才会到这里来，但能和殷景一路，纯属意外。遂卫青捏了捏额角，解释道：“他真的只是路过。”蔡征继续完全忽视他，与殷景赞道：“殷都督这亲抢得甚好。”殷景跨进蔡家大门，随手抬了抬衣角，低眉间闲话家常，道：“我看起来很像是会抢亲的人。” 蔡征完全少根筋，哈哈朗声笑道：“殷都督看起来不像，所以才出手惊人嘛。”卫青摊着脸道：“大都督忙于打打杀杀，哪有空闲来抢亲？真的是偶遇，我借了一下大都督的车而已。”蔡从在旁沉默，心情比较复杂，毕竟这个姑娘到现在也还很合他的心意呀、啊。蔡征露出一副精灵相，回头对卫青道：“殷都督若是不来抢，二小姐你可偶遇不上他。”卫青揉了揉眉头，再懒得和蔡征解释，不然反而越描越黑。 向英锦就比较看得开，在和蔡峥说过一句话后，蔡峥还冥顽不灵，便随他去了。刚走进大门，身后便有一声气喘吁吁的呼唤：“二小姐。”卫青转身看去，见依兰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总算是跟上了。之前卫青和他约定好的，一旦街上发生混乱，便趁乱逃跑，最终到蔡府会合。这边卫青和依兰进蔡家大门时，周家那边拜堂仪式也彻底乱了套，不仅及时被误，新娘子也没有，喜轿里装着的居然是个喜婆。 周家人非常愤怒，这种感觉就像是当着全城的人被魏家狠狠打了一个耳光。周家的儿子是被魏家害的，现在婚事又闹成了笑话，周夫人怎能咽得下这口气？当即带着周家的人就要去找魏家算账。眼下魏青进了蔡夫人的院子，给他诊脉、调整药方和膳食方子。蔡夫人听说了今日事情的经过，随着进来相伴，他对魏青是出自真心的怜爱，拉着他的手一直不肯放。蔡夫人道。 女子婚姻大事关系一生，怎能如此草率地做出决定？纵使你是庶女，魏参政也不该如此牺牲你。为人父母却毫无担当，着实令人失望。蔡征夫妇多少知道一点，卫青在魏家的处境并不容易，但是他没有想到魏家竟对卫青无情至此。卫青坦然笑道：“今日借着替夫人复诊的名义过来避难了，承蒙夫人与蔡大人不嫌弃。”蔡夫人温柔道：“你是大都督带回来的，还有蔡大人替你做主，你安心留下便好。” 见卫青嫁衣一直穿在身上也不合适，可家里没有小姐穿的衣裳，蔡夫人便将她的衣裙给卫青穿。蔡夫人貌美，她的裙长也一应是素雅的颜色。她找出了自己年轻时候穿的裙子，虽不是新衣，可还将自己年轻时的衣物留着，可见对于她来说应该是珍贵而有意义的。蔡夫人将那身涂白色的衣裙拿到卫青身前比划，说道：“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我夫君，便是穿的这身。当时她愣头愣脑的。” 嘴笨得很，不会说话，但是一与我有关的事，他却是义不容辞。说起这些时，蔡夫人眉眼间俱是柔情笑意，又道：“现在这裙子给你换上，应是正好。”卫青想要推脱，可蔡夫人执意如此，还解了他的嫁衣，亲手帮他穿上，轻言细语道：“姑娘嫁人，即使身不由己，也不能盲目听从。往后你若是遇到一个人，他虽然说不出好听的话哄你，但是却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他并不是想要因此而得到你的感激，更不在乎你是否知道，他就只是为了你这样的男子才可嫁。古人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蔡夫人说出来的话却真正让人心暖。卫青听着听着就缓缓笑了。蔡夫人道：“你笑什么？觉得我说的不对？”卫青抬起头，眼里温暖而真挚，莞尔道：“没有，夫人说的极对。”卫青只是突然觉得蔡夫人像他娘。蔡夫人帮他将衣带系好。 又道：“谁家若是有你这般玲珑聪慧的女儿，那当是捧在手心里的。可惜魏家不惜福。”魏青从蔡夫人那里一出来，便遇上了蔡征和殷景。彼时两人正在凉亭内，约莫正商议事情。魏青本想绕道而行，哪想蔡征看见他了，对他招手道：“二小姐，快过来坐坐吧。”魏青步子一顿，抬头时往凉亭里看时，正好殷景也正朝他看来，两人的视线在空中撞个正着。凉亭内的光线有些阴淡，他的目光亦如是。 仿若树影，见婆娑的风，能吹散一些夏日里的暑气。卫青想了想，还是抬脚往凉亭走了过去。今个是借他马车过来的，若是用完过后就不搭理，是有点说不过去。虽然一直以来他想和阴景保持距离，可总是阴差阳错，他这个人或者他的名号，总能在自己需要借力的时候出现，因而他借了他一次又一次。当然，很多时候他自己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在借用他的时候才能够锦上添花。 但无论什么时候，卫青都不可以掉以轻心。一起吃饭时如此，喝茶聊天时也如此，因为他是大都督啊。看起来平易近人、包容慈悲的这样一个人，在掀翻别人的脑袋时是那样的随意寻常，一边捏死几只咬人的蚂蚁，一边还能与你寒暄一二。这样的人却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卫青的身上，是为何？卫青一时想不明白。转眼间，卫青已经走到了凉亭外。他穿着涂白色裙子，脸上洗净红妆，变回了本来清俊的模样。 她的容貌依稀间可见当年京中第一美女子妙兰的影子，行走在树影与阳光交替闪烁间，就连蔡峥也看得愣神。殷景的目光一直落在她的身上，不悲不喜，更不知深浅。面前的石桌上放着的半盏茶也不曾再动过。蔡峥回过神，看着卫青的衣着，颇有感慨，道：“没想到二小姐穿起我夫人年轻时的衣裳来，竟如此和身贴切。”说着，他便起身，把地方让给了卫青。二小姐与殷都督聊，我去看看我夫人。 蔡峥走后，卫青才在石桌边坐了下来，替阴景把茶斟满，道：“今日多谢殷都督。虽然当时阴景纯属路过吧，就算没有他，卫青也依然能够顺利脱身。但是卫青好歹也借搭了他的马车，还一路上无人敢拦的顺利抵达了蔡府。毕竟做好事对于阴景来说只是个偶尔的概念，而不是经常。但他却对自己接连施了两次援手，所以现在对他道声谢也应该。”阴景看着茶水倾入杯盏。 道，若是不想嫁，魏家也无法破你嫁，你却愿意嫁给那个基本已经进了鬼门关的人。想要了解情况，对他来说太简单了，锦衣卫随时都是他的耳目。卫青不紧不慢的给自己也斟了一杯茶，道，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大都督，确实是我自己答应要嫁的。生活乏味，想找刺激。卫青勾起唇角，浅淡,淡的笑笑道，哪会那么无聊，因为嫁妆贵嘛。殷景道，那你还跑什么？周家不是更有钱？ 我要的只有我娘留下的那部分嫁妆，当初她出嫁时带来的嫁妆可不少。卫青支着下巴，眯着眼道：“哎，还有周家那个独子，他不行，命不够硬，可能我一嫁进去冲不了喜，还立刻就会把他克死。”殷锦看了他一眼，这么说来，你还是在积德行善。卫青眼底里若有若无也尽了些笑意，道：“说正经的，那怎么说也是个人渣啊！我一个青春大好的姑娘，怎么可能随便嫁？要是让殷都督娶一个人渣回去，你干嘛？” 盯紧手指摩挲着茶盏，嗓音清和微沉，十分悦耳。那得看他有多渣。若是与我一般，值得考虑。卫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眼角。那大都督，你认为自己到底是渣还是不渣？卫青忽而问：“为什么要帮我？欠着好还。”这时，魏慈叔带着魏家的人终于找到了蔡府来。新娘子不见了，周家去魏家闹，魏慈叔被气得快要心脏病发。早上才把卫青送上花轿，魏家众人都暗松一口气。结果一上午时间还没过去呢。 周家就找上门来说新娘子不见了。果然魏慈叔还是感觉这气送的太容易了些。魏青要的嫁妆魏家已经如数给了，没想到嫁妆拿到手过后他居然跑了。魏慈叔想到魏青平时就只与蔡府走动，这稍一打听得知魏青眼下果然在蔡府，于是才第一时间带着人找过来。魏青到蔡家前庭时，听见蔡征质问魏慈叔道：“魏参政，举城皆知与周公子定下婚约的是你魏家的狄大小姐。” 现在周家小子不行了，你却把二小姐嫁出去，礼代桃江，恐怕这不仅仅是失信，这还是失德。魏慈叔正在气头上，大气凛然道：“蔡大人此言差矣，我大女病重，无法践行与周家的婚约，正是因为要诚实守信，我才不得不让二女代为出嫁。况且我魏家的女儿怎么处置，那是我魏家的事，没有触犯刑律律法，应该还用不着蔡大人操心吧？”蔡征冷声道：“如若这是两家商议的结果。” 最后决定让二小姐代嫁，我自然无话可说。可是现在周家也被你蒙在鼓里吧？这便是欺瞒敷衍，为官者最忌讳的便是如此。魏慈叔挤出一个扭曲的笑，强自端着面子道：“这件事也用不着蔡大人操心，我自会与周家商议妥当，还请蔡大人归还不孝女。”蔡铮和蔡从自然不肯让魏慈叔就这么带走魏青，只要他们不肯放，魏慈叔就是拼尽全力也不可能顺利地带走魏青。如此一来，两家便算是彻底交恶了。 魏慈叔抬眼看见魏青就现在那回廊屋檐下，不由怒喝道：“逆女，还不过来！”以往他在官场维持起来的君子风度，此刻是荡然无存。蔡从回过头来，一看见魏青，道：“魏小姐不用怕，只要你不愿，谁也不能勉强你。”魏慈叔声硬道：“承蒙蔡大人关照，你才能安然无事的躲在这里。可你知不知，两家人因为你半路出逃，伤了多大的和气？” 魏慈叔还道你不怕给蔡大人一家添麻烦，可蔡大人若是因此破坏了两家婚姻，落得个以官压官、强横霸道的坏名声，你又担待得起吗？蔡征听了难免生气，道：“魏参政，你最好还是不要颠倒是非黑白。”蔡征是武将，魏慈叔是文官，真要动起嘴皮子来，他是说不过魏慈叔的。魏慈叔不理会蔡征，盯着魏青又道：“你在这里能躲一时，可你终究是魏家的女儿，难道一辈子都不再回魏家了吗？” 这样，你不仅给蔡大人一家添麻烦，蔡大人还会因抢我魏家女儿而受人非议。你真要为他们着想，就该立刻跟我回去。既然蔡征这里行不通，魏慈叔只好从魏青这里着手。只要他自己愿意回去，蔡家就再没理由拦着了。然而话音儿一落，从长长的回廊边，魏青的身后传来一道声音：“魏大人巧舌如簧，真是令本都大开眼界。”魏慈叔眼神往魏青身后一扫，看见殷景正从阴凉回廊下走来时，脸色变了变。 连忙抬手一礼，不知大都督在此，下官实在失礼。卫青回头去看，阴景已然离他他几步开外。廊外的阳光明媚的很，便衬得他身姿异常挺拔深邃。靛青色的衣袍在他身上极为整洁，衣襟处鱼龙旋纹繁复，袖脚束于护腕之内。于他来说不过寻常衣着，可所至之处硬是有一种常人不可忤逆和侵犯的气场。那双眼睛如佛陀屁事般修美细长，太过温和慈悲了。卫青嗅到了他身上的檀香。 丝丝绕绕，无孔不入。他低着眉笑笑，若无其事道：“好多年不曾听爹讲道理了。上次听爹高谈阔论，还是我娘在世的时候。那时正是他爹的一番软硬兼施，大讲道理，最终才把他娘逼上了绝路啊。”魏慈叔低头作揖，神色莫变。方才还剑拔弩张的，眼下一点气焰都没有了。如魏慈叔所说，他不可能一直留在蔡家，魏家他还要回去的。今日顺利逃嫁，错过了结婚吉时。 这门荒唐的婚事已经对卫青构不成任何威胁，只要让周家知道他只是代为穷居出嫁，基本就没他什么事了。燕如卫慈叔所说，他继续留下来也只是给蔡家增添麻烦。只是卫青没有想到殷景会在他逃婚的时候正好出现，更没想到他此时会出来。卫青侧身两步走到殷景面前，几乎贴近他怀里，离他非常近。或许在听到他声音的那一刹那，他便已经下定某种决心。他出现的恰到好处，他的心境也恰到好处。 卫青很清楚，他需要他，需要他的身份和威望，可以一次解决他以后在卫府的所有难题。卫青平视着他胸膛的衣襟处，上面的鱼龙纹清晰冷贵，轻声唤道：“殷都督。”这大抵是卫青最春风柔情的时候，耳边青丝款款扬起，眉眼带笑，似真似假，美不胜收。卫青红唇轻轻勾起，与他轻语呢喃道：“反正我已经欠了你，以后是要还的，也不在乎再多欠这一回，你说是吗？” 说罢，他仰着头，直直望进阴景的眼里，无半分退怯。杨生又对魏慈叔道：“爹，我没法代替大姐姐嫁去周家了。”那语气说的笃定而又异常强硬。魏慈叔一惊，抬起头来。下一刻，魏青踮起脚，径直凑到了阴景下巴处，他一手揪住他整齐的衣襟，便将他微微拽下一些，然后侧开头，鼻尖从他的鼻尖堪堪错过，然后精准无误地吻了上去。身后锦衣卫刷刷拔刀出鞘。 院子里的众人倒抽一口凉气，卫青的唇压在了殷景的唇上，亲他亲的十分强势，他的气息冷不防侵袭到卫青的感官里，他的心也跟着不住往下沉。殷景不知是诧异的忘了推开他，还是怎么的，低垂着眼，眼里不见光，幽邃深沉一片，定定的看着眼前这张清韵天成的脸，他睫毛又弯又长，极浅的颤了两下，他好像担心他会推开，揪着他衣襟的手不自禁的收紧，越来越用力。 瘦削的手背上，骨骼经络流畅的凸起。即使殷景要推开他，他也下定决心会用力的抱住他，就算是强吻，也要由他掌握主动。在他没有放开他之前，他不能擅自结束。他都已经豁出去了，就不能半途而废。但是卫青并没有得寸进尺，只是将自己的唇贴在他唇上，两人呼吸相缠。随即卫青便屏住了呼吸，片刻，卫青手一松，点着的脚也缓缓放了下来。他离开了殷景的唇，睁开眼睛，气息微散的喘了两下。 毕竟阴颈这么高，他踮着脚有些费力，揪他衣襟也揪得用力。屏气的缘故，使得他脸颊边染开两抹极淡的嫣然红晕。卫青不去看阴颈，而是低着头，若无其事地整理着被他弄乱的阴颈的衣襟。他的衣襟上有他用力留下的褶痕，他不紧不慢的一丝丝抚平。方才侧头对惊愕失色的魏子说道：“这个理由够充分吗？还记得上次卫琼居给阴颈针灸针撒了，便险些被抹脖子。可是如今呢？卫青竟吻了他的唇，也不见他有丝毫不悦的样子。” 魏慈叔意识到，他和大都督的关系果然是非同一般的。可是不管卫青怎么抚平，都无法把被他弄乱的那衣襟恢复原样。后来，阴井捉住了他的手，他动作轻巧随意，像拿捏着一样物件。那清润的修长手指却把他的手腕收得严实，让卫青蓦然想起在城外的那个夜晚，他像折断一根树枝一样折断敌人的手时的光景。阴井会折断他的手吗？两人对峙了一会儿，最终阴井嗓音十分低沉惑人，道：“我自己会弄。” 魏青僵硬地点点头，他唇上仿若还残留着他的气息，隐隐发烫，他却没松手，而是将魏青微微往怀里带了带，道：“魏大人，本都稍后会亲自送他回府。”魏辞叔不知道自己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离开蔡家的，走出蔡家大门时还有点恍惚。蔡征出了口恶气，在魏辞叔背后朗声笑道：“这亲是殷都督去抢回来的，魏大人的李代桃僵之计可能要泡汤了。”魏辞叔头也不敢回。魏青，魏青。 真的是把他魏家耍得团团转。英锦吩咐锦衣卫去备马车，锦衣卫收到入鞘，麻溜的下去准备了。大都督被一小女子当众强吻，真真是破天荒。这要是放在京城，几乎可以当做传奇了。而且大都督并没有反抗，众人好奇，虽然他脸上没有什么表示，但说不定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前院散了，蔡铮看看英锦，又看看魏青，然后笑而不语的走开了。现在有英锦护着，他还凑什么热闹啊？ 蔡从走到两人身边，心情还是很复杂。他张了张口，最终却无话可说。等人都走光以后，卫青才和殷景拉开了距离。随后两人一同上马车，殷景送他回卫家去。两人在马车里也久久没说话，回荡在两人耳边的是滚滚的车辙声。卫青还是忍不住看了殷景一眼，见他衣襟微褶，留给卫青一个侧影，不容亵渎。可是他已经亵渎过了呀。卫青清,清了清嗓，抹挲着眉头道。 嗯，殷都督是第一次被人轻薄吗？殷景回眸看着他，半晌，嗯了一声。卫青道：“我也第一次，你不亏。”顿了顿，又道：“你若是介意的慌，就当是被阿猫阿狗咬了一下。”殷景垂手放在膝上，道：“阿猫阿狗可没有这么大的胆子。”诚然，卫青也觉得自己胆子太大了。他在够上去亲吻他时，只知道这场秀要做完，在他可控范围内，不允许殷景拒绝。 但是殷景肯配合他到这种地步，还亲自送他回家，是他感到意外的。卫青对他总归少了些距离感，是真的心生感激。卫青道：“没办法，虽然强吻了殷都督是我不对，但吻是相互的，我也有付出。反正欠都欠了，大不了后面还呗。”卫家快要到时，卫青不紧不慢地从怀里取出几样东西，交到殷景的手上。那是卫青从徐氏那里拿回来的一叠田契地契。殷景随意翻了两张，道：“这是给我的谢礼。” 卫青已经全然没有了半分尴尬，笑眯眯道：“我欠殷都督的是情分，哪是金钱物质能衡量的？这些是我的嫁妆。那我是不是得出彩礼？”殷景问。卫青：“我只是暂且交由殷都督帮我保管，等以后我去了京城，再管殷都督要。作为报酬，有了这些地契，殷都督可以将名下铺子、庄子收回经营。在我找你拿回铺子前，所有盈利归殷都督所有。可是大都督会缺钱花吗？”显然是不会的。遂卫青又道。 不想那么麻烦的话，殷都督只帮我收好这些即可。我娘的全部遗产都在殷都督手上，倒是殷都督也不用担心我恩将仇报了，不是吗？这是一举两得的事。这一回去，卫青不可能再替卫琼居出嫁，徐氏和老夫人势必会第一时间要求他把嫁妆交出来，所以他决定暂交给殷景，借此保住娘亲留下来的遗产，而殷景也可以借此制约卫青，以免他忘恩跑路。殷景道：“你好像比较爱财，愿意把全部家财给我，还算有诚意。” 他一边说着，一边将东西收起来，那种心安理得感觉像是在收自己的东西一般。卫青看着自己的田契地契进了阴井的兜里，悠悠地提醒了一句：“只是暂交你保管，并不是送给你。”到了卫家，一下马车便看见门口有人等候着。徐氏早就按捺不住了，卫青扶一下马车，他就恨不得冲上前去撕了卫青。可卫青身后还跟着阴井，徐氏又退缩了，尖尖的手指甲拧着手里的帕子，咬牙切齿。这个卫青不仅要走了那么多嫁妆。 居然还半路逃婚，徐世万更没有想到他会和大都督搅在一起。徐氏十分愤恨，魏琼居才是这个家的嫡女，和大都督在一起的应该是他的女儿。可是发生了上次的事后，如今徐世万没有那个胆子，还敢把魏琼居往阴井面前送。这个位极人臣的男人，最后居然便宜了魏青。这下谁还敢发落魏青？周家那边的婚事又该怎么办？只要一想起这一摊子烂事，魏家人是心焦如麻。 可是英井亲自到魏家来了，魏慈叔和老夫人又不得不陪着僵硬的笑脸在门口迎接。进了前堂花厅，老夫人连忙命人备上香茶。老夫人和魏慈叔虽然对魏青极其不满，可是消化了事实，做好了心理准备，已不如先前那般咄咄逼人。老夫人对魏青的神色也缓和了许多，即便责备，也责备的不重。道：“亲丫头，你也是，既然已经与大都督相知，怎不早说？不然又怎会让你带你大姐姐出嫁？”老夫人变脸变得快，她已经见怪不怪。 魏慈叔虽然有些僵硬，但一家人当着殷景的面，俨然又和好如初了一般。卫青温和道：“先前因都督有事不在城中，我若说了不足以取信，反让人觉得我乱攀殷都督的关系，祖母对吗？”老夫人面色卡了卡，先前说卫青乱攀关系的，不就是老夫人自己吗？现在一巴掌打自己脸上，不疼也臊得慌。徐氏在旁忍无可忍，皮笑肉不笑道：“卫青既然半路逃婚了，周家那边你还是得去说清楚，免得周家的人误会。” 让卫青出面，就等于是让阴景出面。这样一来，周家再怎么不依不挠，也不敢得罪大都督。说不定卫琼居也能就此从周家的婚事当中脱身。老夫人打的也是这个主意，亲切地拉着卫青的手，笑着说道：“青丫头，听祖母话，你就出面到周家去把事说清楚吧。”卫青问道：“周家知道此次是我代嫁的事吗？”老夫人道：“暂还不知。青丫头，你去解释的时候，就把前因后果与他们说清楚。周家不是胡搅蛮缠之人，相信他们能够理解的。” 魏青闻言笑了笑，道：“周公子是周家独苗，现在奄奄一息，周家痛心疾首也是可以体谅的。只是祖母，现在周家并不知是我代嫁，我去跟他们解释什么？解释咱们魏家为什么要庶女代嫁，并且争取他们的谅解吗？”此话一出，老夫人和徐氏脸色均变了变。魏辞书尽量缓和着语气说道：“但这门婚事半途出错，终究是因你而起，你去周家平息事端，再应该不过。”魏青道：“这门婚事追根究底，到底因谁而起？” 父亲反倒把我说糊涂了，是我让周公子半夜去马厩的吗？是我与周公子幽会闹出事故的吗？好像都不是。只是到临头了，我便被推出去代驾，现在代驾不成就全变成我的错了。魏慈叔深吸一口气，当着殷景的面不好发作，道：“你大姐姐卧病在床，又惊吓过度，若不是无法出嫁，也不至于让你去代驾。”魏青笑眯眯道：“爹忘了我会医术啊，让我去给大姐姐看看，保准几针下去，药到病除。” 听上老夫人等人脸色几经变幻，卫青歪头看着殷景，又道：“阴都督，我们去看看大姐姐的病如何？”还不等殷景说话，徐氏便道：“万万不可！母亲不想大姐姐快点好起来吗？”徐氏暗自恨得咬碎了牙，嘴上却善解人意道：“穷居病气重，要是传给了大都督就不好了。”他们原本还想利用卫青间接请殷景出面摆平这件事，可现在连卫青这关都过不去，就更不要说请殷景帮忙了。 徐氏有些恼羞成怒道：“你不肯去向周家解释便罢了，但是现在你没嫁成又回来了，那先前替你添的那些嫁妆也该还回来了吧？”魏青勾了勾唇，他以为魏家人多少还能沉住点气，要找他要回嫁妆，起码得等阴景走了再说吧。可眼下阴景还没走，徐氏便迫不及待地露出这样一副嘴脸。魏慈叔不赞同地瞪了徐氏一眼，可徐氏正在气头上，哪能吃这种亏？嘴一快就说了出来：“这嫁妆必须是要拿回来的，可也得分时间场合。” 第二为慈叔呵斥道：“大都督在此，休得无礼。”徐氏不忿，道：“大都督别见怪，我也只是就事论事。”英景完全置身事外，不予理会。卫青不慌不忙道：“那本是我娘留下的遗物，可是，在她临终的时候，她便已经被修逐出魏家了，所以那些好像不是魏家的东西。早知卫青嫁不成，当初还把妙兰的那套家具给她败了，现在老夫人想起来还阵阵肉疼。” 老夫人闻言，暗自一阵生气。见徐氏正要反驳，还是按住了徐氏，尽量端着和气道：“祖母知道那些是你娘留下来的，没人想要占为己有。以后还是会给你添做嫁妆，只不过现在是帮你保管着，以免有闪失。等你将来出嫁时，祖母还在原来的份上再多添些，可好？”这话听起来是苦口婆心，满是为卫青的将来筹谋打算。卫青便像是个捏着东西不放的任性孩子。可是谁都清楚，他若是交了，以后还有机会拿回来吗？ 卫青笑着点头道：“祖母说的很有道理，可惜嫁妆已经不在我手上了，想交还也有心无力呀、啊。”老夫人等人神色一变，卫青又施施然道：“只不过听祖母说，以后要给我多添嫁妆，我还是很感谢祖母的。”老夫人声线不稳：“那么多产业铺子、地契房契都是交到你手上的，怎么可能说不在了就不在了？”徐氏义厉声喝道：“你是不是私自变卖私吞了？”这时英景总算开口道：“他的嫁妆都在我这儿。”此话一出，满堂寂静。 他抬眼看着徐氏，手里端起一盏温茶，手指捻着茶盖，声色俱平。你要过来拿吗？徐氏张了张口，方才还理直气壮的，可被殷景一个眼神、一句话便震慑的话也说不出。老夫人和魏慈叔不可置信的看着魏青，他真的全给了大都督了？魏青淡淡含笑道：“我也是如祖母所说，留着未免有闪失，所以全都交给殷都督了。反正以后我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我的。”老夫人闭了闭眼，深吸一口气，还是觉得脑门一阵发昏。 这卫青精明的非常人能及，只要是他上手了的东西，想让他交出来难上加难。卫青若无其事道：“祖母和母亲、父亲若是觉得殷都督这里还不妥当，就问殷都督要吧。”可是卫家的人哪敢开口问大都督要东西？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最后只得认了这亏。而且卫青把嫁妆交给他是什么意思？以后不就得嫁给他吗？老夫人反应过来，心里顿时明白，卫青可比那些嫁妆值钱。 将来他若是做了大都督夫人，整个魏家都会跟着高升的。在场的除了徐氏极度怨愤外，老夫人和魏慈叔的神色却缓和的十分快。老夫人和气笑道：“既是在大都督那里，便是最妥当的。青丫头何德何能，能得大都督如此青睐，是她的福分。”魏琼九在自己院里休养，此时他浑身长满了疹子。老夫人和魏慈叔一次都没来看过他，院子被紧密的隔绝起来，不让外面的人进来，也不让里面的人出去。这府里的人势力凉薄。 又不是一日两日的事情，真正还关心魏琼九的，便只有他的生母梅姨娘。魏琼九患的究竟是不是天花，大夫也无法确诊，只能先观察一段时日再看。除了长疹子，他在院里行动没有丝毫不便。魏琼九一点也不着急，别人想不起他也好，等周家的事情解决了，他再慢慢痊愈也不迟。为此，魏琼九特意留了一个丫鬟在院外来回给他送饮食起居的东西，方便替他探消息。 可是卫青出嫁之日，卫琼九得到的消息却是卫青半路逃婚了。卫青不仅逃婚，还和殷景在一起。在魏慈叔去都指挥使府上要人的时候，卫青竟当着所有人的面吻了殷景。而眼下，殷景亲自把卫青送了回来，人正在前厅叙话。一直以来面容甜美的卫琼九，终于露出了阴暗的一面，脸色阴沉狰狞，让丫鬟见了都觉得胆战心惊。卫青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吻了他，那个男人明明是他先看上的。 以后要变成他的男人，为什么卫青都在出嫁的路上了，却还能出这样的事端？魏琼九再顾不上其他，抬脚就要往院外走。英锦好不容易来魏家了，他要出去，他要看看他，他要想办法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丫鬟见状，连忙拦道：“三小姐切莫冲动，你现在不能出去，这样会惹怒老夫人和魏大人的。”梅姨娘见状，一赶紧拉住他，道：“这个时候去不得，琼九你听话。”魏琼九边挣扎边道：“他好不容易来一次，放开我。” 我要去见他，梅姨娘道：“你现在这般模样，怎么去见？”相信娘，这次大都督帮了卫青，以后你的机会还多的是。魏琼九抗不过梅姨娘和丫鬟，还是渐渐消停了下来，满目不甘。他自己也知道现在不是时候，他应该把自己最美的样子呈现在那个人面前。后来魏琼九安静下来，脸上那甜甜的笑容又再次漾开，只不过在满脸的疹子下显得有些渗人。他坐在廊下晃着双腿，道：“谁也不能和我抢大都督。等以后我做了大都督夫人。” 这一家的所有人都只能仰仗我们的鼻息生活，那样的愿景，想想都觉得十分美好。梅姨娘暗叹一口气，不忍心打破魏琼九的幻想，动了动口，最终也没说什么。这个女儿心比天高，她喜欢上了大都督，都快疯魔了。周家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因锦离开魏府以后，魏青也带着依兰回了封小院，院门一闭，不管不问，这烂摊子还是交给魏家自己去解决。魏琼居不敢醒。 而周家的周浩终于还是没挨过这大喜之日，两眼一闭咽了气。周家登门讨个说法，魏慈叔万分无奈之下，这才带着周家的人去魏琼居院子里看看魏琼居的情况。徐氏哭嚎道：“我的女儿尚且病魔缠身，不知何时能苏醒，又如何能给你的儿子冲喜？莫到后来这喜没冲好，反倒把人气给冲散了。”周氏熬得两眼通红，丧子之痛折磨得他人不人鬼不鬼的，指着床上的魏琼居恶狠,狠狠道：“此贱女命伯克夫！” 我儿就是被他给克死的，他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他应该下去陪我儿。然后又指着徐氏的鼻子骂道：“有其母必有其女，长得就是个狐狸精，心肠还毒如蛇蝎。”徐氏正想骂回去，为慈叔出面道：“周夫人，周公子的事，我们也深表遗憾。只要周夫人开口，我们能做到的必会补偿。事到如今，吵吵闹,闹闹有什么用？还是尽快商量出解决的办法。若是周家还愿意和平解决这件事，那再好不过了。”周氏道。 这么说，魏大人是不愿意嫁女了吗？魏慈叔抿紧了嘴唇，周氏就疯了一般猖狂大笑，然后道：“那就官府见吧。虽然魏大人是官，我们是民，民不与官斗，也斗不赢。可是我就是想让全城的百姓看看，你们魏家是怎么残害人命、忘恩负义的。”周浩尸骨未寒，周夫人豁出一切，竟真的去报了官。管理府衙案件的知府多少会官官相护，因而立案开堂也是偏向于魏家这边的。 周家认定是魏琼居害死了周浩，请求官府公正处理，而魏家则坚决否认此事，一口咬定是周浩行为不端，夜里潜进了魏家马厩才遭此意外。周浩往日横行街头，恃强凌弱是有目共睹的，因而最终官府象征性的查证一番，然后判定周浩是夜潜魏家才造成了意外。虽然最终魏家不至于沾上杀人的罪名，可从府衙出来时，魏慈叔脸色也铁青的十分难看。这场官司明明是周家输了，可周氏却像赢了似的。 周氏笑道：“魏大人，我知道周家赢不了，我儿最后只能含冤而死。可魏大人赢了，却输了名声，简直大快人心。魏家的狄大小姐与我儿有染，从此以后全城皆知。就算他不嫁，他往后也休想有个好名声。因为审理案件时，沈堂外面聚集了不少百姓听众。周氏将马厩里的事发经过原原本本的陈述出来，包括魏琼居与周浩夜里幽会于马厩，还双双躺在马厩的槽垛子上欲行男女之事。” 很快，这些事就会在全城散布开来，成为百姓们热议的话题。一直以来，魏慈叔便是想避免这样的结局，可惜到最后还是避无可避。百姓们皆道，那位家嫡女，城中第一美人，也不过如此。表面上高贵纯洁，没想到骨子里也是一副浪荡性子。还有魏穷居之母，原本是妾室出身，还不是凭着一副狐狸精的本事，扶正当了正室。 徐氏在魏家暴跳如雷，即便后来魏琼居醒了，母女俩也只能闭门不出，暂避风头。周家要的就是这样的报复。随后，周家又向官府举报，说是徐家做生意以次充好，向百姓贩卖假货，谋取暴利。以往徐家仗着魏慈叔的关系，没少干这样的事，没想到被周家拿住了把柄。徐家是徐氏的娘家，稍一探究，就不难知道徐家的背景关系，难怪如此猖狂，原来背后是有魏家做靠山。 这样一来，魏慈叔若是在袒护徐家，基本上就是声名狼藉了。因而，这次魏慈叔主动提出严肃处理，要想挽回点自己的颜面，就必须舍弃徐家。魏慈叔从府衙回来时，徐氏就跪在他面前，哭道：“老爷，你救救徐家吧，他们以往也为魏家出了不少力，你怎么能眼看着不管呢？”徐氏这不哭还好，一哭魏慈叔连日积累的火气就爆发了，怒极一巴掌，狠狠把徐氏扇趴在地，道：“见利忘义的东西！” 自作孽不可活，现在还来连累魏家。这么多年来，魏慈叔从来没如此愤怒至极下重手打他，就算前几次有过怒气，也只是推了他两下。徐氏捂着火辣辣的脸，泪眼婆娑的望着魏慈叔。魏慈叔毫无一点怜惜之意，冷冷地踩着他的裙角从他身边走过。徐氏受不了魏慈叔的冷落，失口叫道：“可这些年来，我徐家也往家里送了不少东西吧？你接受享受的时候为何不说？以前不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过来的吗？” 这时，老夫人杵着拐杖走了出来，当着徐氏的面对魏慈叔道：“徐氏无状，大呼小叫，再闹下去就把他休了吧，再另立继室。”魏慈叔回头看了徐氏一眼，道：“好。”顿时，徐氏脸色惨白，无力地瘫在了地上。最终，魏周两家彻底决裂，而徐氏的娘家也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和打击。在生意场上，周家不再因为魏家的关系处处忍让。周家是商贾大家，而徐家在此地不过立足数年。 真要针锋相对起来，徐家岂会是对手？魏慈叔对徐氏大发雷霆，动手掌乖之际，封小院中，魏青神色平淡，站在灵龛前，不紧不慢地点燃了三支香，供奉在他娘的牌位前。这位家人一向过河拆桥，冷血无情。以前徐氏身在其中，从不觉得，可是到了今时今日，才发现是真的如此。他怎么能失去主母之位？那魏穷居和魏子归怎么办？后来徐氏收敛了，不再大哭大闹。 可魏慈叔对他的冷落，因为徐家的事儿一直延续着。魏琼居慢慢的恢复了过来，劝徐氏一定要沉住气。而魏琼九也被诊定出不是天花，而是出水痘，眼下也正一天天恢复。他听说徐氏失势，便道：以往祖母和爹正是看重夫人善解人意、审时度势，才扶她为正室。可是这些年下来，他自以为地位稳固，无人可撼动，日渐养成了这样一副脾气。祖母和爹终于忍无可忍。魏琼九看着梅姨娘时，不由双眼发亮。 又道：“现在夫人失势，娘你何不抓紧这个机会？梅姨娘在府里只是个不得宠的妾，哪能和徐氏争？有时候徐氏无故发难，她也只有忍气吞声。听魏琼九这么一说，一时还有些发愣。”魏琼九道：“你打扮的好看一些，时常到爹跟前去走动。娘厨艺不是很好吗？多做一点爹和祖母爱吃的东西。”梅姨娘跃跃欲试：“这样真的可以吗？”魏琼九甜甜看着她，道：“爹已经很久没在娘这里留宿了，不是吗？”梅姨娘一听。 被女儿突然提起这个，不由脸色发红。后来梅姨娘果真按照魏琼九所说，精心打扮过后，常常在魏慈叔跟前露面。魏慈叔心中郁结，正需要疏解，又遇到梅姨娘如此体贴，顺理成章便在梅姨娘房里歇了两晚。这是被徐氏知道了，那还得了？有一次还是当着魏慈叔的面，把梅姨娘揪出来一阵厮打。梅姨娘哭得凄凄楚楚，魏慈叔不由对徐氏更加厌烦。早上去老夫人那里请安时，魏琼九便乖巧地对老夫人道：“祖母。” 梅姨娘身子一向很好，如今得父亲眷顾，说不定不久的将来就能给琼九添个小弟弟呢。魏家只有魏子规一根独苗，老夫人何尝不想多添几个孙子？只是这几年有徐氏把持着，魏慈叔鲜少有到妾室那里留宿的机会。眼下一听，老夫人自是眉开眼笑，吩咐下人多往梅姨娘那里送些东西，给她滋补身子，同时又让魏慈叔多多关心梅姨娘。魏琼九回头看着魏青，又甜甜笑道。 二姐医术高超，不如让二姐给姨娘开副备孕的方子吧。老夫人一看向卫青，慈祥道：“青丫头，你就给开个方子吧。这备孕的方子也不难开，可开了以后当如何？梅姨娘怀上了自然好，若是怀不上或者身体稍有不顺，又来怪卫青的方子，那卫青可就脱不了手了。故而卫青对卫琼九款款一笑，道：‘三妹，是药三分毒，还是谨慎些好。方才三妹也说了，梅姨娘身子一向很好，这备孕的方子就显得多此一举了。’ 魏琼九脸上甜美的笑意顿了顿，道：“二姐说的也有道理。”魏琼居大病初愈，在旁静坐着没有反应，手上却紧紧捻着自己的手帕。以往魏琼居是小瞧魏琼九这个三妹了，没想到也是个见风使舵的货。现在徐氏刚一示弱，他便迫不及待的带着自己的姨娘往上爬。星号星号星号，转眼间就到了盛夏三伏天，天气是更加的炎热。这大户人家穿的也讲究。 夏天也要穿两层长袖裙子，捂得严严实实的。卫青热得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幸好风小院里除了他就是依兰，没再有别人，因而他一坐在屋檐下歇凉时，便捞起裙角和袖角，拿了把团扇直扇风。依兰见状，满脸抽搐道：“二小姐，注意仪容。”卫青瞥她一眼，手里的团扇扇得更加利索了些，道：“今天的马步你蹲了吗？”依兰顿时一脸菜色。 自从卫青决定教伊兰格斗术以后，见他小胳膊小腿的，很有必要先加强体质，于是每天早上都监督他晨跑，上午还要扎马步，等到日头吸血了，再教他格斗的招数。好不容易一阵风吹来，卫青舒服地眯了眯眼。这时下人匆匆跑到风小院，对卫青说道：“二小姐，刚刚传来消息，大都督遇刺了，现在锦衣卫正在外面，要二小姐即刻去帮大都督治伤呢。”这种事，卫家人丝毫不敢耽搁。 老夫人和魏慈叔还巴不得卫青跟殷景打好关系呢，因而第一时间就派人来叫他，让他赶紧收拾一下，跟锦衣卫去一趟。卫青没什么可收拾的，收了收慵懒的神色，当即起身往外走去。那下人又道：“锦衣卫说，请二小姐收拾些换洗的衣物，大都督伤得严重，这一去可能有几日不能回。”卫青心里咯噔一下，殷景这次伤得很重。他知道殷景身在高位，手下锦衣卫做事又绝，想要他命的人数不胜数。可是像他那样的人。 平时不会出手，一出手便鲜少有敌得过他的。况且他身边还有那么多武功高强的锦衣卫，谁能重伤他？依兰已经很有眼识的转身回屋去收拾衣物。卫青微微凝眉，朝外走去的步子不自觉的加快了些。卫青走到卫家大门前，看见果真有一对清一色的锦衣卫正骑马等候，派来接他的是阴景常坐的那辆马车。老夫人这时十分怜爱的拉着卫青的手，叮嘱道：“青丫头，这次去治大都督的伤要紧，耽搁些时日没关系。” 你可一定要尽心，让大都督尽快好起来。魏慈叔在旁边负着手道：“母亲不要担心，卫青明白事理，会照顾好大都督的。”如今魏家和周家的风波总算是渐渐过去了，虽然魏家遭受了非议，魏琼居名声受损，魏慈叔也看得开，不看开一点，不然还能怎样？好在这行省州城里，并没有魏慈叔看得上眼的门户让魏琼居嫁过去，等将来他迁回京城，再给魏琼居寻一门好的亲事也不迟。 而现在，卫青和阴景关系匪浅，卫慈叔与老夫人对他的态度是大转变。卫青拧着的眉头未松，眯着眼看着那辆马车，随口应下了，便朝马车走去。这时，伊兰匆匆收拾了包袱出来，习惯性的刚想和卫青一起爬上那辆马车，旁边骑马的锦衣卫冷眼看下来，顺手把伊兰一提，就让他坐在了马背上。伊兰反应过来后，后惊不已，幸好他没能爬上的马车呀。之前同卫青出行时，卫青都让他上车同坐习惯了。 可这是大都督的马车，岂是他一个丫鬟能够随随便便爬的？于是依兰绷紧了身体，规规矩矩地坐在马背上。卫青则撩起帘子，抬脚就轻巧地翻了上去。然而当他打开马车的锦帘时，迎面便有一股凉爽的冷气拂面而来，简直是夏日里的救星。这宽大的马车角落里放置了一个木桶，木桶内装的是银白色的消暑用的冰块。而正中间，卫青抬眼便看见殷锦正闲暇地坐在那里。 他衣袍整洁，除了上次被卫青弄乱了衣襟以外，其余时候卫青就没见他乱过。这时，马车悠悠驶离了卫家大门前，马车里静默片刻，卫青从愕然中回神，道：“不是说重伤了吗？”他一边说着，一边拿起阴景的手腕，枕了枕他的脉象，结果脸一抽。他还以为他可以尽快还了他的人情，就和他两清了呢。可是脉象四平八稳，这货哪有受伤的样子？卫青看了看他，道：“阴都督是不是觉得天热太无聊了？” 不光是他，还有他手底下的锦衣卫都一副板正严肃的样子，搞得好像真跟他伤的只剩一口气似的，还让他带衣服，说是几日不能回。现在看见殷锦好端端的坐在他面前，弄得他莫名其妙。结果殷锦悠悠的告诉他：“你当谁天热喜欢做事，还不是为了口饭吃？”卫青，大都督为了口饭吃，这炎炎烈日之下还劳累奔波，说出来真是好感人哦。卫青抽着嘴角道：“可我不缺这口饭吃，因都督是做大事的人，带上我做甚？” 天儿热，人也跟着犯懒。卫青一点也不想出来走动。阴颈合着的双目轻轻睁开，细长的眼梢中眸光温敏似水，看着卫青道：“你可以把这当做是一次报恩的机会。上都上了贼车了，还有的他选择的余地吗？”卫青道：“这回过后，你我两清了。”虽他坦然的稳坐下来，又道：“如此甚好。”马车里又安静了一会儿，紧帘垂下来，挡住了外面浓烈的阳光，使得光线也有些暗淡。 这车厢里清冷的檀香从殷井身上散发出来，直往他感官里面钻。卫青忍不住稍稍拨了拨紧密的窗帘，光线乍然穿入，车厢里也跟着豁然一亮。卫青道：“虽然是回报你，但要去哪儿，我总应该先知道。”结果卫青只来得及看见外面的一副街景，随后就被殷井伸手过来，绕过卫青井边，拉着帘子挡住了窗口。卫青回头看殷井，只听他道：“暑气进来，冰化的快。”卫青看了一眼那桶里的冰，已经化去了一半的样子。 他默默地把帘子拉得更紧密一些。诚然，和外面的暑热比起来，这车厢里还是凉爽舒服的多，比他的风小院还要凉快。后来，两个怕热的人沉默而和谐地静静相处。卫青靠在软枕上，舒服的一动也不想动。等马车停后，桶里的冰已经化成了水。锦衣卫在外面说：“大都督到了。”当卫青从马车里下来时，发现已经到了郊野外。他眯着眼，仰头望着眼前矗立的一座大山，眼下一行人正停靠在这山脚下。 卫青问：“干什么来了？”阴景抬脚往上山的路走，道：“避暑。”卫青无言以对。这深山茂林里，原来还藏着一座避暑山庄，山庄里一切所需用度都已经准备齐全。都指挥使蔡征已经打点好一切，居然真请阴景上山避暑。那么叫他跟着来干什么？难道真是阴景善心大发，带着他一同来避暑的？要知道，卫青之所以上了他的马车，可是听到他遇刺重伤的消息啊。 相信要不了多久，消息就会扩散开来了吧。毕竟阴景太树大招风，隔三差五就要被刺一回的。现在他单独到山庄来，可不就是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吗？难怪阴景说是给他个回报的机会，问了个大槽哦。要是想夺他性命之人，听说他重伤了，全部联合起来攻这避暑山庄，那他小命还要不要了？卫青扶至心灵，蓦然就想起在蔡府时，他问阴景为什么帮他，阴景当时回答的四个字：欠着好还。 更难怪他能对自己有这么大的忍耐力，不仅纵容他借用他的名号，不仅在他半路逃婚时借他马车顺搭，甚至连被他轻薄这件事也忍了。他说儿就有种进了他圈套的糟糕感觉，而自己居然还对他心怀感激。他之前一直想不通贵人是忙的阴景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他身上，现在看来已经再明白不过了。<laughs> 因大都督是那么喜欢做好事的人吗？还接二连三的帮他？答案必须不是。他可能早就想好了，这次上山要带着他一起来寻刺激。 而特地带上一个会医术的人随行跟着，既能让外界真以为殷井受了重伤而避人耳目，又能应对真有人受伤时的突发状况。比起城里的大夫，殷井显然认为卫青更适合担当这个角色。隔三差五被刺一回已经很不幸了，现在他还要主动往山上跑，就差挥着大旗对那些蠢蠢欲动的杀手们道：“我他妈去山上避暑了，来呀，有本事来刺我呀！”他要拿自己做饵，连累他干什么？他们又不是两肋插刀的好兄弟，真是的，好好活着不行吗？ 非要这么想不开。卫青走在半山腰，看着前面阴景的背影，眯着眼，忽然开口道：“阴嘟嘟，我好像有高原反应，一上山就头晕目眩，我看我还是回去好了。”阴景驻足，卫青对依兰使了个眼色，依兰抓紧包袱，主仆俩转身就欲往山下走。下一刻，随行的一队锦衣卫刷刷刷的抽出了刀，大有一副你今天赶走试试看的架势，真是说翻脸就翻脸，一点也没得商量呢。 英锦转过身，站在高几节的台阶处，垂着细长的双眸，不温不火地看着卫青，道：“现在呢，还头晕目眩吗？”卫青可能好点了、啊。英锦一脸表示理解的神色，回身继续往前走。那就好。卫青挪着腿跟在他后面，郁闷地翻了个白眼：“我真是信了你的邪。”事实证明，这山上真是一个避暑圣地，连林间绕转的风都是清浅爽利的。卫青郁闷的心情这才稍稍好转了两分。茂林深处坐落着的一座山庄若隐若现。 那翘起的优美眼角，在清空下很是张扬跋扈。进了山庄后，卫青便和伊兰去找房间安顿下来。这里的每一间房都宽敞明亮、干净整洁。推开屋子朝后的窗户，俨然一幅青山为屏、翠峦叠嶂的画面。偶有白鹤从青山空谷中飞过，叫声高亢而悠扬，越发衬得这个地方清净美丽。卫青倚在窗前，赏心悦目，心想：来都来了，还能怎么着？ 就当真是来避暑的吧，不然浪费了这大好的景致。人要懂得享受，等事情来时再躲得远远的也不迟。但是让卫青想不通的是，既然是打着上山避暑的名义来的，总得象征性地带几个丫鬟、婢女什么的吧？可是这山庄里除了依兰，却连一个多余的丫鬟都没有。那么问题来了，谁做饭呢？卫青在山庄附近逛了两圈回来，日渐黄昏，那幽幽空谷中渐渐笼罩上一层在夕阳下暖红色的薄雾，又是另一番韵味。他回到山庄以后，发现没人开火做饭。 这时，依兰捧着裙子从另一边跑来，裙子里兜着一些新鲜采来的野果。与卫青道：“二小姐吃些吧，奴婢跟着锦衣卫去采来的。”卫青拿了一个果子，啃了两口，边往里走边道：“殷都督呢？”依兰没跟上来，自己一手兜着裙子，一手拿着野果啃得津津有味，胡囵道：“不知道啊，好像他进房以后就没再出来过了。”依兰倒觉得这里很新鲜，以前她都是身居魏府的，哪有机会到这种地方来？就连这采来的野果也觉得万分可口。 卫青却认为很有必要和殷景谈谈这里的伙食问题，于是卫青叼着果子走到殷景房门前，随手扣响了门扉。等了一会儿，里面没人应，卫青便开口道：“殷都督，你在里面吗？出来吃晚饭了。”卫青说完便抽着嘴角看着殷景打开了房门，出现在了门框里。哦，要叫吃饭，大都督才会出来。随后卫青才意识到，如果不是为了吃饭，殷景根本懒得搭理他吧。 他一敲门，英锦便知道是他了。若要换做锦衣卫，必然不会敲门，而是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禀示便可。英锦垂下双目，看着卫青，视线落在他嘴上叼着的半个鲜红果子上。那野果把他的唇修饰成水润的淡粉色。英锦道：“饭呢？”卫青还没做呢。门口里外一高一矮，男子衣袍官帽整齐，女子浅衣薄裙轻逸，在黄昏暮色下十分相得益彰，而又和谐融洽。卫青把野果啃得清脆。 道，你不叫你的锦衣卫们去做饭吗？樱井盯着他的野果，道，他们都是自己解决。你以前不是在乡下待过吗？不会做饭。在乡下的时候，我倒是常常做猪食喂猪。卫青笑眯着眼，戏谑道，早知如此，殷都督为何不叫蔡大人只派几个会做饭的丫鬟来？可话一说完，卫青眼角的笑意就顿住了，唇上湿润润的，还叼着块野果肉。可是樱井却突然伸手来，将他的半颗野果像拿自己的东西一般轻巧的拿走了。 接着，阴景就往野果上卫青没咬过的地方吃了一口，道：“做官做久了，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哪记得这些事也是要人做的？”蔡大人真粗心。卫青不由看着那可怜的野果，提醒道：“喂，我吃过的，你去做饭，一起去，不然谁也别吃。虽说吃野果也不是不能果腹，但是这两人偏偏都是出奇一致的崇尚米粮的物种，厨房里备有柴米油盐，明明可以吃热饭热菜，谁还吃这野果呀？”最后一定。 两人一起去厨房搞吃的，本来还可以叫上依兰帮忙的，可一转眼，依兰就又不知道去什么地方野了。进了厨房，英锦只能从旁协助，生火下锅还是得由卫青来。英锦看着案上堆放着的各类蔬菜，问怎么弄。卫青看他一眼，洗切。英锦片刻就把菜洗净了，又放上了砧板，问怎么切？切片、切丝，随你乐意。 卫青背过身去淘米下锅时，便听见砧板上铮铮铮菜刀落下的声音，极为利落整齐。光是听那声音，仿佛每一刀的力道都精准一致，没有一刀轻的或者是重的。这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真的是很能治愈强迫症啊！卫青听得耳朵十分舒爽，淘米下锅不过片刻功夫。然而当他转过身来时，只见英锦已经把所有的菜都切成了非常均匀纤细的丝儿，并整齐的装在盘里。英锦慢条斯理的收了刀，看向卫青道：“还要做什么？” 这货要是放到现代去做墩子，每个月一定能挣不少钱。卫青默了默，指着其中一碟，就开始挑刺道：“青菜用不着切这么细，妈勒个腿的，做的这么好，不挑点她的刺怎么行？不然心里完全不平衡。”英景端起那碟被他切成丝的青菜，就往角落里扔去。卫青见状，连忙扑过来，按住他的手，道：“你作甚？”英景一脸淡然敏和的神色，倒了，重新来。卫青夺过碟子，放在案台上，一本正经道。 虽然细了些，也不是不能吃，将就吧。但你记住，这盘菜是你没切好。后来夜色朦胧之际，厨房里升起了一缕炊烟，窗户内灯火晕染。眼下伊兰正跟着几个锦衣卫在山里转，锦衣卫打来野物，他也能跟着混几口；锦衣卫采来野果，也会往他手上塞几个。他是卫青的人，总不能让他饿肚子，而且又是姑娘家，让他一个人找食物，难免有些困难且不安全。 依兰渐渐认识到，这些锦衣卫虽然个个面无表情的，但实际上也没那么可怕，还是挺照顾他的。路上，锦衣卫还隐晦的提醒他，没事不要往卫青和英锦面前转，显得多余。他们大都督好不容易有了个红颜知己，闲杂人等莫要去搞黄了。依兰比较好奇，嘴不把门的跟锦衣卫聊天道，听说你们大都督掌管兵马，还有东厂，那你们大都督是太监吗？以前有这种疑问也只是放在心里，但现在有什么办法，跟锦衣卫混熟了吗？ 几个锦衣卫顿足，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回头就阴森森的把依兰看着，道：“你活腻了？”依兰缩了缩脖子，当当当，我没问，真是的，用得着这么吓人吗？那东厂里不都是太监吗？那掌管太监的头头不理，你也是个太监吗？只不过大都督太位高权重，别人面子上都把他当正常人看待罢了。况且听说宫里的太监也是可以娶妻的。依兰这一问起，没想到锦衣卫反应如此强烈。 只有真太监被踩到了痛处，才应该是这种反应啊！依兰心想，说不定就连这些锦衣卫也全部都是太监，回头她一定要好好跟卫青说说，让卫青再慎重考虑一下个人问题。虽然嫁给大都督十分荣光，可要是嫁给一个太监，那下半辈子可怎么整？此时城中的蔡府也张罗着开晚饭了。蔡蒸拿着筷子，看着桌上一桌丰盛的饭菜，突然福至心灵，问蔡夫人：“这些都是后厨里的厨子做的？”蔡夫人点头，问道。 可是有什么问题？蔡征顿时一拍大腿，哎呀，我给殷都督备了柴米油盐菜，可是我忘了给他备做饭的厨子了。蔡从一晚上应该无碍吧？还有那么多锦衣卫在，明日再往山上送厨子便是了。蔡征神经十分大条，继而又心安理得的摆摆手道，不碍事不碍事，反正有锦衣卫，再不济还有二小姐和她的丫鬟呢，肯定饿不死的。哎，我看厨子也别送了，免得殷都督认为我心虚啊，就当从始至终不知道这回事吧。 蔡夫人，蔡从，他这下属当的也推不走心了。蔡夫人还是不放心，道：“二小姐去那山上，定是诸多不便，会不会有什么危险？”蔡征道：“夫人放心，殷都督看上的女子，岂会是一般女子？殷都督肯定会保护她的。”而山庄厨房里，饭锅里冒起了白雾水蒸气，伴随着米饭的清香味。卫青往锅里炒菜的时候，殷景坐在灶前添柴火，火光度亮了他的身姿。他本不应该出现在这厨房里。 可是当他屈着长腿坐在灶前，袍脚轻轻垂落在脚边的木柴上，一手搭在膝上，一手随意拿过木柴往灶堂里放时的光景，竟又意外的恰如其分。灶堂里燃得熊熊旺盛。卫青耐着性子一再提醒我说：“殷大都督中小火就可以了，你是想晚上我们都吃焦糊味炒菜吗？”樱景眉眼亲和，那双细长的眼底里火光在闪烁，有种动人心魄的况味。他闲话家常道：“以前杀人放火都是放大火，现在要中小火，一时还不很习惯。” 他一边如是说着，一边还是将多余的柴火抽了出来。等到吃饭时，卫青盛了两碗饭，走到殷锦身边，递给他一碗。殷锦闻到了他身上淡淡的油烟味，有些温暖。虽然这顿饭做的比较粗糙，但总比吃野果子强啊。卫青吃饱了饭，消化了一阵，感觉身上油腻腻的，油烟味比较重，便寻思着洗个澡。结果刚带着换洗衣裳一出门，就遇上依兰回来了。依兰神神秘秘的对卫青道：“二小姐，奴婢有个秘密。” 卫青道：“打住，有什么秘密？等我洗完澡再说。”下午时，卫青已经把山庄周遭逛过了，有好几处山泉之地。林子后面地泉水清澈干净，又源源流不断，是一汪活泉。那个地方又隐蔽，应该适合洗澡。卫青穿过那片林子，前面便是泉水叮咚的地方。月朗星稀，这山里的月华透着一股清透的味道，与城里不同。城里此刻的月色应该是热的融化成一片以后再洒下来的吧。 然而卫青刚一走到林子边缘，迎面就撞见一人。泉水清灵的声音掩盖了他的足迹声。等卫青抬头定睛一看时，不由见之一愣。真是地方小了，低头不见抬头也得见。面前的人是阴景，与白天形容不太一样，但那张脸上清淡若无的神情却是一样的。无论什么时候，他的衣裳均是穿得整整齐齐的，即使一袭薄衫长衣，那衣襟也叠得分毫不乱。只不过可能刚刚洗过，眼下阴景没有戴官帽。 长发垂散在衣上，带着一股悠悠冷檀香，发梢上的水珠浸润了他的衣衫。你洗好了？卫青视线刚好与他衣襟齐平，没再往上看。嗯，那该我了。两人很有默契的错身而过。等卫青走到泉水边，动手解裙长时，还是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周遭静悄悄的，林子里亦是一片昏暗，早已不见阴景的影子。他这才放下心，除了衣裙便下水。 刚下水时很凉，但慢慢适应过后就觉得浑身舒坦。泉水从高处长满青苔的石壁上漫下来，又缓缓往低处流淌。除了水声，这山里的夜便寂静的只剩下草木风声与稀疏虫鸣。鉴于在这里和阴井不期而遇，卫青便留了个心眼，洗澡时感官敏觉了些，以免还有其他人会这个时候找过来。因而林子里刚响起脚步声时，卫青第一时间便察觉到了，动作迅速的靠近岸边，准备穿衣服。可那脚步声还没走近。 便又终止了去。片刻，司音锦的声音从林子里传来，不轻不重，就顺着清风响起在卫青的耳中。到别处去洗，那些脚步声便听话的调了个方向，越走越远，直到卫青再也听不见。卫青心里发怔，他以为殷景早已离开，没想到他却还在林子里吗？还给自己看上？大都督原来内心这么善良的吗？ 卫青怀着一种离奇的心情，利落地穿好裙子，收好换下来的衣物，把脚就朝林子里方才传来阴景声音的地方走去。可是直到他走回山庄，都再也没碰到过阴景。翌日，昨天晚上时间仓促，饭食可以简单应付，但今天有的是时间弄吃的。卫青跟着阴景到这山上来，不吃好喝好享受好，那真是白来这一趟了。这山庄上空不是时常飘来几朵祥云、几只野鹤吗？ 卫青做了几把弹弓，分派给锦衣卫，等着白鹤唧唧歪歪从上空飞过时，把他们给弄下来，一锅炖。闻着飘香十里的肉汤香味，卫青心情极好。他摇着把团扇，坐在屋檐下等肉汤好。依兰则摇着另一把团扇往炉子里扇风。依兰凑过来，郑重其事道：“二小姐，奴婢有话说。”卫青见汤锅里热气腾腾，火候应该差不多了，就先舀了一碗起来尝尝鲜。 他不紧不慢地往汤面上撒几许葱花末，吹了几下，再小小的抿了一口，续着气悠悠道：“昨个你好像是有什么秘密没说，憋一晚上快憋坏了吧？”“嗯，这汤真不错。”卫青又喝了一口。伊兰此刻的注意力压根不在汤上，他神情古怪，瞅了瞅四下没人，然后凑到卫青耳朵边道：“大都督好像是个太监。”这话一出，卫青冷不防一口汤喷了出来，满下巴都是。伊兰为了增强说服力，又道：“不光大都督。” 好像他的锦衣卫个个也都是太监，奴婢昨晚已经打探清楚了，他们默认了。卫青，依兰还道卫大人说大都督在京城掌管东厂是吧？东厂里一窝子太监，你说大都督怎么可能是个正常男子？奴婢现在告诉二小姐，也是想二小姐有个心理准备，别等将来嫁过去了才发现大都督他没有，嗯，没有那个，可就亏大了。卫青看着依兰一脸认真又羞涩的神色，真真是嘴角狂抽，无言以对。谁说她要嫁给樱景了？ 忽悠一下卫家人也就罢了，依兰也跟着凑热闹。要知道凑热闹的可不止依兰一人啊，还有那群锦衣卫凑的热闹的很呢、啊。依兰与卫青凑在一堆，提醒道：“不过这件事二小姐心里清楚就行了，可不要说出来。他们这些太监心思敏感脆弱，约莫是很忌讳别人说出来的。”哎，大都督过来了，二小姐千万要保持镇定。卫青倒镇定的很，就是依兰有点凌乱。依兰一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又忍不住朝阴井乱瞟，全然一副心虚的样子。 英锦一过来，依兰就被锦衣卫面无表情的使了个眼神，给支走了。卫青仔细看了英锦两眼，然后舀了一碗肉汤，撒了几许葱末，递给了他。这货哪里看起来像个太监？卫青眼神顺着他的脸，不由往下移，扫过他的胸膛，扫过他的腰腹，再往下一点，然后定住。那眼神磊落坦荡的，就好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好像哪里看起来都不像。只不过看人不能看表面，有些他看不见的地方，不知道还有没有。 阴景低头喝汤时，顺便把葱末挑了出来，语气十分嫌淡，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道：“目不转睛，不害臊的吗？”卫青眯了眯眼，从善如流道：“阴都督今天真好看。”阴景垂着眼帘看着他，无语。星号星号星号，昨天卫青从魏府里出来的匆忙，魏琼九后来才得知，卫青是去给阴景治伤去了，阴景遇刺受了重伤，因而魏琼九彻夜难眠。 正好这阵子魏慈叔经常到梅娘这里留宿，他便从魏慈叔这里得知，英景此刻应该是在山上的避暑山庄里疗养。这事是由蔡征在安排，大都督重伤，本来牵连重大，可奇怪的是消息并没有封锁下来。魏慈叔身为行省高官，自然不难知道。魏琼九默然忧心忡忡地对魏慈叔道：“爹，难道真的信得过二姐吗？”魏慈叔一顿，看向魏琼九。魏琼九道：“自从二姐从乡下回来以后，行事乖张，捉摸不定。” 他和大都督在一起了，若是真心孝顺祖母和爹娘，那自然好。可要是他超出了祖母和父亲的控制，又怎么办呢？这其实一直是为慈叔忧虑的地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不假，可一人得道，同样也能把其他所有人打压进泥潭里。魏青才小小年纪便能结交都指挥使，又能攀上大都督，加上他之前所作所为，让魏慈叔丝毫不敢掉以轻心。若是将来他知道妙兰是怎么死的，魏慈叔眉头直跳，根本无法想象。 因而，现在卫青和大都督在一起，对于卫辞叔来说，一半是忌惮，一半是忧虑。卫琼九的话正好说到了卫辞叔的心坎里。卫琼九见卫辞叔沉吟不语，便上前咚地跪在了卫辞叔面前，道：“女儿与二姐的关系不差，二姐肯定忙不过来，爹让女儿去帮她忙吧。”他抬起头，真挚地望着卫辞叔，如此女儿也好帮爹看着二姐，女儿一定会万分谨慎，不惹大都督厌烦生气的。说罢，卫琼九对梅姨娘使了个眼色。 梅娘便状似无意的柔柔媚媚的开口道：“我们琼九长大了，自从上回大都督来过了以后，便魂不守舍了呢。”魏慈叔一愣，见魏琼九满脸羞涩，他魏家的女儿若是能有第二个入得阴景的眼，那他万不希望阴景身边的人是魏青。遂魏慈叔看着魏琼九道：“大都督喜怒无常，上次你大姐的事便是个很好的例子。如此，你还想要去吗？”魏琼九垂头道：“女儿不会强求。” 女儿只是想，若能接近二姐和大都督，做爹的耳目，能帮到爹一二，也就知足了。良久，魏慈叔道：“你起来吧，明日我派人送你过去，你自行上山。大都督肯不肯留你，也就看你的本事了。在卫青身边安插一个耳目也好，不至于出了事手足无措。这魏琼九在府里一向乖顺，从不与谁为敌。魏慈叔想，卫青对他应该是没什么戒心的。魏琼九闻言，心上一喜，尽量不形于色，跪谢过后便退出去了。” 他一回房间，便让丫鬟帮他挑选首饰和衣裙。到了大都督面前，当然要是最美的样子。要想接近那个男子，还得靠着卫青的关系。卫琼九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卫琼九看着铜镜里的自己，也是精致豆蔻少女的模样。大都督能够看上卫青，为什么不能看上他？星号星号星号，关于樱井的那个秘密，卫青觉得伊兰可能是对此有什么误解。然而伊兰却拍着胸脯一百个保证，说连锦衣卫都承认了。卫青当然不能和他争辩什么。 所以，自从伊兰给卫青说了以后，每次殷景衣在他面前出现，他的眼神就不受控制的磊落又坦荡的要往下看几眼。他深深的感觉遭到了伊兰的洗脑。殷景是不是太监，与他有什么关系呢？卫青捏了捏额角，果然，八卦是会传染的呀。一定是这山上太险了。庄子后面的山坡上，这个时节开了许多鲜花。平时卫青也不是喜爱鲜花的人，但还是带着伊兰去后山采了许多回来。伊兰起初很疑惑。 道：“二小姐是想采来插在房里吗？可是也用不了这么多呀、啊。”卫青神色柔和，轻道：“我是用不了，但有人喜欢这个，把鲜花做成干花，应该就不会那么过敏了。”最后采了好大一束花回来，卫青把它们分类扎成一小束一小束的，然后挂在屋檐下风干。一阵悠悠古风从背后的空谷吹来，携带着淡淡的花香。然后卫青听到上空的鹤鸣，就淡定的拾掇着弹弓，准备改善时了。 卫青以为等这山上的野鹤吃光的时候，该来的肯定就会来了。眼下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可没想到杀手没等来，却先等来了一个不速之客。魏琼九和他的丫鬟是被锦衣卫打包拎上山庄来的。锦衣卫可一点也不怜香惜玉，一路上像拎小鸡一样把魏琼居拎的拆横并散，狼狈的很。本想将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呈现在阴井面前，这下泡汤了。魏琼居是又惧又恼，却不敢得罪锦衣卫。 一路上都在不停地伸手整理自己的头发和衣裳。彼时卫青正坐在屋檐下守着一锅喝肉汤呢，肉汤里咕噜咕噜冒着清脆的气泡。锦衣卫不着急把魏琼九放下，对卫青道：“此人说是二小姐的三妹，不知二小姐可识得她？”卫青眯着眼朝魏琼九看去，魏琼九惊慌如小鹿般，单纯又无害，像是快要哭出来，道：“二姐，我是琼九啊，我只是上山来看看你，没想到他们。若要是卫青说不认识他。” 估计这些锦衣卫不会放过他，把他丢下山算他命大；若是直接做了，也算他运气不佳。魏琼九自以为他和魏青的关系还不算僵，眼下只有先留下来了，才能再想其他。片刻，魏青就温善和气的笑了起来，因为魏琼九的到来，他是真的很高兴。与锦衣卫道：“她确实是我三妹，快快放开他，你们莫要吓着她了。”魏琼九放了放心，果然魏青对他还是丝毫戒心都没有的。锦衣卫闻言，这才放开了他和丫鬟。魏琼九连忙整理了一下。 进前来到，先前在府里，我听说大都督受伤了，二姐专程来帮大都督疗伤。眼下大都督可在这山庄里，他的伤怎么样？好些了吗？说着，魏琼九便不住的抬头四下张望，焦急的寻找着那抹让他茶饭不思、魂牵梦萦的身影。可是廊下空荡荡的，屋檐下悬挂着的花束晃悠悠，散发着阵阵花香，而各个房间的房门却是紧闭着的，并没有见到英景的影子。魏青看了看魏琼九的神情，若无其事的笑道。 三妹放心，大都督无恙。三妹不是说来看我的吗？怎么却是先问起大都督来了？魏琼九敛了脸，颜色道：“二姐帮大都督疗伤，我也只是问一句罢了。我怕二姐一个人忙不过来，所以来是想帮二姐的。二姐若是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说便是。”魏青勾了勾唇，不置可否。他随手揭开了炖着喝肉汤的锅盖，不紧不慢地往锅里舀了一碗肉汤，撒上几许葱末，对路过的锦衣卫道：“去叫殷都督，说汤好了。” 叫英景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他吃的弄好了。果真，不一会儿，英景就出的房门，绕过清风舒朗的回廊，朝这边走来。魏琼九抬眼看见他时，都愣住了。不是说受了重伤吗？眼下看起来就无恙。只不过魏琼九哪里想得到，许多全被英景给勾走了魂了。英景走到魏青身边，撩衣缓,缓缓坐下。魏青把一碗汤递给他，他又开始挑葱末。尽管每一次他都挑，却一次都不曾告诉魏青，他不吃葱。 仿佛这变成了漫漫时光里养起来的一种习惯。魏琼九压了压自己的心跳，揉着嗓子福礼道：“请大都督留下琼九，让琼九为大都督尽一份力吧。”魏琼九这个礼服了许久，都等不到阴景的回答。他悄悄抬起眼帘瞄了一眼，阴景正喝汤呢。魏青冷不防手肘一哆，碰了碰阴景的手肘，碰得他碗里的肉汤一抖。阴景侧头看他一眼，魏青清,清了清嗓道：“我三妹想留下来，阴都督说句话吧。” 我与我三妹关系是很要好的，大概都是明白人的缘故，只需要一个眼神，彼此就能心领神会。樱井继续挑肉汤里的葱末，抬眸时双眸里又是那一副欺骗世人的温敏慈悲相，道：“嗯，既然关系这么好，当然是该留下。”魏琼九一喜，连忙谢恩。魏青笑眯眯道：“依兰，带三小姐去熟悉一下，然后安排好房间。”魏琼九在山庄里住下后，随时将自己收拾的妥帖精致。魏青觉得这山上的风景线都不一样了。 果然还是新人新气象啊！和魏琼居相比起来，魏琼九觉得自己还是比那位狄大小姐能干一些，在殷景面前不至于连杯酒都斟不好。而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要先抓住男人的胃。近来在魏府，梅姨娘便是靠着厨艺笼络魏慈叔的心的。魏琼九当然是按此道，但是他可能没摸清楚山上的情况，才一来就主动从魏青的手上接过了给殷景做饭炖汤的差事。魏青自是十分大方地交给魏琼九。 要知道，在魏琼九上山之前，一日三餐，每顿都是魏青淘米做饭，而英锦帮着切菜烧火呀。这下好，山下来人儿了。要是不留他下来，那不是丧尽天良吗？自从魏琼九接手以后，英锦就再也没烧过火、切过菜，魏青就再也没淘过米、炒过菜。他跟着英锦蹭吃蹭喝，两人实在不能再心安理得。等魏琼九总算回味过来了，终于发现阿咧，怎么事情好像和他想象的不一样？他本以为这山上应该有大批的丫鬟仆人，以供差遣才对。 可是除了他自己的丫鬟和卫青的丫鬟，竟连一个多余的下人都没有。他要做任何事，包括打洗澡水，都要自己亲力亲为。不光如此，魏琼九从最初给殷景一个人做饭，渐渐演变成给山上大批的锦衣卫做饭了。他每天从早忙到晚，累得哪有时间再好好打扮自己？除了吃饭的时间之外，他连殷景的面都很少见到。依兰有些同情他，私下与卫青道：“三小姐来之前，锦衣卫都不围桌吃饭的。” 怎么他一来，锦衣卫每顿都要吃几大碗？卫青瞥他一眼道：“你懂什么？当然是三妹厨艺好，做的饭菜好吃。”依兰回味了一下，道：“好吃吗？奴婢怎么觉得比卫府厨子的厨艺还差了一截呢？”卫青，这些锦衣卫都是干力气活的，又不挑嘴。魏琼九自己也知道，若是他再这么任劳任怨下去，恐怕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反会让英锦觉得他廉价。 后来有一次魏琼九做饭的时候，厨房里发出乒乒乓乓花的声音，他不小心碰掉了锅勺碗盆，哗啦啦碎了一地。锅里正煎着热油，几滴水溅了进去，在魏琼九的手臂上烫起了几个水泡。魏琼九疼得眼泪哗哗直打转，这下子魏琼九便不能再继续做饭了，锦衣卫没也不能按时按点的围桌吃饭了，对此十分遗憾。魏琼九手臂上的烫伤需得处理，魏青给他抹药时，他便内疚自责道：“都是我不小心。” 二姐，你会怪我吗？抹好了药，卫青若无其事道：“三妹也是一片好心，没有谁会怪你。只不过三妹在这里不习惯，还是早早下山回去的好。这山上不是个久留之地。”魏琼九委屈巴巴地看着他道：“是因为我做的不好，二姐要赶我走吗？”卫青眯了眯眼：“我只是提前与你说一声，免得到时候你说我没提醒你。”魏琼九低垂着头，浓浓的睫毛挡住了那一双灰暗的瞳仁。他欣赏着自己手臂上的水泡，口中却情真意切道。 我一直蛮喜欢二姐的，是真心想帮二姐。要是我现在回去了，爹一定会不高兴的。他抬起头时，咬着嘴唇，又道：“是爹要我来的，但我不想出卖二姐。”卫青挑了挑唇，温和道：“是吗？真是为难你了。”卫琼九信誓旦旦的保证：“二姐放心，爹要是问起什么来，我一定不会多说的。”卫青怎会不知？若是没有魏慈叔的首肯，卫琼九怎么可能会顺利到这里来？当然，他自己若是没有这个意愿，魏慈叔还能强迫他不成？ 眼下魏慈叔可不是敢轻举妄动的时候。听起来这么迫不得已，想当初周家婚事闹得沸沸扬扬之际，魏琼九不想嫁，不也照样躲过去了？魏琼九养伤时，也不忘带伤给殷景做点点心、甜汤什么的，夜里往殷景的房中送去，结果恰好被准备回房的依兰给撞见了去。依兰在墙边偷瞄着，看见殷景打开房门，她房间里的光云出来，把魏琼九的身姿衬得娇小柔媚。 魏琼九不施粉黛，面色含笑的与阴景说着话，并把自己做好的东西送上。依兰起初还有点同情魏琼九的遭遇，但现在她有点生气，气冲冲的来找魏青。一进门，依兰便说道：“奴婢看三小姐是来者不善，二小姐还是赶紧寻个由头把她弄下山算了。”魏青看了看她道：“看到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依兰道：“奴婢方才看见三小姐大晚上的给大都督送吃的呢，这月黑风高，孤男寡女的，可不就是勾搭大都督？” 越想越觉得是这样，依兰恍然又道：“难怪他对大都督的饮食起居如此在意，哪是上山来给二小姐帮忙的，分明是来跟二小姐抢大都督的。”见卫青没什么反应，依兰坐到卫青面前，一脸义愤填膺地拍桌道：“你是没看见今晚三小姐穿的那样，外头就罩着一件薄纱，都能看见胳膊膀子了。二小姐这件事你得重视。”卫青支着头睨他一眼：“你不是说大都督是个太监吗？还怕人抢？”依兰默了默，又理直气壮道。 就算是太监，那也是个抢手的太监。谁都知道，现在大都督是和二小姐你在一起的。如此，三小姐还要插足进来，那就是心怀不轨。二小姐必须不能掉以轻心。要是被自己的三妹捷足先登，挖了墙角，就问二小姐你丢不丢脸？卫青，依兰跟着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皮了？但是这女人的心思还真别猜，变幻的如同天上的云卷云舒。前一刻依兰还让她慎重考虑，下一刻就让她看好抓紧。 说白了，有的你考虑选择的时候，那是因为你还没遇上竞争对手。卫青揉了揉额头，只道：“伊兰呐，殷都督看起来是那么好勾搭的吗？你们是不是对他有什么误解？”伊兰也知道上次魏琼居的事，想了想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奴婢方才看大都督对三小姐可和颜悦色了。”卫青是吗？伊兰重重点头，千真万确。卫青便悠悠道：“那说明三妹要倒大霉了呀。” 只不过伊兰口说无凭，任他说的天花乱坠，也不如卫青亲眼见过一回来的刺激。夜里卫青习惯去林子后面的山泉里洗澡，他和阴井已经达成了共识，每次都是阴井先，他随后来时，阴井基本已经洗完了。两人在林子里遇见时，还能面不改色的点头打个招呼。自从第一次阴井帮他潜走了锦衣卫后，那些锦衣卫便再没到这处来过。今夜卫青照例去山泉那边，便看见阴井从林子里出来，他披着长发，眉目清和温浅。 比月色无暇。可等卫青洗完澡回来，发现他没有回房间，而是站在门前廊下。魏琼九出现在他面前，笑语嫣然的与他说话。卫青已在廊外的一棵海棠树下，饶有兴味的观摩了一会儿。卫青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殷都督最近大约真是闲得慌，很需得找点消遣。这时，魏琼九眼尾的目光瞟到了海棠树下的那抹身影。他在与殷景告辞之际，脚下突然不小心绊了一下，便惊慌的往殷景怀中靠了靠。 当时，英锦低着眼帘，只是看着他，那缕目光不悲不喜，深不可测。魏琼九知晓拿捏分寸，既是不小心的，便不能在他怀中停留太久，欲拒还迎才是真谛。因而他定了定神，便连忙往后退了两步，歉疚道：“大都督，对不起，我方才没注意脚下。”说着，不经意间一侧头，看见了魏青，脸上慌乱之色更甚。啊，二姐，不是你看到的那样，我只是被绊倒了，幸好大都督挡在前面，才没有跌倒。 卫青缓缓从海棠树下走出来，笑道：“三妹不用紧张，我看到的也确实是你被绊倒了，银都督刚好替你挡了一下而已。”卫琼九脸色僵了僵，道：“二姐没有误会就好。”最后，卫青同卫琼九一起回去休息，两人的房间隔得不远。夜风拂来，屋檐下花枝浮动，卷带着一股暗香。卫青步履从容，快要到时，卫琼九终于打破了沉默，开口道：“二姐喜欢大都督，我是万不会与二姐抢的。” 卫青在门前顿住脚步，侧身看他片刻，道：“你就是抢也无妨，你若能把他抢走，也是你的本事。”魏琼九一愣，抬起头来，那双往日单纯的眼里，此刻野心毕露，但眨眼间又被他收敛的干干净净的。魏琼九满脸羞涩道：“我虽然喜欢大都督，但我不会破坏你们。”卫青勾了勾唇角，不置可否，推门进屋了。魏琼九在他门前站了一会儿，直到卫青房中的灯火熄了，他一双纯真的眼睛仿佛也跟着熄了一般阴暗下来。 卫青可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亲吻大都督，为什么他不可以？几天时间下来，英锦的饮食可都是他在打理，他自认为与他也算很熟了。英锦一直没有拒绝他，魏琼九便渐渐相信他不会拒绝他。魏琼九可没有忽略，今晚英锦从那林子里出来时一身清润，而卫青也是从林子里出来的，不难看出是洗澡了回来的。这山庄附近不缺活泉，难道他们在一个地方洗澡？魏琼九怀着这样的念头，转身回了自己的屋子。 是夜，山间临风不绝，天上有云，有点变天的味道。以往的月色星辉不再那么空灵，反有些暗淡模糊。魏琼九怀着忐忑的心情穿过了那片林子，听到清脆叮咚的泉水声，他站在了泉水边。今夜阴井前脚一走，他后脚便跟了上来。果真，阴井在此处。他看着泉水里泡着的人，深吸一口气，把紧张压下，柔媚苏甜的唤了一声：“大都督。”山上的机会非常难得，若是这次错过了。 下次不知又要到何时。好不容易能够这般接近他，魏琼九可以抛下一切，他多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他的女人。魏青应该也会到这里来洗澡的吧？他若是来了，亲眼看见他们在一起，应该就会知难而退吧？魏琼九满心想的都是如何把阴景变成自己的，如何赶走魏青，叫他再也无法惦记。大都督应该是对他有好感的，所以这几天下来才一直没拒绝他的好意。他若是不喜欢，他对魏琼居都那般无情，为什么对他却没有？ 魏琼九亭亭玉立地站在那里，赤着双足，神色迷蒙地伸手解了自己的薄衣裙衫。后来，英景随手捻起岸边的衣裳，出水时连点水花都没有。请客将长衣披在身上，背对着泉水潭，湿润的手指徐徐地整理自己的衣襟。他身后水中挣扎的剧烈，水花哗哗作响。大都督，嗯，救我！大都督救我！英景慢条斯理地系上衣带，恍若未闻。魏琼九不会浮水，他一心想亲近英景。 以为下水以后总能够攀附住他，可是哪里想到刚一下去，泉水站凉，这水潭比他想象中要深，双脚根本触不到底。好不容易踩到潭壁上的石头，十分湿滑，他一紧张就栽进了水里去。最后他连阴景的手指头都没碰到，便溺在水里开始挣扎。阴景绕开他上岸更衣，魏琼九在叫他两声得不到答应后，便意识到他根本不会搭救自己，于是开始大声呼救。 他心里冷如九天寒窖，以为殷锦待他多少是和魏琼居不同的，可没想到他对待自己的结果却是一样的。很快，魏琼九就没力气了，呼叫的声音也弱了去。他在水里沉沉浮浮,浮，不知被灌了多少水，可是他浑浑噩噩的，就是能感觉到殷锦就站在旁边看着，那道修长的影子，临风不动，宛如地狱里出来的恶鬼。恐惧侵占了魏琼九整个身心，死亡离他越来越近，他所有的感官都被清冷的泉水里塞满。 大都督救命！我错了，再也不敢了。可惜始终无人答应他。卫青走在林子里时，便听到了魏琼九的呼救，不由加快脚步赶过来。然而当他跑到泉水池边一看时，魏琼九已经没有了挣扎的痕迹，脸面朝下淹在水里，整个身子不着寸缕，像具血尸。卫青也没料到魏琼九竟会这么大胆，敢这样来招惹阴井，那真真就是实打实找死了。卫青眼疾手快，当即下水去，一把将魏琼九拽了起来。 平摊在地上，随手扯过一件衣裳盖在他身上，探了探他的呼吸，然后利落的给他做心肺复苏。卫青一边按压着卫琼九的胸膛，一边头也不抬的对阴景说道：“阴都督还真是看得下去，这少女花花肠子虽多了点，至于要了他的命？”阴景看着他手上的行为，又见他往卫琼九嘴里吹气，一套动作很是流利新奇。阴景道：“以往看人垂死挣扎看习惯了，一时忘了她是你三妹，说的好像他记得卫琼九是他三妹就会手下留情似的。” 卫青忙着救人，真是一句都不想听他胡扯。他看起来平易近人，说话也随和，若是这样就认为他很好相处，那真是大错特错。当你越是以为他温善慈和好接近的时候，便越是在诱你步步深入，待你放松警惕之时，再一招弄死你。不然他能容忍魏琼九一再放肆？别说魏琼九是他三妹了，就是他亲自上阵，敢这样招惹殷景，恐怕殷景下手也不带留情的。上回强吻了他一下，他忍了，完全是因为他对他刚好有用。 这大都督打打杀杀玩弄人命的，懂什么风花雪月儿女情长？还指望他对女人开窍有了兴趣？这位家姐妹先后赴死自献，也太看得起他了。所以这种男人好看又如何？位高权重又如何？特么的浑身都是毒啊！卫青弄得满头大汗，裙角蹙在脚边又湿又重，手上也分毫不敢停。好一会儿，卫琼九蹙了蹙眉头，终于有了反应，歪头就喷出一大口水。 紧接着，卫青又让他接连吐了几口水，这条命总算是捡回来了。你竟能把他救活，英锦的语气听起来有点遗憾。魏琼九还很恍惚，不知身在何方，可是，一听到那清浅似风的声音，顿时惊醒过来，犹如见到了厉鬼一般，开始大呼大叫，一个劲的往卫青怀里躲。二姐救我，救我！他浑身哆嗦，连头也不敢抬。 魏琼九回过神来，见自己盖着的湿衣上下光溜溜的，司及先前种种，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对一个男人现身，结果却受到了这样的对待。魏琼九既惊恐又委屈，万分凄楚的哭了起来，紧紧抓着魏青不肯放。魏青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他不能离他半步。随后，阴警道了一声出来，便有两名锦衣卫从漆黑的林子里现身。方才这边发出动静时，他们就已经第一时间赶到了，只不过看见阴警在此，不需要他们露面罢了。 殷景道：“三小姐失足落水，受了惊吓，带她回去休息。”是。魏琼九惊叫着：“不要！”可还是抵不住两个锦衣卫上前来，直接把他紧裹着一件薄衫的身躯扛走了。锦衣卫把魏琼九带走以后，这处总算安静了下来，只剩下风声与犬声。卫青有些脱力，顺势坐在地上，若无其事的给自己的裙角拧水。虽说出了一身汗，可谁还想在这个地方洗澡？卫青忽然开口道：“那日你是不是也恨不得把我弄死？” 哪日，英锦低头整了整自己的袖角，漫不经心。卫青抬头看他，他一垂眼看下来，两人视线碰到了一起。卫青道：“我吻你那日，当时你拿住我的手腕时，一定考虑过，到底是劈断我的手，还是跟我逢场作戏下去。最后你选择了后者。”英锦随和不经意道：“弄死你我会觉得可惜，弄死他们不？”卫青愣了愣，失笑道：“那是，不然谁还冒着生命危险跟你上山来？他们本来就是各取所需。” 只是极少有人真的了解过阴景。有时候他留下一个人，或许真的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比如这个人坐下和他聊天喝茶时，他不觉得讨厌，能将话题聊下去。比如这个人有自知之明，摆得正自己的位置，也看得清他的位置。还比如，即使在抓着他的衣襟突然亲吻他时，他看到的是他眼底里的清醒算计，而不是盲目沉醉。这山上的天说变就变，过了昨晚一个不怎么晴朗的夜晚以后，今日天空中是乌云密布。 即将有一场暴风雨来临，因而山上四周安静的出奇，隐隐笼罩着一股肃杀。依兰今早还在对卫青说道：“二小姐，是不是那些野鹤都被吃光了？这山上总觉得安静的有点过分了。”卫青若无其事道：“可能人多杀气重，被吓跑了吧。”依兰想，这些锦衣卫杀气确实蛮重的。昨晚魏琼九溺水过后，今日还不很清醒，卫青只好请阴警派锦衣卫把他送回家。魏琼九脸色还是惨白惨白的。 这次无功而返，还险些丧命，让他如何能干？他走不动路，是由锦衣卫扛着下山的。锦衣卫送魏琼九下山时，依兰站在屋檐下目送着，还挥挥手道：“三小姐慢走啊！”依兰面上做出不舍状，心里却是相当痛快的，让他没事瞎作死，解气呀、啊！等下山的锦衣卫远的不见了影子后，依兰才啧啧叹道：“幸好大都督是那个提不起兴致的，要是三小姐知道真相了，估计得气死。好端端的却看上大都督，算他倒霉。” 话音儿一落，背后冷不防响起一道声音：“本都是哪个？”依兰一哆嗦，回头看见殷景野站在屋檐下，不由连忙往卫青身边挪了挪，将将道：“奴婢是说，幸好大都督英明神武，不受蛊惑。哈哈，二小姐，奴婢说的对吧？”卫青眯着眼看向屋檐外阴沉沉的天，忽然平和而又沉缓道：“依兰，要不你也下山先回去？”依兰一听，摇头道：“奴婢要与二小姐一起回，她一个人回魏家有什么好的？没有跟卫青在一起，心里反而不踏实呢。” 还是在这山上好照应。英锦抬了抬眼眸，意识看向天外，眼底微沉。片刻，卫青转身进屋，道：“那把檐下的干花收一收，起风了，回头别沾了雨气。”哦，依兰应道。半天的功夫，锦衣卫把魏琼九送走后回来，直接进了英锦的屋子。卫青没空理会他，带着依兰就进了林子，砍了一些柔韧的树枝下来，在山上寻了一个偏僻的地方，用枝叶搭了一个小棚子。依兰并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但卫青做的十分认真，他便只好和卫青一起把小棚子搭得紧密又结实。然等弄好之后，卫青却告诉他，这是要用来躲雨的。依兰就疑惑了，道：“山庄里放着好好的房间不用，到这里来躲雨吗？”卫青勾了勾唇，道：“啊，偶尔也要有点情趣嘛。”忙完了回来，卫青经过阴井的房门前时，见他门扉虚掩着，脚步顿了顿，还是敲了敲门。卫青推开门时，看见阴井正坐在椅上，一只手肘放在旁边茶几沿。 手里拿着一封信在看，等他看完以后，把信徐徐塞进了信封里，又抽出另一封信来看，脸上半分情绪都不会漏。等他看完了，卫青才问道：“今晚吃什么？”阴景寻常道：“看着吃。”可要我切菜？卫青转身走了出去，道：“阴都督若是还很闲的话。”两人进了厨房，又如刚到山庄来时的那个晚上，分工明确，默契。那铮铮铮的刀切声整齐利落，厨房里飘出米粒的香味。对坐吃饭时，屋外雷声大作。 但两人都丝毫不受影响，卫青像跟他闲聊一样提议道：“要不这顿吃了过后，咱们还是散伙，我下山回家去。殷都督留在山上继续避暑，还能听雨。”殷景筷子停顿了一下，看他道：“这个时候散伙，你良心不痛吗？”卫青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胸口，答道：“啊，还真是一点都不痛嘞。”那嫁妆，殷景也是一副闲聊的语气。卫青沉下脸，当初要是早早的有这么一出，他一定会慎重考虑把嫁妆交到这个混账手上。 他娘留下的遗产怎么能不明不白的败在他这种人手上？况且还是他下半辈子的保障。卫青抽了抽嘴角，道：“方才只是跟殷都督开个玩笑，我怎么可能良心不痛呢？殷都督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都要痛死了。”殷景道：“我若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就不光是痛死那么简单了。”卫青便跟他实事求是道：“所以这山里的锦衣卫是不是少了点？这次来的不知有多少人，更不知实力深浅。” 可既然是一门心思上山来拿樱井性命的，肯定是精锐部队少不了。樱井不语，卫青又揉额头道：“各个击破不好吗？非得要一网打尽，还冒这么大风险？你当我闲吗？这几天他还真的挺闲的。”樱井很形象的形容炖野鹤时，一只一只炖不比一锅炖费柴火。卫青想了想，正经道：“我也喜欢一锅炖，不仅肉多，汤汁也浓，再撒点葱末，简直完美。”樱井，我不喜欢葱末。这话题。 是不是偏的有点离奇了？但是提到一锅炖，两人表示达成了共识。诚然，殷井这一路都在被刺，也是挺让人同情的。顾卫青也不想着下山了，反正想也没用。吃完了饭，他就放下碗筷起身，道：“那今晚我得出去躲躲雨，等雨停了再回来。”话音刚一落，冷不防外面的夜色中便有一道银白的闪电山下来，雪雪发亮。紧接着轰雷震响，雨点打落在树叶草木上，发出粗犷的沙沙声。殷井问他：“你会杀人吗？” 卫青眯着眼，门外湿润的语气迎面袭来。他道：“殷都督，我手无缚鸡之力的，那边躲紧点。”伊兰终于意识到事情可能不对，在被卫青拎着梗子往林子里钻时，他紧张道：“二小姐，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啊？今晚锦衣卫一个人影都不见，你随我去躲雨就行了。”很快，主仆两人就找到了下午搭的棚子，紧挨着躲了进去。棚子虽然有点漏雨，但是躲一晚上应该不是问题。大雨倾盆而下。 是入夏以来最为雨量充沛的一次，整个山上都被冲耳的雨声所掩盖。一道道黑影在山间飞窜，所至之处刀光剑影，在雷鸣闪电下尤为惊心动魄。温热的鲜血刚一淌出，就被滚滚雨水给冲刷了去。那条上山的长街，尸体横陈，顺着台阶流淌不停的雨水，在银光闪电下都被染成了红色。在卫青和伊兰所待的地方，起初只能听到雨声，可是渐渐的，连伊兰都能听到那兵器碰撞厮杀的声音。 说明杀手已经杀上山来了。依兰紧紧把自己抱着，不知是冷的还是害怕的，仍止不住瑟瑟发抖。她终于明白卫青为什么要带她出来躲雨了，原来是出来躲避刺杀的呀。那厮杀声久久不绝，依兰忍不住侧头看着卫青，道：“二小姐，这样下去没问题吗？要是大都督他们不敌？”卫青靠着树枝，闭目养神，片刻才道：“若是不敌，杀手取了他的性命，自然就会下山去。”依兰没想到卫青回答得如此理智。 可是大都督真要是死了，以后二小姐可不就没有靠山了吗？哎，岂止是没有了靠山啊，还有他娘的遗产，统统得打水漂。但是英井怎么可能这么容易挂？他要是没准备，会轻易上山来送死吗？卫青在等等这场厮杀结束以后，再出去看看需不需要他处理伤势，便算是仁至义尽了。可是时间一点点过去，一两个时辰过后，那打斗声仍未停止。卫青终于耐心全失，撑着膝盖起身，就钻出树叶棚子。 二小姐，你要去哪？儿？依兰见状十分慌张。魏青头也不回，沉着嗓道：“好好待着，别出来给我添乱。”说罢不再停留，猫着身就冲进了雨夜里。人家真刀真剑的干，他去凑什么热闹？他什么时候这么仗义了？真要是还银锦的情，从他冒着生命危险被迫跟他上山来时就已经是还了。哎，所以说冲动是魔鬼呀、啊。魏清月靠近那座山庄，血腥气便越浓厚，大雨也掩盖不住。 透过树林间的缝隙，依稀可见山庄里灯火飘摇。他身形轻巧而警惕地在夜色里游离，总算躲进了回廊。可是当他刚走过转角，只见脚下延伸的一条回廊上，横七竖八躺着的均是黑衣人的尸体。檐外的雨星墨子溅进来，猩红猩红的。那沙斗声就在不远。卫青看了看脚下，随手捡起一把杀手用过的剑，拿在手里掂了掂，然后便快步往前走去。这剑他还用不太习惯，可有总比没有强。 眼下可不是普通的斗殴，一剑下去要人命的。杀手杀到了山庄来，卫青看见锦衣卫正冒雨在中庭与他们缠斗。这些锦衣卫比他想象中的要多，好一部分是寻常连面也没见过的，想来一直躲在这山里没露过脸。可是这次大规模的刺杀，杀手意识来势汹汹，他们取阴井的性命是势在必得的，因而杀手的人数同样不可小觑。杀手有备而来，一部分拖着锦衣卫，还有一部分直攻入阴井所在的地方。 当时场面十分混乱，卫青一见女子突然出现淋在雨里，根本无人把她放在眼里，正好给了她机会，转头就朝阴井的房间跑去。阴井的房门敞开着，里面温黄的灯火在雨夜里不安的跳动着，门口躺着杀手的尸体，数名锦衣卫正与杀手死死纠缠。来刺杀阴井的杀手绝非等闲之辈，他们比外面的那些杀手要厉害得多。卫青站在门口，第一次看见阴井挥剑杀人的模样。 他那副面容有多慈悲，他下手便有多狠辣。那把手里的剑，仿佛地狱里催命的铁锁，沾到谁的身上，谁便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若要论武功，卫青肯定不是这些杀手的对手。可他胜在身手灵活，借力巧妙，而杀手又大多没注意他，只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进攻阴井身上。卫青从侧出其不意的攻乱他们，将阴井从众人围攻的局面中解救出来。尽管他认为，就算自己不来，阴井仍有能力摆脱困境，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可既然来了，又不能什么事都不做。眼下露了面，樱井要是死了，他也活不成。樱井这种人怎么可能会死？他是要祸害万年的。卫青进来打破了攻势，杀手转头就向卫青怒攻。一个小女子解决他，还不是三两下的事？而樱井看见卫青，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因为有他相助，请刻画被动为主动解决掉手边几个杀手，转而护他身后。 卫青以前作战经验丰富，可是这古代的情况与现代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他用不惯长刀长剑，很受限制。在杀手进攻阴井侧后时，卫青抬剑抵挡，另一杀手同时攻来，卫青及时拉了阴井一把，使得杀手的剑顺着他的胳膊滑了下去，顿时血染衣袖。杀手见状也是富有经验的，趁此时机一剑往两人中间劈开，卫青被迫远离了阴井，而他被两名杀手堵在了桌案前。卫青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胳膊。 只见血迹在湿淋淋的袖子上很快沁开，不由恼怒。卧槽、哦，居然掉血了！两名杀手可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当即双双死攻上来。以他这样的身板和负伤的状况，两人一起上肯定吃不消。然而，其中一人还没沾到他的身，因景从容应对自己的处境时，还不忘抬脚踢起一把剑，足下非常有力的往那剑柄上一抵，剑锋便从后面飞来，几乎眨眼一瞬的功夫，穿透杀手的身体。 卫青心头一跳，要是阴井力道再大些，那剑锋恐怕就要扎到他了。正是这一分神，卫青被剩下的那个杀手给击落了剑。他左躲右闪，终于寻到了破绽，撑着桌机飞起一脚，已扫落了杀手的剑。这下就比较好办了。卫青歪头拧了拧脖子，捏了捏手指骨，斗拳脚是他的强项啊。以前部队里就连男人也没几个是他对手的。杀手来不及捡剑，卫青便拳脚如风一样扫了过去，两人单打独斗起来。 大概杀手也没想到，这丫头看起来弱不禁风，但是拳脚如此厉害。她的招数很新奇，着力非常巧妙。杀手只要被她碰到了身体，她手指一曲，能直接有力的抠断他胸膛里的肋骨。卫青大气不喘一下，出手十分利落，仿佛他身上有绵绵不绝的力量。直到最后，卫青占据上风，一手摁住杀手的头，狠狠压在桌案上，另一只手捏着他的脖子，狠狠一拧。在松手时，杀手便顺着桌脚软软的滑了下去。 卫青的呼吸这才一乱，接着大口大口喘息起来。与此同时，樱井那边也被他处理得干干净净，一个不剩。外面的打斗声减弱，但这场雨还在继续。彼时，樱井放倒了最后一个杀手，手里提着鲜血淋漓的剑，踩着满地的尸体，闲庭信步一般的朝卫青走来。卫青倚靠着桌案，直喘气。浓烈的血腥气中，他又闻到了那一丝丝的冷檀香，猝不及防的侵入他的感官里。樱井边走边道：“不是说手无缚鸡之力吗？” 他走到他面前，近在咫尺，身上的那种杀伐之意上有余韵。他身形挺拔高大，往卫青笼罩下来时，形成一股无形压迫感。他靠得极近，卫青不由微微往后仰了仰，随口应道：“啊，就当我吃饱了撑的吧。”忽而殷景伸手来，一手握住他的腰，将他往上提了提。卫青愣了一下，便被他放在了身后的桌案上坐着。他此刻脸色苍白，额头冒虚汗，方才打斗时并不觉得，可眼下整个衣袖都被血染红。 他浑身湿透，单薄的衣裙紧紧裹着身躯，黑色的头发粘在鬓角和颈窝里，看起来颇有些狼狈。英锦看着他手臂上的伤，破天荒的皱了一下眉头。锦衣卫进进出出处理尸体时，卫青让英锦帮他把被刀口划破的衣袖撕开一些。只见本来匀称洁,洁白的一条胳膊，上面剑伤触目惊心。他房中备有足够的药物，还有消毒用的烧酒。锦衣卫将药物取来，又分派了一些给受伤的锦衣卫，由他们自己相互帮衬处理。 卫青此刻自顾不暇，哪能帮他们疗伤？好在大家刀口上填写习惯了，处理起这种事也轻车熟路。阴井随手取过一瓶烧酒，看了卫青一眼，准备往他伤口上清洗时，卫青忽然道：“等等，给我喝一口。”说着，他就从阴井手上拿过烧酒，壮士一般猛往自己嘴里灌了两大口，再交给阴井，用酒清洗伤口。不用想就知道肯定疼得钻心。卫青喝两口酒也好，麻痹一下自己。 可酒劲儿还没上来，那烧酒浇到了伤口上，犹如油锅里煎、火架上烤一般。卫青咬着牙关，还是溢出两声闷哼。他痛得弓起了身，气气的额头抵在了殷景的肩膀上，手臂不住抽搐着。殷景神色不悲不喜，可是身上却散发出一种魔鬼般的气息。一手绕过卫青的后颈，紧箍着他的肩膀，将他的身体圈在臂弯里禁锢住，手指不容他挣扎的有力地握着他的肩胛骨，不准他乱动。然后不疾不徐的将烧酒把他的伤口浇得淋漓尽致。 卫青手里死死揪乱了他的衣襟，本是浑身湿透，这一番弄下来，又是冷汗淋漓。他呼吸急促，心里相当不痛快的咬牙切齿道：“我为什么要关心你的死活？你死了，我照样能活得好好的。现在好，自找罪受，满意了，真是活该。”英锦随后拿起一瓶金疮药，放到唇边叼了瓶塞，手指抖着瓷瓶，便把粉末撒在了卫青的伤口上。不知是痛麻木了，还是那两口烧酒在胸中腾腾发热的作用，卫青呼吸渐渐放缓了下来。 阴景这时才温声回答他，可能是担心我死了你要不回嫁妆，也可能是怕我死了再做不成你的靠山。卫青倚在他肩上动也不想动，闻言轻扯了扯嘴角，道：“可能吧，我等了两个时辰都不见完，阴都督效率不行啊。”阴景给他缠好了绷带，道了一句好了，卫青才十分疲乏的从他肩上支起头来。阴景道：“你若是想，我可以一直做你的靠山。”嗯。卫青眯着眼仰头望着他。 灯火下，他的轮廓如雕刻一般，浸着清润的光，温然无瑕。那双眼仿若要将他纳入他的大千世界。卫青听他说道：“我可以收你做义女，往后没人敢动你。”怎么听起来有点乱、啊？先前卫青才在大庭广众之下强吻过他，结果上一回山过后，伪男女关系就变成了伪父女关系。鬼知道在山上到底经历了什么？莫不是上山相处以后，才发现他俩更适合做父女？呵呵，这不是搞笑吗？ 很显然，之前的戏码，殷景根本没当一回事，而眼下他是认真的在考虑怎么把卫青纳入自己的羽翼下面保护起来，可别跟他提什么风花雪月，他考虑的非常实际。这么说来，他是不是应该小小的感动一下？卫青看着他，唇角忍不住上挑起来，蓦然想起依兰曾告诉他的那个秘密，不由玩味道，是不是你们这样的人，动不动都喜欢收点一子一女？我们这样的人，卫青仔细地打量着殷景。 一时胸腔里的热气上脑，他眼神略略下移，盯住了他的喉结。那喉结在他脖子上凸起的十分明显，男性十足。可在卫青脑子反应过来之前，他便已经伸手往他的喉结上摸去。他边问：“这个是真的吗？”触手的皮肤温温的，指腹下凸起的触感尤为真实。他手指往他喉结边缘探了探，也没发现有作假的痕迹。 樱井垂目看着他，那温敏慈和的神色深不见底。忽而喉结在卫青的指腹下轻轻滑动了一下，他道：“在你看来呢，是假的吗？”卫青对上他的视线时，心头没来由一沉，蓦然收手。他揉揉额头，道：“那烧酒烧得我头晕，有些犯糊涂。但是做义女什么的就免了吧。我有一个渣爹，已经很难对付了，要是再来一个，还能不能好好过日子了？”虽然樱井看起来很有气场，很可靠，年龄不知比卫青大多少。 但肯定比魏慈叔和蔡征要年轻，这古代人早熟啊，生孩子生得早，女子十三四岁可以嫁人，男子同样十三四岁可以娶妻。要是英景在那个时候就娶妻，眼下若是有一个女儿，应该比卫青小不了几岁。可卫青习不惯，他在穿越前遇到英景这般年纪的男子，顶多叫一声哥，现在他却要他叫他爹，辈分都乱了，那肯定不行啊。英景道，所以你这是在拒绝，你不想跟我回京城？ 京城，他要回去，迟早要回去，但绝对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回去。卫青原是打算沾点他的光，得过且过就行了，可一点也没打算以后都要跟他拉扯不清。所以他肯定道：“嗯，我拒绝。”殷景眼神落在卫青湿润温腻的景象上，方才给他处理伤口时，他倚在他肩上，殷景便已经注意到他脖子上挂着一缕细绳，细绳上套着某样东西。随着他躬身倚靠时，衣襟露出的缝隙看了一眼，细绳上套着的东西让殷景略有些眼熟。 卫青怎么也没料到，殷景会突然伸手拿住他的细绳，将他一直保存的东西给拎了出来。卫青来不及阻止，便看见那枚玉佩和两片金叶子落在了殷景的掌心里。殷景手指翻着那枚玉佩，审视着，道：“不想苏玉竟把他的随身之物给了你。”卫青若无其事道：“世上玉佩相似的千千万，你怎知这一定就是苏玉的随身之物？”殷景看了他一眼。 道：“锦衣卫若是想查他，会把他家的看门狗有几颗牙都查得清清楚楚，更遑论这块玉佩。”顿了顿，又道：“魏慈叔是文官，我不好调动。可他这次活着回京以后，若是想调动，不过小事一桩。也罢，你不愿随我去京城，迟早他也会把你弄去京城。”卫青心里惊了一惊，听他的意思，苏玉已经活着回京了，而且还能轻易调动地方文官吗？贴身佩戴他的东西，你在意他？英锦问。 他问这话时，神色轻描，像是在问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可是却在卫青心里激起了涟漪。一直以来，他都在刻意避开他和苏玉的关系，可最后还是被殷井给发现了这个。卫青回了回神，亦是平常道，在意他作甚？只不过见这两样东西有点值钱罢了。殷井细长的双眸直直看着他的眼睛，道：“那先前都指挥使送给你的两百两黄金，怎不见你挂在脖子上？”卫青因为重。 最后，殷井还是把玉佩还给了他。雨洋洋洒洒下了大半夜，等锦衣卫处理好了里里外外的尸体，天已经快亮了。卫青想起依兰，这才叫锦衣卫去把他带回来。依兰给他换了干衣服，昏昏沉沉的睡了一会儿，待天大亮以后，便要动身下山了。回魏家时，照例是殷井把他送回来的。消息传得很快，昨夜山上的刺客全部被锦衣卫击杀，眼下殷井还能完好无事的出现在魏府门前，实在令人胆战心惊。 山上的尸首是由蔡征带着人马去运下来的，满满好几车，就像打来的猎物似的。当街走过，百姓所见无不躲得不见了影儿，也给暗中的那些人警个醒。魏慈叔见到殷景坐在马车里时，像见到一尊鬼神一般，是大气不敢出一下，唯唯诺诺的客气了好一阵，才恭恭敬敬的把他送走。魏慈叔怎会不知，大都督下来巡查，凡是他经手的官员案子，基本都是赔上满门性命。每次他一离京视察，都意味着有一批人要遭殃。 魏慈叔自知是文官，殷景没查到他的头上来，可若是惹怒了他，恐怕也是一样的下场。事实证明，这场惨烈的击杀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殷景一下几乎灭掉了这一带所有的刺客实力。得知魏青受伤了，老夫人把他叫到跟前，很是关怀了一番，往风小院里送了好些东西。魏慈叔也出面慰问了几句。魏慈叔心中很是郁闷，还是板着脸训了两句道：“穷九上山来帮你，怎么说也是你三妹。” 你为何不好好照顾她，反而让她落水生病，又被抬回来？你还让她给那么多人做饭？卫青道：“爹不是说三妹是上山来帮我的吗？怎么还不能给她做事，还要我好好照顾她？幸好三妹是提前被抬回来了，不然再在山里待一晚，恐怕吓都要吓死了。”卫慈叔气得面色很难看。卫青好笑道：“三妹没说她是怎么落水的吗？她在大都督洗澡的时候出现，脱了自己的衣裳，要和大都督共浴呢。” 魏慈叔和老夫人脸色均是变了变。魏青道：“只不过水太深，溺着了。要是再晚一步，应该就香消玉殒了吧？”魏慈叔原以为魏琼九应该有点分寸，没想到到头来竟然也做出这等丑事。大都督若是对他有意，哪回让他溺水？只怕是眼睁睁看着他溺死都绰绰有余的。老夫人手捧着额头，伤神叹道：“一个两个，竟干些有辱魏家门风的事来。”她抬起头来，又看着魏青道：“青丫头，你爹询问两句，也是出于关心。” 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莫往心里去。”卫青应道：“祖母放心，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卫青在家休息了两天，手臂上的伤很是不便，加上又是夏天，稍不注意就容易发炎。好在一场大雨过后，接连几天里天气凉爽了两分。卫青趁着还凉快的时候，往蔡家走了一趟，不然要是再热起来，他就又动都懒得动了。一到蔡府，府里的人已对他十分熟悉，引着他便入了内，径直去找蔡夫人。 蔡夫人知道他受了伤，拉着他嘘寒问暖了好一阵，问他在山庄里过得好不好，吃得怎么样，可有受苦等等。见卫青听得认真，有问必答，蔡夫人不由有,有些不好意思道：“你会不会嫌我啰嗦，问的太多了？”卫青笑道：“不会，我知道蔡夫人是出于关心，也是从蔡夫人这里才得知，原来蔡峥是真搞忘了往山庄里派厨子。你说他搞忘就搞忘吧，事后记起来完全可以弥补的嘛。可他记起来后又当自己全搞忘了，是不是太心大了一点？” 来时，卫青带上了他在山上风干的几束花，送给蔡夫人。鲜花的水分已经被蒸发掉了，但花束的形态和色泽还保存得十分完整。蔡夫人见过之后，面露欣喜之色。这是你才给我的。卫青道：这干花摆插在房中，应是无大碍。只是采的是山上的野花，夫人不要嫌弃便好。蔡夫人手里举着干花，让婢女取了长颈瓶来，将花束摆插在内。看向卫青时，满目柔色。 道：“你这丫头，在山上本就没过好日子，竟还为我做这些。”卫青笑笑道：“夫人喜欢就好。”依兰在旁默默看着。卫青在卫家时对谁都可以不留情面，而眼下依兰却是在他脸上见到了卸下所有戒备和出其不意的杀伤力，那温和的笑意浸满眼底，是发自真心实意的。只有独独对蔡夫人时，他才会这般。蔡夫人低头间轻语道：“你若是我的女儿便好了，我一定会好好疼你。” 说着，他就把手上的镯子取下来，要给卫青戴上，只是卫青拒绝了，道：“只不过是寻常野花，夫人不必与我客气。我不是谢你赠我野花，而是谢这一场缘分。”卫青还是不肯收。这时府里的下人过来了一趟，禀道：“大都督和大人、公子在前堂，请夫人和魏二小姐过去商议事情。”魏夫人只好不再强求，先将镯子收了起来，和卫青一起过前堂去。一进正厅。 抬眼便见蔡大人和殷景正坐在正堂主座上，中间的茶几放着两盏茶，飘着袅袅茶香。卫青进来，殷景淡淡看了他的手臂一眼，便悠闲的饮茶。蔡征咳了咳，然后正色开口道：“二小姐是这样的，殷都督即将回京，他的意思是希望我和夫人能收你做义女，不知道你的意思，所以请你过来问问看。”此话一出，卫青和蔡夫人均是一愣，蔡夫人有些激动，显然是高兴的不能再高兴。卫青神色微动。 一抬头就看着殷景，那氤氲的茶气将他的轮廓衬托的似真似幻，神情清淡寥寥。他是怕他走了以后他在魏家吃亏吗？所以在他拒绝当他义女以后，便让蔡峥收他做义女。卫青实在无法相信殷景要设身处地的为他考虑，因为这听起来就很奇怪，他是这么好心的人吗？他不得不思考他这么做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不光他觉得奇怪，就连蔡峥也觉得非常的奇怪呀、啊。 起初，英锦与他说这件事时，蔡征一度怀疑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蔡征只要想到英锦和卫青不可描述的关系，他就一个头两个大，舌头一打结，当时就摇头道：“这不妥不妥，非常不妥。虽然我和我夫人非常喜欢二小姐，可真要收她做义女，将来英都督不是得叫我叫我？”后面的话他实在说不出口，也不敢说出口啊。那画面，光是想都不敢想。彼时，英锦抬起眼帘，悠悠看他一眼，道：“叫你什么？也叫你义父。” 蔡征汗涔涔，不敢不敢。可既然殷景都主动发话了，蔡征也只好硬着头皮接下来。只要卫青答应，他万没有不答应的道理。眼下所有人都在看着卫青，等着他回答。短时间内，卫青所能联想到殷景之所以这么做的唯一因素，便是他在山上从殷景口中得知，苏玉应该是主文官的。他若是认蔡征做了义父，蔡征是殷景手里的人，苏玉以后与他还有往来，必会受到牵制。卫青心里也不清楚，他是希望再见到那个人，还是不希望见到。 只不过他管不了那么远，苏玉和樱井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也不是他能管的。他唯一能管的，只有自己，给自己以后多铺一条路，做蔡家的义女，可以多一分保障。同时，卫青看向蔡夫人，蔡夫人紧张的恨不能帮他点头。他笑了起来，他还能有一位和他娘一样温柔的义母呢。最终，卫青点了头，认了蔡征夫妇这门义亲。他挺直背脊跪在堂上，分别给蔡征和蔡夫人敬了茶，换了义父义母。蔡夫人是喜极而泣。 将镯子戴在卫青手上时，红着眼角拉他起来，道：“这回你总算可以收下了吧？”卫青在给蔡从敬茶换他一胸时，蔡从心里那个复杂呀。堂上所有人都敬完了茶，卫青就剩下殷景没敬。蔡征打哈哈道：“闺女，要不咱给殷都督也敬一杯吧？殷都督好歹是个中间人，哈哈哈。”蔡征不说，卫青也是要敬他的，只是还没来得及斟上一杯茶，殷景手指便敲了敲他茶盏旁边的桌面，道：“斟到这里来。” 也免去添杯新的了，遂卫青直接斟到了阴景用过的杯盏里。蔡峥命人去取了蔡家的族谱进来，后当着卫青的面，在族谱上添上了卫青的名字。从此以后，卫青不仅是卫家二小姐，也是蔡家的二小姐。卫青随蔡夫人一起出去时，又听蔡峥在与阴景说事，口中提及了魏慈叔的上一级布政使大人，言谈之间好像要邀阴景赴宴给他践行。卫青步子微微凝滞了一下。 他才想起来，方才好像蔡征说过，殷景即将要离京。卫青眯着眼，踏出厅堂门口。那位布政使大人，自他回来以后，还不得机会接近过呢。殷景和蔡征谈完了事，回到院中，发现卫青正在院中的亭子里坐着，好像在等他。他要来找殷景，锦衣卫当然不会阻拦，不过也没来多久，刚从蔡夫人那边过来。殷景一踏入凉亭，亭外的阳光在他身上便暗淡了下来。 他像一道清浅的风，一袍堪堪拂过卫青的身边，能驱走渐渐升腾起来的酷暑燥热。桌上放着冰镇的葡萄，卫青在等他十遍有一个没一个的剥着葡萄吃。见他进亭子里来坐下，卫青边剥着边道：“这次殷都督为我牵桥搭线，下次不会又要我赌上性命来回报你吧？”殷景道：“你不欠我。”卫青愣了愣，然后勾了勾唇，道：“那太好了。” 他眯着眼吃葡萄的样子，好似那饱满的葡萄肉到了他的手上，就变成了世间美味一般。卫青又道：“殷都督要回京了是吗？再不回就要凉了。这次殷景亲自到这个地方来，也没能弄死苏玉。眼下苏玉已经回朝，朝堂必有一番变动。若是他再不回去，苏玉下手不会比他慢的。”卫青并不知道这些，他关心的是另一件事，道：“方才听义父说，布政使大人好像要宴请你，你能带我一起吗？”卫青一边说着。 一边把新剥好的饱满的葡萄肉送到阴井面前，这绝对是谄媚讨好。阴井居然接受了，他吃了，然后道：“魏家饿着你了，要跟我去混吃混喝。”这葡萄很一般，并没有卫青的吃相所看起来的那么好吃。卫青眯着眼笑了笑道：“我乡下来的吗？想跟殷都督去见见世面。”卫青回魏府以后，魏慈叔和老夫人才得知蔡征已经收卫青做义女的事。卫青这个女儿不服他的管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魏慈叔是既气恼又无可奈何，对魏青怒声责备道：“认蔡峥做义父，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先跟我们商量一声？”魏青反问：“要是提前跟爹说一声，爹会不答应吗？”魏慈叔语塞，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也知道认蔡峥做义父这件事，好像是大都督在中间牵线，他有可能会不答应吗？大都督肯给魏青找一座靠山，恐怕也是怕他在魏府受委屈，如此护他之意已经明显的不能再明显。魏青依稀挑了挑唇，又问。 所以与爹商量有什么用？魏慈叔一口气憋在胸膛里，上不来也下不去。他现在人虽在魏家，可是分明没把魏家放在眼里。是夜，蔡府房中点着檀香，桌机上放着一盏温茶。殷锦坐在椅上，信手展开京城传来的密报，语气是万年不变的清闲温淡，道：“苏玉回朝了，做了内阁首辅，朝廷得换一次血。”旁边锦衣卫素色道：“这次此地的官员调任进京，新首辅要提拔的人好像不是布政使。” 英景将密报徐徐折叠起来，不置可否。所以布政使才要宴请他呀。这时又有锦衣卫进到房中，禀报道：“大都督，属下已经查清楚，那布政使却与魏家二小姐有所牵连。不然好端端的魏青怎会在他面前提及布政使，还想要与他同往？一些过往的陈年旧、就、事、是，知道的人极少。可是只要锦衣卫去查，没有什么是能避得开他们的耳目的。”的锦衣卫道：“当年魏辞书被贬到此处作之周，是作知州。” 短短五年时间，按照朝廷官制，不可能升得这么快。他初来乍到，就与这里的布政使打好了关系。殷景端起桌几上的一杯茶，揭开茶盖，那悠悠茶气熏染着他的眉目。他道：“如何打好的关系？”锦衣卫沉了沉声音道：“布政使好色，为此书往他那里送了女人。那女人是当年京城的第一美人，是妙公教养出来的嫡女，叫妙兰。”殷景捻着茶盖的手指一掷，锦衣卫道：“妙兰不堪受辱。” 第二日，于魏家悬梁自尽。她是二小姐的亲生母亲，当年京城的第一美人，出身高门，惊才艳绝，不知受多少人爱慕追宠，可最后却嫁给了魏慈叔这个穷酸书生。是佳话也好，是笑话也罢，穷酸书生总归是在妙家的惠泽下步步高升。可妙家一朝获罪，树倒猢狲散，魏慈书久在官场禁淫，深知灭亲自保之道，为了向圣上表忠心，第一时间划清了和妙家的界限，休弃了妙兰，稳住自己的立场。 他做的大义凛然，那个时候正值风口浪尖，他若是有丝毫心虚，便会被人只说成见风使舵的伪小人。只有堂堂正正、问心无愧，才会被称赞为大义灭亲的真君子。可最后，圣玉却道：妙家外嫁妇不在落罪之列，反把为辞书外贬。又有多少人知道，当年名动京城的才女佳人，最后竟落得这样的下场？阴景良久未动，房中的烛火衬得他像一幅油画，深浅明暗得当。后来，烛火轻轻的闪烁了一下。 殷景才徐徐饮了一口茶，道：“原来如此，妙家之祸，我没记错，当年死的可只有妙公一人。”锦衣卫点头回答道：“妙公膝下两子一女，除了妙公死于牢狱中，妙兰未被追究，另外妙家两子只是被发配边疆三年，并未动杀刑，说明皇上并没有斩草除根，妙家的根还在。”布政使宴请殷景这天，殷景给了一身锦衣卫的服饰给卫青，让他换上。 他同意他随行了，只要打扮成锦衣卫，便能随时跟在他身边，进出自由。这确实给了卫青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卫青手捧着那套锦衣卫衣服时，垂着眼轻声道：“殷都督，谢谢。”他抬头时，明眸生笑，所有阴暗压抑的情绪在他脸上找不到分毫。他又道：“跟在殷都督身边，肯定能见到官场最黑暗的大场面。”外面酷暑烈日，出了蔡府，卫青手臂上的伤还没好，又非常怕热，殷景便让他进马车里暂搭一段路。 等快要到地方的时候，再出去和其他的锦衣卫同行。眼下正值半下午，布政使宴请的地方叫梨双园，是城里最有名的妓馆，几乎整个城里的名妓都聚集在这里。梨双园里又分很多个园，有戏园、琴园、茶园、画园、棋园等，平时便是一个相当热闹的地方，各个园里客来客往，喧闹嘈杂。而今晚刚好又是烟花节，待到晚上，夜空中花火齐绽，绚烂无比。时辰尚早，布政使在戏园里点了两场戏。 邀请殷景去戏园关系，而后再用晚宴。布政使是这里的常客，他的人散布在黎双园的各个地方。一行人抵达黎双园，就见布政使正站在门口迎候。今日宴请殷景其实是另有要事，因而就只有布政使一人。这常服连一个随行的下属官员都没带，又专挑在这繁华喧闹的地方，很能掩人耳目。他在黎双园各个分园也早已订好了上等的房间，方便随时用得上。 眼下不正使一身富贵锦衣，掩盖不住大腹便便，满脸都堆着笑。马车刚一停当，他便快步上前，躬身给殷锦撩了帘子，笑呵呵道：“下官恭迎大都督，大都督肯赏脸，下官荣幸之至。”只是一行锦衣卫出现在梨双园，十分引人注目，也平白令人紧张。但发现他们不是来拿人办案的，梨双园里的客人们便渐渐放轻松下来。卫青将锦衣卫的乌纱帽拉得很低，又垂着头，几乎遮住了他大半张脸。 尽管如此，他站在锦衣卫群里也是相当的扎眼，因为这些锦衣卫个个都是七尺男儿，气宇轩昂又百里挑一，就只有他太矮小玲珑了。好在他是跟着阴景离得最近的，就算觉得奇怪不正史，暂时也没工夫多看多问的，只当是阴景新收的宠。一进梨霜园，里面非常的热闹，四面八方柱子底下都有冰块镇暑，因而凉气拂面，十分清爽。戏园里高红柱子台面传出悠悠婉转的腔调。 阴景随布正使到了最佳的关系位置坐下，便见浓妆艳抹的戏子相继上台，唱得靡靡动听。布正使半倚躺在斜椅上，手指头扣着膝盖，合着节拍。他显然是一个惯于虚与委蛇的人，奉承起来实如高山流水一般自然。卫青垂头站在阴景身侧，即使这环境再诱人放松，也不见他如布正使那般有丝毫的懒散之意流出。他衣着整洁，身形勾勒的线条流畅分明。从卫青的角度看去。 可见他的侧脸与下颚，还有脖子上的喉结，在饮茶时会滑动一两下。即使天这么热，那衣襟也交叠的严丝合缝，不见一点空隙。卫青一眼不眨的看着他的侧影，脑子里却蓦然回忆起从前卫慈叔刚来此地，根基不稳，在布政使面前虚与委蛇的时候。那时他只来得及草草看到布政使一眼，就被徐氏命人拖了下去。可是如今也只消一眼，他便能认出来，他和以前没有多大的区别，浑身都透着一股让人恶心作呕的气息。 那时，魏慈叔跟他娘妙兰大讲道理，说一切都是为了魏家好，为了魏青的将来好，要他娘做一个识大体、知分寸的女人。所谓的识大体、知分寸，便是被魏慈叔带去堂上给这位布政使陪酒。布政使看他娘的眼神都直直发亮，一杯酒接连着一杯酒往他娘的嘴里灌下去。后来，英景冷不防往他杯盏旁边的桌面上敲了两下，抬头看着魏青。魏青回过神，袖中握紧的拳头蓦地松开了。 眼眶里的晦暗猩红，风吹云散般顷刻淡了。他若无其事的上前给他斟满了茶。布政使不由多看了一眼卫青，卫青低着头，他也只能看到他的一小截下巴，遂眯着眼玩笑道：“大都督的这个小锦衣卫好特别。”殷景端起茶盏的时候，看向布政使，道：“李大人喜欢。”布政使连忙道：“不敢不敢，下官只是随口一说。”随着天色渐晚，两场戏也散了场。布政使请殷景移步用膳。 进来送菜侍奉的都是模样长相精致的妙龄女子。等一道道精致的晚膳菜肴盛上了桌，布政使便主动给殷景斟酒。饭时间终于提到了正题，布政使看了看殷景，道：“朝廷换了新的首辅，内阁也重组了一遭，相信大都督已经有所耳闻。”见殷景没什么反应，布政使事先也了解过这位的脾气，有话直说的好，他心里透亮透亮的，有时候拐弯抹角多了，适得其反。于是布政使便开门见山道：“实不相瞒。” 这次下官宴请大都督，另有要事相求。下官想求大都督给个机会。本都能给你什么机会？布政使道：这升迁进京的调任，几年轮一次。今年吏部提名本应是下官，可是如今新首府一上任，调任的竟变成了魏参政。眼下调令正在路上，很快就会传过来。为此，布政使才十分懊恼，哪有布政使不动，而参政却调去京城的道理？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那么快提拔魏慈叔，结果现在反倒变成了自己的绊脚石。 卫青抿了抿唇，还真的被殷井给说中了。幸好今日跟殷井来了这一趟，有机会听到第一手的消息。如若不然，错过了今日，很快卫家就要调回京城，他再想找机会可就难了。其他的事，卫青暂且什么都不关心，他关心的只有眼前这一桩不得不做的事。殷井道，若要给机会，李大人是不是求错了人？要求理应去求新任的首府才对，他手上才是掌管天下文官任命的。 正是因为调令是新首府下的，下官才别无他法。听说这次新首府南下查盐铁走私一案，立下大功，才得以指领内阁。说着，布政使便起身，朝阴景恭恭敬敬的深一大拜。而大都督权倾朝野，耳目通天，朝野上下只有大都督能够与之抗衡。若是大都督肯出手相助，定然能够扭转乾坤。布政使躬身垂头。 又道：“只要大都督肯提携下官，下官纵使文臣，亦不留余力为大都督所用，定会对大都督忠心耿耿，效犬马之劳。在京为官，无法避免会有党派之争，而京城里最大的两个对立党派，便是内阁与大都督府。现在内阁首府绕开布政使而提携他手下的参政，意思很明显，根本不欲启用他。而殷景此刻还在城里，布政使为了扭转局势，唯一能投靠的只有殷景。而他一个文官，如能升迁进京， 站在内阁那边，充当阴警的眼线，对阴警来说也有好处。卫青没等到阴警的回答，转身便悄然退了出去。他认为的没错，今日跟着阴警出来，却能见到官场黑暗的一面。他根本不想听到阴警怎么回答，答案很明显，谁都会趋利避害，更何况他身处高位，玩弄的是权势，而不是关心为官善恶。因为这一身锦衣卫装扮，卫青在梨霜园里畅通无阻。 他只要说一声大都督想听人抚琴，便有人立刻去安排琴技准备。对于琴技来说，能为大都督抚琴是多荣耀的一件事。梨霜园里最好的琴技，当然要好生准备打扮一番。这里的所有女伎，不光有一副才情，还无不生的花容月貌。卫青随后进一间房时，入目之处可见琴架上摆满了各色各样的古琴，而一女子端坐妆镜前，正描眉敷面。她便是被安排去阴景和布政使那里去抚琴的琴技。 秦纪从铜镜里看到卫青进来，且见他锦衣卫装扮，不敢怠慢，连忙起身见礼。卫青看了一眼琴架上的琴，又看了一眼妆台上摆放着的胭脂水粉，旁边的衣架子上还挂着一套雪白的衣裙。秦纪以为卫青是来带他过去的，倒是更完衣，便可随卫青去大都督处。而这边房里，这顿晚宴进行到中途，锦衣卫敲门进来，附在阴景耳边说了几句，阴景便起身离开。布政使见状问：大都督要往何处去？ 英景走出房门，神色如常，道：“李大人稍坐，本都去处理点小事。”卫青坐在妆台前，看着铜镜里的自己，他摘去了乌纱帽，放下长发，正拿着青黛描眉。那双眼平静漆黑的无边，他的动作不慌不忙，唇上朱红，脸上胭脂，眼角轻点一抹朱砂痣，像是朝阳升起前天边浮动的第一抹云霞，半分绚烂，半分如烟，绕人心间。而本该穿在秦霁身上的雪白的曳地长裙，此刻却穿在了他的身上。 本该去抚琴的那琴技已经被卫青下了几针，安安稳稳地躺在帷幕后面，没三两个时辰是醒不来的。今日梨霜园里人多，弹琴唱曲儿，欢声笑语，纵情酒色之下，谁分得清谁是谁？不得不说，不政使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时机和地点，最是好浑水摸鱼的时候。镜中的女子一点点褪茧成蝶，那张酷似妙兰的脸，随着她越来越长大，只会越来越绝代芳华。 他起身朝琴架走去，随手轻抚那一张张古琴上的弦，然后随便挑了一把抱在怀里，便准备出门。然而还不及走出门口，不料房门突然往里一推。这房门他已经上了栓的，可外面的人推门时毫无组织感，根本就像是在推没有上栓的门一般。随着门扉拉开，那门栓轻巧的应声而裂。卫青一惊，抬头便见阴景正闲庭信步的走了进来。这里是秦室，琴技摆琴的地方，因而甚少有客人到这里来。 廊外空无一人，但楼上楼下的笑语声却不绝。卫青心中一沉，面无异色道：“殷都督此时不是应该正和布正使谈事情吗？”殷景走到他面前，闲聊一般道：“本来谈得正好，你这是打算去色诱？”卫青唇角微挑起来，道：“殷都督说话真难听，不过是见殷都督和布正使谈事无聊，想给两位弹琴助兴罢了。既然碰见了，我们一起回吧，免得让布正使久等。”只是卫青往前移了两步。 他挡在他面前，却丝毫没有要让开的意思。片刻，阴景道：“我若叫你不动不正视，你听是不听？”卫青抬眼看着他，轻道：“现在跟我说这些，是不是太晚了点？”“不晚，只要我不允许，你便是刀架在他脖子上也没用。”卫青一听，诧异道：“阴都督，你这样就很过分了呀！我在请求跟你一起来时，你不可能没去摸清我的意图。你既然带我来了，那就是默许我弄他了。现在出尔反尔，不会是被他表忠心给打动了吧？” 不等阴景回答，卫青又道：“他今天可以投靠你，明天就可以背后捅你一刀。殷都督，那可是人渣中的人渣，败类中的败类啊！”对此，阴景格外的看得开。我这里最多的就是人渣败类。卫青同他对视片刻，问：“你认真的？你看我哪里不认真？”阴景反问。卫青点点头，道：“好，反正你也快走了，你今个不让我弄他，明个我自会想办法弄他。”他盯着阴景的细长眼眸，忽而悠悠笑道：“我卫青。” 若是让他踏进京城半步，那就不是卫青了。想来也是，殷井马上就要回京，只要是卫青想做的，他就一定会想办法做到。卫青和殷井并没有达成一致，他嘴上这么说着，实际上眼梢里却瞅准了门边的空当。在他话音刚落，突然就从殷井身边绕过，直直朝门外冲去。可是他动作再灵活，也比不上殷井反应极快。卫青才刚一到门口，还没来得及跑出去呢，只见眼前光影一晃，殷井就挡在他面前。 卫青冲势过猛，刹不住脚，一下闯进他怀里。殷景一点事都没有，他却撞得生疼。他要是不肯放行，卫青是绝对逃不脱的。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反应也一点都不慢，当即顺势抓着殷景的衣襟，就踮着脚蹭起身，精准的往他唇上亲了一口。打不过他的时候，你就亲亲他，然后且看他。果真，殷景是没料到卫青突然亲他，他微微一滞。 顿时就被卫青抓住了破绽，又巧妙灵活的往他身侧一钻，顺利的钻出了房门门框外。英景侧身看着门框外，一身白裙似秋月下的霜花一般，嘴角似笑非笑，带着一股灵动与飘逸，还有离人的疏冷。他一点都不糊涂，他清醒的很。英景眯了眯眼，卫青伸手指了指自己的领口，道：“殷都督这里乱了，还是整理一下再出来吧。”说罢，抱着琴就转身而去。英景看着他的背影片刻，才收回视线。 低着头，慢条斯理的整理自己的衣袍。这时，一名锦衣卫从暗处出来，冷言厉色道：“大都督好言相劝，他竟敢偷袭大都督，现在还要去阻止他吗？”樱锦不急不徐的把衣襟叠好，神色不见喜怒，道：“看好布政使的人。”是。等他回到晚宴所在的房间时，卫青已经在里面了，正坐在案前有模有样的调琴试音。换了身装束，布政使完全没认出来。布政使见了他，显然是心花怒放。 正准备上前摸摸卫青那双放在琴弦上的手，结果殷景回来了，他便又讪讪的收了回去。布政使兴冲冲道：“大都督回来的正好，这是秦原来的姑娘，琴技一绝，大都督可听听。”殷景极清淡的扫了卫青一眼，重新落座。看得出来，布政使对卫青非常感兴趣。这姑娘看起来与园里别的姑娘都不一样，她年纪尚小，却如早春花蕊一般含苞欲放，真真是诱人想采撷把玩一番。且看她模样。 毋庸置疑，十足的美人胚子一个。布政使问道：“以前怎么没在园里见过你？”卫青手指轻轻撩拨着，一串琴音流泻而出，道：“我新来的，弹琴他不在行，但好歹幼时也随他娘习过。他脑海里尽量回忆着以前学习弹琴时的光景。”布政使的注意力根本不在琴上，因而他也不用弹得很好听。与英景谈完了正事，接下来便是饮酒听曲赏美人。布政使多喝了几杯，色眯眯地盯着卫青瞧了许久。 啧啧道，越看你越觉得像一个人。卫青笑了笑道，我不像人，难道还像鬼吗？布政使大笑道，真是个哄人高兴的小美人。等琴弹完了，布政使打算送殷井离开离双园，但是殷井却不急着离开，而是在园里找了间清静的房间暂作休息。布政使当然乐见其成，还不忘吩咐送个标志的美人去殷井房中。至于殷井接不接受，便是他的事情了。然后他自己搓搓手，便要去找方才弹琴的那个小美人。 今晚他是注定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这黎双园要经营下去，背后还得依靠布政使。幼儿园里的女妓，但凡是他看上眼的，都要叫到房中去伺候。而卫青弹完琴一出来，就有会意的随从带卫青去布政使长歇的房间里等候。卫青略勾了勾,勾唇角，抱着琴欣然跟着过去。提前在布政使面前露了脸之后，后面的事就简单容易的多了。卫青府一进去，布政使的随从便把门从外面关上了。在布政使没来之前。 这些人是不会放他离开的。布政使出行谨慎，带着大批的护卫。卫青发现这梨霜园里位置显眼之处都是他的人。卫青进房后，不紧不慢地把琴放在桌上，然后一步到案前，碾灭了香炉里燃着的催情香。他打开窗户通风，外面夜色朦胧，放眼望去，百姓万家灯火，如星辰倒扣，如梦如幻。卫青知道，殷景真要是想阻止他，后来的机会也多的是。但是最终他还是走开了，没有再管他。 是因为他一念仁慈，或许是因为布政使对他来说可能有点用，但也没那么重要。窗外的风吹进来，始终还是夹杂着些许白日里的暑气。对了，还没有说到后来。后来，魏慈叔留了布政使在魏家过夜。那一夜，布政使是在他娘的房里度过的。魏青听见他娘的哭叫声，从未感到如此绝望过。他想冲进去救他娘，可是却被徐氏捆绑了，丢进柴房。何为欺凌？ 年少的卫青以为不过是非打即骂，时过境迁，忍忍就过去了。可是这个世上原有更可怕、更肮脏的东西，那便是人心。卫慈叔跟他娘讲道理，要他娘做一个识大体、懂分寸的人。可那一夜过后，不政使心满意足的离开，他娘便变成了人人唾骂不耻的荡妇。当初卫慈叔怎么跟他娘说的来着？卫青揉了揉眉心，有些头疼。哦，好像是只要他娘肯答应。 魏慈叔便会保证他以后在魏府衣食无忧，一辈子安安稳稳的活下去。可最后他娘却成了别人踩着往上爬的台阶，成了别人肆意凌辱的玩物。可这世上不可能只有因没有果吧？倘若过往种种是因，那么今日的卫青便是果。这时外面响起了脚步声，有些虚浮。布政使今晚喝了不少酒，眼下醉醺醺的推门进来，一看见卫青正立在窗前，便闲笑着道：“小美人是不是等着急了？以往他玩过的女人，有的故作清高。” 有的美艳妩媚，大多是成熟女子，而像卫青这样年纪小、身段嫩的还是比较少碰到。布政使阅人无数，一看卫青便知道她是个楚。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想尝尝她的滋味。卫青回过身来，看着布政使急色的把门关上，并上了栓。他歪头活动了一下脖子，一脸温和纯真的笑笑道：“是等得有点着急。”布政使满嘴酒气，挪着肥胖的身体就朝窗边的卫青扑过来。卫青轻轻一欠身，便叫他扑了个空。 他若无其事地走到桌边，手指撩了撩琴上细韧的琴弦，琴音不再清灵，而是真的发出粗嘎而有力道的一声。魏清笑逆着不正时道：“大人方才可没说清楚，大人说我像谁？”他话一说毕，忽然窗外的夜空伴随着砰的一声响，一团花火高高升起，然后绽放成五彩斑斓的颜色。这一声响仿佛把这个夜点沸腾了，一下子高亢欢呼起来。楼上楼下的客人凭栏观望，兴奋赞叹不已。 原本还算清静的这间房，好像也淹没在了外面的嘈杂声中。卫青面朝窗外，烟火度亮了他的双眼，美如星辰，亮如琥珀，却透着一股子无法捉摸的清冷。布正使脑子里塞满了酒与色，岂会注意到这些？他只觉得在烟花的映衬下，房中的这小美人愈是美，真美。布正使一阵口干舌燥，醉眼迷迷地朝他走近，口不择言道：“当然是像我房中之人。”不过卫青问起他像谁，这布正使就越看越觉得像。 又道，我多少年没见过比她还漂亮的女人了。你确实很像她，她的表情里满是回味，丑陋至极，咂着嘴道，那个女人据说是当年京城里最漂亮的女人，可惜最后也成了我的掌心之宠。卫青眯着眼，渐渐溢出一股深重的戾气。布政使醉了，道，送上门来的漂亮女人，岂有拒绝的道理？那个女人还想反抗，最后我也将她玩了个够。那女人真是销魂，啧啧，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她的求救声，叫得着实够味。 说着，他就要来搂卫青，又含糊地道：“你这小美人，只要乖乖的，我保准也会让你叫，还是舒服的叫。”只是还没碰到卫青，卫青终于出手，突然把住布正使的脑门将他狠狠摁在桌面上，砰的一下，窗外又绽开了一簇烟火。布正使身体肥胖而笨重，重重地倒在桌上，撞得桌上茶瓷清脆作响。可是和烟花的爆破声和人们的欢呼声比起来，根本微不可闻。布正使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瞪了瞪眼珠子，就见卫青手上有力的压着他的头，另一只手上捻着一根断掉的琴弦，不慌不忙地缠在了他的脖子上。卫青神色非常平静，甚至是阴冷，手里的动作也冷静从容到像在打理一盆花草、整理一样东西一般。布政使终于慢慢的回过神，当即手脚乱蹬，就试图起身，张口便欲大叫。当世时,时，卫青握着断弦的末梢，狠狠一收，那细韧的琴弦勒,勒紧了他粗腻的脖子。布政使两眼外翻，脸色憋得青紫。 张大了嘴，却大叫不出来，只从喉咙里发出低低的颤鸣。卫青一边控制着勒着他的力道，细弦潜进了他的血肉里，却没在第一时间要了他的命。他缓缓从怀中掏出一把匕首，放在嘴上叼着，抽出了薄刃，撇掉了刀鞘。卫青扬着眉梢道：“来，与我仔细说说，那叫声是怎么叫的？”布政使十分慌张，因为他肥胖，腰被抵在桌沿上，又被卫青这样死死压制着，根本无法起身。他只有伸手就去抓他。 卫青话音儿一下，反手拧住布政使的手，捻在桌上。与此同时，尖尖的匕首倏地直直扎下，将他手腕扎穿，钉在了桌上。顿时血流如注，布政使痛得浑身抽搐，勒紧的喉咙里发出低沉而痛苦的吼叫声，脸上青筋暴起，震得桌子磕碰作响。只听卫青声音轻佻至极：“是这样叫的。”说罢，匕首从他手背里拔起，转而又扎穿了布政使的另一只手，这样叫的。鲜血染红了桌上的颈部。 卫青又一刀精准地扎在了布正使的胯下，还是这样叫的。布正使字眼欲裂，浑身痉挛。虽说皮肉之痛抵不过心头之痛，可是让他感受一下也好，不然他这一生不竟是舒坦安逸了吗？卫青匕首往琴弦上一划，只听浑厚的铮铮铮几声，琴弦全部断去。卫青碾过一根又一根，丝丝全缠在布正使的梗子上。他道：“很是不巧，你说的那个是我娘。”布正使凸着眼珠子，惊恐至极。 脖子上血痕累累，他极其艰难道：“是魏魏慈叔把他送给我的。”他极力挪着被卫青切断筋的手，终于碰到了桌上的茶瓷。卫青眉间染满了厉色，说出的话却清浅至极道：“不着急，一个一个慢慢来。”最终，他还没来得及拼尽全力把茶瓷拂落在地上，以摔碎的声音引外面的人进来，卫青便若无其事地随手把那把古琴往桌外一抛，抬脚踩在琴身上往下沉，顿时所有断弦皆绷紧。 全部着力在不正使的脖子上，鲜血喷涌，他喉咙被勒断，脖子被切得只剩下一小部分连接着身体，瞪大着双眼，死不瞑目。随着他身体软倒时，手臂正好往茶器上扫过，茶杯、茶壶顿时滚倒。卫青不慌不忙地伸手扶住，两个茶杯从桌子上滚落下来，他轻巧一抬脚，茶杯便落在了他的鞋面上。卫青又把茶器放好，理了理裙摆，转身出门去。他一身雪白的衣裙，不惹尘埃。 他十分注意，布政使的血迹并没有沾上他的裙子。出来时，鬓角也挂了一缕白纱，遮住了半张脸，只余下一双眼睛在外面。外面人多，如此也是为了避免外面的人见到他的脸，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而真正见到他长什么模样的，也只有布政使近身的这几个随从，其余护卫无从见过他。卫青一出门，便迅速的转身关门。门外守着的护卫没有机会看见里面的光景，倒是看见卫青出来时有些诧异。布政使还没出来。 他便先出来了，顿时布政使的护卫便有些狐疑，打量着卫青。卫青面无异色道：“大人说想听琴，正逢琴弦断了，我去取一把新的来。”说着，卫青若无其事地从他们面前走过。然而这些随从对布政使很是了解，布政使喜爱女色，和此女在房中独处，岂会有心思听琴？结果随从谨慎地打量起卫青的背影时，一顿，他一身素裙，可那裙角不显眼处，终究还是不小心。 见有一抹极其细微的呈喷洒状的血迹，若是不留意，在灯火昏暗下根本不容易察觉。但是这些随从一心想从他身上挑出毛病，当然任何细微之处都不会放过。随从猛然喝道：“站住！”同时，另有随从推门一看究竟，结果看见的是满屋子血腥，惊呼：“大人，抓住他！”在随从下令之前，卫青早已拔腿便跑，当即混进了人堆里。步正使于黎双元被害，所有护卫于第一时间捉拿凶手。 凶手还在这梨双园内，是一名身穿白衣裙子的女子。卫青在楼道的转角时，猝不及防遇到了几个护卫，他手脚十分利落，将他们放倒在地，便择路而逃。一时梨双园内十分混乱，在堂上听说死了人的客人们乱作一团，那些护卫凶神恶煞的拔出亮晃晃的刀，令他们尖叫不绝。卫青靠着一根廊柱，刚喘了两口气，满头大汗，脸色有些发白，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臂，淡淡皱了下眉。追兵追来。 他无法，只能冲进就近的一间房里去躲躲。哪想那房中有人，一双男女正在榻上做不可描述之事。见卫青突然闯进来了，女子下意识就尖声大叫。卫青当即跳窗而出，瞬时就不见了身影。而女子这一声尖叫，把外面的护卫引了进来。这下她叫得更厉害了。护卫冷声领色问：“你们可有见过一名白衣女子？”女子颤手指着窗外：“她，她跳下去了。”护卫站在窗前往外看了看。 下面是空旷的后花园，连忙掉头就往下去追。然而卫青此刻的身形正稳在窗户旁边的地方，身体紧贴着墙壁。卫青运气极好，或许是为了美观，窗户下面有一排整齐的少许的青砖伸展出来，刚好可以用来给他踮脚。等到房中的护卫一走，卫青便贴着墙壁，顺着那青砖往前走，走过隔壁房间的一扇窗，先听听房中有没有动静。结果一直走到这一楼的尽头都没有空置的房间，没想到这离双园的生意这么好。 下面的后花园里已经响起了护卫搜寻的声音，卫青再耽搁不得，不管这最后一扇窗里有没有人，先翻进去再说。哪知他还没来得及打开窗户，那两扇窗忽然从里面打开。卫青抬头看见阴井站在窗前的那一刻，脑子里有些空。他身后的夜空中，烟花绚烂无比，掩映在他的双眸里，没有温度，却燃烧的惊心动魄。卫青极力控制着的呼吸，终于开始寸寸凌乱，他几乎已经精疲力竭。 白色衣裙上由臂膀往下延伸，浸染了大片大片的血迹，手臂上的伤口早已不知不觉的裂开。他额前颈边的发丝被汗水濡湿，苍白的脸色看起来颇为狼狈。卫青开口，声音很是沙哑，依然如寻常聊天一般：“殷都督喜欢看烟花吗？”殷景梅在看烟花，却是看着他，片刻又缓缓把窗户合上。卫青怎能就此作罢？见状，连忙撑着窗棂就一口气翻了进去。他清淡的笑笑。 道，要不是迫不得已，我也不想打搅殷都督的雅兴。这不是没地方躲了吗？过了一阵，外面就又响起了搜寻的护卫的声音，给我挨个房间的搜。这不正使的狗腿子还真不少。卫青一声不吭地在殷景房里站了一会儿，就听门外传来锦衣卫的声音，禀道：“大都督，不正使被杀了，他们现在正在缉拿凶手，不知哪来的狗胆想来搜查大都督的房间。”卫青知道殷景的房间最安全的，只要锦衣卫挡在门外，任谁也无法顺利进来。 同时，也是最不安全的。若是阴井把他交出去，他便无路可逃了。早知阴井在这最后一间房里，他就该推倒数第二扇窗啊！可人就是这样，总觉得侥幸的还在后头。锦衣卫的话说完，外面布政使的护卫又躬声说了一席话，就是不进来搜查一番，也要问上两句，可有见过白衣女子在逃？因为后花园里没有找到人，他们怀疑她可能是借窗逃到其他房间去了。布政使的死非同小可，护卫还在门外等答复。 英景神色清淡如水地站在桌旁，动作平缓地倒了一盏茶，拿在手中将要饮食。顿了顿才道：“我房中却有一女子，不妨进来认领看看，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卫青神色一凛，果然不能指望这家伙大发慈悲。卫青当即转身便又往窗边走去，不由分说便欲往窗外跳。关键时刻，英景捉住了他的手腕，他回头，凉薄的眼神直直盯着英景的脸，道：“怎么，殷都督想捉我去领赏吗？”英景道。 我说过叫你不要动，你不听。卫青不指望英井帮他，现在出了事，当然更不指望他能包庇他。只要不妨碍，他就万事大吉了。可好像事与愿违。像他这种人，不会跟你讲什么情面的。尽管你们之前可能一起经历过生死，他早该知道这一点。可到底为什么会对他心存一丝善念，便认为他对自己也应该是善的？当初我脑子有坑，才会救你。英井一把将卫青拽了回来，转身就拖着往内室走，边道。 后悔吗？进入内室，清垂的纱帐微微浮动。卫青站在准备整齐的榻前，有些发愣。不是要拿他去交给那些护卫吗？带他来内室做什么？下一刻，阴景回转身来，卫青受了伤，又精疲力竭，他不费吹灰之力便把他放倒在榻上。卫青躺倒在枕上，撑了撑眼眸，那幽幽冷檀香近在咫尺，好似前不久他才靠着休息过。而眼下他倾身而下，面上表情微沉，却是整个压在了卫青的身上。 没受伤的那边肩头微凉，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衣裙被他扯开，挂在他的臂弯里。卫青所有的惊愕与随之的隐忍都被他收进眼底，他缓缓垂下头，与他交颈相拥。卫青被他压到了伤处，闷声低哼，手里抵着他的胸膛，呼吸一片凌乱。他因脱力而抖着手，紧紧抓着他的衣襟，彼此之间的那份默契相通，使他终还是埋了埋头，躲进了他的怀里。 明明可以不让护卫进来，可他偏偏选择用这样的方式让护卫进来确认，这货是卫青闯出来的。只要殷景想，他有的是能力和办法来阻止他，但还是纵容了他。到最后，他终究还是护了他。若是放他跳窗逃跑，他能不能全身而退还未可知。而眼下新首府才一上位，殷景所在的这州城内便死了一名布政使，而且还是在宴请他的地方被人杀死的。他要是不让护卫进来搜一搜，这是被人当做把柄，以后也是一桩麻烦。 所以紧急时刻出此下策，就当是彼此相互洗白，一举两得。护卫进房来时所看见的，便是那鹅暖纱帐下青背虚掩着的光景，阴紧压着那名女子，唇恰到好处的落在了她的颈边。原来大都督口中所说的房中有一女子，是在与她亲密的女子。护卫顿觉失礼，连声赔罪，粗粗扫了一眼空荡荡的屋子，没发现其他人，就退了出去。房里半晌没有动静，外面的金黄喧哗犹在，烟花爆破的声响犹在。 卫青青丝散在枕边，白衣染血，将与阴景错缠的呼吸渐渐平息。阴景平平淡淡的起身，理了理衣袍，将旁边的一叠衣服随手放在榻上，转身走出暖帐外，道：“换上，要回去了。”卫青看了看那叠衣裳，有些怔愣。那便是之前他在寝室里换下的那身锦衣卫服。他本想着等事成之后再回去把衣服换回来，如此便可跟着阴景顺利的混出去。 可是布政使身边的那些人太机警，对着黎双元的地形又太过熟悉，根本不好甩脱，一直对他围追堵截，才导致他没有时间和机会返回去。不想殷景一早就把他的衣服拿回来了。卫青手臂上血迹如诗，他硬咬着牙背过身去，把裙子脱下来，将锦衣卫服换上。出门时，卫青戴着乌纱帽，遮住了大半张脸，跟在殷景身边。殷景将自己的锦衣卫招回来，除了门前守着的，还有一部分亦是散布在黎双元各处。 只是卫青不知道的是，那些锦衣卫、正将、布政使的大部分护卫给分引开，斗得团团转。这锦衣卫的衣服颜色够深，在夜里形同黑衣。卫青的血迹在衣服上晕染开，也丝毫不担心会有人看出来。他硬撑着，随阴景走出了黎双元的大门，直到上了马车，才终于挺不过去，往阴景肩膀上一靠，晕了过去。卫青失血过多，马车抵达蔡府时，他还人事不省。蔡征哪里想得到，阴景这深更半夜一回来。 怀里还抱着个小东西，身后是浓浓如墨的夜色，府门前的两盏灯笼光火细微。英景步入蔡府家门，丝毫不显急躁，步履沉稳，一脚生风。蔡征神经粗大，张口就来：“哈哈，殷都督这是抱的什么宝贝？是那不正式送给你的？”英景看他一眼：“是你的义女。”蔡征反应了一下，定睛一看，卧槽，还真是个人！再定睛一看，还真是他的义女。蔡征连忙走近，仔细看了看卫青的形容，顿时脸就绷了起来，着急道。 怎么搞的？他怎么弄成这副样子？英景轻描淡写道：“就伤崩了。”蔡征命人立刻去请大夫。蔡夫人听说卫青旧伤复发，昏迷不醒，哪里还能安心就寝？赶紧腾个院落出来安置。大夫过来给卫青上药包扎。蔡夫人放心不下，又守了他一宿。中途卫青清,清醒过一次，他脸色苍白的有些透明，半搭着眼帘，依稀看见床前坐着一位温柔娴静的夫人。卫青弯着唇角，那干净的笑意看着让人心疼。 他唤了一声“娘”，蔡夫人一愣，红了红眼睛，轻轻抚摸着卫青的头，道：“乖孩子，安心睡，娘守着你。”她累极，又合上了眼帘。他娘的，在天之灵是否可以稍安了？他为他娘报了仇啊！